小萌娃才三岁半，一顿却能吃五碗饭，还能单手轻松撂倒小猛男。很不巧，倒霉的歹徒却抓他做人质。都不要过来，不然我就杀了他！等等，只要你放了他，就是金山银山我都给你搬了。嗨嗨，今天运气爆棚，绑了个有钱的主。行行行，三十分钟内准备好一辆车和一百万现金。而此时的婉婉却一脸淡定：“叔叔，你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歹徒怒了：“小屁孩说什么胡话？师傅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既然你不听我话，那就得吃点亏了。” 说着，婉婉小手一抖，反手就扣住歹徒，歹徒挟持刀瞬间落地。然后歹徒和婉婉同时看向刀，婉婉抢先一脚将他踢出十米远，再一手抱住歹徒胳膊，分分钟撂倒。歹徒摔了个人仰马翻，三百六十根骨头同时炸裂。苏州娇急喊宝宝，你怎么样？有没有哪里痛痛？爸爸，我好着呢。师傅说自作孽不可活。哎呀呀，跟你说大祸临头了，你偏偏不信。一小时后，终于到家了。婉婉大声打了个哈欠，一晃神，婉婉震惊的就像婉婉，这是嘛情况？ 师傅说：“前不栽桑，后不栽柳，中间不栽鬼拍手。栽鬼拍手不怕引来厉鬼吗？你看吧，让你把树砍掉，你偷了，吓到我宝贝孙女，你怎么赔？乖孙女，爷爷抱你进去好不好？”而此时的婉婉开始施起小魔法，巴拉巴拉小魔仙，射，搞定，回家吧，爷爷。你最近两个月是不是每天都在做噩梦了？是啊，是啊。乖孙女怎么知道？婉婉赶忙搜罗布袋里的宝贝，找到了，就是他。 爷爷和爸爸一定要把护身符随身带着。好，好，好，我们都说好了。接着，苏州哄婉婉睡下，转身去书房找爸爸。婉婉从小被管，现在终于找回来了。你该打起精神，回到董事长的位置。苏州开心点头。为了女儿，我也要重新振作。而当晚，爷爷竟然一个噩梦也没有做。第二天一早，婉婉跑苏州床前，乖乖等爸爸醒。才奶萌，爸爸我饿，走喽，爸爸带宝贝下楼吃早餐了。好耶，这也太好吃了。婉婉一顿就炫了十个大肉包，外加两瓶牛奶。苏州看着奶萌的女儿。 一脸欣慰，看来被拐卖后收养婉婉的是位高人。吃完早餐，苏州霸气牵着女儿一起去上班。董事长，这孩子是你女儿吗？你怎么知道婉婉是我女儿？那你就带着婉婉去公司到处逛逛吧。而这边的婉婉立马放出八十分小魅眼：“叔叔好，你你好，你好可爱呀、啊，好可爱的人间小幼子。”突然碰到同事打招呼：“王柱，您在这里干啥？”“嗨嗨，我帮董事长遛娃呢。你看，董事长的女儿敲可爱的。”王柱转眼的瞬间，孩子呢？别人三岁都在玩泥巴。 小女娃却已经到处给人算命，哪里冒出来的小屁孩、啊？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出去！素喜挂，咪西咪西，让我来康康你是谁？掐指小算，原来你是我亲哥！小屁孩在这乱认什么亲戚？快把你爸爸！就在此时，叮咚，男人微信群收新消息，不出意外的话，一定是爸爸找我。男人震惊的就像男人是这离谱，我真是爸爸的寻娃启事。没过三秒，男人秒切宠妹桶，我就说谁家的宝宝这么可爱。 原来是我家妹妹，那哥哥跟婉婉一起回家吗？哥哥今天有点忙，那明天呢？明天还有重要会议。哼哼，没有爱了，哥哥心里只有工作。下一秒，哥哥告诉爸爸和婉婉一起回家吃饭。趴墙角偷听的婉婉瞬间一跃三米高，送给哥哥一个爱的抱抱。而就在回家的路上，哥哥希望不要见到那对母女。不好意思，没如你意，他们早上八点就到家了。婉婉一时好奇，那对母女是谁？ 是你三哥苏燕青的妻子和女儿苏青青，那哥哥不喜欢，把他们赶出去不行吗？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不，不是？婉婉无奈摇头，刚到家门口，不出意外的看见那对母女，青青狂奔而来，爷爷，爷爷，我好想你哦，爷爷抱抱，爷爷抱抱。苏州一脸无奈，青青自己走。苏州内心 O S 却是，爷爷的手还要腾出来牵女儿呢。青青冷哼两句，那我推着大伯走了。不料哥哥瞬间暴怒，不必了，你离我远点。而出现在爷爷面前的却是爸爸牵着婉婉，你们回来了，马上开饭了。 先坐会儿吧。话音未落，婉婉一跃八尺高，投入爷爷的怀抱。爷爷，晚上有没有蒸羊羔、蒸熊掌、烧花鸭、烧子吗？必须有，怎么能亏待你个小吃货？哇塞，爷爷你脸上有点东西，有点什么？有点帅。嗨嗨，宝贝孙女的甜言甜语，我有点喜欢。乖孙女，给你介绍下，这是你三哥的女儿青青。紧接着，青青就抱着礼物盒走了。这是我和妈妈给你准备的见面礼，欢迎你回来。不料打开礼物的瞬间，婉婉就看到一股妖气。 同时间家里也笼罩着一股妖气，怎么回事？就在此时，青青的妈妈恰巧下楼，素杯挂咪西咪西，让我来康康你是谁？没想到婉婉发现了不得了的事儿，年仅三岁半的小女娃却有着惊为天人的食量，拐卖分子养不起，主动送到警察局。警察叔叔面露难色，这都第十碗泡面了，难怪拐卖分子主动送上门。然而仅凭小女娃提供的画像，就顺利找到了她爸,爸苏州。苏州一刻不想耽误，火速将女儿带回家。 时间一晃就到了一家人团聚的时间，婉婉见到长得似弥勒佛的爷爷，一跃八尺高投入爷爷的怀抱。爷爷，晚上有没有蒸羊羔,羔、蒸熊掌、烧花鸭？有有有，肯定全部满足我们婉婉小吃货。而让苏州惊喜的是，一到家，孙女青青就着急给女儿送见面礼。最最离谱的是，苏州并不知这份见面礼带着满满的妖气，婉婉却故装淡定。为了保护家人，她决定不再隐藏自己的实力。而此时，青青妈正巧下楼，素杯挂。 咪西咪西，让我来康康你是谁？奇怪，这个阿姨的面相竟然看不出。师傅说，除非是十功德或神仙转世，不然就是故意隐藏。婉婉主动上前 say hello，阿姨，送我的手链在哪儿买的呀？阿姨眼前一脸黑线，而青青却出来打混。妹妹，你应该叫我妈妈嫂嫂，那按辈分你应该叫我小姑吧？嘿哦！况且师傅说，结婚要有小本本，不然不作数。婉婉心里一乐，小样，看你还要使什么阴招？打了个漂亮的嘴仗，她转身去找哥哥，还是跟哥哥待一起舒服。哥哥。 我给你揉揉腿吧。而让哥哥想不到的是，双腿突然间就有了知觉。恍惚间，他又觉得是自己的错觉。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婉婉暗自施起的小魔法，正在一点点治愈哥哥的双腿。时间一晃就到睡觉时间，婉婉死皮赖脸要跟哥哥睡。苏州满脸不放心，不停的巴拉巴拉：“注意点，一二三。”没过三秒，哥哥把门一关，爸爸该睡觉了。他挪动轮椅转身的瞬间，婉婉的问题让他震惊了十秒：“你怎么知道我的腿和青青有关？这个嘛，是秘密哦。你快说说细节。” 哥哥回想起两年前外出开会，中途刹车和方向盘失灵，恰巧撞上大货车。幸运的是命捡回双腿残疾。本以为是意外，却发现车上的配件在青青房间。警察调取的监控都指向他。更离谱的是，最终结果警察却以证据不足不了了之。哥哥说完，愤怒不减。而此时的婉婉伸手给哥哥安慰。婉婉无条件信任。紧接着，他搜出自己的小魔法袋。 潇洒挥字，刷刷刷，三下五除二，给哥哥的平安符搞定了。然后，然后婉婉又开始施起小魔法，哥哥再一次感受到腿的知觉，他终于知道是婉婉的魔法。从此，哥哥化身宠妹控，无法自拔。而与此同时，师傅给的七星剑也在默默保护着婉婉。可发光的七星剑又唤醒了熟睡的婉婉，满屋的妖气欺负着我的家人。婉婉不发威，你真当婉婉是病猫啊？第二天一早，婉婉哼着小曲。 正想着怎么收拾那对母女，然而青青却主动来找茬。婉婉心里有了小算盘，她洗漱结束，故意无视越过青青。青青气出三条黑线，使出吃奶的劲抓着婉婉胳膊。婉婉大喊放开，青青放手，上演小绿茶。哼哼，我都懒得玩的小把戏，你还玩得不亦乐乎？青青妈大骂婉,婉婉没礼貌。青青哥爱把喜欢的手链送你，你这样对他良心不痛吗？婉婉心里一乐，小样，终于上钩了。 他也开始小飙奥斯卡演技。既然是他最爱的，那就还给他吧。毕竟是死人骨头做的手链，送给我内心慌慌。青青震惊的就像青青，该死，我这小心机就这么轻易被拆穿了。”哥哥一脸不敢相信，正想伸手看个究竟，婉婉慌乱拦下：“哎呀呀，别碰别碰！十八颗珠子由十八个恶人骨灰所制，中间灰色那颗乃是西域最高僧头骨。”巴拉巴拉小魔仙，他快速施起小魔法，雷电大火间，只听见恶人生生痛苦叫喊声。青青惊出一身冷汗，不知道这小妮子这么厉害。 嗨嗨，<laughs> 小样，没想到你心思这么歹毒。婉婉若是带着手链一周，怕是要去见阎王了。苏州见状，怒火三尺高，严厉质问青青妈。母女俩却装一脸无辜。苏州直接让他们扫地出门。不料大门一关，婉婉给哥哥比了个耶，我给你报仇了。而另一边，被扫地出门的母女一脸不甘心，新的小算盘却在他们心里悄悄升起。男人以为隔壁家老王塌房，却没想到是亲儿子的花边新闻。这狗崽子千万别回来，不然一定打断他腿。而婉婉竟然说狗崽子好可爱。 好想养一只，可婉婉万万没想到，苏州说的狗崽子是他二哥爸爸，有照片吗？我想看看狗崽子有多可爱。苏州有点难受，宝宝怕不是对狗崽子有误解，他分分钟转换可爱呆萌状。宝宝，爸爸送你去上幼儿园怎么样？然而话音未落，婉婉秒变大哭包，转身向哥哥告状：爸爸不要婉婉了。哥哥淡定安抚，了解 A B C 才知是从小被拐卖惹的祸，应该把拐卖老巫婆丢海里喂猪。婉婉扑哧一声就笑了，突然发现哥哥你是懂幽默搞笑的。 婉婉也想成为跟哥哥一样幽默的人。哥哥趁机露出他那不值钱的笑，嗨嗨，想跟哥哥一样，那就得去幼儿园学习。婉婉一副势必成功的架势，好啊好啊，去就去。时间一晃就来到三天后，三个男人依依不舍目送婉婉踏进校门。然而刚进校门，婉婉就被强行围观，好可爱的小娃娃这是想骗人生女儿啊。而目送婉婉的三个男人却一天都坐立不安，可婉婉却是人来熟，在学校玩的不亦乐乎，依然是误玩起干饭小能手，还会主动撩哥。没办法，谁让他那么帅。 还自带金光紫光，是难得一见的功德圆满之人呢。然而小帅哥有点冷，除了说我叫顾方池，却是惜字如金。晚晚开启小画痨模式，分分钟惹恼顾方池。顾方池有点尴尬，只能用咳嗽来掩饰。晚晚思考六点一八秒，却霸气喊话要照着顾方池。接着他疯狂翻起自己的魔法袋，无奈护身符用完了，他表示晚上回家就给他画符。这一举动却惹得小胖子嫉妒：“你干嘛支离那个瘸子？我长得也不赖呀、啊！” 说着，小胖子就把游戏机朝顾方池丢去。婉婉瞬间怒了，给人取外号，开始用暴力。婉婉不跟你交朋友。小胖子哭得更凶了。面对婉婉的死神凝视，他只能呜呜大哭，回家找妈妈。而看着刚刚发生的这一幕，顾方池开始变柔软，害羞地跟婉婉说头发散了，还主动帮他扎头发。婉婉开心的眼睛冒泡，我好喜欢啊。而时间一晃就到了放学时间，三个男人迫不及待接婉婉。爸爸瞬间发现婉婉不一样，一问才知是顾方池的杰作。可三个男人听后却秒变死神凝视脸。 三岁女娃只是交个小男友，却能惹火爷孙三人组，生怕自家小白菜被狗。出门必配保镖安防队。婉婉喃喃自语：“哥哥和爸爸太粘人了。” 保镖眉毛一挑，小姐怕是还不知老板是女儿奴，时间一晃就到了回家倒计时中，婉婉仰天咆哮：“为什么都找不到我想要的东东？”保镖一脸问号，问婉婉想要什么？婉婉竖起手指细数 A B C，简而言之就是要黄符。保镖听后一脸黑线。然而不到三秒，保镖便带着婉婉闪,闪现古玩市场，却撞见算命先生说：“女人的婚姻线又长又直，定是婚姻美满之人。”婉婉凑近一瞧，仰着小头气呼呼道：“我说大叔，钱可不能这么赚，容易遭天谴哦！”算命先生慌忙下逐客令。 谁家倒霉孩子，快领走！而与此同时，保镖一把将婉婉护在胸前。我家大小姐。婉婉从保镖身后探出小脑袋，看手相讲究左先天右后天，简单的说就是左手的运势胜于右手。而这位阿姨伸左手，你却说后天多好。接着，婉婉不顾算命先生给阿姨看起了手相，不出意外的全说对了。阿姨连忙点头，小姑娘你是懂看手相的。然后愉快的跟婉婉挥手道别。可算命先生却不乐意了，钱还没给呢，这倒霉孩子。 保镖还带这么多，好汉不吃眼前亏。说着，背起布袋就疯狂跑路。算我倒霉，以后不要让我再碰见你。晚晚扑哧一笑，你可别乱跑，越跑越倒霉。偏偏就是这么刚好，他一个不小心被石头绊倒，直接扑向了前方刚来的那垃圾车，狠狠地摔了个狗吃屎。老道士没忍住，那一位疯狂呕吐。晚晚一脸嫌弃，都跟你说了，越跑越倒霉，以后不能再骗人了。就在这时，一个身穿道袍的少年从晚婉身边飞驰而过。老板，我要五百张黄符。晚婉嘿嘿一笑。 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小女娃明明只有三岁半，却主动撩哥。Oh my god，你有点小帅，做我第二十七个好朋友好不好？男孩在女孩的强烈攻势下，轻松被拿捏，而成为婉婉的好朋友。送黄甫宝平安是标配，可就是这么突然，黄甫刚好用完了。 第二天，婉婉就跑到古玩市场找黄符。与此同时，一个帅气的小道童从婉婉身边穿过。婉婉总觉得这个道袍有些眼熟，可小道童急冲冲，婉婉还来不及开口，已不见踪影。而保镖和店主的对话却瞬间拉回了他的思绪。没过三秒，婉婉就兴奋地喊着：“他要五色符纸、朱砂、黄芪。店主不明所以：“你个小屁孩，凑什么热闹？哪边凉快待哪去？”婉婉被说的一脸委屈。保镖疯狂护住，霸气甩出黑金 店家乖乖拿出婉婉想要的 A B C，婉婉开心的就像三岁小孩。保镖见状，霸气喊话买下小姐想要的所有 A B C。而与此同时，小道童又气喘吁吁跑，不是刚买了五百张吗？小道童无奈，这届新生不好带呀、啊，画符功底弱爆。店家抱歉表示今日符纸已售完，想要明日再来。小道童震惊的就像小道童，那我怎么跟师傅交代？喏、哦，那边的小财神，你要不要问问？小道童犹豫片刻。 心想，为了不被师傅揍，突然就鼓起勇气问婉婉是否愿意云些符纸，可瞬间又泄气的跑开了。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婉婉却叫住了他：“不要跑啊，你不是要黄符吗？这些都送你了。”正当小道童感动的泪流满面时，婉婉要求送符纸的条件是要回答他几个问题。画符很难吗？哎呀呀，你不懂我们的苦。 那真的是不能说的苦。不过我那不值钱的师傅天天吹牛，他那三岁画幅天才小师姐。而此时的师傅在道馆却狠狠打了个喷嚏，婉婉心里也有了答案。你师傅是不是叫向德寿啊？小道童一脸震惊吃瓜，你会算？了。婉婉晃动他那小脑瓜，嘿嘿，我大概率就是你说的那天才小师姐。小道童火速跑回道馆告诉师傅，然而还未开口，却被师傅一顿痛骂。干啥去？买个符纸？太阳都下山了。他一脸委屈，说着遇见的萌娃知道师傅名字。师傅瞬间来了个双肩掐，上演一出快问快答。 那丫头是不是眼角有个泪痣？还随着带着随便背包，用着五颜六色的符纸。小道童连声喊着：“对对对，师傅说的都对。”而此刻的师傅心里已了然。小女娃三岁半，却有一双火眼金睛。这天，她独自来公司找爸爸，但她第一眼看到的不是爸爸，而是背着女鬼的男人。原来，男人是苏爸生意场上的战略合作伙伴。看到爸爸和浑身散发着力气的男人走在一起，婉婉一脸担心的叫住爸爸，想要提醒他们要小心。而看到女儿的苏爸。 瞬间化身炫女狂魔，疯狂输出自己的闺女多可爱。婉婉也是凑近礼貌打招呼，而与此同时，男人身后的女鬼也阴冷的和他打起招呼。婉婉感觉是有蹊跷，赶忙掐指小算一下，素杯挂咪西咪西，让我来康康你是谁。接着她自信扬起小脑袋，问背着女鬼的顾叔叔，是不是最近霉运有点多，晚上睡觉不踏实，总感觉有东西压着。此话一出，苏爸着急，担心合作伙伴不高兴，赶忙站出来打了个圆场。 一定是你顾叔叔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老顾，我们还是先去开会吧。婉婉依旧不放心，大喊提醒顾叔叔不要独处在密闭空间。而让婉婉没想到的是，下一秒顾叔叔就独自去洗手间，老顾还一脸懵逼。老苏的小女儿怎么神神叨叨？然而老顾抬眼的瞬间，却被女鬼缠上身，出来仿佛就变了一个人，谁也不理睬，只是径直朝着天台走去。恰巧经过苏爸办公室，婉婉立马察觉不对劲。等等，顾叔叔怕是不听劝，出事了！他三下五除二跳下沙发。 奶萌喊着顾叔叔，却没反应。婉婉赶紧施起小魔法，巴拉巴拉小魔仙，射不好，真的被我猜中。顾叔叔被女鬼缠身了，他赶忙撒腿就跑，还不忘提醒爸爸拿上他的七星剑去天台。苏爸虽然内心恐慌，但为了宝宝，他还是鼓起勇气拿上七星剑去天台。而这边的婉婉累得气喘吁吁，都怪平时吃太多，还偷懒不锻炼。为了顾叔叔，我可以坚持了。时间一晃，婉婉终于爬到了天台，她用尽吃奶的劲推开天台的大门。顾叔叔，婉婉来救你。 不出意外的是，被鬼缠身的顾叔叔已然站在天台边，听到婉婉的声音，还不忘来个阴冷的回眸一笑。婉婉马不停蹄，再次施起小魔法，巴拉巴拉小魔仙射，急急如律令杀。没想到离了个大谱，多张符纸魔法瞬间失效，不听话的啪啪掉落。就在此时，苏爸及时赶到，七星剑该出大招了。苏爸还不明所以，哎呦喂，我的宝宝，你也跑太快了！哎呀哎呀，我说老顾，你来天台干什么？而此时的婉婉只是伸出小手。 霸气护住苏爸，爸爸你先靠边站。紧接着，婉婉做了一个准备起跳的姿势，三二一，然后再来了个纵身一跃三尺高，朝着被女鬼缠身的顾叔叔就是刷刷刷。落地的瞬间，还不忘摆个 pose，简直帅爆了。女鬼魂魄,魄也随之灰飞烟灭，而顾叔叔吓得晕倒在地。婉婉抬手擦擦汗，幸好来得及时。我第一天累得我够呛，小女娃三岁半，却发誓此生要救一千万人来积攒满级的灵力。可没想到，最先救下的却是未来大概率要成为公公的男人。就在刚刚。 他一跃三尺高，挥起七星剑，一把就斩杀了附身在男人身上的女鬼。男人吓得晕倒在地，直接被幺二零送进医院挂水。六点一八秒后，老顾苏醒后，吓得还在大喊有鬼。一旁的助理却乐了，幸好婉婉及时赶到，救下想要跳楼的顾总。老顾扶额，献丑了，真是不听小孩言，吃亏在眼前。而与此同时，助理拿出婉婉留下的黄符，交给老顾。婉婉叮嘱转交，并友善提醒顾总要带着不离身。听到这儿的顾总羡慕极了。 还是你们苏总有福气，拥有这么乖巧奶萌的女儿。再想想自己那个不争气的崽，对比之下就好生气。可老顾还不知道的是，婉婉却钟情于他家那不争气的。第二天来上学的婉婉没有看到顾方池，便着急询问老师。老师轻声安慰，刚想说顾方池小朋友生病了，要明天才能来。话音未落，婉婉却开心地看向右前方，原来是他那有点傲娇的小男友来了。柔柔和东施大吼顾方池，接着猛地一跃八尺高，猝不及防就送给顾方池一个爱的抱抱。 这一波操作倒是让顾方池瞬间慌了神，哎呀呀，你太重了，我抱不动了。结果可想而知，两人拥抱着双双落地，而这一亲密举动也顿时让顾方池羞红了脸。婉婉却一点不在意，只是一味的询问顾方池病情，还霸气说自己会医术治病。可此刻的顾方池却写满尴尬，先不说病情，你快下去，让我站起来再说呀。婉婉这才意识到不好意思，抱歉抱歉，看见你太激动了。而在一旁看热闹的老师终于打破现状，宝贝们先去后院玩好不好？ 婉婉乖巧点头，转身的瞬间，顾方池却已不知去向。什么嘛，跑哪去了？也不等等人家。想到这儿，婉婉更加气不打就在此时，突然听到树林那头的吵闹声，婉婉瞬间乐了，嘿嘿，被我发现了吧？看婉婉躲起来，怎么吓你一跳？可当她探出小脑袋查看究竟时，却被眼前的一幕吓懵了。男人准备了百分之二百五十分量的麻药，却麻不晕三岁小女娃。明明说这分量绝对能让人睡上十天十夜的，而就在顾方池消失不久。 婉婉就气鼓鼓的来到幼儿园后院，却突然听到树林那头的吵闹声。婉婉瞬间乐了，她试探性的歪着小脑袋一看究竟，什么人贩子？他们这是要绑票顾方池？可转念想到自己被人贩子拐卖的经历，却又瑟瑟发抖。但不管不顾的内心会感觉很不安。婉婉努力做着心理建设。 正当人贩子把顾方池丢上车的瞬间，他鼓足了一百八十分的勇气，气场两米八的走出来呵斥：“放开他！你们这两大坏蛋！”两土匪转身看着眼前的小奶娃，没想到还能一箭双雕，土匪立马动起了歪心思，一个假装和婉婉聊天，另一个早已绕到婉婉身后，趁婉婉不备之时，用带着大分量麻药的手帕捂着她的鼻子。婉婉意识渐渐模糊，直接被一起带走。而另一边的老师终于开始清点人数，不点不知道，一点吓一跳。他赶忙叫来苏爸和顾爸，苏爸一时不能接受。 刚找回的女人怎么救？然而顾爸却能冷静地要求调取监控。最离谱的是，监控路线早就被人处理过。此话一出，苏爸和顾爸面面相觑，透露着深深的担忧。幸好两父亲担忧的娃目前还相安无事。正当绑匪筹划着用两娃换巨额现金时，婉婉已慢慢苏醒，看着身旁依旧昏迷的顾方池，他条件反射性地大喊：“顾方池，你咋了？快醒醒啊！”可这一举动瞬间惊动了绑匪。小妮子怎么这么快就醒？这麻药怕不是买的三无产品？罢了罢了。 看这两小屁孩也整不出事来，恰巧顾芳池在这时醒来，婉婉对着绑匪就是一阵巴拉巴拉的输出，绑匪实在受不了，抬手就想揍婉婉，却不出意外的被婉婉拿捏。婉婉这超级无敌大力可不是吹的，这让绑匪震惊不已，完全动弹不得。这是嘛情况？紧接着婉婉一脸自信的训斥：“打小孩是犯法，你不知道吗？” 天才小道童被绑票，但他决定不再装死，而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小男友面前显露自己的实力。你们要带我和顾方池去哪？绑匪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准备开走，婉婉却第一时间站起，捏住绑匪的手，绑匪挣脱不开。这小妮子怕不是怪物吧？一旁的顾方池看着两人僵持不下，一把将婉婉拎起送进怀中，他还小。 你们别介意，而此时的婉婉早已春心荡漾，这男友力简直帅爆了。绑匪气炸了，哼哼，待会儿你俩别想吃饭了。此话一出，婉婉瞬间哇哇大哭，怎么可以没有饭饭？我要吃饭饭！婉婉撕心裂肺的哭声却惹得绑匪一阵烦躁，再哭再哭,再哭就把你干掉。与此同时，另一绑匪刚买午餐回来，怎么着这小祖宗了？就说不给他吃饭就绷不住了，这好办呀，我买了好多吃的，给他一个饭团不就打了？终于消停了，把他们送到 C 市，我小眯会。可没过三秒。 晚晚就快速炫完一个饭团，他摇醒正准备眯瞪的绑匪叔叔，还有吃的吗？晚晚还没吃饱。绑匪缓过神，袋子里空空如也。这小妮子吃完了我们一周的伙食，真的忍不了。再这么下去，我们也要被吃穷了。说着，他们便火速停车，拎起两个小奶娃朝一小区走去。两绑匪还嘀咕着要把两奶娃干掉。婉婉趴墙角，好奇的问顾方池：“干掉的意思是？”顾方池直接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就是杀掉的意思。 婉婉一听要被杀掉，瞬间又开始大闹。绑匪这一次便不再仁慈，恶狠狠地对着婉婉就是一通警告。婉婉心想，在危险面前保住小命要紧，便疯狂点头安静下来。绑匪开始更加粗暴了，拎起两娃进门，就将他们重重摔在沙发上，再拿绑绳将两小奶娃牢牢捆住。婉婉心疼散落一地的薯片，绑匪却对着婉婉又是一顿训斥。而与此同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您好，我们是 C 市派出所来做人口普查的。”这可把绑匪吓得一哆嗦。 其中一绑匪火速捂住两奶娃小嘴，并严肃警告他们不准出声，再拎起两娃藏在沙发后，才敢让另一绑匪开门。开门的瞬间，警官严厉训斥：“怎么这么慢？”绑匪却只是小心翼翼地道歉，找各种理由搪塞。而警官眼神变得犀利：“家里有小孩吗？零食看着像是小孩吃的。”绑匪委婉陪笑。 不不不，我买给自己吃的。可警官一脸的不相信，总觉得是有蹊跷。正专注思考时，警官助理却开始打马虎眼。警官瞬间放松了警惕。行行行，那就简单做个记录就行。关门的瞬间，绑匪对着布方池就是重重的一脚。你这臭小子，竟然敢咬我！刚还想喊救命，现在就是喊破天都没人来救你了。可让两绑匪没想到的是，两奶娃已凭借自己的努力挣扎，偷偷给自己松绑。师傅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叔叔你这么粗暴。 肯定是成不了活了，人家嫌弃你还来不及。绑匪怒了，小屁孩，你怕不是在玩我？此话一出，顾方池护住婉婉，对着婉婉小声嘀咕：待会儿我引开他们，你赶紧跑路，听明白没？还未等婉婉回应，他便转身对着绑匪喊话：叔叔，只要你放了我们，我爸爸可以给你们很多的马内。绑匪开始暴跳如雷，老子不要钱了，只想要你们的命。婉婉掐指一算，咪西咪西，看来他真的想要杀我。们。 紧接着，他快速护在顾方池前。你放心，婉婉护你周全。然后他开始施起小魔法，巴拉巴拉小魔仙。射。这时拿着刀的绑匪已动弹不得，反而顺势将刀丢向了别处。接着，婉婉拿起了扫帚，顾方池拿起了拖把，同时击中一绑匪。没过三秒，这绑匪已被两奶娃制服在地。另一绑匪顺势拿起手枪对准对准婉婉的额头。婉婉一点不害怕，快速在背后施起大魔法，还大声挑衅绑匪：“我就坐这儿，谅你也打不着我。” 绑匪大怒，小屁孩还敢挑衅，说着便毫不犹豫的开起了枪。可这一声枪响，瞬间惊动了刚走的警员，他们火速狂奔。那户人家果然有问题。然而等警察走到门口时，却发现婉婉拿枪对着两绑匪正训斥：“哭哭什么哭？我三岁娃都不哭，你一个男人哭不害臊吗？”警官疑惑的喊着：“苏婉婉，怎么是你？”婉婉开心的冒泡：“何琼哥哥，好久不见 然后就送给警官一个爱的抱抱。让警官没想到的是，两绑匪竟开始疯狂输出，被这小屁孩折磨的有多惨。警官笑了，他们绑架你怎么成你折磨他们了？而此时的顾方池一脸自责，不关他的事儿，他们要绑架的目标是我，他是被我连累的。婉婉却一脸娇羞，牵起小男友的手，傻瓜，我是自愿的，今天护住了你的安全。婉婉很开心的，两娃还在浓情蜜意，却被警官打破了这份吻，跟我回警局做口供吧，晚点你们家长会来接你们回家。而到警局的顾方池依然不减自责。 婉婉，对不起，让你跟我一起陷入危险。刚才看手枪对着你时，我感觉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可听到这的婉婉完全没有反应。不方池转眼一看，却发现婉婉已晕倒在他肩。安还坐在靠椅上，二十四小时不吃不喝，连厕所也不上，就为了等旁边的小女娃醒来。本来还担心小女娃怎么晕倒，直到看到满脸的口水，才知原来是睡着了。就在此时，警官何琼出来问话，幸好你们还在。婉婉睡眼惺忪地睁开她那卡姿兰的大眼睛，看见何琼的瞬间，开心的眼睛冒泡。 何琼哥哥，一定要把坏人都抓起来，省得他们再去害别人。何琼微微点头，想起审问时有很多疑点，还需一点时间来破案。但是哥哥，能不能先问婉婉宝贝几个问题？好啊，好啊，何琼哥哥，你问吧。在你们绑架房间的墙上插着一把刀，是怎么回事？柔柔思考六点一八秒，自信昂扬的疯狂输出 A B C，最终何琼得到的答案刀是自己飞到墙上的。何琼一脸不敢相信，小声问顾方池：“是这样吗？”顾方池尴尬点头，就看能不能敷衍过去。 何琼发挥他那超高智商，这小女娃怕是不简单。毕竟她的组织里面都是很厉害的人。紧接着，她无奈地抽出护身符，问婉婉怎么回事。婉婉接过护身符，哎呀呀，都烧没了呀！然后，然后就掐着小腰，大声呵斥：“何琼哥哥，你不听话呀！婉婉给你的符帮你挡去了死劫呢。”何琼猛然想起三天前在小巷子追捕犯罪团伙时，他们打过来的子弹竟自己会拐弯，真是感谢我们的小福娃才躲过一劫。说着，婉婉再次施起小魔法。 送给何琼哥哥护身符，这一次一定要听婉婉的话。何琼感动的泪流满面，宝贝们可以回家了，爸爸很快就到了。说着，婉婉开心的拉起她那小男友的小手，走走走，我们去找爸爸。可让婉婉想不到的是，顾方池一岁时就出了意外腿瘸，导致不能快跑快走，所以快跑的结果就是要摔大跟头。婉婉不吱声，没想到你这帅气的脸庞下竟藏着这么深的痛。顾方池尴尬，想起从小被嘲笑的痛，瞬间大怒，你走，不要管我。婉婉震惊的就像婉婉怎么突然这么凶啊？ 咪西咪西，让我掐指一算，原来是以为我嫌弃你啊！不是的，我只是在想要怎么能治愈你的腿，我本事大着呢，你等着看吧，说不定我能给你惊喜哦。那个男人头顶上背着一个女鬼，女人却说她只是压力太大。小女娃掐指小算，糟糕，这个叔叔被女鬼附身。说着，婉婉撒开八尺小腿，跟随顾叔叔到天台，火速挥起他那五尺七星剑，三下五除二斩杀女鬼魂魄。 老顾吓晕，被送进医院。待他苏醒，第一时间收到婉婉的护身符，有个小心思在他心里缓缓升起。他发誓一定要收婉婉为干女儿。就在此时，助理接到电话，顾方池和婉婉被绑架。顾爸和苏爸火速赶往幼儿园，不料监控早已被切断。而让梁老父亲没想到的是，两娃却有着超乎年龄的冷静，还能轻松撂倒绑匪，令现场普查的警察都目瞪口呆。六点一八秒后，两奶娃回警局做完口供，就等梁老父亲来接。婉婉开心地拉起顾方池小手，走喽，我们去大厅等爸爸。 然而，快跑的动作让顾方池紧跟不上，而翻了个跟斗。与此同时，婉婉才知顾方池一岁时出了车祸，导致残疾。顾方池一脸伤心，感觉马上就要失去婉婉这个玩伴。而婉婉只是轻轻挽起顾方池的胳膊：“你放心，婉婉的医术也不赖，给我一个月，我能让你恢复奔跑。你相信婉婉吗？”顾方池感动的小脸微红，疯狂点头。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婉婉开心的就像打了场胜仗。而与此同时，两老父亲正巧赶到：“爸爸，是爸爸来了！”婉婉一跃三尺高。 飞奔扑进爸爸怀里，爸爸，婉婉好想你啊，想家里的烧花鸡，烧子了。哎呦喂，我这可爱的小吃货，家里通通都给你备着。对比另一边却异常的冷静，顾爸只是冷冷的问是否有受伤。就在这时，何琼警察来打招呼，关于此次绑架案，我们会随时向两位汇报进度。而婉婉却扬起他那小脑袋，呆呆的看着顾叔叔，不对劲啊，顾叔叔的死劫还未过去。老顾率先问婉婉，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不不不，顾叔叔，我看你印堂发黑，性命堪忧啊。老顾一愣。 那顾叔叔要怎么做才能破解呢？婉婉拍着三尺小胸脯，放心，一切交给婉婉。只不过顾叔叔能不能答应婉婉一件事？当然可以，婉婉你说，就是就是顾方池可不可以做我正式小男友？顾爸一听乐翻了，周哥你这女儿不要太可爱了，还没长大，你这小情人就被我兔崽子拐走了。苏爸一肚子火气，管什么管？我的女儿谁都不能管。然后然后两老父亲竟打起了嘴仗，梁奶娃在一旁看戏，这也太幼稚了。没过三秒，顾爸转身告诉婉婉。 以后要叫顾方池哥哥。顾方池一脸不祥预感，这老父亲又想做什么妖？然而下一秒，顾爸就说：“婉婉以后得喊我干爹。”此话一出，梁奶娃震惊的就像梁奶娃，男人要认小女娃当干女儿，小女娃却哭了。你这叔叔，我明明想当您儿媳，你却想要我当干女儿。犹豫片刻，婉婉告诉爸爸：“顾叔叔要认我当干女儿，爸爸怎么看？”苏爸只是俯身问婉婉：“宝贝愿意吗？” 婉婉思考六点一八秒，然后微微踮起脚尖，悄咪咪说：“如果以后顾叔叔每次来都带着顾方池，婉婉还是很愿意的。”爸爸叹了叹气：“我这小宝贝哦，真的要被顾家拐走了。”接着，婉婉和顾爸拉钩：“那说好了，以后见面都得带着顾方池来陪我玩。”顾爸见状，毫不犹豫地伸出双手，就想送婉婉一个爱的抱抱，却被顾方池紧紧抱住：“爸爸，你冷静点，你的过分热情怕是要吓到婉婉。”顾家父子俩的这波操作，却让婉婉开心的冒泡，还是小池哥哥最好。 顾方池一脸害羞，你喊我小池哥哥。对啊，我喊顾叔叔、干爹，喊你不就小池哥哥吗？紧接着，婉婉猝不及防地送给顾方池一记香吻，顾方池小脸红到耳根，结巴说着你：“你你怎么？”顾爸一旁疯狂拍照，露出一脸慈父相。顾方池则是和爸爸干架：“爸爸，你快把照片删掉。”而在两父子干架中，苏家妇女和他们道别。时间一晃就到了第二天下午，婉婉整整补了十个小时的觉。宝贝，醒了、啊，饿不饿？ 要不要吃点心？此话一出，婉婉瞬间切换小吃货模式，这么多好吃的呀，看得口水哗哗直流啊！就在此时，婉婉的肚子开始咕噜咕噜作响。爸爸，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呀？你这小调皮，宝贝饿了就快吃吧。爸爸要去上班了，你在家陪爷爷吧。而此时的爷爷开心到竖起八字胡，宝贝要不要跟爷爷去钓鱼？钓鱼？看爷爷很喜欢夜，应该蛮有意思的。那婉婉要去，爷爷瞬间开心的泪流满面，不容易啊！ 天天被儿子孙子霸占，乖孙女搞得我都没时间和宝贝培养感情。六点一八秒后，爷爷带着婉婉闪现渔场。老苏，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咋来了？没发现我今天有点不一样吗？哪里不一样？因为我带着我的乖孙女。此话一出，三老头瞳孔地震。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孙女？老人身边惊现三岁小女娃，三老头却说他拐卖儿童。一旁的小女娃笑了：“爷爷，你们是这幽默。”六点一八秒后，婉婉激动的大喊：“顾爷爷，你有鱼儿上钩了！” 顾爷爷转身挥动三尺鱼竿，果真是鱼儿上钩，所有人凑近看热闹，直夸老顾厉害。只有婉婉看向河中央，没过三秒，他自信扬起小脑袋，告诉爷爷会钓到更大的鱼哦。一旁的王爷爷听后却一脸不屑，嗨嗨，一个小娃娃的话怎么能信？顾爷爷一脸慈祥，那可不一定，这娃娃聪明着呢。下一秒，顾爷爷走开，独自去垂钓。而爷爷这边，鱼竿突然就有了动静，不是吧？这么快就有惊喜？只见爷爷挥动八尺鱼竿，哇塞，这鱼起码有上百斤了。 王爷爷啪啪打脸，这小娃娃怕不是锦鲤在世吧？而与此同时，隔壁突然传来扑通落水声，众人震惊的就像众人，不好，是老顾意外落水。爷爷三下五除二脱去外套，还不忘吩咐保镖快报警。说完，火速跳入河中，朝老顾狂游而去。一旁的婉婉八尺墨镜一摘，咪西咪西，让我来掐指小算一下，放心，没什么危险，爷爷马上就回来，你快去准备毛巾和热水。我刚算过，此番没有危。话音未落，天空却飘来一阵打雷声。婉婉再定睛一看，糟糕。 不出意外的话，马上要出意外了。刚刚明明算过的，为何现在河里却布满阴气和煞气？可望着远处的爷爷和顾爷爷，婉婉露出了久违的担心。天才小道童掐指小算，从未失误，可这次小算却离了大谱。看着爷爷和顾叔叔还在满是阴气和煞气的河里，婉婉真的慌了。他立马撒开三尺小腿，大喊着：“爷爷，你一定要好好的！”待跑到靠近爷爷的小桥中央，他火速取出符纸，眼看就要出意外了，妖怪开始疯狂的把爷爷往下拽。婉婉一刻都不敢耽误，她快速施起小魔法。 巴拉巴拉小魔仙，射！可这一波操作让河水来得更加汹涌。婉婉赶忙转动他那三百斤的小脑瓜，看来只能最后一搏了。没过三秒，他抽出匕首，哗啦啦划破自己的小手。他忍着剧痛挥动流着鲜血的三尺小手，天空中立马生成一道黄符。婉婉在大喊：“风生水起，随我去化。黄符瞬间变成一道金光洒落河中，河水秒变平静。婉婉大呼一口气：“幸好，幸好！”而另一边，爷爷已将顾爷爷救回岸边。 所有人都一脸懵逼，刚刚的河水为何如此湍急？与此同时，婉婉像风一样的女子狂奔而来，带着撕心裂肺的哭腔，不停的喊爷爷，爷爷，爷爷。听到婉婉哭了，不停自责的说爷爷错了，宝贝不哭。时间一晃就是一小时后，婉婉和爷爷顺利回到家中。爷爷不出意外的不停打着喷嚏。苏爸见状，忍不住的调侃，爸，你这钓鱼怎么钓水？话音未落，却被婉婉打断，才不是，爷爷今天是 superhero。紧接着，婉婉秒哭，爸爸我怕。 是婉婉没用，婉婉想保护爷爷、爸爸、哥哥，希望你们都健健康康、长命百岁。当然，健健康康的前提是少熬夜哦，宝子们都要注意身体啊。而看着哇哇大哭的婉婉，苏爸心疼坏了。宝宝不哭，今天是看到了不干净的东西吗？别人三岁小女娃还在玩毛毛虫，可婉婉却已经能掐会算。而就在刚刚，婉婉因为一次掐算的失误而感到自责，她不停的嘀咕。婉婉希望爷爷、爸爸、哥哥们都好好的。苏爸凭着自己多年商场打拼的敏锐知觉。 察觉到婉婉的言外之意，他立马让身边所有人回避，才小心翼翼地问婉婉：“宝贝说不想我们出事，是不是掐算到不好的事儿？”婉婉拂去眼角泪水，支支吾吾回应：“因为，因为家里都是妖气，刚刚差点让爷爷也出意外。”此话一出，爷爷震惊的就像爷爷：“难怪刚刚感觉有人把我往下拽，原来不是错觉啊！”爷爷赶忙送上弥勒佛似的微笑安抚：“婉婉超棒的，因为宝贝，爷爷现在才好好的嘛。”紧接着，苏爸也送上老父亲似的安慰：“是啊，婉婉才三岁半，等长大后只会越来越厉害。” 而听完老父亲鸡血式的鼓励，婉婉立马满血复活。爸爸说的对，那婉婉现在立马去画符。时间一晃就到傍晚时分，婉婉奋笔疾书，一出手就画了一万张符，真是妥妥天才小道童。然后他疯狂给大哥、爷爷各塞入一百张黄符，紧接着给爸爸塞了六百张黄符，因为还有五个哥哥嘛。而让婉婉没想到的是，他的奋笔疾书却令郊外散布妖气的道士遭到反噬。师傅，你怎么了？老头怒气飙升，也不知道苏家哪来的本事，找到了有道行的道士破了我的妖气。 可他想破天都不可能想到，这个有道行的道士只有三岁半，他还敢自信放话，不出一年内必须要搞倒苏家所有人。时间一晃就是第二天清晨，晚晚泰山石压顶的爬过大哥身上，大哥秒变清醒，看着一旁咕噜咕噜,噜喝水的婉婉，才想起苏爸的提醒，怪自己大意。然后，然后他只能尴尬的笑着和婉婉 say morning。紧接着，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出意外了。只见大哥惯性穿起拖鞋，打着哈欠准备去刷牙，下一秒，他震惊八十分，我竟然站起来了。与此同时。 婉婉震惊的就像婉婉，她不敢相信自己施的小魔法，魔力这么大。想到这儿，她不禁笑了。小男友顾方池有救了，男人残疾三十年，却被三岁小女娃一道符纸治愈。就在刚刚，苏启怀突然就能走路了。婉婉震惊的就像婉婉，大哥，你可以走路了耶，太棒了！苏启怀也是一脸不敢相信，这感觉太奇妙了，我真的可以走。直到他带着疑惑来回踱步，他才敢相信这不是做梦。紧接着，他刷的抱起婉婉。 婉婉，晚晚你这嘴怕不是开过光，你太厉害了！哥哥对你的崇拜犹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婉婉笑呵呵，快快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爸爸和爷爷。然后他撒开三尺小腿，一步并三步飞速下楼。恰巧苏爸过来，看到站着的儿子，苏爸激动的泪流满面。于是两父子相互对视三十秒，秒懂这三十年的苦。时间一晃就到了早餐时间，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吃早餐。爸爸，哥哥的腿好了、啊，是不是可以陪我去游乐场玩了吗？当然啦，以后婉婉想去哪，哥哥都陪着你。太棒了！ 婉婉超爱哥哥的，一旁的苏爸却吃起了三十年的老陈醋。婉婉都不爱爸爸，此话一出，婉婉这个端水大师心领神会。婉婉超爱这个家，爱这个家的每一个人哦。三个男人听完笑哈哈，开开心心送婉婉去上学。苏爸永远操碎心，巴拉巴拉一通 A B C，才肯放婉婉进学校。下一秒。 婉婉进校门的瞬间，就碰到绵绵老师，她第一时间不是跟老师问好，而是找顾方池。绵绵老师笑眯眯：“你们两个小娃娃是这默契，是约好同一天来上学的吗？”接着，他就牵着婉婉去找顾方池。婉婉见到顾方池，内心欢喜一跃而起，想要送给顾方池爱的抱抱，而顾方池有起初的一脸淡定。 瞬间变得不淡定，他屏气凝神，撒好一字马，准备迎接婉婉的强势热情。这一次，他稳稳地接住了婉婉，虽然自己还是摔痛了屁屁，可在绵绵老师提醒婉婉不能再这样时，顾方池反而说自己没事。听到这么说的婉婉，开心地拿出巧克力和顾方池分享。一旁的小胖子嫉妒 h e l l o 婉婉，我也想吃，喂我一口呗。”此话一出，顾方池秒变死亡凝视脸：“我的小女友，你也敢动？吓得小胖子狂奔回家喊妈妈。 别的小朋友书包里装书，婉婉包里却装了五百斤零食。苏爸生怕饿着婉婉这个小吃货，但也因为这个零食惹出一场风波，气得小胖子哭唧唧跑去找妈妈。可下一秒恰巧碰到绵绵老师，小胖子哭唧唧告状：“老师，顾方池杀我！”老师震惊的就像老师：“他他用什么杀你？”小胖子哭唧道：“他用眼神杀我。”与此同时，婉婉忍不住插话：“老师，小胖子说谎。” 他让我喂他吃零食，还骂不方池是瘸子。还未等老师开口，婉婉便霸气拉走不方池，留下小胖子继续哭唧唧。时间一晃，就到晚饭时间。这是婉婉第一次拿食物出气。苏爸和爷爷眼神对视，感觉今天的婉婉不对劲。苏爸温柔问婉婉怎么了，婉婉气得口齿不清回忆，回应我没事。苏爸灵机一动，对了，明天是婉婉干爹生日哦。没想到这句话果然奏效，婉婉这个小吃货秒变开心，太棒了，我又可以去找小吃哥哥玩了。 紧接着，婉婉着急下桌，说要帮干爹准备生日礼物。一旁的苏爸却瞬间吃起了三十年的老陈醋。这两父子到底有什么魔力，都来抢我宝贝女？六点一八秒后，柔柔开始小女生的纠结时刻。苏爸看着宝贝一脸在乎的样子，终于忍不住的问：“宝贝是有多喜欢小池呢？”婉婉羞涩一笑，就好比我是鱼儿，他是水。 此话一出，苏霸气到肝疼，我真的要失去我家小宝贝了喂！时间一晃就来到第二天，婉婉霸气下车，哇塞，小池哥哥家好气派呀、啊，好喜欢哦！一旁的苏爸不乐意了，宝贝，我们家的古宅可不比这差，是吗？那我们跟小池哥哥家正好门当户对呢。苏爸呵呵一笑，带着婉婉进入生日会。苏爸和友商热情打招呼，婉婉却四处扫射找干爹。三点一四秒后找到了，然后然后婉婉飞奔跑向干爹，嘴里喊着干爹。 生日快乐！老顾赶忙放下手中的酒，腾出双臂抱婉婉，而婉婉却发现干爹身上的阴气变重了，他赶忙施起小魔法挥散，然后急不可待地问干爹：“小池哥哥在哪？”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婉婉直接丢给干爹一盒护身符，这是给干爹的生日礼物哦，我要去找小池哥哥了。老顾打开一看，瞬间舒畅。而一旁的苏爸老陈醋瞬间吃到五十年了。画面一转，婉婉小脚蹦跶着找不方纸，可下一秒看到的情景却让他惊呆了。 婉婉小拳拳握紧，活腻了，敢欺负我小男友？男孩车祸右腿变残疾，女孩上来却说给他一个月就能治愈。可下一秒，三男孩突然围堵男孩，骂他是瘸子。婉婉听不下去了，她气呼呼拿着树枝喊住手。三男孩震惊的就像三男孩，蓝眼男孩率先发问：“你是谁呀、啊？多管闲事！”婉婉气鼓鼓：“我今天要替你妈妈教教你怎么尊重人。”说着，婉婉就挥动三百斤的树枝，狠狠啪啪,啪,啪揍上三百六十拳，再疯狂给他来个酸爽按摩。慌忙之下，蓝眼男孩踩中小石子。 直接摔了个狗吃屎！婉婉小拳拳握紧树枝，继续伺候。蓝眼男孩吓得颤抖：“你到底是不是女孩子啊？这么凶巴巴！”婉婉哼哼：“我不是，我现在还只是一个三岁宝宝。”说：“你为啥欺负顾方池？”蓝眼男孩哭唧唧回应：“谁让他欺负顾燕？婉婉一脸懵逼，悄咪咪问顾方池：“顾雁是谁？”顾方池回应：“顾燕是他后妈的孩子，也并没有欺负他。”婉婉霸气叉腰：“听见没有，小池哥哥没有欺负他！”蓝眼男孩又 am：“ 他说谎，你问问他们都看见了，小燕只是想要他的平安符。” 他不给就算了，还敢推人家，简直就是顾家的小灾星。此话一出，再一次把婉婉惹怒了。可顾方池却一把拉住婉婉：“他们说的对，我就是个灾星。我一出生，我妈妈就去世了。”婉婉河东狮吼道：“你不是，你才不是！阿姨去世，你都还不懂事，你有什么错呢？是你后妈坏坏，都是宝宝，凭啥大的就得惯着小的？何况平安符是我给你的，他有什么资格要？紧接着，婉婉朝着三男孩大吼：“你们记住了，顾方池是我的人，再敢欺负他一次！” 我就揍到你嗷嗷大叫喊妈妈！待三男孩走后，婉婉赶忙问顾方池受伤没有。顾方池感动的泪眼婆娑，却突然拉住婉婉停了下来。婉婉，你以后不要对我这么好，我不值得。这可把婉婉急坏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因为哥哥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好。所有人都喜欢靠近女孩，可男孩一上来就想把女孩推开。就在刚刚，顾方池一脸严肃告诉婉婉，我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好。婉婉二话不说拉住顾方池，你错了。 你是晚晚见过最好的人，你可能不知道，你身上同时拥有紫气和金光，在佛学上就是说你是功德圆满之人。所以，如果你都不算好人，那世界上就没有好人了。而顾方池顿时被晚晚的一番话感动得泪流满面，于是他牵着晚晚准备去爸爸生日会，晚晚却突然停住了，他瑟瑟发抖地问顾方池斜对面的方向是哪？顾方池回应是前段时间失火来不及维修的宅子。晚晚没在意，继续向前走了六点一八米。 又停住了，顾方池愣住，还有什么疑问？婉婉告诉顾方池，旁边的墙有点不对劲。顾方池立马靠近查看，却被妖气缠上。婉婉火速拉开顾方池，不对劲，还是别碰。然后婉婉继续问顾方池，这面墙建了有多久？顾方池回应是前段时间失火，才刚修建的。婉婉这才想起师傅说的，任何住宅都有风水，一命二运三风水，此处的位置建筑不可超高六尺，这面墙明显超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顾方池听得一愣，只是疯狂摇头。 意味着有人改了你家风水，轻则破财，重则索命。此言一出，顾方池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便邀请婉婉去宅内看看。却恰巧顾爸来喊两娃吃蛋糕，婉婉这个小吃货听到蛋糕就想飞奔而去，可却被顾方池一把拽住。婉婉这才想起又忘记正事，赶忙回绝顾爸：“我晚点来吃。”顾爸一脸懵逼，婉婉内心哭唧唧，蛋糕宝宝要等我。紧接着他们来到宅内，婉婉左瞧右看五十二秒后，告诉顾方池家里地势不对，比如这里风水上大门不可冲阳台。 还有这里窗户不可冲后门，断财。以及这里离火位不能养鱼。七七四十九天的上蹿下跳查看，可把婉婉累坏了。小池哥哥，你家宅子这么多问题，怕是得重整了。男孩家刚新建的宅子，女孩一上来却说不能再住。了。就在刚刚，婉婉扫视一周，发现房子的角角落落全被改了风水。她疑惑的问顾方池：“最近家里是不是有人生病？”顾方池回应：“只有爷爷前段时间去钓鱼落了水。” 婉婉恍然大悟，难怪小池哥哥身上的金光会时强时弱。顾方池一脸信任的问婉婉：“可有破解之法？”“当然有啦，只是婉婉需要回家准备准备。”婉婉内心 OS 却是不能让他知道我还得回家翻书。就在这时，婉婉却突然被狠狠推了一下，毫无防备的她直接飞出十米远。顾方池见状，瞬间怒气飙升：“顾燕你找死！”顾燕却一脸害怕的喊。 死瘸子，你滚开！而此时的顾方池已怒气飙到顶端，他一把拎起小老弟，再狠狠甩出十米远，让你感受下这个摔的酸爽。顾雁哭唧唧喊妈妈，并说要让妈妈来揍他。顾方池脸色一沉，按着顾雁的小脚在地上摩擦，痛得顾雁嗷嗷大叫。可婉婉看着顾雁环绕的妖气，感觉不对劲。就在这时，顾方池的后妈提着三尺大刀的，她使出一百斤的力气推开顾方池：“你怎么能欺负弟弟？”顾雁还不停喊着妈妈。 你快把这个小灾星关进小黑屋！而后妈知道顾爸紧跟在身后，赶忙捂住顾燕的小嘴。六点一八秒后，顾爸正巧赶到，后妈分分钟上演奥斯卡演技。顾爸见状，怒气飙升，质问顾方池。顾方池一脸傲娇，是他欠揍。正当顾爸想要发火时，婉婉出来站队：“小池哥哥没错，他就是欠揍。是顾燕先推我的，害我摔痛痛。小池哥哥是替我出气才揍他。” 他之前还抢我送给小池哥哥的平安符，不给他还喊人揍小池哥哥。刚还说小池哥哥是瘸子，要把小池哥哥关进小黑屋。我想问干爹，你们家都是这么对待小孩的吗？如果是这样，那我可不敢再喊你干爹了。顾爸秒变严肃脸，怒气冲冲质问后妈：“能不能解释一下？”女人一肚子坏水，男人却以为女人心善。一旁的女娃笑了，她指出女人儿子的种种劣迹。顾爸一脸严肃的质问曹叔：“你就是这么教儿子的？”曹叔支支吾吾。顾爸怒气飙到顶端，曹叔赶忙为自己儿子开脱。 小池是哥哥，怎么能对弟弟下狠手？婉婉没眼看。那请问顾燕为啥能对小动物下死手？顾燕继续狡辩，你不要血口喷人。曹叔随之也开始指责婉婉。小朋友，你妈妈没教你要做个诚实的孩子吗？婉婉思考六点一八秒，我没有见过妈妈。苏爸哽咽发声，抱歉。 我太太过世的早，婉婉不在意，继续质问曹叔为什么要帮顾燕杀害小动物？难道不怕他们半夜鬼敲门吗？曹叔咬牙切齿，心想这小娃怎么死咬着我不放？他赶忙狡辩，死丫头，我没有杀他们，你有证据吗？婉婉霸气问话，那你床底下的动物尸体怎么解释？顾燕惊慌，不对，我明明藏在衣柜里。此话一出，所有人瞳孔地震。婉婉嘿嘿一笑，其实我并不知道，就是诈你的。 没想到你自投罗网，这怪不得我了。紧接着，顾爸一行人前往顾砚房间查看。顾爸打开衣柜的瞬间惊呆了，作孽啊！怎怎么能如此残忍？顾方池赶忙捂住婉婉的眼睛，你别看，省得晚上做噩梦。与此同时，顾爸的怒气已无法形容。顾砚却还在无声的狡辩：“爸爸不是我，不是你是谁？一定是顾方池，他嫉妒我。婉婉霸气护肤，你有什么好让小池哥哥嫉妒的？他嫉妒我没有残疾，所以……”而此时，曹叔想着必须要改变策略，突然他挥起三百斤的胳膊。 啪啪打在顾燕脸上，都这个时候了、啊，你还说谎，甚至污蔑哥哥。婉婉却不以为然：“阿姨，你这演技有点拙劣了点。你敢说这些动物不是你送到顾燕房间的吗？不要着急否认，凡事皆有因果，因果循环，报应不爽。”曹叔假装听不懂，神神叨叨说的什么呀？而婉婉只是莞尔一笑，听不懂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懂的。男孩家里充满阴气，女人却说是雾气。一旁的女娃笑了，她打开满是动物尸体的布袋，想要超度。你干什么？ 恶心人呢，婉婉懒得搭理曹叔，只是告诉其他人屋里都是阴气，需要超度才能消散。 苏爸一脸担忧，婉婉却嘿嘿一笑，表示自己不害怕。六点一八秒后，婉婉给所有动物整齐排排坐，随之口中快速念着超度语：“阿弥陀佛，波罗波罗。”整个屋里瞬间布满金光，所有人都顿感身心舒畅，温暖如春。接着，所有阴气也渐渐超度至消失，却唯独有一只黑色小猫喵喵叫个不停。婉婉凑近一听，才知小黑有夙愿未了，于是他将小猫抛向空中，让它去完成最后的夙愿。十分钟后，婉婉缓缓睁开双眼。 他告诉干爹，超度结束，找个地方将所有动物尸体都埋好即可。哪知说完差点晕倒，顾方池赶忙上前搀扶。时间一晃就到了宵夜时间，婉婉这个小吃货一见食物就停不下嘴。干爹见天色已晚，邀请苏爸和婉婉家里就住。苏爸温柔问婉婉意见，婉婉开心的冒泡，脱口而出说要和小男友睡觉。一旁的苏爸三十年的老陈醋又打翻了。晚餐过后，婉婉开启话痨模式，小池哥哥喊不停，顾方池则是宠溺的喊婉婉洗脚。 两奶娃在洗脚玩闹中嘻嘻哈哈，不料玩闹声却引来苏爸爬墙角，生怕自家小白菜被拱。眼尖的婉婉瞧见爸爸，问爸爸来干什么？爸爸瞬间气到肝疼。婉婉却只是问爸爸洗脚脚没？与此同时，屋外突然传来鬼叫声。婉婉淡定安抚：“没事儿，没事儿，是小黑找顾燕报仇去了、啊。”男人只是看了眼屋外，顿时背后一寒，因为这老宅到处就让人感觉阴森森。就在刚刚，屋外有人大喊有鬼，原来是小黑找顾燕报仇去了、啊。苏爸不想让女儿跟顾方池睡，便告诉婉婉怕黑的话。 就跟爸爸说，不料婉婉笑呵呵，婉婉不怕。小池哥哥对婉婉超好的。爸爸看小池哥哥给婉婉洗脚洗的好干净哦。苏爸带着一脸心痛离开。宝贝，那晚安喽。待爸爸走后，两奶娃趴床上闲聊。不一会儿，婉婉就呼呼大睡，鼻涕还不听话的吹泡泡。顾方池见状，嘿嘿一笑，好可爱，连睡觉都这么可爱。于是他抱着婉婉。 甜甜的做了个美梦，时间一晃就是第二天清晨。管家一早送来漂亮的公主裙，顾方池帮婉婉温柔的扎着头发，婉婉却突然说想吃蛋糕。顾方池宠溺的捏,捏捏婉婉的小脸蛋，你这小吃货！可让婉婉没想到的是，下一秒顾方池就让爸爸准备了蛋糕。婉婉狂奔跑去，第一时间跟干爹 say morning。一旁的苏爸老谭粗又翻了，婉婉竟然没有先跟爸爸 say morning。接着婉婉愉,愉快的吃着蛋糕，还不忘告诉干爹回家就去买副准备早餐。过后，婉婉马不停蹄的就带着爸爸来古玩市场。 他兴奋地告诉爸爸：“婉婉要买五百张符纸了。”苏爸一脸宠溺的回应：“好好好，宝贝想要多少买多少。”而店家再次看见婉婉，态度也是一百八十度转变，秒变阿谀奉承脸。哎呦，小朋友今天还是买黄纸朱砂吗？婉婉一愣：“老板记性真好，再来五百张黄纸。”店家苦笑：“抱歉，您今天怕是要白跑一趟了。”婉婉疑惑：“怎么会呢？” 我明明算过，你家还有符纸。小朋友说的没错，符纸是有，但都被天师会提前预定。话音刚落，小道童出现，老板，我们是来拿符纸的。婉婉一百八十度优雅扭头看，小道童却震惊的喊师师伯。二十岁的少年一见三岁小奶娃，就给了他十万张符纸，只因他喊婉婉一声师伯。婉婉飘飘欲仙，快再喊一声失伯失伯师伯师伯师傅，他老人家可想您呢。婉婉思考六点一八秒，嗨嗨，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少年支支吾吾，我叫张张怀玉，怀玉失职，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哦。少年信誓旦旦，师伯尽管说，就是你能不能借五百张符纸给我，过几天双倍奉还。师伯需要那必须给，喏，十万张够不够？婉婉疯狂点头，够够的。接着少年悄咪咪以烧鸡和小蛋糕诱惑婉婉去天师会，婉婉用眼神示意苏爸，苏爸俯身告诉婉婉，宝贝想去就去吧。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婉婉闪现天师会，少年牵着婉婉去见师傅，旁人却窃窃私语，猜婉婉身份。 可下一秒，师傅狂奔而来，口中还不停的大喊着“师姐”。少年震惊的就像少年，师傅这包袱都不要。只见师傅紧紧抱着婉婉，喃喃自语道：“师姐，你可想死我了。”婉婉一脸淡定。师傅瞬间开启话痨模式，而婉婉却只关心烧鸡和蛋糕。师傅一个眼神示意，少年心领神会。六点一八秒后，烧鸡和小蛋糕奉上，见婉婉吃的嘎嘎香，师傅发动小心思。 跟婉婉说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婉婉洗耳恭听。师傅哭唧唧说天师会很难，婉婉立马来了兴致问天师会怎么了。师傅继续诉苦说其能一时难求，有天赋者更少。婉婉一脸疑惑，可是我又能帮什么忙啊？师傅嗨嗨一笑。 就是想邀请小师姐每周教他们画符和看相。婉婉脱口而出说不行，这可把少年和师傅吓出一脸问号。婉婉见状，赶忙解释：“我还在上学呢，学习日不行，周末可以吧？”师傅瞬间放松。对对对，我都忘了小师姐毕竟只有三岁，老人一个月都画不出的黄符，却被这三岁小女娃一分钟搞定。然而女娃是天才小道童，提笔就能画。就在刚刚，向德寿师地求婉婉来天师会教众师侄画符。 婉婉毫不犹豫答应，向德寿马不停蹄带婉婉见证失职。然而向德寿一见不争气的弟子，就气得两眼冒火花。他气鼓鼓求婉婉给他们露一手，开开眼。 婉婉疯狂点头，say ok。紧接着，婉婉拿出一百八十分的气势，可尴尬的是小短腿够不着。向德寿赶忙给婉婉拿上小板凳，婉婉立马恢复一百八十分的气势，接着刚劲有力的挥动着三百斤的毛笔。还未等众师侄反应过来一，符已成。众师侄震惊的就像众师侄，他们一脸的不敢相信，画符竟然不用沐浴、拜祖、焚香。婉婉挥动着八尺黄符说：“不信我用给你们看。”此话一出，向德寿震惊到无法呼吸。还未等他开口，婉婉已施起小魔法，霹雳闪电起。 然后，然后外面瞬间乌云密布，只见一道闪电直击地面，众人震惊的就像众人，这可是经久失传的徒手引雷。对啊，这是五雷符，你们都会吗？众师侄疯狂摇头，不会画也不会用。婉婉一脸疑惑，可是我明明觉得很简单啊，不然我再给你们演示一次吧。向德寿再一次惊慌，小师姐耶，可不能把我这天师会炸了。于是他秒切奶蒙脸，可不可以把这张符纸留给我呀？婉婉毫不犹豫的点头，喏，给你。众师侄瞬间也坐不住了。 纷纷表示想学五雷符。婉婉嘿嘿一笑，那现在就开始吧。时间一晃就是三小时后，婉婉累到全身颤抖。向德寿见状，赶忙过来扶婉婉。师姐，你现在知道我的苦了。婉婉气鼓鼓，我两岁就会的东西，怎么他们三小时还没学到皮毛？真没想到，竟有比你还差的天师。向德寿一脸尴尬，师姐教训的是。而与此同时，背后突然传来一声爆炸声。小女娃三岁就会学符炸房子，老头却说她是厉害小师姐。一旁的少年们震惊了。他拿起符纸，施起小魔法。 瞬间，一道闪电炸裂地面。苏爸赶来，一附八十分，这是小范围地震。向德寿嗖的一阵扫过，轻轻将婉婉送入苏爸怀中，并友善提醒：以后记得不要让小师姐在家里用符。苏爸和婉婉同时满脸问号。向德寿这才娓娓道来：想当年，师傅的道馆样样齐全。自从小师姐学会画符，道馆天天被炸。为了避免你们露宿街头，还是慎用。 听完的苏爸却一脸宠溺，没关系，咱们家是房源大户，宝贝想炸哪就炸哪。向德寿震惊的就像向德寿，有钱人的世界真难懂。紧接着苏爸和向德寿 say bye bye，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家了。时间一晃就是一小时后，婉婉下车就看见爷爷，小短腿飞奔而去，但瞬间想起绵绵老师说过不能一跃而起求抱抱，婉婉就突然来了个紧急刹车。爷爷，婉婉好想你。接着径直跑回家，爷爷瞬间石化，我的乖孙女，喂，不爱爷爷了。婉婉到家直奔房间。 刷刷刷，画七万张黄符，六点一八秒后，给小池哥哥的符纸完成，累死我了喂！他抬眼的瞬间，突然看见了床上的小熊，一个小心思在心中缓缓升起。第二天清晨，婉婉远远就看到在校门口等待的顾方池。婉婉热情 say morning，小池哥哥是在等我吗？顾方池小脸微红，不不不，我也刚到就看到你。 婉婉迫不及待拿出昨天的小熊，这是婉婉最喜欢的玩具，现在送给你，并且以后每天给你送一个新玩具。顾方池小脸通红，婉婉对我怎么这么好？婉婉直直盯着顾方池，奶萌说着：“因为因为我越来越喜欢小池哥哥。”与此同时，顾方池的小脸瞬间红到耳根，男孩一脸害羞，女孩却问他是不是发烧了。女孩迫不及待送出自己最喜欢的小熊，小池哥哥，你看什么呢？顾方池温柔说：“没事儿。” 女孩又继续送出自己写的符纸，顾方池一脸震惊，这又是啥？是婉婉画的清新符和转运符、哦，你记得放学回老宅贴上。顾方池接过符纸，say thank you，接着愉快的拉起婉婉小手朝校门走去。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刚刚这一切都被黄衣女看在眼里。于是黄衣女怒气冲冲的撞向婉婉，还不忘回头挑衅的骂蠢货。婉婉一脸问候，请问你礼貌吗？此话一出，黄衣女气炸了。 他气势冲冲地指着顾方池：“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迷信？怪不得我妈说你是灾星，出生就克死了亲妈。”顾方池瞬间怒气飙到顶端，有种你再说一次！黄衣女一脸害怕，却又口出狂言。与此同时，小胖子气喘吁吁,吁找老师劝架。六点一八秒后，老师们火速赶来。黄衣女见老师秒切绿茶，老师顾方池想打我，紫衣老师却不分青红皂白地让顾方池道歉。婉婉没眼看，霸气上前和老师解释事情真伪。黄衣女眼见被识破。 哭得更凶了。绵绵老师刚想说误会，却被紫衣老师打断：“什么都不要说了，请家长吧。”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调取监控查看后，发现是黄衣女先挑事。黄衣女妈妈站出狡辩：“我女儿怎么口出脏话了？”绵绵老师刚想说三岁孩子是教育关键期，却被黄衣女妈妈瞬间打断：“你的意思是我这个妈妈没教好？”此话一出，婉婉霸气插话：“阿姨，你自己知道问题还不改正？”黄衣女妈妈气炸。 果然是有娘生没娘养的养。晚晚一听，我这小暴脾气哦，撸起袖子就想干架。顾方池赶忙拦下。与此同时，门口传来一声：“到底是谁欺负我女儿？”话音刚落，苏爸、顾爸、晚晚大哥气势汹汹登场。女人想显摆自己的老公，可女人却不知老公的大 boss 就是顾就在刚刚，晚晚被欺负时，苏爸、顾爸、晚晚大哥气势汹汹赶来。晚晚见状，立马发动三尺小短腿奔向爸爸。他撕心裂肺哭喊着：“爸爸，你们怎么来的这么慢？”苏爸一脸心疼：“宝贝，对不起。” 爸爸路上堵车了。接着，婉婉哭唧唧告诉爸爸，婉婉不是克星，这个坏阿姨污蔑我。与此同时，顾爸霸气上前，有些人了，有娘教也没见得有多好。女人瞬间气炸，你算老几？知道我老公是谁吗？顾爸不屑的回应，顾氏集团市场部经理夏松阳。还未等女人反应过来，顾爸已拨通电话，你被解雇了，现在就可以去办交接手续，具体原因问你夫人吧。顾爸放下手机的瞬间，婉婉毫不客气告状，干爹夏之雨还叫这个阿姨打小池哥哥。 女人怒嚎：“你个小屁孩，说话怎么像放屁？”婉婉霸气回应：“我才没放屁，放屁的是你才对。”所有人顿时愣住。六点一八秒，小胖却突然出现：“对不起，老师，是我放的。”小胖鼓起一百八十分勇气，大喊：“老师，您不能打完我，我都听见了，是夏之雨说谎。”我按住你揍他吧。绵绵老师嘿嘿一笑：“老师不打人，但夏之雨，你知道自己错哪吗？”女人见状，非但不让女儿认错，还拉着女儿撒腿就走。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 绵绵老师向顾爸夸奖顾方池今天表现很棒，顾爸也是第一次毫不避讳的夸顾方池。顾方池心情大好，邀请婉婉去他家写作业，才写了不到三分钟，婉婉就开始撒娇说手酸。顾方池一脸宠溺帮婉婉揉手，还答应让婉婉出去撒欢半小时。婉婉开心的就像打了场胜仗，跑得太快不小心却撞到了顾方池后妈曹叔。待婉婉缓过神一看，曹叔竟一副死亡凝视脸看着婉婉，吓得婉婉大喊有鬼。明明是这三岁女娃撞到女人。 三岁女娃却吓得一身冷汗，不仅反过来大喊有女鬼，甚至拿出符纸想要收了你。谁知女人是故意撞的婉婉，还就想推倒婉婉，却被婉婉轻松躲过。而曹叔自己却扑了个空，还怒气质问谁让婉婉来家里。婉婉霸气喊话是干爹让来的。三点一四秒后。 婉婉转身的瞬间，看到密码箱，好奇地问曹叔是否要离家出走。曹叔怒气飙升，大喊滚开。与此同时，房门开启，顾方池一副死亡凝视脸质问曹叔：“你行李箱到底装了什么？”曹叔一再狡辩说只是自己的日用品，甚至反问顾方池：“我被你爸赶出去，你在等着看笑话是不是？”顾方池一脸嘲讽：“你不知道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笑话。”曹叔气得咬牙切齿，抬手就想揍顾方池，却被婉婉一把抓住。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你做那么多坏事，你以为能瞒过所有人？ 就在这时，顾爸突然出现，恰巧听到婉婉说的话，他瞬间气炸：“婉婉，你是看出了什么？”干爹阿姨做的坏事可比孤雁多多了。还未等婉婉说完，曹叔赶忙打断，冲顾爸撒娇。曹叔的一脸憔悴，可把顾爸吓得一愣。待顾爸缓过神，正在质问曹叔：“我们都要离婚了，你还回来干啥？”一旁的顾方池却突然大喊：“爸爸！” 快报警！曹叔顿时震惊的，就像曹叔原来是曹叔偷的竞标资料暴露了。顾霸气鼓鼓质问曹叔，曹叔支支吾吾不敢吭声。婉婉见状，思考六点一八秒，挥动三尺小指大喊：“干爹，快报警！小池哥哥腿上的伤和他有关，因为他就是罪魁祸首。”话音刚落，曹叔吓到颤抖。天才小道童在走廊等了十七个小时，不吃不喝，连厕所也不上，就为了等干爹出现，要当场拆穿曹叔干的坏事。干爹，你要相信我。 小池哥哥的腿伤就是曹叔造成的。顾爸思考六点一八秒后，猛地河东狮吼：“报警！我要彻查所有的事儿。如果都是真的，曹叔，你到时候别怪我不念旧情。”此话一出，曹叔气到脸色惨白，他内心 OS 却是这次真的要完的。一旁的顾方池小拳拳握紧，婉婉奶声安慰：“小池哥哥，你放心，曹叔这次一定会付出他应有的代价的。还有，你笑起来超帅的。”顾方池害羞回应：“那我以后就多笑笑。”时间一晃就是三天后，顾方池陪婉婉玩荡秋千时。 突然听到家里仆人窃窃私语，绑架少爷的嫌疑犯抓到，梁奶娃赶忙偷偷趴墙角。原来是我们之前的夫人曹叔干的。话音刚落，婉婉自信摆手：“小池哥哥，我说的没错吧？我甚至怀疑老宅的风水也是曹叔干。”顾方池一脸疑惑：“他也是天师？”婉婉疯狂摇头：“不不不，天师必须为人正直，身上有功德，才可让其入道，不然就是修的旁门左道或者……哎呀呀，头疼，不想了。如果宝子们想看更多细节。” 可以多多支持下元平台漫画，你搜神仙宝宝就是看漫画，搜满级婉婉就是看小说，全本免费看，一次看到爽歪歪。与此同时，顾爸闪现身后，婉婉瞬间开心投入干爹的怀抱，询问干爹是不是有好好教训曹叔。干爹瞬间比了个 OK 的手势。下一秒，顾爸看向一旁不吭声的顾方池，支支吾吾想说点什么，可却被顾方池打断。没关系，爸爸不用 say sorry。顾爸一脸心疼的看着儿子，放心，爸爸会给你一个交代。接着就抱起婉婉，这次多亏了婉婉。 干爹准备了好多小蛋糕，婉婉一听蛋糕就两眼放光，而此时的顾方池却颤颤巍巍。婉婉立马发现不对劲，她飞快从干爹身上跳下，跑到顾方池身后。顾爸也赶忙问顾方池哪里不舒服，顾方池痛到全身冒汗，缓缓吐出腿疼两字。男孩腿疼有疾，所有的医生都说治不了。一旁的女娃却笑了，胡说八道，明明就有治愈的希望。她俯身蹲下，快速施起小魔法。 轻轻给顾方池揉着腿，六点一八秒后，顾方池真的感觉腿疼好多了。顾爸一脸慈祥夸婉婉超棒的，婉婉害羞摸摸头，小意思，我也只是跟师傅学了点医术，要论医术还得是婉婉的二十四师兄。对了，干爹，我去找二十四师兄，就有更大的希望治愈小池哥哥的腿了。虽然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但有师兄在。 最多三个月就能恢复正常。顾家父子震惊的就像顾家父子，顾爸一脸不敢相信：“婉婉，你说的是真的吗？”“那必须的，比珍珠还真哦。”顾爸开心的摸摸婉婉的头，忍不住的痛哭流涕，口中不停的喃喃：“小池的腿有救。”时间一晃就是午餐时间，苏爸问婉婉有几成的把握能治愈小池的腿？婉婉脱口而出：“七成。”却比着八的手势。苏爸嘿嘿一笑：“宝贝，这是八，幼儿园没认真上哦。”顾爸坐不住的插话：“干爹相信婉婉，毕竟你还有外挂吗？”苏爸一脸震惊：“外挂是啥意思？” 婉婉瞬间变身小课堂，就是婉婉的二十四师兄，堪称新生代神医哦。时间一晃就是一小时后，苏爸送婉婉到天师会，婉婉奶萌和爸爸 s 个。刚进门却碰见了怀玉师侄，师侄也去上幼儿园吗？怀玉师侄嘿嘿一笑，我已经上高中了。婉婉一脸疑惑，高中是每个人都要上的吗？当然啦。 上学必须要考文凭，现在文凭是找工作的第一敲门砖，所以宝子们一定一定要努力让自己拥有好的文凭。婉婉震惊，这意思是我不努力就没有小蛋糕吃了。就在这时，身后传来向德寿师弟的呼喊声，婉婉赶忙催怀玉师侄去上学。师弟一脸期待的问婉婉是来找他玩耍，婉婉奶萌说不是，主要还是要莫师兄的电话。师弟心碎一地，然而下一秒他便哒哒哒的拨通莫师兄的电话。尴尬的是，电话提示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婉婉扑哧一笑。 你们的关系还没修不好吗？师弟老脸微红，尴尬回应：“我带你去医院找他去。”男人凌晨两点有大凶之兆，小女娃好心提醒，男人却以为老道士让小女娃骗钱，但男人心善，最终还是很不爽的掏出一叠现金：“喏，no, 给你。”结果婉婉一口拒绝：“叔叔做事讲究因果，你不信我。” 这钱我不能收。男人震惊的就像男人，而与此同时，婉婉送给男人一个护身符。如果今晚叔叔平安无事，麻烦把这钱捐了做善事吧。待男人收下护身符，婉婉转身赶走师弟。师弟，你可以回去了，我自己去找师兄。师弟一脸不舍，真的不要我陪吗？婉婉一脸自信又坚定，真的不用。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婉婉来到二十四师兄门诊处，师兄正在看病，看病的正是一个死气缠身的你。 师兄送走女人后，转身的瞬间，看见一脸忧伤的婉婉。师兄，这个姐姐时间不多了，为啥医术救不了？师兄俯身安抚，因为人都敌不过命运。哎呀，你才三岁，师兄给你讲深了，还是带你先吃饭吧。可下一秒，婉婉坚定地叫住了师兄。虽然人各有命，但是运势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的。要是有人揍我，我一定会狠狠地揍回去的。师兄瞬间顿悟，谢谢婉婉。师兄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婉婉一脸疑惑。 师兄，接下来要做什么？六点一八秒后，婉婉闻到饭香就飘飘欲仙，她狂奔跑去点餐。阿姨，这些我通通要一份。阿姨震惊的就像阿姨，你确定能吃完？阿姨放心，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小 case。才一刻钟的时间，婉婉直接干完八碗饭。师兄这才想起问婉婉来找他有什么事儿。婉婉娓娓道来，A B C，所以师兄今晚就可以去给小池哥哥看图了。 那必须可以啊！说完，师兄一脸宠溺的给婉婉擦着小花脸，却突然传来一声：“哟呵，莫医生上班还带着娃呢！”师兄妹失散三年第一次见面，师兄就请他干了一百碗饭，只因他喊一声“师兄”，师兄飘飘欲仙。你这小花猫喂。与此同时，身旁传来同事许一白的嘲讽声：“哟呵，没想到莫医生还是个女儿奴呢，你上班都带着娃儿，不怕上医院告示板？”婉婉没眼看，奶萌 say hello。许一白瞬间被这一声招呼萌化。莫金春，你好福气啊！ 拥有这么可爱的人间小柚子，嗨嗨，你这是羡慕了。许一白着急狡辩，哼哼，谁羡慕啊？师兄福晋笑呵呵，这是我师妹，今天都会在医院。话音刚落，婉婉拉了拉许一白衣袖，哥哥，我观你印堂发红，怕是有血光之灾啊。许一白先是一愣，随后问，所以呢？所以哥哥，你今天千万不要出办公室。行行行，看在你这么可爱的份上，我答应你。说完，许一白拂袖而去，而师兄却一脸严肃问婉婉，看出什么？ 婉婉刚跟师兄解释完，下一秒就听到许一白喊救命。师兄震惊八十分，他和婉婉飞速奔向许一白。婉婉还不忘大喊：“哥哥，不是让你带办公室别出来吗？”许一白一脸委屈：“我特么还没踏进办公室，刀就在脖子上。”师兄轻声安抚歹徒：“只要你放人，我们什么都可以答应。”歹徒怒气飙到顶端：“我只想活着，可你们医生为什么都不能救我？既然这样，我就算死也要拉你们一起陪葬。”说着，歹徒伸手就要宰了许一白。师兄和婉婉赶忙默契大喊：“不要啊！” 女孩千叮万嘱男人不要出办公室，不然有血光之灾。男人却还没进办公室，歹徒的刀就已架在脖子上。歹徒撕心裂肺地喊着：“你们是医生，为什么不救我？”说着就要将刀插入许一白的脖子，却被婉婉稳稳拿捏。歹徒震惊的就像歹徒。婉婉霸气上前：“太过分了！医生不是神，你的病治不好，为什么要把仇恨放在他们身上？他们也是人，他们的职责是尽最大的能力治好患者。可你却一味的责怪他们。” 你说你是不是更过分？这么说你才是真正的魔鬼才对。紧接着，婉婉一跃三尺高，伸手就给歹徒三百六十记响亮的耳光，歹徒不意外的摔倒在地。师兄见状，赶忙狂奔向前，一把压制住歹徒，快报警！而此时的婉婉还打得不够爽，他缓缓走近师兄，干他！师兄瞬间回忆起曾经这种表情的婉婉，不禁吓得打了个哆嗦。可下一秒，师兄却一把拎起婉婉，他做错事儿，还是交给警察吧。两人正争辩的瞬间，何琼警官恰巧赶来。 婉婉见状，赶忙让何琼抓坏蛋。何琼一脸震惊，又碰到这个小祖宗位。待警方将歹徒带走时，许一白却一脸疑惑，惊魂未定。婉婉没眼看，说：“你今天有血光之灾，你还不信？”师兄也忍不住帮腔。婉婉跟我师父学过看面相。许一白依然不敢相信，那墙壁上的刀怎么解释？那个、那个是因为婉婉天生力大无穷。此话一出，许一白头疼炸裂。我需要冷静，冷静。时间一晃就是三小时后，婉婉拿捏歹徒，秒上新闻热搜。男人千叮万嘱这针灸技术。 可这小女娃却迅速扎入男孩脚部，下一秒男孩就疯狂吐血。就在刚刚，莫师兄和婉婉来给顾方池治腿疾，六点一八秒的看诊时间后，师兄却说已错过最佳治疗时间，恐怕无法完全恢复。听完，顾方池一脸黑线，真的没有办法了。 晚晚不想让顾方池失望，他自信握紧顾方池的手：“小池哥哥，你放心，我一定会治好你的腿。”此时莫师兄嘿嘿一笑：“有难度，但不妨可以多试试。”此话一出，晚晚开心地告诉顾方池：“我师兄说试试就是一定能治好的意思。”而此刻莫师兄的内心 OS 却是：“小丫头，别乱给我戴高帽。”啊。紧接着莫师兄尴尬一笑：“晚晚说的没错，医学上确实是错过最佳时间，但我们还可以试试针灸说完，师兄就帅气铺开针灸袋，婉晚,晚看得直咽口水。 他看着秒变严肃扎针的师兄，不停地哇塞。师兄一脸震惊：“你这是咋了？”婉婉赶忙凑近师兄耳边，悄咪咪道：“师兄，等你归西了，能不能把这套针灸送我？”师兄骂娘：“你这小丫头，能不能念我点好？你若真想要，不用等我归西，等会儿就可以送你。”婉婉疯狂摇头：“不不不，师傅说好东西必须得等人归西后才能继承。”师兄扶额：“也不是什么珍贵东西。”婉婉直言：“没事没事，婉婉等得起。” 好吧，师兄真是败给你了。时间一晃就到最后一根针灸，师兄说让婉婉试试，婉婉感激万分，还想着回去给师兄画护身符。可下一秒，他就挑了根最长最粗的针。顾方池见状，吓得瑟瑟发抖。师兄汗颜，我是不是做了个错误的决定？婉婉奶萌告诉顾方池，放心，他会轻轻的扎入。与此同时，所有人屏气凝神，就在一片安静中，婉婉迅速插入。顾方池瞬间瞪大双眼，然后开始疯狂吐血。所有人震惊的，就像所有人。 明明是女娃给男孩针灸，女娃却吓得一身冷汗，不仅反过来说道歉，还一直说下次会更温柔点。只因婉婉针灸致顾方池吐血，她飞速狂奔出门，回来却拿着手帕：“小池哥哥，不痛不痛了。”顾方池一脸淡定说：“不疼，疼的是你压着我腿。”吓得婉婉奶萌 say sorry。顾爸见儿子的腿疼缓解了许多，一把抱起婉婉，疯狂炫宠爱。 时间一晃就到了拔针时间，婉婉告诉顾方池，坚持针灸三个月就能药到病除。顾方池温柔点头，并愿意辅导婉婉作业作为回报。此话一出，吓得婉婉全身颤抖。其实不用，他内心 OS 却是本想以针灸当借口不写作业的。另一边，莫师兄给顾爸开好药方，便喊婉婉该回家了。回家路上，师兄不好意思的问婉婉可否给他画平安符，心想许一白肯定需要。哪知转身的瞬间，婉婉正呼呼大睡。可让师兄没想到的是，婉婉早就想好要给师兄画平安符。 时间一晃就是第二天清晨，婉婉奶萌 say morning，爸爸，你今天帅爆了！苏爸来劲，那爸爸是不是最帅的？无不不，最帅的肯定是我的小池哥哥。此话一出，苏爸三十年的老陈醋彻底翻了。紧接着他问婉婉，宝贝喜不喜欢哥哥？婉婉停下手中的蛋糕，奶萌说最喜欢的就是哥哥。苏爸心想还好还好，老陈醋先不翻了。然而下一秒，他却突然感觉胸口疼。苏爸见状，赶忙问宝贝怎么了？婉婉却暖心说，爸爸。 我没事儿，可他内心却满脸的问号。我这是怎么了？小女娃明明早上还好好的，下午却突然开始胸口疼，甚至第二天为什么迟到都记不起。但这并不是他故意。婉婉巴拉巴拉 a b c 的一通解释，顾方池却还是一脸懵逼。他一脸担心的让婉婉请假回家休息，婉婉却死鸭子嘴硬，我没事啊，甚至要出去跑上二十圈证明自己真的没事。顾方池赶忙拉住他，不必了，我信你。与此同时，绵绵老师问婉婉作业写完没，婉婉瞬间脑袋一片空白。 幸好顾方池及时提醒，这才从书包里把作业交给绵绵老师。绵绵老师看着皱巴巴的作业，一脸无奈。下一秒，婉婉却已转身和顾方池说话：“谢谢小池哥哥，不然就要被绵绵老师打屁屁。”顾方池回应：“绵绵老师很温柔，从不打。”此话一出，婉婉唉声叹气：“你不懂，大人都是越宝贝的孩子越是往死里揍。比如我师傅说打我折寿，却死里揍婉婉的师兄弟们。”就在这时，有小朋友大喊：“奥特曼开始！”大家都愉快地围桌聊起奥特曼，可婉婉却突然想起。 以前师傅说婉婉的爸爸就是奥特曼，于是他自信昂扬的说：“奥特曼是我爸爸。”所有小朋友震惊的就像所有小朋友。其中一个小朋友不信，就问婉婉：“你爸爸会打怪兽吗？”婉婉抓耳挠腮：“不会耶。”另一个小朋友抓准时间质问：“那你爸爸是奥特曼，为什么不会打怪兽？”婉婉一脸自信反问：“那你见过怪兽吗？”小朋友直摇头：“没，没有耶。”所以婉婉也并没有见爸爸打过怪兽。小朋友倒地摩擦，可恶，竟然没有难倒你。与此同时。 绵绵老师告诉大家要乖乖，家长们半小时后到。所有小朋友异口同声 say good。顾方池突然告诉婉婉不要乱跑，他去下洗手间，马上回来。待顾方池走开，婉婉立马和小胖炫耀起爸爸的技能。而这时，后面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喊婉婉。婉婉转身一看，一个帅气又时尚的男人正和他 say hello。引留明星来接亲妹妹放学，妹妹却完全不认识，只因妹妹从小走失刚找回，以为哥哥乔装打扮是装大牌。 就在刚刚，哥哥热情跟婉婉 say hello，婉婉的注意力却只在满地的积木，于是他纵身一跃跳下小板凳，哥哥立马比出爱的小星星，可下一秒哥哥的爱心碎成渣渣，可恶！原来婉婉看到的是积木，接着他跟在婉婉身后不停的喊他，做着各种吸引婉婉的姿势，最后累得气喘吁吁，婉婉都没注意到他，他只能使出杀手锏，大声喊住婉婉，婉婉听到有人喊他。 顿时来了个紧急刹车，可当他转身的一瞬间，他第一眼看到的是哥哥脚边的积木，他立马转身看向哥哥的方向。哥哥见状，赶忙伸出爱的抱抱，婉婉挥动三尺小腿跑向积木，却一把撞倒哥哥，他瞬间哇哇大哭起来。你干嘛在这挡道，害婉婉摔痛了？哥哥心疼喊宝宝，刚想说些什么，却被顾方池和绵绵老师打断。你是谁？你想干什么？你想要什么都可以，先把小朋友放了。哥哥一把抱起婉婉，正想开口解释来着，而闻声赶来的其他家长也瞬间坐不住，哥哥有苦难言。 能不能先听我把话说完？而家长的怒气却越来越大。敢偷小孩，信不信我揍到你狠妈吗？说着就开始暴揍哥哥。婉婉趁机溜走。小池哥哥，你来了。与此同时，哥哥解释说是婉婉的亲哥，顿时一片安静。婉婉却脱口而出不认识这个哥哥。哥哥还在努力的挣扎，努力的想要自证解释一下。家长让哥哥摘下口罩、墨镜自证。哥哥想到如果露面，第二天的新闻肯定又得爆。 他疯狂摇头，露面不可以。接着就一把推开家长，准备跑路。不料下一秒又被家长抓回。家长的怒气飙到顶端，想要把哥哥送警局。幸好顾爸及时赶到。小石，怎么回事？这么久还没接到婉婉吗？婉婉赶忙问干爹：“这个哥哥是谁？”幸好干爹证明了婉婉二哥苏有时的身份。家长不失礼貌的尴尬笑笑：“大兄弟，对不住了哈，有受伤的医院费我全掏了。你看你也不好好解释解释，哥哥委屈你都不听我解释，我能咋办？” 最后这场闹剧随着婉婉奶萌喊二哥而结束。时间一晃，他们正在回顾方池家里的路上，突然婉婉注意到二哥不对劲，头顶萦绕着一片黑气。他赶忙两手托腮问二哥：“最近是不是很倒霉？”话音刚落，二哥唉声叹气：“你是不知道，我最近真是倒霉到家了。拍个戏因为衣服不合适而换了我，唱个歌,歌因为音响坏了而停掉演唱会，连开个房酒店休息都能闹出花边新闻。我这昔日顶流怕是要凉凉。”哪知他说完转身的瞬间，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顾爸也只留给他一句：“小时，你一定要坚强。”就在这时，刚好抵达顾家，哥哥还一脸疑惑：“你们三几个意思？”不料话音刚落，恰巧飞过一只乌鸦，又给哥哥送来礼物。哥哥顿住不说话，而内心已开始咆哮。男人明明去幼儿园接亲妹妹放学，却被当爹一成人贩子，直到顾爸出现才解救了男人。可刚到顾家，又被乌鸦撒了一头顶尿。男人心里在骂娘，可婉婉却只关心顾方池的男人怒气喊住婉婉：“宝贝，不陪陪二哥吗？”婉婉转身回应。 二哥，你又不是三岁小孩，需要陪，我还得给小池哥哥治病。二哥震惊的就笑。二哥治啥病？婉婉奶萌说治小池哥哥的腿。二哥站在原地，瞳孔地震。此时顾爸恰巧出现，你还不知道婉婉的师傅教了他不少医术吧？二哥满脸不信，开什么玩笑？我家小妹会医术。看着顾爸坚定的眼神，二哥瞬间不淡定了。他才三岁，爷爷二，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后婉婉治疗结束，准备回家，临走前还送给顾方池一份自制泡澡的药方。顾方池看了看。 虽然字还认不全，但依然宠溺的和婉婉 C 饭。婉婉笑呵呵，不屑不屑。婉婉喜欢你才对你好。此话一出，二哥激动值拉满。什么？你喜欢他？顾方池见状愣了六点一八秒，抓起婉婉小手，互诉喜欢。话音刚落，二哥瞬间炸毛，哒哒哒走近，啪啪分开两人的手，只留下一句我不同意这门亲事，便拉着婉婉飞速开溜。而此时的顾爸小心思升起，干女儿变小儿媳也如此。 于是他俯身告诉顾方池，一定要一直喜欢婉婉哦。顾方池小脸微红，害羞 say good。时间一晃就是午餐时间，一家人其乐融融，唯独二哥的陈醋翻了。臭小子，想抢我妹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于是他突然啪的拍在桌子上，心想自己可是少女杀手苏雨时，就不信搞不定你三岁娃。然后开始翩翩起舞，口中喊着黑暗的世界需要光的指引。同时间，苏家人震惊的就向苏家人干什么？吃错药了？接着二哥靠近婉婉问道。 宝贝，你相信光吗？此话一出，婉婉一脸嫌弃。可是二哥，世界上并没有奥特曼耶耶。男人自信全靠这点演技续命。然而女娃上来就把他信念打破了，男人满脸失落，而女娃却蹦跶着奔向大哥。大哥，我是不是说错话了？二哥这么喜欢奥特曼吗？大哥哈哈一笑，不理他。快收拾下，送你去幼儿园。正准备走时，突然被二哥叫住。大 大哥，你能站起来了？啥时候治好的？说着便围着大哥的腿认真检查起来，确认是真的后，二哥开始上演一段痛哭流涕，而大哥和婉婉相视一笑，这还得多亏我们家婉婉了，婉婉可是我们家小福星哦。闻言，二哥秒懂，他突然毫无预兆的抱起婉婉，两眼冒着金光，婉婉是我们家小福星啊，是不是也能让二哥再次翻红？接着又一把抱起大哥，大哥腿刚好，不能站太久，不如让我来帮你吧。婉婉没眼看。 一旁的路人窃窃私语：“两个男人怎么抱在一起？”左边的哥哥还有点小帅，大哥用咳嗽在掩饰尴尬，突然冒出一句：“难道他们在搞基？”婉婉一脸天真问：“啥是搞基？”二哥赶忙捂住婉婉小嘴：“宝宝该进幼儿园了。”话音刚落，恰巧遇到绵绵老师和婉婉打招呼，闻言二哥嗖的把婉婉送进老师怀里，说了声“老师再见”便溜之大吉。没过三秒，婉婉看见顾方池便开心的 s m o n 然后一把冲向顾方池贴贴,贴说：“给他带了娃娃。”谁知刚想拿出娃娃，就被张扬抢走了。 婉婉想到绵绵老师说不能打架，便压住心中怒火喊话张扬：“快还娃,娃娃！”没想到张扬很嚣张，不但不还，还把娃娃丢地上疯狂踩。这时顾方池忍不了了，站出喊话张扬：“捡起娃娃！”张扬却傲娇叫顾方池“小瘸子”。此话一出，婉婉瞬间怒气飙到顶端，他一把抓起张扬衣服让他道歉。张扬不道歉还很嚣张，并说要让妈妈曝光婉婉。婉婉不理解曝光是啥意思，死活让张扬要道歉。张扬依然不道歉，还拼命喊顾方池“小瘸子”。婉婉终于忍不了。 握起小拳拳，就开始疯狂暴揍张扬。这一幕可把绵绵老师吓到了，他赶忙劝架两小朋友。顾方池也拉住婉婉，可张扬却更加嚣张了。婉婉看不惯他那嚣张样，直接一把扔保龄球式撞倒张扬。张扬哭爹喊娘，在地上叫委屈。绵绵老师赶忙和婉婉了解事情原委。 才知是张扬有错在先。绵绵老师思考六点一八秒后，火速决定请家长。不料张妈刚跨进幼儿园大门，便开始质问是谁打了他儿子。婉婉大胆辩解，是张扬动手在先。顾方池眼神犀利，医药费我们赔，但必须道歉。张妈突然被顾方池的眼神震慑，想着这家幼儿园虽普通，但在帝都都十有九富。权衡利弊后，他不敢动顾方池，再扫视一眼婉婉，简单没标签是可以欺负的主。于是他开始颠倒是非，疯狂攻击婉婉。此时苏爸火速赶来。 霸气喊话张妈，说话要搞清事实。张妈不管事实，反而跟苏爸质问婉婉打张扬的事。苏爸理智的认为要先看看监控，搞清事实再说。张妈觉得没必要。绵绵老师见状出面说明事实，却被张妈训斥。绵绵老师一脸无奈，不敢相信三千万粉丝的大明星是这不讲理。此时苏爸插话，不必多说，你想要什么？话音刚落，张妈和儿子同款嚣张，赔偿五十万，还要公开道歉，并让婉婉转学。 从此不能出现在张扬面前。此话一出，旁人窃窃私语。绵绵老师表示，幼儿园没有任何规定能这么做。张妈继续嚣张，做不到就要曝光。我可是大明星，我就不信搞不倒你们。苏爸不惯着，霸气喊话，曝光就曝光，不怕乎？张妈气到瞳孔地震，那就等着瞧。待张妈他们走后，苏爸给顾方池和婉婉请假，待事情完全处理好再来上课。画面一转，张扬不停大喊，要赶走婉婉和顾方池，替夏之雨报仇。话音未落。 张妈咔咔给儿子拍两张照，便开始发微博曝光。时间一晃，半小时后，张妈不但涨粉二十万，所有人开始同情张扬网暴婉婉。而另一边，苏爸看着事情发酵走向，气到捶胸顿足。这一幕差点被婉婉发现，婉婉一脸愧疚跟爸爸道歉，肯定又给爸爸添麻烦了。苏爸一脸宠溺安慰婉婉，并带他去吃甜品转移注意力。殊不知，刚到楼下便遇见不明群众拉横幅骂婉婉。苏爸怒气喊花助理快报警，顾方池也迅速将婉婉护在身后。不明群众看到婉婉。 瞬间心情激动，骂到疯狂。而此时的婉婉内心受到一万点暴击。我明明没错，可他们为什么都骂我？明明是女人自己儿子嚣张跋扈，女人却仗着自己是明星欺负小女娃，甚至发微博反面曝光小女娃，最终引起粉丝冲小女娃撒泼。更甚者还有送花圈。顾方池忍不了，霸气喊话：“再不走就要报警。”与此同时，保镖带着保安把聚众闹事群众拦下。婉婉的悲伤瞬间爆发，哭唧唧问爸爸。 他们为什么要在花圈上写我的名字？师傅说，只有死人才用得到花圈。苏爸心疼地抱起女儿，揽肩安慰。这时，王特助跑来说警察来了。苏爸怒气喊话：“不要放过任何聚众闹事的人，也不接受谅解。这次必须要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下一秒，聚众闹事的家长便跑来向苏爸道歉，并提出赔偿。苏爸冷笑：“你们要怎么赔？在我公司门口送花圈，还写了很多诅咒我女……我的态度很明确，不接受任何调解。有什么问题找我律师团队沟通吧。” 时间一晃就是一小时后，苏爸律师团队迅速发出律师函，紧接着苏雨石也为妹妹发声，并说清事情原委。另一边的张妈和经纪人着急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经纪人让张妈立马发道歉声明，张妈乖巧点头说马上发，结果发出没过三秒就被网友骂惨。 他颤抖地看着网评，殊不知更大的噩耗马上来临。下一秒，经纪人的手机叮叮叮响起，收到张妈三十家的合作品牌全部解约的消息。经纪人火速回公司处理，而张妈已经吓得瘫倒在地。他深知这次真的是玩错了。这时门铃突然响起，张妈开心的以为是经纪人带来好消息，开门的瞬间却看见王特助送来法院的传票。张妈震惊的就向张妈不敢相信要赔偿三百万，可儿子张扬却还在嚣张的说：“苏婉婉是不是被妈妈的粉丝骂惨？” 张妈怒气飙到顶端，转身对着儿子就是暴揍三百拳。时间一晃就是暑假前一天。这次二哥大大方方来接婉婉。王婉婉见状，立马送给二哥爱的抱抱，并大喊：“终于放假，可以更愉快的爽！”二哥一脸宠溺的抱着婉婉上车，一上车就被一个阿姨死死盯住。婉婉开门见山问阿姨是谁。阿姨见婉婉怒气，质问二哥哪来的小女王。二哥无奈和经纪人梅姐解释是亲妹妹。一旁的婉婉则细心观察梅姐，天庭开阔，脸面圆润，是个有事业心的女人。 同时，也是二哥贵人，他赶忙帮腔：“二哥，我确实是苏雨石的妹妹苏婉婉，我可以保证，二哥这一辈子都要打光棍。”闻言，梅姐嘿嘿一笑：“这个妹妹不要太可爱。”玩笑过后，梅姐秒切严肃脸，质问二哥开工时间。二哥不想上班，还想再休息一个月。话音刚落，梅姐大怒：“再休息你怕不是要凉凉？”二哥小声嘀咕：“开不开工都挺凉的。”梅姐疯狂摇头：“不不不，徐松雅，也就是张妈事件过后，你的口碑提升不少，公司给你接了个综艺，三天后你得开始上班。”二哥暴走。 为什么每次接工作都不跟他商量？梅姐说这次有三千万，是带着你妹妹参加当下最火的综艺，拜托了，宝贝。于是接下来就开始了两个人激烈的唇枪舌战。婉婉为了三千万冲出，别超成。婉婉要去，但是梅姐姐，婉婉想确认下，是不是婉婉去了也能挣三千万？梅姐苦笑，不是，是一共三千万。话音未落，二哥霸气给婉婉递过去一张黑卡。 宝贝乖，我们不去，不然爸爸怕是要把我往死里揍。婉婉赶忙收下黑卡在书包，发起奶萌攻势。婉婉要去啊，收钱可不认人哦。此话一出，二哥如五雷石轰顶。二哥塞给妹妹一张三千万的黑卡，让她答应不参加综艺。妹妹却收了黑卡不认人，转身回家跟爸爸说要跟二哥一起上电视。闻言，祖孙三人死亡凝视脸看向二哥，二哥吓得直冒汗。别看我，我可劝不动妹妹。无奈苏爸俯身劝说，宝贝，上电视会被很多人看到，表现不好还会被骂得很惨。 婉婉思考六点一八秒后，连续问了三个问题：婉婉不可爱吗？婉婉不好看吗？婉婉不聪明吗？最终都得到祖孙三人肯定的答复。所以，可爱、好看又聪明的婉婉为什么会被骂？祖孙三人瞬间被怼得无言以对。这时，二哥河东狮吼够了，吓得四人瞳孔地震。于是，二哥霸气喊话：“综艺我是不会参加的，婉婉也别想了，违约金我赔。”祖孙三人纷纷鼓掌，这臭小子终于懂事了一回。画面一转。 梅姐劝二哥不要冲动做决定，三亿的违约金可不是小数，何况节目组已官宣，除非你不当明星了。二哥吓到后退十米远，为啥官宣又没跟我说？梅姐轻描淡写，这是公司的决定，我无权过问。这时婉婉抱着二哥大腿，有钱不挣是不是傻？二哥气得拍婉婉头，小屁孩你不懂娱乐圈不好混。大哥同时间过来劝婉婉，家里不缺钱，而婉婉却说要自己赚钱给家里人买礼物，祖孙四人感动的泪流满面。 宝贝赚钱竟是为了给我们买礼物，于是他们立马转变了态度，同意婉婉去参加综艺。时间一晃就是三天后，拜托了宝贝如约开播，粉丝们热情高涨，纷纷刷评论和礼物。主持人直奔苏雨诗别墅区，谁知按响门铃却毫无反应。正在主持人努力化解尴尬时，大门突然开启，婉婉九十度鞠躬闪亮登场。大家好，我是婉婉，初次见面。婉婉祝大家锦鲤附身发大财。男人扛着都吃力的旅行箱，三岁女娃却能轻松扛起，网友们都纷纷吐槽。 一定是节目组作秀。就在刚刚，当下最火综艺《拜托了宝贝》开播，主持人毫无预告的直奔顶流男星苏雨石家，开门的却是苏雨石妹妹苏婉婉。婉婉九十度鞠躬和大家 say hello，接着便奶萌和主持人确认是否已上电视，主持人疯狂点头。待婉婉确认正在直播后，便开始一一介绍自己的家人，最后来到二哥苏雨石的房间。婉婉奶萌喊二哥起床，二哥还在迷迷糊糊犯困中，突然发现正对着自己的摄像机，吓得他猛地睁开双眼。 不知所措的大喊：“拍摄怎么没有提前通知？”婉婉却安慰二哥：“别怕，该拍的不该拍的都拍完了。”时间一晃就是两小时后，二哥和婉婉顺利抵达 C 市。二哥从来没有自己搬运过行李，累到气喘吁吁。一旁的主持人看着一脸尴尬，因为节目的临时变动，啥都没有准备，该怎么说？思考六点一八秒后，他便说：“节目的内容是要自己想办法去目的地。文”闻言，苏雨十七倒想骂娘，可还要收拾好破碎的心情，不好乱跑的妹妹。没过三秒。 婉婉就跟二哥说：“我已经叫好出租车。”二哥震惊的就向二哥带上车以后，二哥心里哭唧唧，婉婉却愉快的和开车师傅谈笑风生。时间一晃就到目的地，婉婉喊二哥搬行李下车，二哥一脸生无可恋，因为他的脚已经麻的没有知觉了。待他恢复知觉，刚准备伸个懒腰时，摄影师却说要靠自己上山。二哥看向海拔八千八百八十八米高的山头，一再和摄影师确认山上是否真的可以住人。摄影师则微微点头说：“其他嘉宾都已陆续抵达。”二哥终于爆发了。 我就想问问，我一个人怎么能扛得动四个箱子？话音未落，婉婉直接扛起两百斤的大箱子。二哥见状，震惊八十分，妹妹果然是力大无穷，她也只能吃力的拎起另外两大箱子跟在后面。可无奈全都是阶梯，她的体力开始十分告急。正当她吃力的喊出“婉婉”二字时，婉婉回头的瞬间，却发现二哥已晕倒在地。三岁小女娃一口气爬完一万个阶梯。 而男人却爬了一百个就气喘吁吁，甚至中途直接躺倒睡大觉。婉婉转身的瞬间，不禁吓出一身冷汗。他小心翼翼地将三尺小手放在二哥鼻尖试探。这时主持人正巧走过来，婉婉瞬间哇哇大哭起来：“叔叔，我二哥不会累死了吧？”而主持人观察到苏雨石还在跳动的胸口，便俯身安慰婉婉：“你哥哥只是睡着了。”婉婉一脸不信：“那为啥他还没醒？”就在这时，苏雨石俏皮的睁开左眼，看到哭唧唧的婉婉，瞬间慌了：“我的小祖宗，喂，你这是咋了？” 婉婉瞬间开启歇斯底里的大哭，谁让你睡得跟死猪一样？我还以为你死了。苏雨石见状，赶忙宠溺安慰。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四组嘉宾都已顺利抵达山顶，嘉宾们纷纷出场自我介绍。谁知轮到苏雨石介绍时，却被人截胡，原来是盛柏元故意带着妹妹抢在苏雨石前头。苏雨石不好的回忆瞬间涌上心头，想当初盛柏元和他一起以练习生的身份出道，只因苏雨石唱跳俱佳，理所当然的成为组合队长。然而两年前，组合却突然宣布解散。 接着盛百元抄袭苏雨石歌单抢先发布，最终被骂的最惨的竟然是苏雨石。想到这儿，苏雨石就气到咬牙切齿，而盛百元却一脸坏笑，say hello。同时间，一旁的婉婉托腮观察盛博元，明明是小人之相，为什么会有金光傍身？一脸疑惑的他，轻轻扯了扯盛百元衣袖，奶萌的问婉婉：“能不能问他一个问题？”盛百元内心骂娘，表面想着是直播也只能笑脸相迎，可下一秒婉婉问的问题让他顿时一脸黑血。哥哥，婉婉想问你的下巴为什么这么尖呀？ 男人满脸的小人之相，粉丝们却说他是有才。一旁的小女娃笑了，她睁大她那卡姿兰的大眼睛观察奶萌问男人下巴这么尖会不会戳到自己？男人吓到抽搐，但想到三年前自己还是实习生，实名气远不如苏雨时，直到遇到一道士给了他一块玉佩，模仿苏雨时后便改变了自己的气运，从此他就一直带着这块玉佩，资源也渐渐超越苏雨时。最后苏雨时却越来越倒霉，直到现在还被粉丝骂得很惨。想到这儿，他飙到顶端的怒气瞬间平息。可苏雨时却一把拉开妹妹。 和盛百元 say sorry，表示变化太大没有认出来。主持人见气氛尴尬到冰点，赶忙出来 Q 下一环节。现在要暂时没收除了衣服以外的所有物品。闻言，苏雨石怒气外露，来的时候咋没提前打招呼，白带这么多行李？而主持人吓到，只能说是节目组安排，不关他事。婉婉见状，赶忙把二哥拉到一旁劝说，二哥淡定，为了三千万。最后，二哥也只能妥协，乖乖上交物品。时间一晃就是十分钟后，主持人宣布开启第一个任务。 获得第一名就可以优先选房。比赛规则是宝贝原地转十圈后跑回原点，和家长完成击掌，如此反复一次，率先完成的小朋友即为胜出。婉婉蓄势待发，自信满满要拿下第一名。于是随着手枪声响起，比赛正式开始，宝贝们疯狂转圈，家长们摇声呐喊。婉婉瞬间发动三尺小腿，十秒内完成转圈，转圈可是妥妥的第一名呐！可转完的后遗症有点大，她调整姿势，使出吃奶的劲狂奔。二哥却在后面歇斯底里大喊：“婉婉，跑反了！”没过三秒。 婉婉已跑到哥哥身后，着急的喊：“二哥，击掌！”二哥哭唧唧：“宝贝，你好棒！可是你跑反了。”闻言，婉婉犹如晴天霹雳，万箭穿心。小女娃伸出小腿来讽刺婉婉腿短，可婉婉却很开心，因为她不但比赛得了第一名，而且选走了小女娃想要的房子。就在刚刚，婉婉比赛第一轮迷糊的跑反方向后，二哥不但没有责备她，还担心婉婉心灵受伤。可婉婉却是打不死的小强，于是他调整好失落的心情，一鼓作气继续比赛。 十圈转圈结束后，他的小腿仿佛装了电动小马达似的狂奔向终点。而此时盛百元的妹妹小何还满心欢喜的以为第一名肯定是他，可下一秒婉婉就秒超他飞驰而过。所有人见状瞬,瞬间呆住。待所有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婉婉一跃三尺高，愉快的和二哥完成击掌。同时间，主持人宣布婉婉获得第一名。其他小朋友都凑近夸婉婉厉害，然而小何就气炸了，因为他觉得是婉婉抢走了他的第一名。盛百元更是怒气的骂妹妹没用，还让妹妹假惺惺的去找婉婉。话音未落。 小何的坏心思缓缓升起，于是他转身秒切绿茶，问婉婉是怎么做到腿短还跑得快的，甚至故意伸出大长腿安慰婉,婉婉不用难过。可婉婉也不甘示弱，自信的打着嘴炮：“我现在还小，长大后就会长高了。你瞧瞧我哥哥可是一八三呢，但是你哥哥就不一样了，五五分呢。”闻言，两兄妹气到眼前，一脸黑线。可让婉婉没想到的是。 直播的这一幕正巧被顾方池看到，他让爸爸想法子修理下公司旗下一人盛百元。小女友婉婉受的委屈必须还回去。而此时的直播现场，饭桶导演宣布开启选房时刻，婉婉则走进问导演：“饭桶叔叔，原来你的肚子不是啤酒装的，都是米饭呀！”导演嗨嗨一笑。 宝贝，你是第一名，可优先选房哦。闻言，婉婉两眼放光，抓起四张房源图，左看右看，最后选了有老奶奶在的房子。而一旁的小何听到婉婉选房结果，瞬间哭唧唧。于是他哭着思考，六点一八秒后，撕心裂肺的朝哥哥大喊：“我想要苏婉婉选的那个房子！”明明是这三岁女娃自己输了比赛，却说婉婉抢了她想选的房子，甚至哭唧唧跟哥哥盛百元胡闹。谁知婉婉见状，非但没有反驳他，反而说只要阿婆同意，就可以让她来住这个房子。闻言，小女娃气呼呼，嘚瑟什么？ 说着拉上哥哥转身就走，盛百元一脸尴尬，苦笑着提醒妹妹要笑，不然观众不喜欢。于是下一秒，小女娃秒切乖巧奶萌样，而弹幕却把婉婉骂惨。时间一晃就到了任务结束时间，主持人宣布可以去找自己的房子休息。就在这时，有个导演突然喊住了苏雨石，开门见山说有部电影想找苏雨石参演，可苏雨石脑海却浮现曾经被骂的画面，于是他决定不能再连累导演，便直接拒绝了导演的好。 导演不死心，霸气喊话：节目结束后会把剧本发到他邮箱。再走到乡间小道，婉婉仰着小脑袋问二哥：“喜欢拍戏，为啥还拒绝人家？”二哥一脸泄气：“喜欢有什么用？我已经准备放弃闻言，婉婉霸气喊话：“怎么能这么轻易放弃？你要相信你所热爱的，总有一天会看到曙光。”二哥却说：“回家继承家业，给婉婉挣奶粉钱不好吗？”话音未落，婉婉一把抢过行李箱，边跑边喊：“可是婉婉喜欢闪闪发光的二哥呀！快点来，阿婆家就要到了。”苏雨石看着充满朝气的婉婉。 瞬间感觉也有了满满的能量。没过三秒，阿婆主动开启了大门。来来来，等你们好久了。苏雨石和婉婉礼貌 say thank you。没想到阿婆把饭菜都做好了，婉婉吃的是嘛嘛香。疯狂炫完十碗饭后，婉婉说要去找陆怀玩。苏雨石乖乖陪婉婉去，不料却见陆怀躺倒在地上。婉婉好奇上前问陆怀，陆怀却吐槽妈妈不会做饭，让啃树皮。婉婉跟着吐槽，那你妈妈真的好笨。没来得及阻止婉婉的直接，苏雨石赶忙拉上婉婉准备跑路，哪知一个不小心绊倒。 苏雨石不意外的摔倒，正担心自己帅气的脸庞要毁容时，却被婉婉一把拎住。苏雨石尴尬万分，立马做起了俯卧撑。二哥只是锻炼身体，说完火速抱起婉婉说有事准备开溜。闻言，女星秋琪嗨嗨一笑，没想到私下的苏雨石这么逗逼。明明是这男人先找茬，男人却吓得一身冷汗。什么要扒我裤子吃？就在刚刚清晨六点，婉婉叫了九九八十一遍的二哥起床，可二哥的懒癌犯了，就是死活叫不起。但婉婉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于是婉婉心想，一定是二哥太累了。 所以就独自去找饭桶叔叔领早饭。与此同时，盛百元也在去领早饭的路上，他内心正喜滋滋，自己一定是最早的。抬眼的瞬间，却看见婉婉早他一步，他瞬间气炸了，讽刺苏家不会是重男轻女吧？闻言，婉婉眼皮都懒得抬，霸气喊话：“我就是二哥的家长，不行吗？”说完便转身狂奔离去，却遇见男星宋金和他儿子宋佑。宋金好奇问婉婉：“跑这么快干嘛？”婉婉奶萌回应：“二哥胃不好，不能喝冷粥。”此话一出，婉婉瞬间收获一波铁粉。 时间一晃就是一小时后，陆怀饿得咕叽叽的来小广场集合。婉婉好奇凑近问陆怀是不是没吃早饭？陆怀委屈巴巴、悄咪咪道：“我妈懒得起不来，让我啃树皮，真的太难吃了。”婉婉嘿嘿一笑：“傻瓜，树皮哪有好吃的？”这时宋佑赶忙凑近：“那怎么做树皮才好吃？”婉婉却回应要烤着吃，加盐、鸡精、辣椒、孜然。说完，三人便愉快地想象着树皮的美味。 而一旁的小何见状却一脸无语：“你们是傻子吗？人怎么会吃树皮？”闻言，婉婉霸气喊话：“谁说树皮不能吃？我师傅当年带兵打仗时，吃树皮都是奢侈了。” 小何气到爆炸，怒气喊：“树皮就是不能吃！”与此同时，婉婉正好看到一棵千年老树，于是他手指成百元的方向问二哥：“可不可以把他裤子扒下来吃一点？”二哥一脸问号的 say good。此话一出，盛百元吓得瑟瑟发抖，真要扒我裤子吃！不料婉婉却径直越过他，直奔前方五十米的老树，他刷刷刷施起小魔法，气火成功，然后就开始兴致勃勃的烤起树皮，烤完一把塞嘴里。没过三秒，婉婉便瞬间哇哇大哭起：“二哥，真的好难吃啊！你说我师傅当年吃了多少苦啊！” 二哥俯身安慰：“你师傅都吃这么难吃的东西，我们以后也不能再浪费粮食。”闻言，婉婉哭唧唧回应：“婉婉从来不浪费粮食。三岁小女娃只是在综艺里啃个树皮，就把综艺的人气提升二十倍。可盛百元反驳婉婉，晚晚没人会吃树皮，却被粉丝吐槽高学历却不懂历史。而此时的导演却了开花，他马不停蹄的 q 主持人进入下一个任务，主持人分分钟 get，让所有家长进行抽签决定。没过三秒。 抽签结果一一揭晓，宋金父子抓五百斤鱼，邱琦母子挖五百斤藕，盛百元兄妹摘五百斤橘，苏雨石兄妹搬五百斤砖。任意队完成任务都可获得十积分。可苏雨石却一脸苦笑，咋又是体力活？同时间，主持人凑近问苏雨石有什么问题吗？吓得苏雨石张口就喊没问题。然而婉婉却元气满满的狂奔出发。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苏雨石气喘吁吁抱着婉婉来到胡家，他礼貌的和大叔确认地址有没有错。胡大叔愣住三十秒。 才想到是节目组安排来干活的嘉宾，婉婉霸气喊话自己能搬动一百斤砖。胡大叔嘿嘿一笑，婉婉这么厉害，于是他转身便带苏雨石兄妹搬起了砖。婉婉奶萌问搬砖是不是盖新房结婚？胡大叔哈哈一笑，是啊是啊，说不定来年就能抱上孙子了。闻言，婉婉更来劲，刷刷刷的装满一整筐的砖，吓得苏雨石连忙喊婉婉别捡了。婉婉一脸疑惑，为啥还没捡到五百斤呢？这时胡大叔笑呵呵，你再装的话，你哥怕是要累坏了。 闻言，婉婉赶忙拿出筐里的砖。胡叔叔说的对，我二哥确实太虚了。此话一出，苏雨石气到肝疼，想着到时候记者肯定都来问他身体虚的问题，他就气到想捏婉婉的脸。都怪你用词含糊。然而下一秒，婉婉让二哥背砖时，苏雨石确实有点背不动，还是婉婉帮忙才背起来的。苏雨石颤颤巍巍地挪着小步，婉婉在一旁吐槽：“你看吧，说你身体虚还不乐意。小女娃打了男人两小时，男人都不肯承认自己身体虚。二哥，你看吧。” 说你虚还不承认？婉婉说的漫不经心，让二哥放松才好套路她。二哥，不然这筐装我来背吧。二哥霸气摇头，绝对不行。那我们一起抬呢？要是你腰闪了更糟糕。二哥怒气飙到顶端，苏婉婉，你给我闭嘴！婉婉乖巧点头，发誓以后都不说二哥身体虚，只是有点弱而已。闻言，二哥的自尊瞬间感觉被按在地上摩擦。与此同时，婉婉趁着二哥不注意，瞬间抢过背篓。 飞速爬了九千九百九十九个阶梯，二哥的小心窝窝瞬间被哐哐撞了一下。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婉婉背完五筐砖，却一点不带喘气，而二哥累的却快去了半条命。婉婉见状，又开始搜罗自己的魔法袋，他狂奔凑近递给二哥，二哥塞进嘴里的瞬间，顿时充了满满的力量，分分钟就能轻松抬起五百斤的两筐砖。二哥一脸疑惑地问婉婉给他吃了什么，婉婉嘿嘿一笑，是大力福哦。说完，两人愉快地狂奔起来，整个弹幕都惊呆了。没过三秒。 苏雨石兄妹超额完成了五百斤搬砖任务，胡大叔见状都惊呆了。画面一转，所有人完成任务到小广场集合。秋琪见状，一脸狼狈的问苏雨石：“这么精神是没干活吗？”晚晚霸气上前，搬砖、扛水泥都干了。胡爷爷还给了馒头和二百元现金呢。闻言，秋琪一脸羡慕。这时，他儿子陆怀也凑上前问婉婉。 可不可以把馒头分点给他吃？婉婉却大方的送出了一整个馒头。小何见状，怒气外露，吃个馒头嘚瑟什么？话音未落，却被盛百元疯狂暴揍一顿。小何哭唧唧喊哥哥，盛百元却是一副死亡凝视脸。没过三秒，小何瞬间开启歇斯底里的大哭。婉婉无语，怎么又哭了？一点都不讨喜。闻言，陆怀和宋佑也凑近说，还是婉婉比较讨人喜欢。婉婉嗨嗨一笑，害羞的摸摸头。突然，当他转身时，却看见二哥在吃着馒头看戏。婉婉也凑近看热闹。 怎么回事？气得他立马握紧小拳拳。这盛百元竟然偷了二哥的契约。小女娃盯上谁，谁就会三天内倒霉。而他如今带着满满的怒气盯上了男人，男人却一脸问号。我什么时候惹到这个小祖宗了、啊？婉婉送男人一个死亡凝视脸后，却奶萌跟二哥说一定会帮他报仇。二哥一脸懵逼，但缓过神后，他一脸宠溺的说以后二哥就靠婉婉保护了。婉婉满脸自信的 C 哥。就在这时，主持人 Q 大家集合。 导演准备宣布大家获得的积分情况，宋金父子积分五，报酬五十元；秋琪母子积分二，报酬二十元。正在导演要继续宣布时，却被小何突然打断。导演怒气飙到顶端，盛百元见状，赶忙让小何道歉。小何委屈巴巴 say sorry。紧接着，主持人却宣布盛百元兄妹获得积分时，报酬一百元是第一名。一旁的婉婉嘟囔着：“我们还获得二百元。”话音刚落，盛百元却出来挑衅苏雨石：“今天赚多少？”苏雨石眼皮都懒得抬。 而婉婉却霸气上前说：“我们赚了二百元了。”闻言，小何怒气外露，说：“婉婉的二百元是作弊赚的。”婉婉可不惯着他，我们今天可是搬了砖，还扛了水泥呢。小何却一脸不信，非说婉婉扯谎。婉婉气到握紧小拳拳找导演证明，导演嘿嘿一笑，证明婉婉说的是真的。话音未落，主持人便立刻宣布：“恭喜苏雨是兄妹积分二十，报酬二百元。”闻言，婉婉一跃三尺高，开心的跳入二哥怀抱。而一旁的盛百元气的心里骂娘，婉婉却露出邪恶的眼神：“小样。” 这才刚刚开始，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获得第一名的奖励便是满汉全席。正在婉婉开心的两眼放光时，盛百元兄妹却闪现门口。婉婉见状，立马跳下小板凳。正在小何以为婉婉要邀请他吃满汉全席时，不料婉婉却走进门口下住客令：“盛叔叔，你们快回去吧，不然我们一会儿吃大餐，他该哭了。”闻言，小何不意外的开始哇哇大哭。婉婉快速把黄符塞入小何口袋，然后一把举起他交给盛百元，最后还不忘礼貌的挥手道别。盛百元兄妹只能气呼呼离开。 没过三秒，回到家中的盛百元怒气冲冲地洗了把脸，擦脸的瞬间，他戴在脖间的玉佩却突然滑落，吓得盛百元大惊失色。怎么回事？明明早上还好好的，男人把小女娃带到后山还摔打小女娃，可小女娃却很开心，因为她不但把男人反制，而且她还破了二哥被抢的契约。就在刚刚，节目组让大家抽签决定换家长执行任务，不料婉婉却抽到了盛百元。婉婉瞬间觉得昨晚想要打包剩饭是对的，因为今晚很可能会没饭吃，可却被导演无情地拒绝了。 想到这儿，突然被二哥的那喊声打断。婉婉，你要是饿了就来找二哥。话音未落，被导演无情拒绝。二哥发飙，婉婉咱不录了，回家。婉婉冷静劝退二哥，不行啊，想想报仇三千万呢。最后二哥只能被迫接受，婉婉则乖乖跟着盛百元，并开心的和二哥 say goodbye。待二哥走后，婉婉开始试探盛百元，他奶萌问盛百元有多少个女朋友。闻言，盛百元震惊八十分，并马上微笑回应婉婉别下手。婉婉霸气喊话，不可能，我观你公口泛红，桃花朵朵开呢。 盛百元则怒气回应：“现在是法治社会，不要迷信鬼怪神学。”婉婉瞬间跳起了劲舞。我知道啊，我还知道要跟着国家政策走。世界上没有鬼，就算有，一般人也看不见。所以请相信科学。最后，婉婉还不忘补刀，让盛百元平时要注意节制，不然……话音未落，盛百元赶忙捂住婉婉的小嘴，努力狡辩。而弹幕瞬间炸了，感觉婉婉的乌鸦嘴可信度很高。十分钟后，导演宣布这次任务是修缮自己的家。婉婉见状，一脸疑惑，问导演：“房子整这么大的洞，怕不是在搞笑？” 导演却回应：“修缮的可不止这一个洞。”盛百元立马打退堂鼓，婉婉则元气满满，立志一定要完整。紧接着，他对盛百元发出三连问，盛百元都说不知道。使坏的小心机在他心中缓缓升起，于是他便邀请婉婉一起去后山挖黄泥来修房子。婉婉也想看看他想指什么坏心思，便答应同他去后山。然而没过三米，摄影师便不知去向，婉婉瞬间警觉，正四处张望找摄影师时，盛百元则露出他那阴险的嘴脸，怒气冲冲质问婉婉。 今天的话是不是都是苏雨石教的？婉婉打马虎眼。今天我说了好多话，你指哪句？闻言，盛百元却想揍婉婉，然而婉婉轻松就躲开了。盛百元见状，怒气飙到顶端，想要置婉婉于死地。于是他眼疾手快，一把拽起婉婉。婉婉却察觉到他带的玉佩阴气死重。然而没过三秒，盛百元将婉婉高,高高举起后。 又重重地将他摔落，在摔落的瞬间，婉婉成功拽下他的玉佩。盛百元见状，瞬间慌了。正当他想抢回玉佩时，婉婉却将玉佩狠狠地摔在地上，玉佩瞬间摔得稀巴烂。盛百元怒气飙到顶端，正想再次揍婉婉时，婉婉却一脚踩在碎玉佩上，怒气喊话：“这玉佩害人害己，毁了才好。而且你按我二哥的脸整容，甚至割血喂灵，让邪神复苏，偷走我二哥气运到自己身上。你不要以为你干的坏事没人知道。” 接着他继续发起滋滋雷电劈向盛百元，吓得他直接原地晕倒。此时另一边小广场上，二哥因为找不到婉婉而跟导演发飙。正在大家催搡之际，宋佑大喊：“婉婉回来！”闻言，所有人同时开心的转身。只见婉婉一身疲惫的拖着盛百元缓缓走，二哥赶忙冲向婉婉，将婉婉紧紧抱在怀里。谁知婉婉刚庆幸见到二哥没事，气运也已拿回来后，便直接晕倒。这可把苏雨石吓坏了，他瞬间歇斯底里的开始大喊：“快叫救护车呀！”明明是这三岁小女娃被骗到后山。 男人却吓得原地昏睡过去，不仅被小女娃一拳揍成猪头，还被拖着回到小广场。然而刚到小广场，婉婉见到毫发无损的二哥，才放心的晕倒。时间一晃就是第二天，待婉婉醒来时，听到医生说自己只是轻微的颅内损伤，住院观察就行。而二哥却不依不饶的拖着医生。婉婉见状，奶萌喊二哥抱抱，二哥直摇头。 医生说你要静养，然后便坐在婉婉病床边。婉婉好奇地问二哥：“最近两年是不是特别倒霉？”二哥唉声叹气：“何止倒霉，每次出门必踩狗屎。”闻言，婉婉嘿嘿一笑：“不过以后就不会了。”二哥一脸问号，紧接着他和婉婉确认这件事是不是和盛百元有关。婉婉疯狂点头，yes，吓得二哥差点去了半条魂。医生说你不可以动了，待婉婉安静坐好。二哥心疼地摸摸婉婉头上的伤，宠溺地问婉婉：“是不是被盛百元打？”婉婉奶萌说：“没有被打，只是被旧衣领摔地上了。” 闻言，二哥心疼到哇哇大哭，婉婉却安慰二哥没事儿，还说是盛百元偷了二哥气运，不仅整容成二哥的样子，还用玉佩和术法偷走二哥的气运。传闻法力低的精怪，为了得到神的法力，却假装成神，而这些邪神帮助宿主完成心愿的同时，也会慢慢吞噬宿主的心智。所以我将盛百元的玉佩毁掉，他接着就要完蛋了。果然不出意料，此时热搜榜单。 剩百元丑料疯狂摆出，多个女朋友网上撕逼。苏雨石笑得乐开花，和梅姐讨论接下来的工作安排。综艺拍摄是不是还要再继续？婉婉小声奶萌说要继续，而苏雨石看到受伤的婉婉，便告诉梅姐和婉婉商量下再决定。待挂断梅姐电话，没过三秒，爷爷来电，嗡嗡嗡，吓得苏雨石手机掉落。他内心 OS 却是：完蛋了，这次没有保护好婉婉，爷爷肯定非扒了他的皮不可。七旬老人行千里来见男人，不惜破窗而入，却只为暴揍男人一顿。 男人赶忙抱上妹妹救命，爷爷看见孙女便忙着心疼孙女受伤疼不疼。这时苏爸和大哥也带着医生哒哒哒的走进，紧接着医生开始了长达十分钟的检查后，医生说婉婉无大碍，只是伤了脑袋需静养。闻言苏爸怒气飙到顶端，分分钟就想暴揍苏雨石，没想到正想逃跑的苏雨石却被大哥逮个正着，还不忘递给苏爸棒球棍。于是苏爸抄起棒球棍就往死里暴揍苏雨石。婉婉见状立马上前护住二哥，恰巧被刚来看婉婉的导演撞个脸。 婉婉礼貌喊饭桶叔叔，并上前向爸爸介绍导演。导演尴尬打招呼，顺便问婉婉是否还继续录制节目。闻言，苏爸眼皮都懒得抬，直接拒绝。不料话音刚落，婉婉便拉着苏爸撒娇着说要去。婉婉要赚好多的钱钱，婉婉还舍不得其他小朋友。苏爸一脸心疼的说道：“宝贝，咱家不缺钱，爸爸担心你受伤，你头上的伤怎么来的忘了吗？”婉婉奶萌回应没忘，还痛着呢。我也知道爸爸有好多钱，可是我和二哥签了合同，我们得有合约精神。 不能当老赖不是？苏爸最终被婉婉说服，并答应苏爸遇到坏人要先跑。婉婉一脸疑问：打得赢也要跑吗、啊？苏爸宠溺着回应：揍人的事交给爸爸和哥哥们就好。时间一晃就是一小时后，爷爷哭唧唧回家。婉婉和苏雨石回到小广场继续录制。紧接着，主持人介绍新嘉宾魏明熙。话音刚落，婉婉震惊的就像婉婉三岁天才小道童第一次见四十岁的男人，竟让男人等他长大来娶她。然而另一双眼睛正在直直盯着他。待他在揉揉双眼确认后。 才发现是他小男友顾方池，顾方池赶忙将妞妞塞给舅舅魏明熙，然后一个箭步起飞，准备迎接婉婉热情的拥抱。紧接着，小两口热情寒暄长达十五秒后，顾方池担心的问婉婉额头疼不疼，婉婉奶萌回应还有一丢丢。话音刚落，顾方池宠溺替婉婉吹吹，没过三秒，他又从舅舅手里拿回妞妞给婉婉，可婉婉却说节目组规定要把玩具上交。不料转身的瞬间，导演已拿着回收箱站在身后，顾方池一脸不高兴，舅舅赶忙耐心劝说，婉婉猛地抬头。 才发现舅舅简直帅爆，了，于是柔柔跟舅舅说：“能不能等他长大就娶她？”闻言，顾方池一副死亡凝视脸看向舅舅，舅舅俯身安慰：“宝贝，舅舅不能等你，舅舅已经有媳妇了。”话音未落，婉婉哭唧唧：“我的爱情塌房了。”这时，顾方池着急握紧婉婉：“别哭，我舅舅都老男人了，有什么好看的？等我长大来娶你。”闻言，婉婉瞬,瞬间喜笑颜开：“那你可不能忘了来娶我。”顾方池霸气回应：“我这辈子非你不娶。”此话一出，二哥瞬间坐不住了，抱起婉婉就跑路。 气的顾方池握紧小拳拳。这时主持人 q 大家来集合，并宣布这次任务是在两天内卖农产品挣到二百元，每组嘉宾两个人，相当于两天的营业额是四百元哦。闻言，婉婉瞬间兴奋了。三岁小女娃只花了三分钟卖光农产品，男人却不想卖。就在刚刚，主持人宣布今天的任务是靠卖农产品赚到四百元，婉婉瞬间兴奋了。她吭哧吭哧来到小镇集市，小嘴怪甜的叫卖，就普通的白萝卜都能给她说出花来。不到三分钟便已卖空。苏雨石抱起婉婉，直夸她厉害。 然而刚没走两步，就听到顾方池喊婉婉，婉婉开心的和顾方池 say hello，接着纵身一跃从二哥身上跳下。顾方池拿出给婉婉买的光饼，婉婉也是毫不客气的吃起来，还问他钱从哪来的，才知是舅舅卖农产品的钱给买的。于是他们立马便去找舅舅，却发现舅舅呆坐着不卖农产品。柔柔满脸问号问为什么，才知舅舅是因为农民辛苦种的菜却在便宜卖，为农民感到不值。婉婉分分钟干农民伯伯好辛苦哦。 可是我都把它全卖光了。舅舅暖心安慰：“你全部卖光也是对农民伯伯辛苦的肯定。”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所有人回到小广场集合。主持人宣布各组嘉宾的收获成果：宋金父子赚了二百元，秋琪母子赚了一百元，舅舅和顾方池赚了三百六十元。最后，恭喜我们本次的冠军婉婉赚到四百元。节目组决定帮婉婉实现一个愿望。话音刚落，导演俯身问婉婉愿望。经过六点一八秒的思想交战后，婉婉终于想到了自己的愿望是：从一个愿望变成三个愿望。 闻言，导演瞬间石化。紧接着，婉婉说：“第一个愿望是帮所有嘉宾每人实现十个愿望。”导演一脸尴尬，现在直播也不好拒绝。主持人见状，赶忙出来圆场，着急和大家 say goodbye。别的学生在校都好好读书，男孩在学校却整天打架，如今却直接把同学打到骨折住院。爷爷收到消息，怒气飙到顶端，就等苏爸去学校处理。然而，苏爸还在接婉婉回家的路上。婉婉震惊：八十分，咱家的大飞机这么霸气！ 闻言，苏爸告诉婉婉，喜欢可以经常做。婉婉却一副小大人模样，算了吧，费油。时间一晃就是两小时后，直升机顺利抵达苏家宅院。婉婉刚下飞机就开心的狂奔向爷爷，然而爷爷却满脸的低气压，瞬间把婉婉惊呆了。爷爷，你怎么了？不会想打我吧？爷爷秒切和善不是的宝贝，是你五哥六哥在学校把人打到骨折，班主任说要请家长。苏爸满脸不信，我的儿子我清楚，都是乖小孩。 爷爷疯狂否定，你怕是还不知你两儿子现在学习都是倒一了。闻言，苏爸一脸无奈，准备马上出发去学校看看。婉婉见状，赶忙说要跟爸爸一起去。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婉婉歪头在教室门口找哥哥，不料却被怀玉失职发现。怀玉立马礼貌弯腰向婉婉行礼，婉婉霸气喊话不必多礼。说完便头也不回的朝哥哥们走去。婉婉率先和六哥 say hello，却被哥哥的同学围堵逗了六哥见状，一把抱起婉婉，紧紧护在怀里不让大家看。而抱在怀里的婉婉却疯狂和五哥闲聊。 五哥第一时间关心婉婉受伤还痛不痛。婉婉这时发现两个哥哥身上阴气很重，紧接着他快速施起小魔法，巴拉巴拉小魔仙，哥哥们瞬间感觉神清气爽，而怀玉也感觉周围的阴冷气息减少。于是他手托腮，对婉婉露出一脸的崇拜。就在这时，同学嘲笑他喊婉婉小师伯。闻言，怀玉怒气飙到顶端，握紧小拳拳，想要揍人的模样，吓得同学瑟瑟发抖。男人只是径直走进教室，可女人却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单凭男人的表情，女人就意识到。 这个学生不该骂。就在五分钟前，女人刚进教室就开始质问苏心满是不是又打架了。苏心满完全无视，气得女人怒气发飙。苏心满，你给我站起来！下学期就要上高中了，你却还停留在初中。你哥哥现在是傻子，你又像混社会的，你就说你们俩霍霍不在家待着，来学校读什么书？此话一出，苏心满刚想发飙，却被婉婉抢先一步。婉婉霸气狠话：老师怎么能随便说我哥哥是傻子呢？女人见状，怒气飙到顶端。苏心满，你还敢私自带孩子来学校？ 现在立刻请家长，不然你直接滚蛋。话音未落，苏爸喊话：“我就是你要请的家长。”女人瞬间吓出一身冷汗，没想到苏心满是苏州的儿子。正思考着，突然被苏爸的问话打断思路。女人心想：糟糕，还没有了解过苏心满为什么打人。于是她嘿嘿一笑，只说苏心满带着哥哥在厕所堵人，把高三七班的曹氏同学的双腿打断了。苏爸再次强调：“我问的是我儿子为什么动手打同学。”婉婉帮腔：“对啊，我哥哥突然打人总有理由吧？”老师，你该不会是没了解情况？ 就把错都归在我哥哥头上吧。婉婉越说越气，三尺小脚一跺，拉起哥哥就往外走。苏爸见状，表示苏家愿意承担曹石的所有医药费。但曹石散播谣言，欺辱同学，学校必须给我一个交代。闻言，女人着急的想再说些什么，苏爸却完全无视。画面一转，苏爸严肃的问儿子，在学校受欺负为什么不说？见六哥不吱声，婉婉暖心安抚爸爸：“哎呀，都是能用拳头解决的事，告诉家长多丢面。”不料婉婉一劝，苏爸和六哥却互相道起歉来。 时间一晃就到家了，婉婉这小吃货见到零食就两眼放光，她开心的喊两个哥哥一起吃零食。没过三秒，五哥陪婉婉咔滋的吃着，六哥却大发飙说：“老五怎么不看着婉婉？小朋友不能吃太多。”婉婉见状，两手掐腰，让六哥别生气，婉婉可以治好六哥的脑袋。说完就呲溜的跑回房间去了。没过三秒，婉婉霸气甩出银针，一脸坏笑的挑中了一根最粗的，奶萌说着：“六哥，快帮忙按住五哥，我来给他治治脑袋。”五哥见状，吓到全身颤抖。 三岁小道童第一次见五哥，就把五哥扎成小刺猬，吓得五哥直接昏睡过去。就在刚刚，婉婉拍着三尺小胸脯说能治好五哥，于是他掏出一根最长最细的银针，想要插入五哥脑袋。六哥震惊：婉婉你在开什么国际玩笑？这时苏爸听到动静，赶忙下楼，还和婉婉确认五哥的头是否真能治好。婉婉霸气喊话：必须可以，而且五哥的脑袋不仅仅是车祸问题。 说完，婉婉便喊爸爸来帮忙按住五哥的头。闻言，苏爸分分钟来到婉婉身边，准备撸起袖子来帮忙。哪知六哥怒气发飙：“爸，你不要跟着婉婉瞎胡闹！”喂。苏爸满心安抚六哥：“婉婉跟着他师傅学过医术，他师兄就是帝都医院外科主任莫金春。”此话一出，六哥震惊的就像六哥：“你说的可是新生代神医莫公子？”婉婉嘿嘿一笑：“六哥，淡定，我师傅可厉害，而且婉婉的很多师兄弟也都是顶呱呱的人物。当然，除了像德寿师弟外，他画符废纸被我师傅追着打。” 六哥依然满脸质疑：“你才三岁，居然有师弟？你师弟是谁啊？”苏爸抢答说：“他见过，婉婉师弟是天师会的会长。天师会隶属国家，是替国家办事的、哦。”此话一出，六哥犹如万块大石哐哐撞头。这时，婉婉安抚六哥：“放心，婉婉会保护好哥哥的。虽然你和五哥马上死翘翘了，婉婉能保证阎王都带不走你。”六哥，你还不知道咱们家被人下咒了吧？闻言，六哥一脸问号：“下咒怎么可能？”婉婉继续问：“一个月前，婉婉送你的平安符是不是自燃了？五哥是不是还跳过天台？” 幸好被你拦下。话音未落，六哥便问婉婉是怎么知道。婉婉仰着小脑袋说：“是自己算的。平安符自然是在替你们挡劫。”正在六哥还在想是谁干的时，婉婉霸气喊话：“六哥放心，有婉婉在就会平安无事的。”六哥则打趣婉婉还行，肯定是哥哥保护你。婉婉却一脸不服气：“六哥你怕是还不知道婉婉的厉害。”闻言，六哥宠溺的摸着婉婉头。这时五哥恰巧醒来，六哥起身喊话：“到饭点让我看看有谁想吃饭饭。” 话音未落，婉婉和五哥同时流着八尺口水。接着，婉婉率先跑在前头，开心的喊着吃饭了。而此时的六哥还站在原地，想着早晚要揪出害我们家的人。当女娃千叮万嘱他哥最近有危险，他校霸亲哥却完全不当回事，甚至才吃两口饭就马不停蹄的说要出去。就在刚刚，大家都在愉快的干饭时，婉婉突然问六哥发色为什么不一样。闻言，六哥不好意思的挠头，说自己头发是染的。婉婉一听，瞬间兴奋了。 那婉婉也要染个彩虹色，成为李营商安杰丽娜安塔利亚婉。六哥震惊八十分，小屁还想什么呢？他疯狂摇头说不行，而且染发不健康。婉婉满脸问号，既然不健康，六哥为什么要染？六哥扯谎说自己白头发多，为了遮盖才暂时染的。最后婉婉终于被说服，点头说知道了然而没过三秒，他突然大喊：“等婉婉长大了，要带爷爷和爸爸去染发！”此话一出，所有人震惊的就像所有人。 接着他说还要带大哥、二哥、三个、四哥、五哥、干爹和小池哥哥去。六哥想着婉婉说的画面太辣眼睛，便赶忙找借口开溜。婉婉满脸疑问，六哥要去哪？六哥却只敷衍说有事，便匆忙离去。婉婉感觉不对劲，他赶忙掐指小算，结果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竟然是六哥的死劫。想到这儿，婉婉赶忙挥动三尺小腿跳下桌，他想着势必要拦下六哥。刚跑到门口，婉婉就着急喊六哥不要走。六哥没听到，反而径直抬起六尺长腿。 一把跨上机车准备出发，这时才发现婉婉一直在喊他，让他不要走。六哥缓了六点一八秒后，告诉婉婉今晚有约，必须出去。婉婉凑近直接说不想哥哥死，想保护哥哥。闻言六哥唉声叹气，接着说了句抱歉，便戴上八尺头盔准备离开。此话一出，婉婉绝望到极点。当六哥不管不顾的蓄力加油准备出发时，却发现车子怎么也跑不动。他转身一看惊呆了，原来婉婉正紧紧的抱住机车尾，口中不停的喊着六哥不要走。 六哥无奈摇头，一把拎起婉婉，说：“六哥不能失约。”婉婉妥协，要去也可以，要带婉婉一起去。说完，婉婉一跃三尺跳下，拉起六哥，霸气喊话：“那我们出发吧！”小女娃凭一己之力抱住车尾，想拦下今天有死劫的六哥，可他六哥明知有死劫，偏向死劫走，婉婉没办法，只能陪着六哥去冒险。只见他快速戴上三尺小头盔，再一跃跳上六哥后座，大喊：“出发吧！”六哥看时间来不及了。 无奈只能带上婉婉，随着他温柔地跟婉婉说：“报警，六哥便加足马力飞驰而去。”然而另一边，一座道观内，只见一道士口中不停地念着咒语 “a b c”，突然他那着魔的双眼狰狞展开，将一符纸燃烧化为灰烬，再把手指的血引入碗中，嗜血咒生成，就等着六哥来历子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婉婉今天陪着六哥出门，就是为了化解这嗜血咒。画面一转，婉婉和六哥即将抵达目的地时，却有一群人开始欢呼呐喊。待六哥将机车停稳。 大家都纷纷猜测六哥带着的小团子是谁，还未等大家开口，婉婉便率先热情的 say hello，我是苏心暖的妹妹婉婉。岂料话音未落，有人兴奋的飙脏话，吓得婉婉还以为怎么了。六哥暖心安抚，将婉婉抱进怀里，接着问比赛对手何云川来了没。只见何云川正单手插兜吸着烟，见六哥来了，赶忙把烟丢了。婉婉见染着彩虹发色的何云川，大惊失色，疯狂摇头说不想染彩虹发色。六哥宠溺的来个摸头，婉婉突然问六哥，比赛输了会怎么样？ 哪知六哥回应输了就得跪下来很罢了，很爸爸。婉婉疯狂拒绝，爸爸怎么能随便叫呢？六哥眼神犀利，哥哥不会输的。就在这时，何云川讽刺六哥是怂货，比赛还带着娃。而婉婉则目不转睛地看着何云川，紧接着就开始掐指计算，还问何云川要不要算一卦，祖传算卦秘方，包算包满。听得六哥与何云川一脸懵逼。柔柔见状急坏了，他赶忙从六哥身上跳下，大川哥哥。 我观你今日印堂发黑，恐有血光之灾啊！闻言，何云川震惊八十分。随着他温柔地捏着婉婉脸面，那该怎么化解？婉婉卖萌回应：“你现在回家就没事了。”何云川苦笑：“哥哥没有家怎么办？而且已经和雇主签了合同，不比赛就得赔偿呢。”闻言，婉婉温柔摸头：“婉婉赚钱了，不然你跟婉婉回家吧。”何云川继续逗婉婉：“还有其他办法吗？”婉婉小手一摊：“谁让你是死结呢？但看在你认识我六哥的份上，你有纸笔吗？” 人群里的小姐姐热情说：“她有。”婉婉拿到纸笔就刷刷刷的开始画起来。不到三秒，她开心的举着符纸说：“画好了。”然后飞快的塞给六哥和何云川，霸气喊话：“你们可以放心比赛了。”而这波操作看得他俩也是一脸懵。小女娃写符纸给两个飙车比赛的男孩，何云川却一脸嫌弃，还说是小孩子迷信玩意。婉婉不理会，反而奶萌提醒六哥一定要认真放好。六哥温柔点头，随之便抱起婉婉塞给小安安，交代要看好。然后怒气喊话何云川：“少废话，快比赛！”在大家的欢呼声中。 接着，两人骑上机车，在起点处准备出发前，还不忘互相挑衅。婉婉好奇问小安安：“你觉得谁会赢？”小安安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老大，毕竟是我们的标杆。”这时，小姐姐突然温柔喊话：“准备，比赛马上开始了，各就各位，预备备，开始！”随着枪声响起，两人飞驰出发。婉婉见状，瞬间兴奋了：“六哥好帅！”婉婉也要跟六哥学机车，岂料却被小安安毫不留情泼了盆冷水。婉婉一脸不解地问：“为什么？”接着，小安安一把举起婉婉。 你瞧，你腿多短，脚都挨不着地，学什么机车？闻言，婉婉怒气飙升。婉婉家里人都是大长腿，婉婉也会长成大长腿。小安安不怕死，非说婉婉基本突变也不一定。此话一出，瞬间扎了婉婉的小星星。婉婉分分钟上演倒地痛苦，太欺负人了，弄得小安安一脸手足无措。就在这时，天空雷鸣响起，吓得婉婉瞬间弹起。婉婉这才算出六哥的不是死劫，而是咒，是死咒。而此时另一边，六哥和何云川正进行激烈的比赛，突然山顶上的大石头迎面落下。 一路朝六哥飞去，小女娃明明是法术高强的道士，写符保平安，却被当成小孩子的玩弄。岂料和云川比赛时遇到雷鸣电闪，山势滑落，直接撞向苏心满时，他才后悔莫及。他着急抱起苏心满，哇哇大哭。想到自己母亲车祸成植物人，父亲受不了压力轻生离开后，他也曾受尽各种委屈，甚至被人谩骂歧视。是苏心满给了他很多的温暖。要不是为了赚钱，他怎么都不会答应这场飙车比赛。这时，另一边在起点等待的人都坐不住了。 小安安看着远方山石滑落，瞬间慌了神，着急大喊：“快叫救援队！”顿时现场乱成一团。婉婉平静的心也瞬间不淡定了，是六哥的位置。就在这时，小安安俯身安慰婉婉：“晚晚别害怕，小安哥哥马上去找你六哥，你在这乖乖等。”说完便骑着机车准备去找苏心满，走时还不忘提醒小弟们要照顾好婉婉。可越来越多的人不放心，纷纷骑着机车去找苏心满，只留下一个红衣小哥照顾婉婉。见大家都走后。 红衣小哥害怕的瑟瑟发抖，口中却还在努力安慰婉婉别跑。可此时的婉婉已经气得眼前一脸黑线。没过三秒，她突然大喊七星剑来，紧接着一把七星剑从天空飞来。 吓得红衣小哥原地晕倒，而婉婉拎起七星剑气的滋滋作响，感动我的家人，怕不是活腻了。于是他立马施起小魔法，口中不停念着巴拉巴拉小魔仙，不料却因对方功力深厚失败了，七星剑也不争气的直线掉落。婉婉怒气飙到顶端，既然六丁神没用，那就给你点厉害尝尝，斗法我苏婉婉可没输过。于是他再次全身蓄力，口中不停的念着 A B C，顿时金光乍现，团团环绕着他，不到三秒便分分钟破了对方的嗜血咒。男人只是看了女孩一眼，却被吓得全身颤抖。 甚至被女孩一板砖拍晕。就在刚刚，女孩分分钟破了红衣道士的嗜血咒，男人吓得丢了七尺魂。他惊慌的喊徒弟，快把清香点上。岂料刚把清香插上香炉的瞬间就断了。徒弟满脸震惊，师傅，这可咋办？红衣道士怒气飙升，大喊苏家你有高人，但我的嗜血咒无人能破。说完三尺小手一挥，竭尽全力施展魔法。而此刻另一边，看到此景的婉婉见情况不妙，也分分钟施起小魔法应对。只见她口中不停的喊着 A B C，没过三秒。 他大喊一声：“七星剑，看你的了！”接着，七星剑伴着道道金光飞驰而去，直接命中红衣道士。这一次，他终于承认他的嗜血就被破，可嘴里却不停的说：“下次定要你苏家好看。”然而，婉婉却打得一身爽，毕竟太久没有遇到对手。岂料刚才施法的这一幕却被红衣小哥看在眼里，他吓得全身颤抖，口中不停的问：“婉婉，你是鬼吗？”婉婉不吱声，拿起一块板砖就拍向了红衣小哥。“抱歉哈，只能让你忘记这段。” 师傅曾说，我们跟有关部门签订了保密协议，不能在民众前展现实力，不然婉婉怕是要进去蹲上七七四十九天了。安排好红衣小哥，婉婉飞速狂奔去找六哥。没过三秒，就看到小安安他们正在搬石头。婉婉着急地问小安安有没有六哥下落。小安安震惊八十分，小祖宗啊，你怎么自己跑来了？红衣小哥呢？婉婉胡乱比划了十分钟，见小安安还没明白，最后才说红衣小哥被雷吓晕了。 话音刚落，小安安让婉婉乖乖待着，山上有掉落大石头的风险。婉婉霸气回应：“没事的，婉婉力气可大。”说完便飞速抱起百斤的石头，一把抛向高空，千米远。一转眼的功夫，挡路的石头瞬间被清空。小安安震惊的就像小安安：“你这怕不是把我们全部按在地上摩擦？我们搬了一个小时都没搬完的石头，你只用了不到三秒！”就在这时，小辫子悄咪咪问小安安：“六哥会不会被压在石头底下？”闻言，小安安直接开揍：“你在说什么胡话？”而听到这话的婉婉。 赶忙掐指小算，六哥死不了。这时小辫子大喊：“你们看，那是不是六哥他们？”所有人赶忙跑去。小安安见是六哥，使出吃奶的劲搬走大石头，大喊：“快快去医院！”时间一晃就是第二天清晨，六哥被耀眼的阳光拍醒，呜呜了半天。婉婉和小安安瞬间被六哥声惊醒，接着开心的扑向六哥怀抱，然后六哥瞬间体验了一把左拥右抱的幸福。 六哥努力抽出被压着的手臂，温柔说着：“抱歉，害你们担心了。”此话一出，婉婉瞬间开启哇哇大哭模式，口中不停的哭喊着：“六哥是笨蛋！”吓得六哥着急问婉婉怎么。婉婉带着哭腔说：“我要餐巾纸擦鼻涕了。”待婉婉安静下来，六哥却一脸懵逼的问自己怎么在医院。小安安赶忙跟六哥解释：“比赛时下雨导致塌方，山石掉落，是何云川救了你，你才伤的不重。”闻言，六哥惊慌失措，着急的问何云川在哪。小女娃前一秒开心的扑向男孩怀抱。 下一秒却哭得稀里哗啦，只因六哥不听婉婉话，执意要与何云川飙车比赛。虽然婉婉破了六哥的死咒，可六哥还是没能逃过山石塌方，幸好被何云川救下，捡回一条性命。然而当六哥听到何云川因救他而伤重时，还未等小安安把话说完，便发疯似的跑去找何云川，直到见到他伤的不重，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何云川则调皮的耸耸肩：“我皮糙肉厚，能有什么事？”这话一落，六哥怒气拎起何云川：“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了几个臭钱，命都不要了！” 何云川也瞬间被惹怒，是你大少爷不食人间烟火？你知道一顿早餐要多少钱吗？你知道一个月房租要多少钱吗？你都不知道？算了，说了你也不懂。我要去打工了。闻言，六哥霸气喊话：“你要钱，我可以给你。”何云川被气笑了，我还没有可怜到需要人施舍。就在这时，婉婉赶来，奶萌问大川哥哥伤没好，要去哪？见何云川不吱声，婉婉秒懂，大川哥哥，我也许可以治好你妈妈。没过三秒，何云川便让婉婉来看妈妈。见婉婉脸色凝重，一脸无解的模样，何云川瞬间失落。 赶忙说没关系的话音未落，婉婉就嚷嚷着有办法了。于是他立马牵起两个哥哥的手，大喊：“虽然不能保证治好，但是我可以去找我二十四师兄帮忙。”闻言，何云川一脸懵逼。六哥刚想确认问婉婉说的是不是梦，岂料话到嘴边，却遇见了来逮他们的警察。怎么又是你们？我们接到举报电话，有人违法赛车。不到半小时，他们就被带到警局。随之，警察问怎么回事，何云川一如既往的嬉皮笑脸，同时间婉婉奶萌举手。 我坦白，我们确实私下飙车。不料此话一出，警察分分钟气炸。赛车还带奶娃，你们谁是他哥？打电话叫家长来接。六哥乖乖承认，并快速拨通苏爸电话。哪知苏爸恰好正着急的找婉婉，听六哥说他给带出来了，苏爸瞬间安心。可下一秒，六哥说的话让苏爸怒气飙到顶端。你干什么玩意？还带上婉婉？今天不揍到你嗷嗷大叫，我都不信。苏安孩明明只是打个电话，却被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单凭爸爸的一句话，男孩就知道。 他今天必定会被爸爸抱走，于是他赶忙问警察：“办公室如果有扫帚，能不能先藏起来？”警察被问得一脸懵逼，婉婉却分分钟变。还未等警察反应过来，婉婉就把扫帚全给丢了，还不忘提醒六哥：“放心，爸爸打不到王婉婉。”闻言，六哥无奈摇头：“我是怕爸爸揍我呀。”岂料话音刚落，就听到苏爸怒喊六哥的声音，甚至自带三尺棒球棍来的。婉婉和六哥见状吓到颤抖，幸好警察及时拉住苏爸。没过三秒，婉婉也死死抱住爸爸的棒球棍，奶萌喊爸爸。 你不是说过不打小孩的吗？苏爸瞬间被气笑了。于是他一手拎起一个仔，和警察道完谢便回家待苏家人走后，警察无奈扶额，并催促何云川快吃，吃完送他回家。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警察如约把何云川送回家，走时还不忘提醒何云川要爱惜身体，有什么困难随时找他。何云川感动的眼泪在眼眶中打转，摆摆手便头也不回的走。刚到家，他终于忍不住的嘤嘤大哭，想着刚才警察的一番关心，想着婉婉说会帮忙治愈妈妈。 让自己好好生活。想着虽然救了苏心满，他却更关心自己。想着护士小姐帮忙上药时，庆幸说还好只是擦伤。想到这儿，何云川瞬间感觉被温暖到了。而此时的苏家，苏爸怒气掐喉，想要暴揍六哥。婉婉吓得哭肿了眼，心想爸爸下一个是不是要揍婉婉？安海只是戳了戳小女娃的脸蛋，却被他疯狂暴揍。就在刚刚，六哥带着婉婉飙车被警察带走，苏爸接到电话，怒气飙升，从警局拎着两个崽就回家了。可刚进家门， 苏爸怒气掐喉，想要暴揍六哥，这一幕把婉婉吓得全身发颤，而五哥却一副看戏的模样，戳婉婉小脸蛋，吓得婉婉哇哇大叫。苏爸顿时被婉婉的尖叫声吸引了，他赶忙跑出来问婉婉怎么了，不料却看见两个仔互相撕扯。苏爸无奈扶额，平心静气的喊老五把婉婉放下来，而五哥却反驳苏爸为什么不让婉婉先放手。还未等苏爸回应，六哥突然问五哥：“苏成奇，你今年几岁？”了？五哥自信回应：“苏心满，你是不是傻？” 我今年六岁了。说完便抱着婉婉去客厅玩了，留下苏爸和六哥在原地尴尬。可婉婉和五哥的玩闹声又吵到了二哥的美梦，二哥怒气冲冲跑出来训斥。闻言，婉婉秒变委屈小猫咪。二哥见状一脸尴尬，暖心安慰婉婉。五哥没眼看，大吼：“二哥那么大声干嘛？吓死个人！”二哥对五哥一点不客气，怒骂五哥是傻子。这话一落，五哥飞速跑上楼，口中还骂着二哥才是傻子。然后两人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掐架。婉婉在楼下看得乐呵呵。这时六哥缓缓走来。 说小安安叫吃饭，去不去？听到有好吃的，婉婉两眼瞬间放出八尺的光，她小手一挥，欢呼的喊着有好吃的，要去要去。六哥一脸宠溺的看着婉婉，那咱走吧。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六哥和婉婉如约抵达小吃店，不料刚坐下，婉婉就发觉小安安面相不对劲。校霸哥哥带亲妹妹出来蹭饭，妹妹却给哥哥拉来一把堵住，谁输了就得跪下来喊爸爸。就在刚刚，六哥带着婉婉和小安安吃饭，一见面就说小安安是败家子面相。 甚至还质问小安安怎么又逃课了。小安安不停的狡辩说着 a b c。闻言，婉婉秒变小大人模样，输出几十条六十秒语音方阵。小安安震惊八十分，悄咪咪问六哥：“婉婉对你也这样吗？”还未等六哥回应，婉婉又转向六哥：“大家都叫你老大，是因为你学习很厉害吗？”六哥婆娑着各种小动作掩饰尴尬，然后灰溜溜的跑去点单了、啊。这时，小安安问婉婉知不知道他的成绩，婉婉回应：“不能是倒一吧？”小安安一脸得意：“倒一在那呢。” 我是倒三，这话一落，婉婉瞬间暴怒，大吼：“小安安，不要骗我三岁小孩！我六哥明明学习很厉害。”小安安左手一摊：“不信你问你六哥了。”然而没过三秒，小安安就迎来了六哥的一顿疯狂暴走，同时还不忘告诉婉婉不要听他胡说，六哥下次一定考第一。就在这时，三年七班的杨希突然甩出一句“痴人说梦”，婉婉哼哼一笑：“六哥，你有没听见有恶犬在汪汪叫？”接着，小安安和六哥则配合婉婉的一唱一和，气得杨希暴怒，问六哥是不是活腻了。六哥则霸气回应。 怎么想打一架？闻言，杨希气势变弱。既然觉得侮辱了你，那只要期末考第一，我就……婉婉拉长三尺小耳朵，还未等杨希说完，他便跳出来大吼，要是我六哥考第一，你就跪下来喊他爸爸！”我就问杨毅：“你敢答应吗？”这时，小安安凑近婉婉，那个字念“希”。婉婉尴尬的再次重复了一遍。杨希气到全身颤抖，声嘶力竭喊出：“这毒我接了，我等着有人跪下喊我爸爸。”六哥挠头：“是吗？我也是这么想的。”待杨希走后，小安安问六哥咋办？输了真要叫爸爸？ 六哥一脸自信，怕个锤子，又不是没拿过第一。说完，擦擦油腻的小嘴，便抱着婉婉回家了。然而刚进家门，就碰到了爷孙三人组。婉婉哈欠哈翻天，喊着要大哥抱抱。大哥嘿嘿一笑，温柔接过婉婉。岂料婉婉刚到大哥怀里，嘴里就嘀咕着“大哥身上香香”。大哥则礼貌打招呼，说要带婉婉回房睡。此话一出，瞬间打翻了爷爷和爸爸三十年的老陈醋。带大哥回房后，六哥呆愣在原地，而爷爷和爸爸纷纷打起电话。 怒气喊话要买所有品牌的香水，小女娃只是因为大哥身上香香，求抱抱。爷爷和爸爸就买下了所有品牌的香水，甚至一喷就是一整瓶。可当晚晚第二天起床时，整个屋子都飘满了各种香味，她捂着三尺小鼻，大喊这是什么味道？ 这时爷孙三人组闪现，问婉婉喜不喜欢这香味。婉婉思考六点一八秒后，奶萌说闻着好想吐，然后灰溜溜的跑掉，说要去找二哥。留下爷孙三人组在原地痛哭流涕。而此时的二哥还在呼呼大睡。婉婉大吼一声：“二哥开机了！”接着二哥就反射性的弹起舞剑，左青龙右白虎，帅气的摆着各种 pose。婉婉看得心花怒放。 拍手叫绝，直呼二哥好厉害。二哥哈哈一笑说：“小意思。”下一秒，婉婉却说她有更厉害的招式教二哥。于是他两大大大的来到苏家草坪。婉婉先是一套伏魔剑，再来一招蜻蜓点水，接着分分钟斩空，最后飞速三百六十度转动七星剑，看得二哥目瞪口呆。婉婉问二哥怎么了，二哥立马滑跪戳戳婉婉小腿。 看看婉婉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婉婉奶萌回应：“当然不一样，因为我是苏家唯一小宝贝。”二哥宠溺的戳戳婉婉头顶：“对对对，苏家小宝贝。”说完便背起婉婉回家吃饭了。就在这时，婉婉啦啦啦的哼起小曲。闻言，二哥面露难色，问婉婉：“以前在道观唱过歌吗？”“唱过呀，师傅说我唱的歌很好听，差点没把他送走。”说完又啦啦啦的唱起来，却瞬间被二哥大手捂住：“宝贝，现在二哥还不需要。如果你想唱，可以唱,可以唱给爷爷听。” 小女娃只是唱了首歌，差点没把男人给送走。婉婉还想再唱一遍，却被二哥死死捂住嘴巴。婉婉，你这歌唱的，我想吃席了。于是两人开心喊着吃席，吃席。二哥，我想吃爸爸的，要大锅的。这话一落，二哥尴尬万分。宝贝，你快别说了，再说怕吃的就是二哥的席了。而此时餐厅内，五哥问六哥有没有听到乌鸦叫，六哥一脸懵逼，回应说不像乌鸦叫，像青蛙叫。这时婉婉和二哥正巧走进餐厅，婉婉问五哥咋。 五哥同样的问题问了一遍，婉婉婉婉缓了六点一八秒后回复五哥肯定是听错了，可五哥不死心，喃喃自语说自己肯定没听错。二哥见状怒气飙升，怎么被听到了？于是他狠狠地给五哥一个旋转螺旋体。五哥暴怒了，直接输出几十条六十秒语音方阵，吓得二哥呆愣在原地。然而没过三秒，二哥问五哥是不是恢复了，二哥这才恍然大悟，丫丫呀，我不傻呀！他赶忙握紧婉婉的三尺小手，激动的热泪盈眶，再一把抱起婉婉，开启长达十分钟的飞速旋转。 最后被放下时，婉婉被转的左摇右晃。待镇定下来，他才娓娓道来，说是因为伤了作妖的人，五哥才恢复这么快。要不是因为五哥车祸被坏人钻了空子，也不会变傻。这时六哥好奇的问：“是不是苏家每个人都有死结？”婉婉两手一摊，疯狂摇头。婉婉发现的早就不是，但二哥你的死结是坏人布一家的。说完，婉婉快速施起小魔法，巴拉巴拉小魔仙射。随着符纸燃尽，红衣道士也被雷劈到冒烟。原来是上次说要对红衣道士一张五雷符，结果忘记了。 正巧补上，大概也就批个七七四十九天吧。他短期内肯定做不了妖。二哥，感兴趣的话，我教你。闻言，二哥笑呵呵的点头：“好呀，好呀。”老人正想去钓鱼，却被小女娃的一句话气到想揍人。可爷爷揍的不是婉婉，而是二哥。你怎么回事？欠揍是不是？不教妹妹点好。正当婉婉也被爷爷的怒气吓得愣住时，他突然灵光一闪，天真无邪的跟爷爷说：“爷爷满百岁的时候，是不是得过寿啊？以前师傅也是百岁的时候办的，有好多好次的，想的都要流口水。”爷爷正一脸纳闷。 为了这个小吃货，我是不是九十岁就得半个寿这时恰巧遇到五哥六哥出门去上学，婉婉见状，赶忙说要送送哥哥们，不然怕是要被爷爷揍屁屁。没过三秒，他们便顺利抵达学校门口，却看见一个女孩被一个男人训斥。婉婉赶忙掐指小算，力气这么重，小人也。于是他赶忙问六哥：“这人怎么这么熊巴巴？”六哥大吼：“他是曹氏他爹，有其父必有其子吗？”曹爹听到，怒气飙升，呵斥六哥不懂尊师重道，之前带个傻子来上学，现在又敢带奶娃，太不把学校放眼里。 这话一落，婉婉怒气反驳：“你这是诽谤！我五哥才不是傻子。”接着他发起河东狮吼，大喊：“我不是奶娃，可别冤枉我！我已经三岁了！”吓得曹爹的假发片都飞走了。待他捡回假发片，还想继续说些什么时，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曹主任，怎么还跟学生杠起来了？”妹妹送哥哥们去上学，哥哥们却不知程主任是妹妹的小师弟，只因妹妹从小丢失，刚找回苏家。就在刚刚，曹主任怒斥六哥不懂尊师重道，甚至带奶娃来上学。婉婉一个河东狮吼，吓得曹主任丢了脸。 正当他想发火时，却被程主任拦下。曹主任怒气飙到顶端，你凭什么插手我管教学生？程主任扶了扶三尺眼镜，冷静回应：“曹主任日理万机，我可以向校长申请减少您的工作。”闻言，曹主任气憋，立马把怒气转移到学生：“你们几个迟到的，现在立马叫家长来！”学生瞬间吓得丢了三尺魂，颤颤巍巍说：“还没到上课点呢。”曹主任气到面红耳赤，程主任却霸气喊学生：“快回教室上课！”然后径直朝婉婉走去，躬身行礼：“小师姐好啊。” 我是师傅的一百零七号徒弟，婉婉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小景，难怪刚看你很眼熟呢。程主任二话不说抱起婉婉，许久不见，小师姐长大了不少。闻言，婉婉泪目，小师弟你是唯一不说我胖的人。紧接着，他向程主任和哥哥们互相介绍，介绍完俩立马纵身跳下，我要去给爸爸打电话，让他别来接我了，我要跟小师弟叙叙旧，留下哥哥们留在原地一脸问号。时间一晃就是一小时后，婉婉刚打完一盘王者荣耀，恰巧进来一个男人。 上来便揉着婉婉小胖脸问道：“你是不是程鹤锦的私生女？”婉婉怒气回应：“我是他长辈好吗？”话音刚落，程主任刚好上课结束回来。男人一脸讽刺的问程主任：“竟真有个三岁半的小师姐？”程主任懒得回应，开门见山问男人来有什么事。男人八卦起程主任和曹主任闹矛盾的事，程主任只回应是说实话而已。就在这时，男人手表滴滴响起，到上课点了。男人赶忙转身离去，走时不忘提醒程主任小心校长婉婉拉住程主任衣袖，奶萌安慰道：“师弟不怕。” 我爸爸是校董，我爸爸是苏州炒鸡炒鸡有钱大。而且我爸爸说他挣的钱都是婉婉的，让我可劲造。闻言，程主任宠溺摸着婉婉头，那校董女儿要不要一起去查课？婉婉奶萌的点点头，接着小师弟塞给婉婉一个笔记本，婉婉好似小大人模样的走起猫步，第一个查的就是婉婉哥哥们课堂，十足好评，因为没有一个人在玩手机。婉婉见状也乐呵呵，哥哥们答应婉婉要好好学习的。闻言，程主任问婉婉，既然哥哥这么听小师姐。 那能不能让你六哥染回头发？别骑机车上学呀、啊！婉婉立马拍着三尺小胸脯，让程主任放心。岂料话音刚落，程主任电话叮铃铃响起，是校长电话。程主任交代婉婉别乱跑，便接电话去了。这时婉婉注意到曹主任班上的学生竟在上课时间跑步，于是她悄咪咪的打算去看个究竟。突然，小姐姐重心不稳，摔了个狗吃屎。婉婉赶忙走近，暖心询问，不料小姐姐却哇哇大哭了起来。一问才知，曹主任污蔑她偷了班费，她不承认就被叫出来罚跑。婉婉一听，气坏了。 拉起小姐姐就说要给她讨回公道。刚到曹主任办公室，就看见他又在教训其他学生。婉婉好奇的问：“曹主任一直都这么不明是非吗？”小姐姐轻声抽泣道：“是的，只要他不顺心，就拿学生撒气。”闻言，婉婉拿起手机，咔咔咔留下证据，想要惩罚下曹主任。恰巧程主任接完电话回来，他温柔问婉婉怎么跑这儿了。岂料还未等婉婉回应，曹主任便闻声冲出，见到程主任不免发起一番冷嘲热讽。这时，男人急匆匆赶来，问程主任发生什么事儿了？没什么。 就是我被校长开除了。这话一落，婉婉和男人同时震惊的瞳孔地震。小女娃盯上谁，谁很快就会倒霉。而她如今盯上了男人，男人却一直作死，想要赶走小女娃的小师弟。眼见小师弟开始马不停蹄地收拾起行李，婉婉没眼看，赶忙扯了扯师弟衣袖，奶萌问道：“小景，你并没有做错，为什么要离职？”这时师弟同时附和：“你小师姐说的对，你一走，曹主任只会更加放肆欺负你学生。”这话一落。 小师弟瞬间改变了主意，于是他快速拨通了老校长的电话。然而没过三秒，新校长就喊小师弟谈话：“我说你两句，就跑去跟老校长告状？那我要真开了你，你是不是得告到教育局了呀、啊？”小师弟扶了扶三尺眼镜，淡定回应：“不会，我只会起诉您。”闻言，新校长震惊的就像新校长。这时，婉婉奶萌补充：“师弟，婉婉家有律师团队，随时借你用。”此话一出，新校长气憋，怒气质问婉婉是谁家的孩子。婉婉霸气回应。 我爸爸是苏州，我替爸爸来视察工作的。请问小景做错了什么？新校长一听婉婉是苏董的女儿，秒变和善脸。这时曹主任火急火燎的跑，嚷嚷着今天要是不开除小师弟，他就要辞职。新校长秒变和事佬，曹主任却一脸怒气的一屁股坐下，小声嘀咕着自己是金牌老师，肯定不会被开除。这话刚好被婉婉听见，他大声喊话：“走的肯定是你。”闻言，曹主任怒气冲着婉婉飙脏话，还说小师弟不仅带孩子进校，甚至是靠关系进的学校。这话一落。 小师弟气得握紧小拳拳，我任职可是通过考核，白纸黑字签合同，反倒是你体罚学生的事情被教委知道了会怎么样？曹主任立马狡辩，你又没有证据，不要污蔑人。就在这时，婉婉亮出手机拍下的证据。曹主任见状，声音开始微微发颤，你怎么？正当他还想说些什么时，新校长又出来当和事佬。小师弟没忍住气笑了，俯身说：“婉婉是帮苏董视察工作的，和我没关系。”婉婉也瞬间掐起小蛮腰，对啊，视察结果很不满意。 曹主任反驳：“一个三岁小娃视察什么工作？”小师弟懒得理会，放话说：“今天他和曹主任必须走一个。”新校长刚想再说些什么，却被婉婉打断：“我已经问过律师伯伯了，曹主任体罚学生已经犯法。”闻言，新校长无奈摇头：“曹主任，你还是回家休息几天吧。”这话一落。 曹主任终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最后，中秋已至，晚晚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团圆。男人前一秒还趾高气扬，下一秒却秒变怂包，只因他经常体罚学生的视频被曝光，甚至牵扯校长一同被开除。晚晚见赶走坏人的目的已达成，便愉快地和小师弟 say bye 吧。临走时，小师弟还不忘提醒和晚晚的约定。 婉婉霸气喊话：“我办事你放心。”说完便蹦跶着转身离开。这时六哥一脸好奇地问晚晚：“婉婉和程主任说的约定是什么？”婉婉奶萌回应：“约定就是让六哥把头发染回来。”闻言六哥犹如泰山压顶，婉婉却一脸疑惑地问：“六哥不行吗？”六哥不吱声，蹲角落哭唧唧。婉婉无视转身，朝着五哥说：“以后坐公交上学，骑机车不安全。”闻言五哥震惊八十分。婉婉见状撒娇道：“这是婉婉的愿望，哥哥们不能实现吗？”这话一落。 哥哥们咬牙切齿回应说：“可以。”听到肯定的答复后，婉婉牵起六哥就打算直奔发廊。此时身后却传来六哥小弟的声音：“老大，放学去游戏厅啊！”此话一出，六哥怒气飙升：“打什么游戏？不用学习的吗？”小弟们颤颤巍巍喊：“老大，我们是导师呢，你才是导医啊！”六哥哈哈一笑，掩饰尴尬：“下月我和你七哥考全校第一给你看看。如果还想跟我混，就跟我去发廊。”闻言，婉婉拍手叫好。 快染发去！时间一晃就是一小时后，染发结束，小弟哭唧唧，只有婉婉直盯盯的看着前面十米远的地方，原来是婉婉小吃货上线了，他赶忙拉上六哥直奔小吃摊，六哥霸气喊话说要十个，同时间何云川也喊着要两个，说完他便笑呵呵的 say hello，婉婉一脸疑惑发问：小帅哥哥你是谁啊？何云川撇撇嘴，换个发型就不认识我了。 话音刚落，六哥瞬间认出是何云川，怎么和老子剪一样的发型？快去改回来！而此时的婉婉完全无视六哥，乖巧的把手抓饼递给何云川。何云川拿起手抓饼，不客气的啃咬起来。婉婉却突然说：“阿姨很久没吃东西，饿坏了。”何云川一脸问号：“哪个阿姨？当然是在家里等你的阿姨、啊。”闻言，何云川丢了手抓饼，直奔家的方向。六哥见状问婉婉：“何云川跑那么快干嘛？”婉婉口齿不清的回应：“他要给他妈妈送手抓饼，因为手抓饼很好吃呀、啊。”小女娃只是说了句：“阿姨想吃手抓饼。” 男人便撒腿就跑。此刻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毕竟妈妈沉睡很多年。于是他满心期待的打开家门，口中不停念着：“妈妈真的醒了吗？”开门的瞬间，他呆愣的喊了声“妈”。妈妈温柔转身喊小川。闻言，何云川飞扑向妈妈的怀抱，口中喊着：“妈妈醒了真好。”而此时的苏家，婉婉向六哥不停的吹着彩虹屁，然而并没什么卵用。六哥一脸严肃的喊婉婉写作业。 三加二等于七，婉婉一副生无可恋的写，却被六哥一顿说错了错了。这话一落，婉婉瞬间哇哇大哭，太难了，宝宝不会，宝宝不想做。五哥见状，火速赶来教婉婉。婉婉丧气的问五哥：“你是天才，为什么还要学习？”闻言，五哥不停的输出 abc。岂料话音未落，婉婉秒变斗志昂扬。婉婉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然而没过三秒，他便泄气的说数学真的好一旁的哥哥们也是汗颜。时间一晃就是第二天，婉婉刚上桌就喊着阿姨多做油条和荷包蛋。 然后快速拼成一百分送给五哥六哥，不料却被二哥的一句话吓到，瞳孔放大。为了掩饰尴尬，他飞速推着五哥六哥出门，快去考试吧，婉婉保证让你们考第一。而此时的二哥却一脸沮丧，因为梅姐正打来电话。小女娃为了可以肆无忌惮的吃零食，还没吃完早饭就催哥哥们去上学，甚至要亲自送哥哥们进校才放心。不料却遇见杨希对六哥挑衅，闻言六哥三尺手臂一挥，便吓得杨希汗流浃背。这时婉婉奶萌提醒六哥。 时间到了六哥径直走过，留下杨希一人留在原地，一脸问好。待他缓过神，校门已关闭，他赶忙求爷爷告奶奶的求保安叔叔，完完两手一摊，这就是没有时间观念的后果。说完，他一溜烟爬上车后座。 告诉司机叔叔回家找二哥，岂料他回家找二哥的目的，便是趁着家里人都不在，开启疯狂零食 party。然而没过三秒，梅姐刚好来家中，看着放开吃零食的苏雨石，梅姐怒气飙升。苏雨石赶忙把锅甩给婉婉，梅姐怒气直拉满，怎么还怪小孩身上？这时婉婉奶萌补充道：“梅姐姐，这些零食都是婉婉和二哥吃的。”这话一落，苏雨石转身呵斥婉婉不诚实。一旁的梅姐不等苏雨石解释，便说要按老规矩办事。闻言，苏雨石赶忙给梅姐赔笑脸，递水。 梅姐却严肃质问苏雨石为什么不接通告。苏雨石委屈解释道：“那些广告不行，我不会拍的。”正当气氛尴尬时，婉婉突然来一嘴：“梅姐，我二哥在公司不开心，就要走得干干净净。”二哥立马满血复活，附和道：“公司干的事我不认同，所以我打算自己开工作室。梅姐，你可以有两个选择，继续跟着我，或留在公司，我都尊重。”闻言，梅姐长叹一口气，然后朝二哥狠狠呼出一巴掌：“好好干，到时候来接我。”说完便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恰巧遇到爸爸回家，婉婉见满地的狼藉，赶忙飞扑向爸爸：“爸爸！” 你怎么突然回家了？闻言，爸爸脸色一沉，缓缓说道：“李春梅判决下来，过两天我们要去趟 C 市。”婉婉一脸疑惑：“判决是什么意思？”男人突然回家，把儿女吓出一身冷汗。只因偷偷临时 party 的狼藉不能被男人看见，可男人却完全无视，因为拐卖婉婉的人贩子要被判决。话刚出口，苏爸还担心婉婉被虐待过而不想面对时，岂料婉婉却瞬间兴奋了，大喊着要去，必须亲自看着坏人落网才甘心，还要喊上二哥、五哥、六哥一起去，却被苏爸冷冷打断。 五哥、六哥还要考试，不能去。时间一晃就来到哥哥们的考试放榜日。六哥出乎意料的考了全校第一，吃瓜群众瞬间炸开锅，校霸考第一是不是作弊？闻言，小安安怒气飙升。我老大以前只是不想认真考。此话一出，吃瓜群众纷纷,纷逃窜。恰巧杨希也来查看成绩，张口就喊吃瓜群众让开，让他看看他儿子考了多少。岂料话音未落，他差点没吓出三尺魂，口中喃喃自语：苏心满这个校霸竟真考了第一名，怕不是作弊的吧？ 闻言，小安安两手掐腰，嘚瑟的回应：“你什么时候准备叫爸爸？”这话一落，杨希赶忙想着逃跑，却遇见缓缓走来的婉婉和六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婉婉已经脱口而出：“大侄子！”吓得杨希惊魂未定，他咬牙切齿的朝六哥说：“你是特意来羞辱我的吧？”闻言，六哥只是轻轻拍了拍杨希的肩，缓缓说道：“考得不错，继续加油。”说完便朝着考试榜单走去，留下杨希在原地一脸问候。时间一晃就来到三天后，人贩子李春梅终于落网。 婉婉心情很嗨皮，让爸爸开车去找何琼哥哥拿师傅给的黑卡。可二哥却一脸惆怅，因为龙潭镇找不到一家酒店。这话一落，婉婉眨着他那卡姿兰的大眼睛，好像在说看他。说完便带着爸爸和二哥来师傅的道观。爸爸和二哥见状惊呆了，这道观也太破，破就算了，还有一条可怕的黑狗。婉婉见状却开心的 say hello，哮天犬，好久不见了。然后和哮天犬开始了你来我往的追逐玩闹。最后哮天犬累的终于跑不动了，婉婉一把抱起他丢向二哥，吓得二哥一身冷汗。 这狗大的也太吓人了，可婉婉却径直跑进道观了。刚进道观，爸爸和二哥一脸问号，道观里面为什么又这么干净？婉婉俏皮的仰着头回应：“是隔壁叔叔和婶婶的功劳，他们可好了。”说完，婉婉快速施起小魔法点香，然后秒变小大人模样，开始躬身膜拜。可没过三秒，婉婉就开始了长达一小时的絮絮叨叨。一旁的爸爸和二哥听得都快要睡着了。突然，婉婉大叫一声，瞬间惊醒沉睡的二哥。婉婉委屈说道：“祖师爷嫌我话多，烦我了。” 接着，婉婉继续点了三根香，让祖师爷莫见怪，等下次再跟祖师爷唠嗑。说完，便带着爸爸和二哥准备去厢房休息。可刚走到门口，婉婉就说肚子饿了。闻言，爸爸一脸宠溺的摸婉婉头：“爸爸这就给你点外卖。”哪知话音刚落，远处传来一声婉婉的呼叫声。婉婉定睛一看，原来是隔壁的婶婶。顶流明星来镇里出差，却跟黑狗抢饭食。就在刚刚，婉婉正委屈巴巴的很肚子饿时，却遇见了隔壁的婶婶。 婶婶邀请婉婉一家人来家里就餐，这时叔叔端来一碗肉香四溢的排骨，二哥看得哈喇子直流，可叔叔却顾着跟婉婉说做了簪子给他，说完便转身去拿了簪子回来。王婉婉见状，喜欢的爱不释手，疯狂和叔叔 say thank you。爸爸却忙着和婶婶寒暄，听到婶婶说不打算要孩子时，爸爸吓得一身冷汗，心想这对夫妻不会是来抢王婉婉的吧？就在这时，爸爸被婉婉的呼叫声惊吓到，二哥你怎么把哮天犬的饭给吃了，还坐了哮天犬的位置？况且盆上就有哮天犬的名字呀。 你没看到吗？此话一出，二哥吓得全身冒汗。婉婉，你咋不早说呢？婉婉挠挠头，我以为二哥你想尝尝哮天犬的餐食。二哥看着哮天犬狼吞虎咽的模样，内心五味杂陈，心想我顶流男星苏雨石竟然跟狗抢食，要是被爆出来多丢脸。婉婉见状，赶忙拿肉讨好二哥，这才是咱们吃的，很好吃，你要不要尝尝？闻言，二哥直呼没胃口，接着跑到洗手间疯狂呕吐。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婉婉刚吃饱就开始在家翻箱倒柜，摸索了半天，终于找到了。 爸爸一脸疑惑问：“婉婉找什么？”婉婉嘿嘿一笑，打开一看，才知是婉婉的财宝。两父子见状，震惊八十分。二哥忍不住好奇问：“婉婉，这些是哪来的？”婉婉奶萌回应：“都是婉婉这四年的压岁钱，师傅让我找机会回来拿，都是师傅、师兄和师弟们给的。”二哥明天陪婉婉去存钱，好不好？闻言，二哥泪眼婆娑。 我的妹妹是个小富婆，都不需要哥哥给她赚奶粉钱了。时间一晃就是第二天，婉婉着急的催爸爸起床，她和二哥要去存钱了。走之前，爸爸不忘提醒二哥要带婉婉去找何警官。岂料很不凑巧，何警官有案子在身，刚好外出。闻言，婉婉满脸失落。二哥宠溺安抚：“那我们先去存钱好不好？”说完，婉婉秒变开心脸，小碎步飞快朝银行跑去。可刚到银行门口，婉婉就感觉到不对劲，她掐指小算，满脸愁容，赶忙转身朝二哥说道：“二哥，我观你印堂发黑。” 今日恐有倒霉之兆。二哥俯身安慰：“我的死结都破了，不是吗？”哪知话音刚落，二哥便踩到易拉罐滑倒，瞬间摔得四仰八叉。再抬头时，却发现土匪分子用枪指着他们，不许动，正抢银行呢。闻言，二哥和婉婉震惊八十分，这运气也是没谁了。流男星带着亲妹妹去银行存钱，不料刚到门口就摔了个狗吃屎，直接将自己送到了土匪枪口下。婉婉看着偌大的枪口，心里正盘算着怎么脱险。这时，带着黑丝袜的土匪狠狠踹了二哥一脚，二哥痛得牙痒痒,痒。 怒气喊着：“谁踢我？”转头看到戴着黑丝袜的土匪二哥，瞬间就像开启了笑穴，怎么都停不下来。土匪一脸严肃地盯着他们。婉婉见拦不住二哥，赶忙谎骗土匪说二哥是傻子。土匪头子竟然就这么信了。然而下一秒，他便让婉婉和二哥去另一边蹲着，接着还不忘让婉婉他们交出银行卡。闻言，婉婉赶忙把小背包递给二哥藏着，不料却被土匪逮个正着。干什么呢？背后藏着什么东西？还不等婉婉解释，土匪一把抢过婉婉的小背包，打开一看。 他们两眼放出八尺的光，没想到这小屁还这么有钱呢。突然，土匪掏出一张黑卡，另一土匪说是武士卡。土匪不确定，便俯身和婉婉确认。婉婉将计就计，说是能挣钱的武士卡。正当土匪被骗的高兴之余，婉婉飞快地敲打着儿童手表报警。二哥不禁为婉婉的机智点赞。岂料话音刚落，门外便传来警车嘟,嘟嘟嘟的声响，吓得土匪一阵哆嗦。紧接着，他一把拎起婉婉，说要把她当人质和警察谈判。二哥情急之下大吼道：“混蛋，放开我妹妹！” 这话一落，土匪怒气将枪口对准婉婉小脑袋。引流男星为保护亲妹妹，豪横喊话劫匪快放手。不料刚出口却被劫匪暴揍，妹妹也随之对上劫匪的枪口。突然，劫匪扣动扳机，婉婉一通巴拉巴拉的念经，吵得劫匪暴走，闭嘴，吵死了。闻言，婉婉无奈闭嘴。然而下一秒，警察快速来到劫匪面前，并喊话劫匪头目王彪放下武器投降。 就可以宽大处理，而瞬间被认出的王彪直接摘下头罩，竟然被你们认出来了，就没必要掩饰了。他继续把枪口对准王婉，并对警察喊话：“我需要一辆车和三百万现金，不然立马崩了这小不点。”话说你这小不点怎么这么重，害我手都拎发抖。这话一落，婉婉瞬间狡辩：“明明是你自己体力不行，还怪我跑。我体检体重在正常范围，不要污蔑我。”王彪怒气飙升：“别吵吵，不然我就崩了你！”警察看着两人吵架的画面，两人无奈面面相觑。 突然，婉婉迅速抢过王彪手枪，再狠狠咬他一口，痛的王彪把婉婉一把丢出十米远。警察见状，赶忙接住婉婉。这时，后面响起一声轰炸声，王彪一时没注意，瞬间被警察逮住。然而，没过三秒，二哥分分钟打倒所有劫匪，紧接着，所有劫匪被顺利拿下。婉婉小手指着王彪屁屁，奶萌说道：“还敢说我胖吗？”王彪以为婉婉拿的是手枪，赶忙对婉婉输出一阵赞美。一阵赞美结束后，才颤巍巍问婉婉可不可以把枪拿走。婉婉口中说着可以。 随之摆出一个帅气的姿势，八呀！Bye. 王彪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又开始大骂婉婉是小胖子。婉婉则两手一摊，有点常识好吗？小孩子怎么能碰枪呢？说完一跃跳入二哥怀抱，立马竖起大拇指说道：“二哥，你刚刚揍坏人的样子简直帅爆了、啊！”小女娃刚从劫匪手中脱险，可下一秒却着急的想哭。婉婉的钱钱还没拿回来呢，二哥宠溺安慰婉婉不急，劫匪抓了钱很快就回来了。就在这时，陆之琼警官热情过来 say hello。 婉婉这才发现是自己的小师弟。同时间，爸爸和隔壁书婶慌忙赶来。婶婶第一时间关心婉婉有没受伤，而爸爸忙着和陆之琼打招呼，却意外知道是婉婉和劫匪吵架，为他们争取到了机会。听到这句话的爸爸心突突响，转而他和颜悦色的叫婉婉过来。婉婉一脸天真的扑向爸爸，还问爸爸我厉害不？岂料爸爸抱起婉婉就是一顿暴揍，揍得婉婉哇哇打哭，哽咽着问爸爸不爱婉婉了吗？爸爸回应爱呀，但是也得给婉婉点教训。闻言，婉婉哭着四处乱窜。何琼警官没眼看。 撸起袖子一起抓婉婉，然而没过三秒，婉婉就已落入何琼警官手中。突然，婉婉灵机一闪，问爸爸：“是不是今天断绝父女关系，就可以不挨打？”这话一落，爸爸瞬间抬起三尺手臂。婉婉见状，酝酿了六点一八秒后，又开始哇哇大哭起来。爸爸瞬间也忍不住的抽泣，然后他紧紧抱住婉婉，口中喃喃着：“幸好你没事儿，不然……”闻言，婉婉奶萌安慰：“婉婉不想让爸爸担心。”这时，爸爸反问道：“那以后遇到这种事该怎么？”话音刚落，婉婉哼哼两声说道。 那婉婉先去抢了银行，让劫匪叔叔们没银行可抢。此话一出，爸爸的怒气再次被撩起，幸好被旁人拦下，婉婉才逃过再次被揍。可他怎么也想不通，爸爸为什么又要揍他？小女娃才三岁，却说要抢银行，让劫匪没银行可抢。闻言，哥哥要罚妹妹做十页数学题长记性，妹妹不乐意，趴在地上哭唧唧。哥哥无奈扶额，那九点九九页不能再少。这话一落。 婉婉落下了感动的泪水，感慨六哥还是爱婉婉。这时，小师傅和何琼正讨论劫匪案件，婉婉却反问小师弟：“是不是有遗漏？”小师弟震惊八十分。小师姐是看出了什么？想到今早惊心动魄的时刻，婉婉奶龙说道：“他身上有杀孽哦，小师弟可得好好查查。”小师弟想到小师姐的擅长之处，便立马让何琼安排排查。就在这时，爸爸带着婉婉的小背包走，了。婉婉两眼立马放出八尺的光，钱都拿回来了呀！哎呀呀，我的小宝贝哦，你可算回来了，拿回钱财。 婉婉开心的带着爸爸去镇上，碰到阿婆热情的 say hello。突然，婉婉停住了三尺小腿，转身和爸爸说：“婉婉想吃番茄面。”爸爸宠溺的摸摸婉婉头，没过三秒，婉婉就开心的呲溜起来。阿婆看到此刻的婉婉，终于过上了好日子，不禁感慨：“那人贩子李春梅。”岂料话音刚落，看到爸爸和二哥严肃的表情，阿婆尴尬的转身说：“要再给婉婉煮一碗面。”爸爸边帮婉婉擦着小嘴，边说道：“看来镇上的人对婉婉都很好。”婉婉笑嘻嘻点头：“是啊。” 多亏了街坊邻居和师傅呢。闻言，爸爸赶忙问婉婉：“那我们吃完去祭拜一下师傅怎么样？”婉婉疯狂点头，带着爸爸和二哥闪现到师傅祭拜点，然后给师傅扒拉出一麻袋好吃的，接着又开始了一小时的絮絮叨叨。哪知一小时后，蜡烛瞬间熄灭，婉婉眉头紧蹙，小嘴一嘟，抱起双臂转身就走，口中喃喃着：“师傅嫌弃我了。”爸爸见状，赶忙喊着婉婉：“爸爸也想给你师傅上炷香。”说完，爸爸手握三支清香，感谢师傅对婉婉的关照，以后苏家定会行善积德来报答。 然后板正的插好清香，便开心的带着婉婉回家了。而此时的师傅看到此景，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夫妻俩刚见小女娃，就哭得稀里哗啦，只因小女娃要准备回帝都了。走时还不忘跟婶婶说一起去帝都玩，以后要给她养老，还要送钟表。二哥赶忙拦下，口中说着童言无忌，爸爸却一脸惊讶。婉婉似乎能坦然面对生死。婶婶婉言拒绝，叔叔和婶婶不能离开 C 市，但是哮天犬可以去陪婉婉哦。闻言，婉婉赶忙问爸爸，可不可以带哮天犬回去？得到爸爸肯定的答复后。 哮天犬吓得全身冒汗，婉婉却开心的冒泡，我终于有狗子的陪伴了。而哮天犬却全身拒绝，我不愿意。可当婉婉再次抱紧哮天犬时，不远处传来黄发男的呼喊声。婉婉抬头问黄发男是谁，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黄发男一脸傲娇，我是你大伯。这话一落，婉婉立马警惕，此人面相凶狠刻薄，与我毫无血缘关系，何来大伯之说？于是婉婉大声怒斥：“你这个骗子！”爸爸也随之靠近，礼貌说道：“抱歉先生，我是独子，你在无理取闹。” 别怪我报警，吓得黄发男连连后退。就在这时，一个老婆子也紧接着开始飙戏：“我可是这孩子的亲奶奶、啊！”婉婉赶忙指着问爸爸：“这人说是你妈吗？”爸爸一脸严肃表示不认识老婆子。二哥和叔叔说向何琼警官报警，哪知黄发男激动的解释说他是苏大山的哥哥，自然是婉婉的亲大伯。叔叔怒气飙升，拎起大锤就想揍黄发男。跟你说了多少次，苏大山只是婉婉的养父，和婉婉亲生的苏家毫无关系。黄发男狡辩道：“我弟弟夫妻二人进牢里了。” 他们家的孩子都是我们在养，苏婉婉是那孩子的姐姐，不应该承担起养弟弟妹妹的责任吗？何况苏婉婉亲爸是有钱人。闻言，爸爸怒气喊话：“那你想要多少钱？”黄发男见状，立马狮子大开口：“一个月至少五十万起。”岂料话还没说完，就被二哥喊停：“你们家的事为什么要让我们家承担？”黄发男见二哥戴着口罩，气势汹汹：“你谁呀、啊？目无尊长！”二哥怒气飙到顶端：“我是你爷爷！你们在这闹事的视频我都拍下了，要不要发到网上让你们红一把？” 话音刚落，老婆子又开始飙戏。哎呦喂，打人了！二哥见状，气势全开，和老婆子大战七七四十九回合的辩论。爸爸没眼看，赶忙把婉婉三尺小耳捂住。婉婉心想，二哥这辩论能力杠杠。就在这时，何琼警官恰巧赶来，黄发男带着老婆子火速跑步。婉婉见状，赶忙向二哥吹起彩虹屁。二哥瞬间嘚瑟起来，不料却被狠狠拍一脑子。跟谁学的骂人？教坏婉婉咋办？正当二哥委屈之时，突然传来黄发男阵阵叫喊声，原来是哮天犬出手了。 黄发男张口就想要讹小女娃加钱，不料却被哮天犬咬得半死不活。叔叔安慰婉婉：“放宽心，你不欠黄发男家的。”甚至做了一袋子的玩具安慰婉婉。婉婉开心的挑了一个最喜欢的瓷娃娃，说要送小池哥哥。闻言，叔叔一脸问好：“小池哥哥是谁？”婉婉奶萌回应：“小池哥哥就是婉婉以后要嫁的人。”哦。这话一落，叔叔醋坛子立马翻了，哪个臭小子敢拐走婉婉？而此刻在家的小池哥哥不禁打了个寒战。画面一转，婉婉和爸爸正在回家的路上，婉婉突然问爸爸。 为什么没有见三哥和四哥？话音未落，二哥赶忙拉住婉婉，敷衍说：“你三哥忙着拯救地球去了。”婉婉瞬间失落。爸爸见状，赶忙说：“第二天带他去接三哥回家。”闻言，婉婉心情与转晴，开心的手舞足蹈。而二哥的醋坛子又翻了，真是有了三哥忘二哥。时间一晃就是第二天，爸爸和婉婉如约来到疗养院。 看到死气沉沉的现状，婉婉着急地拉着爸爸去找三哥。岂料刚到病房门口，却发现三哥并不在房内。爸爸转身问护士小姐情况，才知三哥被妻子接回家了。爸爸怒气飙升，这对母女又想做什么妖？这时，婉婉轻轻拉了拉,拉爸爸，三哥是不是要妖怪抓走？婉婉算不出三哥的存在，不知怎么回事。爸爸见婉婉着急的样子，赶忙安慰婉婉不跑。三哥只是被老妖怪接走了。爸爸这就带你去打妖怪去。爸爸焦急飙车一百八十米，婉婉捶胸顿足，只因三哥被妖怪接走了。 突然，婉婉大喊：“爸爸，停车！”爸爸以为怎么了，紧接着他一跃跳下车，口中喃喃自语着：“可惜没带哮天犬，不然他咬人屁股可厉害。”说完便自顾自地拿起一根棍子，嘿嘿哈哈的比划个不停。爸爸没眼看，径直开启咚咚咚的敲门。这时，婉婉疯狂扯着爸爸的裤子。爸爸以为怎么了，岂料婉婉奶萌说道：“爸爸，你前面有门铃呢。”爸爸嘿嘿一笑，尴尬回应：“开门比较有气势了。”说完，他就开始疯狂按起了门铃，却被秦柳玉妈妈一顿咒骂：“你们是谁啊？严重扰民了，知不知道？” 婉婉看着秦柳玉妈妈掐指小算，这人面相刻薄，肯定干过不少缺德事。而爸爸则霸气喊话：“我找秦柳玉。”秦柳玉妈妈还想继续追问爸爸是谁，爸爸完全无视。他转头又想问婉婉，却被婉婉奶凶威胁：“不要碰我们，不然我揍你。”这话一落，秦柳玉妈妈吓得惊慌，回家找女儿。婉婉见状，飞速跟随，开启咚咚咚的敲门，口中还不忘大喊：“秦柳玉，快开门！我知道你在家，快把三哥还给我。” 而此刻在家的秦柳玉更是吓得惊慌失措，可她妈妈却开口说要报警，竟敢私闯民宅。秦柳玉眉头紧蹙，妈，房子可是他们家的吗？闻言，秦柳玉妈妈心想，怕啥？房子现在是我在住。可秦柳玉已经焦急的跑去问女儿怎么办了。苏青青翘起二郎腿端坐，两手掐腰道：“妈妈淡定，慌什么？”女人厚颜无耻地住苏家宅子，甚至私自接走苏家三少爷，想当苏太太。岂料苏爸找上门的瞬间，她便惊慌失措，焦急的求女儿想办法。而苏青青两手掐腰道。 妈妈淡定，慌什么？秦柳玉眉头紧蹙，肯定是苏燕青被我们接走的事暴露。苏青青则嘲讽道：“妈，只有这么做，我们才能回苏家。你难道不想当名正言顺的苏太太了吗？”闻言，秦柳玉犹豫片刻后，心底犯醋。现在的苏家不好惹。苏青青则面目狰狞：“妈，我们现在没有后路可言，况且这是苏家欠我们的。如果不是苏燕青爸爸就不会死。”这话一落。 秦柳玉气鼓鼓附和：“青青，你说的对。”说完，他便径直走去拍门。拍门的瞬间，他震惊八十分。只见布满冷气的苏爸怒气直视苏爸一言不合走进房内，口中不停的喊着：“我儿子呢？”随即婉婉也跟着应和：“妖怪，快还我三哥！”秦柳玉则完全无事，只是轻声喊了声“爸”。闻言，苏爸转身回应：“别乱喊，我只有婉婉一个女儿。”随即婉婉再次跟着应和：“我爸爸说的对，他只有我一个贴心亲闺女。”这时，苏青青走进奶萌解释：“爷爷别生气，我们只是提前把爸爸接回来过你。” 闻言，婉婉奶萌呵斥：“别乱喊，不然我爸不打你，我要打你了。”这话一落，苏青青瞬间抽泣。婉婉挥动三尺小指：“你哭什么？我可还没碰你。”见苏青青依然哭声不止，婉婉也不惯着，既然你想哭，那就把这顿打挨了吧。苏青青一个箭步躲开，下一秒却假装摔倒在地。苏爸见状，赶忙一把抱起婉婉，接着严厉呵斥：“苏青青，以后不要喊我爷爷，我那不孝子连女朋友都没有，也蹦不出你这么大的女 婉婉继续应和爸爸：“哼哼，以后不要瞎喊爷爷，我爸爸才不是你爷爷。”苏青青呆愣住三点一四秒后，心想不对劲，一点都不像上辈子那个胆小的苏婉婉。于是她大喊：“你不是苏婉婉，快说你是谁！”婉婉小腰一掐，霸气喊话：“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户口本端正写着苏婉婉。”闻言，苏青青依然不敢相信，和上辈子不同，难道是因为他吗？上辈子的苏婉婉并没有失足，小女娃想回苏家，不论是撒泼打滚，还是委屈哭诉，通通不奏效。于是她怒气喊话。 我爸爸是为了救你三哥才丢的性命。闻言，苏爸眼神警告，而婉婉小拳拳握紧，就仗着我三哥病了好欺负是吧？这小气势吓得苏青青一身冷汗。可秦柳玉妈妈坐不住了，非说婉婉没教养。婉婉掰起手指述说自己的教养在哪，但别人都对我不客气了，我为啥要客气？这话一落，秦柳玉妈妈气到晕厥。婉婉懒得理会，牵起爸爸说：“快去找三哥。”可刚到二楼，苏爸怒气嘀咕：“上百间的卧室怎么找？”婉婉立马掐指小算，然而没过三秒，婉婉直呼找到了，岂料房门竟被上了锁。 婉婉淡定说：“小 case。”紧接着，他挥动三尺小酒，房门砰的被踹开，果然不出意外地找到了三哥。这时，秦柳玉急匆匆赶来，刚想要解释，却被苏爸无情打断。说着，苏爸一把抱起三哥，径直离庭。突然，婉婉叫住了爸爸：“等我一分钟。”然后他上下左右的全身搜索，终于找到了一张天雷符。接着，他快速施起小魔法，将符纸燃尽。爸爸不明所以，问婉婉：“刚刚的符纸是做什么用？”婉婉嘿嘿一笑：“就是吓吓他们。”哪知话音刚落，身后开启电闪雷鸣。 爸爸不禁竖起大拇指，干得漂亮。画面一转，三哥顺利回到苏家，家庭徐姨上门看着。徐姨表示，三哥因长期躺着导致肌肉萎缩、营养不良及脑内有残留子弹压迫神经，恐有生命危机。婉婉不以为然，肯定没有这么简单。师傅说过。 几百年前就有通过法器和灵气结合影响人的心智。那你三哥这是不是？爸爸，你猜的没错，真正影响三哥的是缠绕在他身的黑雾。闻言，爸爸一脸问号，哪里有黑雾？婉婉哈哈一笑，因为爸爸你没有开天眼，所以看不到。说完，他再次施起小魔法，黑雾分分钟散尽。二哥捂住小嘴哭泣，这个我还不会。婉婉，你能不能教教二哥？闻言，婉婉小腰一掐，当然没问题。 于是他火速抱来一整箱的书，交给二哥。喏、no,，二哥你先照书画画，婉婉等会教你。说完，婉婉转身就治三哥，留下二哥一脸震惊的呆站原地。这时他询问爸爸，可不可以让他帮三哥调理身体？得到爸爸肯定的答复后，婉婉立马给三哥扎了一身的针灸，口中不停的嘀咕着：“三哥你放心，婉婉会治好你的。等你醒来，一定要跟大家说明秦柳玉不是你媳妇。”岂料话音刚落，二哥急匆匆跑来找婉婉。婉婉抓耳挠腮，二哥。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二哥赶忙解释，不不不，谈笔小生意，赚了我们三七分。闻言，婉婉立马算起小算盘，我七你三哈。这话一落，二哥拎起婉婉便一路小跑。推开门的瞬间，二哥嘿嘿一笑，婉婉却震惊八十分。那尼？小女娃只是推开房门，却震惊到大声尖叫。看到二哥奋笔疾书的上万张符纸，婉婉不禁竖起大拇指。二哥，你真是天才啊！闻言，二哥害羞捂脸，你还怪会夸人的。然而没过三秒，婉婉便拜起了三清祖师爷。 接着他快速施起小魔法，清香瞬间点燃。喏，二哥给你，可以拜拜了。二哥一脸恭敬拜起，清香插入香坛的瞬间，柔柔便开口说：“二哥，三清祖师爷认可你了、啊。”二哥一脸疑惑，怎么知道被三清老祖认可？婉婉娓娓道来：“入道化符，只要能将清香插入香坛，就代表你与道有缘。”这话一落，二哥兴起这该死的好胜心，试探问婉婉是否也拜。婉婉俏皮回应：“师傅说我不需要，因为天才是不需要拜。”闻言，二哥一脸失落。 这该死的天才！婉婉见状，赶忙转移问二哥：“跟公司解约了吗？明天去呢？婉婉要和二哥一块去吗？”这话一落，婉婉犹豫，毕竟还要照顾三哥。岂料二哥丢出美食炸弹，婉婉瞬间降服，和二哥拉钩保证不能骗婉婉。不料婉婉做了一晚上的美食梦，转天一早被二哥强行喊起床，婉婉哈欠不停，鞋穿反。二哥没眼看，宠溺的帮婉婉重新穿鞋，恰巧被爸爸知道要出门，爸爸不放心让然而没过三秒。 爸爸就安排了前后保镖跟车，二哥一脸疑惑，晚晚出门都要这排场吗？不不不，是因为爸爸觉得二哥不靠谱，特别是经过上次银行遇劫匪事件后，二哥内心委屈不敢言。这时正巧到二哥公司楼下，晚晚开口便吐槽二哥公司太小，二哥震惊，这可是全国最大的娱乐公司。晚晚两手比耶，和我们家比就小太多了呀。二哥内心呐喊。 我们可是全国首富啊！你这小屁孩，小嘴巴巴的，行了，咱进去吧。岂料刚进大楼，所有人震惊八十分，都在纷纷猜测二哥是来解约还是续约的。而此刻最紧张的是总裁助理，毕竟总裁说过无论如何要拖到二哥合约到期。见到二哥本人，总裁助理露出职业性假笑：“苏少，总裁不在，要不您过几天再来。”话音未落，二哥怒气飙升：“你们总裁都推脱多少次了？今天必须给我解约！”说完，二哥便让婉婉待办公室玩，他要亲自去找总裁，却被婉婉叫住。 找人交给婉婉，接着他便一顿上蹿下跳的忙活。不过一刻钟的时间，他惊呼找到了，看到二哥和总裁助理一阵茫然，婉婉赶忙解释没有见过总裁本人，必须通过一些媒介帮助。然后他把总裁发丝抛向空中，接着快速施起小魔法，不到三秒便说找到人了。他飞速拉起二哥，快，婉婉带你找秃头总裁。小、哎、女娃一言不合就想冲进去找人，却被男人一把拽住。婉婉，你快回来！婉婉疑惑转身，咋的了？二哥着急指着门上的标识，这是男厕，你是女孩子。 婉婉两手一摊，我知道了，知道你还冲说着。二哥一把拎起婉婉，晚晚将她塞到保镖怀里，然后径直朝南侧走去，接着大吼：“婉婉，我们总裁在第几个隔间？”闻言，婉婉掐指小算，二哥他在倒数第一个隔间。这话一落，二哥怒气喊话：“杨科书，你快出来！”岂料总裁静悄悄，不敢吱声。于是二哥一跃三尺高，和总裁来了个尴尬对视。这时婉婉着急跑进南侧，询问二哥总裁在不在里面。二哥哈哈一笑说在，哪知婉婉便跑过来俯身想看看。 被二哥一把拎起，他一把抱起婉婉，怒吼：“杨科书，你再不出来，信不信我给你直播？”不料厕所里依然静悄悄。二哥忍不了，一脚踹向厕所门，踹开的瞬间，他赶忙捂住婉婉眼，和总裁再次来了个尴尬对视。总裁怒气飙升：“苏雨石，你这种行为，信不信我？”岂料总裁话到嘴边，二哥送上死亡凝视脸，并威胁说要把公司的不正勾当送给警察，吓得总裁瑟瑟发抖。“你怎么想问我怎么知道是吗？那就去你办公室慢慢说吧。” 而此时的总裁正被保镖牵制，口中怒吼着：“苏雨石，别太过分！”男人在厕所蹲二十四小时，就为了躲避旗下一人的解约，可偏偏婉婉掐指小算，便分分钟找到男人。男人无奈挣扎，乖乖被保镖带回办公室。这时二哥霸气喊话：“我的解约书呢？”总裁颤颤巍巍道：“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准备吗？”这话一落，二哥怒气飙升，一直找借口推脱：“你当我是傻子吗？”总裁被保镖牵制，没办法，只得乖乖去准备合同。于是他怒气喊话助理：“快去拿合同去！”没过三秒，二哥潇洒签字。 总裁心想，就这么放走小财神爷，肉疼啊！但看着二哥盛气凌人的架势，总裁无奈签字。岂料字刚签完，合同就被二哥抢走。早签了不就没事了？一会儿记得发微博，让所有人知道啊！总裁内心慌慌，那苏少是不是可以不把公司的事情向外说？二哥调皮道：“你说这事儿，我随便说的。”闻言，总裁瞬间石化，这小子敢骗我！让媒体把厕所监控吊在网上，看谁最后倒霉。画面一转，二哥非要让婉婉坐购物车，婉婉内心拒绝。超市阿姨说：“不能这么干。” 二哥这才罢休，接着他问婉婉：“最近力气变大，是不是因为练剑？”婉婉自信拍拍三尺小胸脯：“那是自然，你没发现你狂吃也不胖吗？这可是师傅老人家自己琢磨的秘诀。”二哥震惊八十分，要是老三能醒来一起练剑就好。闻言，婉婉掐指小算：“三哥很快就会醒。”二哥一脸疑惑：“你是咋知道的？”婉婉嘿嘿一笑：“毕竟我每晚都偷偷跑去给三哥治疗。”二哥扶额：“也不知道你师傅怎么教的，除了学习啥都会。”话音刚落，保镖急匆匆跑来：“二少爷，你又上热搜了！”哎呀，急什么？ 我上热搜不是家常便饭吗？不不不，这次是黑热搜。男人听说自己上热搜，情绪淡定稳如狗。可当他看到上的是黑热搜后，笑容逐渐变扭曲，甚至怒气喊话要给盛世娱乐发律师函。康王，爷们就要战斗！这波操作下来，吓得婉婉全身冒汗。而此时另一边的总裁却露出一丝匪夷的笑，因为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故意歪曲事实，还假装自己是大度之人。说完还不忘上演一出哭戏。一旁的婉婉没眼看，怒气跑到爸爸身边说：“再给婉婉派十个保镖。” 婉婉要揍他，爸爸扶额。婉婉揍人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而婉婉却怒气回应爸爸：“别人对我们不客气，我们还需要客气吗？”爸爸淡定教导婉婉：“如果你二哥真打人了，媒体会怎么说？那自然会说哥哥打人了。那如果你二哥没有真打人了，那就说明他们冤枉了二哥。”我明白了，爸爸，只要有图有真相有舆论，谣言就会不攻自破。婉婉错了，以后不能只想着揍人解决问题。这话一落，爸爸露出了欣慰的笑。下一秒，爸爸便让助理调查盛世娱乐的糗事。于是第二天。 盛世娱乐的糗事火速上热搜，同时二哥的新工作室正式开启，终于解决所有问题。二哥愉快地伸了个懒腰，并喊哮天犬上楼喊婉婉出去吃大餐。哮天犬内心咆哮：懒惰的人类，我想回家。小女娃只是发个烧，却吓得哮天犬直接飙人话：汪汪汪，快来人呀，出大事了！此时正在客厅的五哥六哥听哮天犬的叫声不对劲，便赶忙跑上楼一看究竟，却看见哮天犬一直死咬着二哥裤子不放。 可二哥今天脑袋不灵光，愣是没听懂哮天犬的意思。然而六哥着急的上来问哮天犬是不是婉婉出事了，哮天犬泪流满面。 终于有人听懂我意思了。闻言，五哥、六哥狂奔跑进婉婉房间，岂料一摸婉婉额头，确实是发烧了。可五哥却说家庭医生都去国外开会了。六哥飞速说送婉婉上医院，二哥留家里通知爸爸。六哥一脸严肃，虽然答应婉婉不再骑机车，但现在情况紧急。五哥抱起婉婉,婉往外走，婉婉却嗯嗯那说要六哥贴贴。闻言，五哥心里暴击受伤，六哥则回应可能是老五你身上太疼。下一秒，他便将婉婉挂背在胸前。五哥不放心，两手扶着婉婉。 机车启动，准备出发时，只见哮天犬狂奔而来。嘿嘿，小子，你们带上我呀，不然我不放心。于是哮天犬小腿一蹬，顺利趴在五哥身上。不料这一幕却被路人疯狂拍照，这画面好有爱。一刻钟的时间便来到医院，六哥着急喊医生。待医生一番检查后，确定婉婉确实是发烧，不过观察会就没事了，可能是最近换季着凉了。各位宝子们也要注意添衣哦。这话一落，五哥六哥默契喊话：“那他为什么还不醒？”医生一脸淡定：“慌什么？他只是爱睡觉而已。” 两个哥哥这才放下心，紧接着六哥让五哥带哮天犬先回家，顺便打电话让家里人不用担心。哪知话音刚落，身后便传来爸爸嘤嘤哭喊声：“婉婉啊，我的宝贝乖女儿，早上还好好的，怎么就突然发烧了？”爷爷也同步上演着这一幕，六哥没眼看，赶忙跟爸爸解释：“可能只是着凉了、啊，医生说很快就行。”话音刚落，婉婉便缓缓睁眼，口中呜、呃、呜、呃、个不停。听到婉婉的声音，爸爸更加放声大哭，而婉婉却口中念着：“薯条、炸鸡、可乐、汉堡。” 四人祖孙却看得一脸懵逼，婉婉嘿嘿一笑：“我只是饿了。”爸爸这才放下悬着的心，看来是没事儿了。于是他抱着婉婉就说：“带他回家吃鲍鱼、猪蹄、龙虾。”刚准备走时，却被医生叫住，然后狠狠地教育了一番：“这孩子生着病呢，饮食要多注意。”吓得祖孙四人连忙 say sorry，然后便赶忙灰溜溜地回家了。刚到家，仆人便跑来告诉爸爸：“艾伦医生来了。”吓得爸爸一脸惊慌：“是老三出什么事儿了吗？”正疑惑之际，仆人告诉爸爸：“三少爷的手动了一下。”此话一出。 爸爸惊喜万分地拽着仆人，一再确认，哪知艾伦医生却只是回应说：“是回光返照。”十年来，男人手指才动一下，医生却说他只是回光返照。婉婉疑惑地问爸爸：“这个人确定是医生吗？”“是啊，这是爸爸给你三哥请的医生。”艾伦医生补充道，“我们可是来自世界的顶尖医疗团队，刚给令公子做了检查，发现他身体机能好了很多，可脑子里的子弹和神经已连在一起。”闻言，婉婉气呼呼：“这人医术一般，还气焰嚣张！” 三哥身体变好，明明是我针灸的原因。于是他拉起爸爸就说：“先去看看三哥。”不料三个外国医生围着三哥讨论病情，说着婉婉听不懂的英语。他瞬间握紧小拳拳，紧张起来。最后实在没忍住问爸爸：“这些洋人说的是啥字？”爸爸嘿嘿一笑，忘记宝贝听不懂英语。他们说你三哥的情况很严重，无药可救。这话一落，婉婉犹如听到了晴天霹雳，气得他转身便骂艾伦是庸医。可艾伦却反驳说要相信他们世界顶尖的医疗水平。婉婉怒气飙到顶端，别废话 治不好就是你们不行。艾伦也被婉婉激怒了，我可是全球最厉害的脑科专家，神经和子弹连接，这手术怕是没人有把握做。此话一出，婉婉气得下逐客令，艾伦瞬间慌了。苏总，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吗？爸爸微笑回应，既然治不好，那就请回吧。艾伦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你再说一次。于是爸爸重复了一次刚刚说的话，气得艾伦骂骂咧咧,咧，转身离去。而婉婉则两手掐腰喊话道：“爸爸，婉婉不想当奥特曼拯救世界了，婉婉有了新梦想。” 爸爸宠溺回应：“那宝贝的新梦想是什么呢？”婉婉掷地有声地喊道：“婉婉想成为跟师兄一样厉害的医生。”爸爸宠溺摸婉婉头：“那要恭喜宝贝有新梦想啊。紧接着，爸爸赶忙提醒道：“医学生的分数可是很高的。”爸爸放心，婉婉会好好加油的。那婉婉是不是有办法让你三哥醒过来？婉婉拍着三尺小胸脯：“那是自然，男人演戏需要哮天犬。”不料妹妹却说：“亲兄妹得明算账，拿到的片酬我要三成才行。”闻言，二哥笑呵呵：“婉婉果真是数学菜女。” 我给你五成，怎么样？这话一落，婉婉愉快地和二哥击掌，然后便开心地把哮天犬交给二哥。可哮天犬却内心委屈：当狗仔怎么还得打工赚钱？这时，爸爸从楼上缓缓走来，道。 墨家少爷快到了，婉婉一听师兄要来，飞快的跑出去迎接，接着向爸爸介绍，莫师兄是师父医术最好的徒弟。爸爸微笑打招呼，那就麻烦莫医生了。画面一转，莫师兄马不停蹄开始问诊，脉象平稳，看来是婉婉的功劳了。闻言，婉婉震惊八十分，这都能把脉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他头上遗留下很多针灸印子。婉婉尴尬一笑，那师兄有几成把握呢？此话一出，师兄秒变严肃脸，手术难度太大，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治愈。什么？只有百分之五十吗？ 爸爸瞬间陷入沉思。这时，婉婉奶萌安慰爸爸：“师傅说，人各有命，每一场手术都是一场博弈，但是医生一定会尽全力的。”爸爸知道，只是博弈若输了，你三哥就没了。可是三哥并不想一辈子躺在床上。婉婉能感受到三哥每天都很难受。婉婉保证三哥会没事儿。爸爸思考六点一八秒后，终于答应听婉婉。于是手术便定在下周三。时间一晃便是三天后，三哥已经进入手术四十八小时了，一家人都在外焦急不安，只有婉婉淡定安抚：“你们放心。” 三哥会没事儿的，晚晚算过，三哥的命长着呢。倒是二哥在外，得时刻注意安全。闻言，二哥犹如晴天霹雳，你说啥？但突然想到自己万一出车祸上热搜，便不禁开始哇哇打哭。男人仅因小女娃的一句话，便哭得稀里哗啦，甚至开始交代后事。晚晚，我枕头下留了二十张银行卡，都是给你挣的奶粉钱。晚晚一脸兴奋，那二哥能现在就给婉婉吗？二哥哭唧唧，你个小没良心的，行吧，现在就给你。 瞬间到账的巨额款让婉婉笑成五八万，而二哥却止不住的哭唧唧。这时，大哥急匆匆赶来，问三哥怎么样了。二哥见状，赶忙抱住大哥，哇哇大哭。大哥长叹一声，问婉婉：“你是不是又气你二哥了？”婉婉一脸疑惑：“我可没有啊。”时间一晃就是十分钟后，二哥终于止住了哭泣，抽泣的说：“我不想当短命鬼。”闻言，大哥质问二哥：“谁跟你说你是短命鬼？”二哥毫不犹豫的指向婉婉，婉婉瞬间喊冤：“二哥他这是污蔑！我只是说二哥出门要注意安全，不然就是我们家活的最短。” 二哥怒气飙到顶端，大哥，你听听。婉婉转身继续解释道：“九十九岁也算短命鬼了。”这话一落，大哥、二哥瞬间愣住，爷爷则宠溺的看着婉婉。婉婉这闹腾的都不紧张了。这时，手术室的门突然传来声响，莫师兄正从里面缓缓走来。婉婉一脸紧张的询问莫师兄：“我三个他。”话音未落，师兄便微笑报喜：“放心，子弹已取出，手术很成功。”闻言，全家人喜笑颜开，悬着的心终于落下。 接着莫师兄还不忘找婉婉要平安符，婉婉三尺小手一挥，放心，管够。这时许一白跑来凑热闹，平安符有我的份吗？婉婉震惊八十分，是小白呀，你怎么会在这里？许一白自信摊手，这么难的手术我不得来帮忙啊！你师兄可是四十八小时不眠不休的做完了这个手术。婉婉嘿嘿一笑，乃萌说让师兄快回家休息。闻言师兄微笑点头，还不忘提醒说有事找小白。这话一落，许一白怒气喊话：莫金春你别走，说清楚谁是小白。这时婉婉仰头问六哥。 婉婉有件事很好奇，六哥俯身点头。婉婉想问什么呢？就是婉婉想知道三哥脑袋的枪伤是怎么回事。此话一出，六哥瞬间愣住。男人睡了整整十年，岂料刚睁眼便一拳干飞小女就在刚刚，婉婉问六哥，三哥脑袋的枪伤是怎么回事？六哥愣住，六点一八秒后说道：“等三哥醒了，婉婉自己问他好吗？”婉婉发动天真小脑袋，所以三哥不是真的奥特曼吗？六哥捂手忍住笑说：“真的不是。”于是他便趴到三哥床边。 等待三哥醒来，可这时的三哥正在梦里打怪兽。正当他蓄力挥拳时，怪兽又突然消失不见了。然而却迷糊听到婉婉和爸爸的声音。突然他缓缓睁开眼时，却见到婉婉露出了五八万的笑，吓得他一拳干飞婉婉十米远。婉婉捂眼大哭，奶萌喊着眼睛痛痛，爸爸心疼不已，宝贝，快给爸爸看看。这时二十四师兄闻声赶来，这是咋了？爸爸怒气说道：“老三醒了。”闻言二十四师兄回应：“这是好事啊。”这话一落，爸爸怒气飙到顶端。可是他把我女儿打。 二十四师兄无奈吃瓜，婉婉师兄要给你三哥做检查，你自己去找小白哥哥处理伤口好吗？看着婉婉哭唧唧的背影，师兄不禁感慨，这一拳的力度得多亏了婉婉之前的调理。画面一转，婉婉哼唧唧来找许一白，许一白见状，嘿嘿一笑，谁给你揍成这样的？婉婉立马手舞足蹈的比划，说是三哥的杰作。闻言，许一白憋住笑，赶忙拿酒精给婉婉消毒，只是有点充血，幸好没伤到眼球。这话一落，婉婉奶萌说道：“小白，你真好。” 这时，许一白突然问婉婉是否有聊天工具，婉婉瞬间开心到爆炸。小白要加婉婉吗？是啊，刚刚的药是我垫付的，总计十八元，你会转账吗？闻言，婉婉呆愣，哪尼？原来是为这，男人跪求加联系方式，小女娃却疯狂暴揍男人，让你在欺负小孩，男人哭唧唧喊救命，小祖宗，开个玩笑吗？这时莫师兄恰巧赶来，一番了解后才知许一白逗婉婉付要钱。 他赶忙拽出婉婉哄道：“要不要去看看你三哥？”画面一转，三哥无措的问爸爸：“他怎么了？”爸爸却一副想要宰了三儿子的表情。这时婉婉刚好走到三哥病房门口，三哥震惊八十分，这孩子是。可婉婉看向三哥时眼睛嘎嘎的疼，他赶忙凑近师兄道：“我怎么一看三哥就眼睛疼？”闻言师兄嘿嘿一笑：“放心吧，你不看眼睛也疼。”就在这时，爸爸心疼的伸开双手，婉婉，爸爸抱。此话一出，三哥不明所以的震惊八十分：“爸，你居然给我们找后妈，连小孩都有。” 闻言，爸爸怒气飙升：“小兔崽子，再胡说信不信我揍你！这可是你同父同母的亲妹妹。”三哥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失散的妹妹找回来。他赶忙秒切和善脸：“婉婉，哥哥真不是故意的。”岂料婉婉一点也不怪哥哥，反倒安慰哥哥别担心。不过婉婉想问问三哥，秦柳玉和苏又青是你亲女吗？这话一落，三哥震惊的就像三哥，什么？秦嫂子是刘哥的媳妇，还有青青怎么改姓苏了？闻言，爸爸气呼呼：“当初他带着成植物人的你，非说是你妻女。” 还要给女儿改姓苏，我们也无从查证，只能先好生照顾着。什么？这对母女疯了吧？当初缅川行动收网时，我们不小心中了敌人埋伏，在对峙过程，刘哥不幸身亡，才拜托我照顾青女。后来我找到他们时，谁知青青刚见我就喊爸爸。我只是看在刘哥对我有恩，才带他们回来的。话音未落，婉婉一跃而下。既然这样，以后都不许他们回我们苏家。反正我和他们只能留一个。闻言，三哥保证不会让婉婉失望。那既然这样的话，婉婉就原谅三哥。这话一落。 三哥悬着的心终于落下，幸好妹妹原谅我，不然毁容可咋办？闻言，婉婉如五雷轰顶，什么毁容？婉婉一点也不可爱，想哭，呜！小女娃死死拽住车门不放手，岂料男人一句话便让小女娃放弃挣扎。什么？小池哥哥要被抢走？那怎么行？于是他自信的迈着魔鬼的步伐朝学校走去。哪知爸爸扎心喊话婉婉：作业没完成就跟老师认错。闻言，婉婉立马放下书包，把作业拿出来撕烂。爸爸见状，内心 U 暗，说好的要当医生会好好学习呢。六点一八秒后。 婉婉心虚的和绵绵老师打招呼，老师震惊八十分，婉婉的眼睛怎么了？闻言，婉婉嘿嘿一笑，没事，就是不小心被哥哥打了。这话一落，绵绵老师露出了温柔的笑。那好，一会儿老师要检查作业了。婉婉内心慌的一匹，拿着作业本不敢看老师。直到检查到自己的作业，婉婉便开始瑟瑟发抖。绵绵老师贴心问婉婉怎么在发抖，婉婉奶萌说没没有，然后便俏皮的问老师，婉婉是不是可以走了？老师看着被撕烂的作业，瞬间怒气飙升。婉婉赶忙慌乱承认错误。 老师见状无奈扶额，看在你诚实的份上，晚上记得回家把作业补上。闻言，婉婉内心哭唧唧，为什么要有做作业这件事？这时，顾方池凑近，温柔问婉婉怎么了。婉婉叹息，好难过，婉婉不想写作业。顾方池扑哧笑出声，别担心，我来帮你。真的吗？还是小池哥哥最好，婉婉最爱你。了。不料这突如其来的表白，让顾方池瞬间红了脸。这时，婉婉还想拍拍顾方池的头，却突然够不着了。于是他扫视了下班上其他同学，一个个都长高了，他瞬间哇哇大哭起来。 我怎么成最矮的小朋友了？顾方池见状俯身安慰：“婉婉，你放心，不论你变成什么样，我都会娶你的。”这时突然传来绵绵老师的声音：“现在介绍下新同学。”婉婉见到新同学震惊八十分，怎么他总是这么阴魂不散？紫发女刚来就气得婉婉一跃跳上桌：“你你怎么六岁了还来读小班？”绵绵老师见状，赶忙叫婉婉坐好。顾方池飞速拉住婉婉，温柔问道：“你认识？”婉婉怒气喊话：“小池哥哥，我不喜欢苏幼清。”闻言，顾方池随声应和：“我也是。”这话一落。 婉婉泪眼汪汪，还是你懂我。这时苏幼清满脸笑容的开始自我介绍。待介绍完毕，绵绵老师见顾方池身旁有空位，便让苏幼清坐到顾方池旁边。哪知苏幼清刚走近，便一眼认出顾方池就是上辈子对苏婉婉百般疼爱的人。可因为自己弄死苏婉婉被发现，顾方池便将他囚禁在地牢，甚至打断他的手脚。想到这儿，苏幼清不禁瑟瑟发抖。这时顾方池恰好说不想挨着他，要跟小胖换位置坐。闻言，苏幼清悬着的心终于落下，幸好可以远离。 而小胖却开心的不亦乐乎。你好，我叫江明，大家都叫我小胖。苏又清也热情打招呼。岂料身后的婉婉已气到爆炸。时间一晃就来到晚上，婉婉哭唧唧回家找爸爸。今天苏又清来我们班了，还差点和小池哥哥一起坐。但是小池哥哥说了，我不喜欢的人他也不喜欢。闻言，爸爸秒变严肃脸。青青都六岁了，还去读幼儿园小班，怕不是冲婉婉来的。于是他立马问婉婉要不要转校。没想到婉婉反应异常强烈 s 色 m 爸爸无奈叹息，只能提醒婉婉以后离他远点。 闻言，婉婉气呼呼：“那是当然，小女娃每次见紫发女都想暴揍她，特别是还看不清她身上的面相时，她内心更加慌慌。我一定要保护好绵绵老师。”于是，婉婉飞速搬来小板凳，坐在老师和苏幼清中间吃瓜。绵绵老师，你们说什么呀？婉婉可以听吗？绵绵老师见状，微笑回应，说是幼儿园歌唱比赛的事。岂料话音刚落，婉婉便快速举起三尺小手。绵绵老师，婉婉也可以的。爸爸和二哥说，婉婉唱歌像鸟儿一样好听。 说完，还不忘哼唱一小段。而此时的爸爸和二哥不禁打了个寒战，老师和苏又清也呆愣在原地。可绵绵老师不想打击婉婉的积极性，便让两人唱歌给班级同学听，由他们投票决定。待同学们正襟危坐，一脸期待时，苏又清便上前一步说：“他先来。”然而，当他开口的瞬间，美妙的歌声便响彻整个教室。小胖听得一脸陶醉，大声欢呼着：“好听，再来一首！”这可把一旁的婉婉气炸了。于是他鼓足气势向前准备。当所有人也以为婉婉是天籁之音时， 在他开口的瞬间，全班瞬间露出尴尬的表情。这真的是婉婉唱的吗？就在婉婉以为是他美妙的歌声将大家迷住时，苏幼清还想说些什么，却被绵绵老师打断。大家喜欢婉婉的歌吗？这话一落，全班面面相觑。就在这时，传来一声“好听”，接着顾方池热情鼓掌道：“很好听，婉婉超棒。”苏幼清见状，怒气飙升：“顾方池，你就宠她吧！”三岁小女娃一开嗓，全班同学便都跪了，唯有顾方池热情鼓掌，笑着夸赞婉婉唱的好听。而此时的小胖内心慌慌。 如果说不好听，是不是会被揍？想到这儿，他便面露难色，说出“好听”两字。闻言，绵绵老师震惊八十分，你这是？这时，婉婉自信拍着小胸脯：“好听，我再唱几首送给大家。”说着便开始哼唱起来。绵绵老师赶忙捂住婉婉小嘴，婉婉一脸纳闷：“老师怎么了？”吗？绵绵老师哈哈一笑：“我们幼儿园有个合唱团，婉婉喜欢唱歌的话可以去哦。”婉婉分分钟 get。那婉婉是不是过去当领唱？这话一落，绵绵老师内心咆哮，大声吼：“不是！”婉婉疑惑八十分：“那领唱是谁啊？” 岂料绵绵老师不意外的说了清清，亲亲，顾方池没眼看，立马举手说要参加合唱团，他绝不会让苏幼卿再欺负婉婉，而苏幼卿却内心想着怎么征服顾方池，便学着婉婉喊,喊他小池哥哥。顾方池怒气回怼：我们不熟，别这样喊我。话音刚落，气得苏幼卿咬牙切齿。画面一转，顾方池带婉婉来到合唱团，花花老师热情迎接，然后便开始安排站位。这个最矮的小朋友就站最中间吧。婉婉怒气飙升，老师你说谁最矮？ 顾方池见状，赶忙凑近婉婉，安抚说：“那可是 C 位哦。”闻言，婉婉秒变开心脸。C 位啊，我喜欢。六点一八秒后，待安排好站位，便开始试乘。岂料婉婉这个显眼包瞬间出彩，花花老师秒变严肃脸：“刚谁唱跑调的？”这话一落，大家都怒目瞪婉婉。是苏婉婉。花花老师扶额、呃：“没事，婉婉记得跟老师节奏唱。”于是她回到钢琴前，开始重新弹奏。可下一秒，差点没吓得她灵魂出窍。你们怎么集体跑调了？这时，其他小朋友对婉婉说着 A B C，婉婉一脸委屈。 却不敢吱声。这时，花花老师俯身道：“婉婉小朋友，等我们比赛结束了，你再来好吗？”闻言，婉婉扬起小脑袋，想再说点什么，却没说出口。女人正想把小女娃赶出合唱团，却没注意到男孩想到她的眼神。就在婉婉无助的时刻，顾方池飞速跑下来，一把拉起婉婉，转身离开。既然这样，那我们俩就不参加了。而此刻的婉婉倍感暖心，心想我的小池哥哥帅爆。可苏幼清见状却气坏了，不能让顾方池走。于是他笑呵呵地跑上前道。 小池哥哥，你不能走！岂料话音未落，顾方池眼神警告：“不要这么喊我，我不想再说第三遍。”这话一落，苏幼清吓到僵硬，然后颤巍巍道：“我们合唱团需要你，大家都等着你唱歌呢。”顾方池怒气喊话：“我说过不参加合唱团了。”可苏幼清依然不想放弃，心想不能放弃臣服他的机会，于是他赶忙跑上前抓住顾方池的胳膊，岂料顾方池一把将他甩出十米远。花花老师见状吓坏了，赶忙请家长来学校。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秦柳玉刚来就让顾方池道歉。 顾方池完全无视。这时，顾方池爷爷匆匆赶来：“谁在欺负我孙子？”当他看到这一幕时，他第一时间向老师了解情况。了解到并不是自己孙子故意害人受伤时，爷爷先是礼貌道歉，然后说明自己孙子不喜欢被人碰的习惯，最后表示愿意承担苏幼清所有的医药费。闻言，秦柳玉却不高兴了：“我家女儿以后可是要当大明星的。” 要是留疤了可怎么办？爷爷瞬间呆愣，这是要故意找茬的节奏啊！随即爷爷表示会联系医生，绝对不会让苏幼清留疤。而绿茶苏幼清心想不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于是便哭唧唧跟顾方池道完歉后，继续请求顾方池留在合唱团。顾方池一脸严肃道：“听不懂人话吗？我说了不参加，你的伤也是自找的。我警告过你很多次了。”紫发女紧紧抓住男孩不让他走，可男孩却一把将她甩出十米远。我已经警告过你很多次了。说完便带着婉婉转身离开。 婉婉气呼呼：“那个老妖怪竟然敢动我的小池哥哥！”老妖怪顾方池疑惑凑近婉婉，婉婉怒气道：“很奇怪，婉婉看不出那对母女的面相。等我三哥出院，我让三哥亲自收拾他。”这时恰巧秦柳玉母女跟在身后，秦柳玉震惊八十分：“你说什么？”婉婉调皮回应：“我说我三哥醒了，你就等着被收拾吧。”闻言，秦柳玉母女吓到惊慌失措：“他怎么能醒？他醒过来，我的计划就全完了。”这时婉婉奶萌威胁苏幼清。 要是敢动我小池哥哥，不介意再送你几道雷。苏又清气到爆炸，直接上手推婉婉，不料婉婉身手敏捷，让他扑了个空。可苏又清又开始绿茶上线，求婉婉饶,饶过他。婉婉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瞬间就被同学们误会，纷纷议论婉婉太欺负人，怎么可以这么欺负青青？婉婉气呼呼解释：“我没有欺负他，是他想推我扑空摔倒了。”而苏又清见状，借势装可怜。顾方池见情况不妙，赶忙拉着婉婉离开。苏又清听着同学们的议论纷纷。 嘴角露出了一丝匪夷的笑，心想这次一定要把婉婉赶出学校。而让婉婉想不到的是，事情传播太快，他刚出校门就被同学议论纷纷，说他打人，还说他每天跟小瘸子玩在一起。婉婉怒气飙升：“你们在胡说什么呢？我没有打人，小池哥哥也不是小瘸子。”顾方池则温柔捂住婉婉耳朵：“婉婉，我没关系的，不要听他们胡说。”这时，爸爸刚好来接婉婉放学，却看到婉婉哭唧唧，爸爸着急问：“怎么了？”安孩只是夸了句：“小女娃最棒。” 却被男人一把塞进车里。既然你家车来了，就赶紧回家吧，少在婉婉身边晃悠。待送走顾方时后，苏爸长叹一声，俯身安慰婉婉道：“你是爸爸最珍贵的宝贝，你会画符就吊打所有小朋友。”闻言，婉婉哭唧唧。可是他们说婉婉唱歌像乌鸦，还不会弹琴，只会拉二胡和吹唢呐。苏爸思考六点一八秒后道：“婉婉也有可以参加的比赛。”闻言，绵绵老师分分钟 get。他飞速指向幼儿武术比赛的告示。婉婉见状，秒变开心脸：“我真的可以参加吗？”待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婉婉开心的一跃三尺高。第二天，婉婉便到武术训练基地报道，并一脚干飞武术冠军裴继胜。岂料裴继胜不甘心，想继续比划比划。闻言，婉婉小手一挥：“来呀、啊，呼怕呼！”旁人见状，赶忙劝架：“可别打哭小了，毁了我们基地名声。”裴继胜怒气发飙：“吵死了，能不能少说两句？”婉婉见状，睁大他那卡姿兰的大眼睛，大吼：“尽管放马过来！”不料话音刚落，两人便立马进入对峙状态。裴继胜心想该用什么招式对付婉婉？婉婉也内心慌慌，这个叔叔有点厉害。 于是两人僵持了半个小时，看得旁人一脸纳闷。就在这时，正当两人的心理战术进入高潮时，婉婉忽然大喊一声：“快看，奥特曼！”这话一落，所有人瞬间被吸引注意力。婉婉嘿嘿一笑，飞速跃起，冲向裴继胜。待裴继胜反应过来，已来不及躲闪。三岁小女娃想搞偷袭，却被男人一拳干飞十米远。男人震惊八十分，哪尼，我是怎么做到的？刚刚明明是自己差点被揍，而此刻的婉婉瞬间嚎啕大哭，在地上不停的一百八十度翻滚。 裴继胜内心慌慌，着急想看看婉婉眼睛的伤势。一旁的围观群众开始七嘴八舌，听说她是首富的女儿，教练是不是要被首富爸爸套麻袋了？闻言，裴继胜心如死灰，但心想还是赶快带婉婉去查看伤势。于是他抱着婉婉飞速赶往医院，一脚踹开医生的诊室门，吓得许一白震惊呆愣。但当他看到受伤的是婉婉时，便忍不住扑哧一笑：“你怎么又被打了？”闻言，婉婉两手一摊，霸气喊话：“失误罢了。” 裴继胜忍不住打断：“医生，快帮他看看吧。”许一白则淡定回应：“放心，问题不大。小家伙前不久买的药，继续用就行。”然而没过三秒，未婉婉看过诊的许一白又开始逗婉婉。婉婉怒气飙升：“不要小看我，我武术厉害着呢！我还打趴过我们基地的顶级教练呢，对吧，教练？”闻言，教练吓得连声回应：“婉婉超棒的。”说完便拉着教练转身离去。岂料刚到门口，裴继胜便开始唉声叹气，心想这回肯定要被首富爸爸套麻袋暴揍。于是带着满脸的害怕拨通了苏爸的电话：“苏总。” 真的很抱歉，比武时不小心伤到了婉婉。可苏爸听到这个消息，却瞬间哈哈大笑。没关系，没关系，一定是婉婉又任性了。说完，苏爸便惊现医院门口，他笑呵呵安慰裴继胜：“千万别放在心上，习武之人磕磕碰碰,碰在所难免。”而婉婉气势不减，大吼：“下次要带帮手来找教练挑战。”闻言，教练吓到心里发怵：“小祖宗，还是别了。” 小女娃被教练一拳干飞十米远，便说下次要带帮手来。岂料第二天就带了毫无武术功底的顾方池。教练见状震惊八十分，这就是你请来的帮手？还是让他去小学组吧。闻言，顾方池爸总是回应：只要你教我，我让我爸给你们投资一千万怎么样？这话一落，教练两眼放出八尺的光。于是他立马牵起顾方池，走走走，必须给你教会了。时间一晃就是一小时后，顾方池被揍到浑身是伤。婉婉见状心疼坏了，赶忙问顾方池怎么样了。顾方池秒变温柔。 我没事，只要能陪着你，我就很开心。这话一落，婉婉开心到爆炸。那我们以后每天在家练半小时。闻言，顾方池吓到瞳孔地震，道：“倒也不必。”可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顾方池疯狂被暴揍，压腿压到全身颤抖，徒手劈砖劈到手肿也不好。直到他去上学的那天，绵绵老师见到他不禁吓了一跳：“顾方池，你是怎么做到一身伤的？不行，我要给你爸爸打电话确认下。”不料还没等顾方池回应，绵绵老师便已拨通顾爸的电话，原来是给他报了武术班。 是为了让他陪着婉婉有难同当，岂料电话刚挂断，便看到毫发无损的婉婉。绵绵老师秒懂，婉婉奶萌问顾方池：“劈空掌练的怎么样？”顾方池支支吾吾半天。绵绵老师见状，赶忙岔开话题说：“去看合唱彩排。”婉婉直言不讳：“可我不喜欢苏又青。”绵绵老师一脸疑惑问：“为什么？”“不知道啊，也许就是他不讨人喜欢吧。”闻言，绵绵老师不禁打了个寒战。青青确实有超乎这个年龄的成熟。想到这儿，他呵呵一笑道：“快进去吧，要开始了。”紫发女只是一开嗓。 便惊艳了全场，而婉婉却不停地唉声叹气。顾方池疑惑问：“怎么了？”婉婉怒气飙升，直呼要找师傅问问阎王为什么投胎投了个五音不全，然后一拳重重捶在顾方池腿上，疼得顾方池呜呜大叫。婉婉赶忙问顾方池咋？顾方池苦笑：“你刚捶的是我的腿。”婉婉尴尬一笑：“我给你揉揉就不痛了。”就在这时，评委给苏幼清打了个满分。婉婉胜负欲爆棚，拉起顾方池就想走，口中还不停念叨着：“婉婉要拿全国武术冠军。”这时，花花老师怒气站出：“婉婉！” 你怎么什么都要打？绵绵老师见状挺身而出，花花老师你怎么可以当面训斥婉婉？难道不是吗？自己唱的难听还嫉妒人家的好嗓音？闻言，婉婉奶萌回应：“我很羡慕她的歌声，但只是受不了她说话故意加音。”这话一落，苏又清气的咬牙切齿。婉婉见状吼道：“你别过来啊，不然摔了又说是我推你。”岂料话音刚落，苏又清便踩了个大空，瞬间摔了个狗吃屎。婉婉赶忙解释：“你们都看到了。” 我可没推他了。这时，小胖积极举手回应：“老师，我可以作证。”闻言，苏又清怒气更甚，恨不得暴揍婉婉一顿。而婉婉则拉着顾方池赶忙离开。我们快躲远点。画面一转，婉婉激动地和爸爸说今天发生的事。不过，婉婉还没拿过奖状呢，那爸爸回去就给婉婉颁一个最可爱奖。这时，小王突然来了个急刹，爸爸秒变严肃脸。听小王解释，才知是前方隧道车祸。爸爸立马让小王通知苏家医生来支援。哪知话音刚落，救护车便滴滴赶来，看来是有人受伤了。所有人都想知道。 隧道堵了三千米远，是因为什么？却没人想到这车祸不是意外，是人为。婉婉掐指小算，感觉事情恐有不妙，于是撒腿就想跑进隧道。顾方池见状，立马跟上。幸好苏爸眼疾手快，你们跑什么？里面很危险。婉婉奶萌回应：“爸爸，前面有血光之灾，我刚算了一卦，里面的人如果不及时出来，一小时后定有大事发生。那也不能你们自己去，要去也要和爸爸一起。”接着苏爸心想：婉婉从来不拿生命开玩笑。 于是他拎起顾方驰一把塞进车里，让小王看好他，顺便让小王通知家里保镖来支援。说完便陪着婉婉一起跑进隧道。岂料小王在打电话的时间，顾方驰偷,偷偷溜走。而这时的婉婉和爸爸刚赶到隧道救援点，婉婉急冲冲和救援人员说：“隧道马上要塌陷了！”可交警反而怒斥：“你是谁家的孩子？”婉婉奶萌回应：“我是我爸爸的孩子。”救援人员一脸懵逼：“你爸爸是谁？”正巧苏爸闻声赶来，救援人员怒斥苏爸：“怎么不看好孩子？” 苏爸一脸尴尬，正想回应，却被顾方赤打断。闻言，苏爸怒气飙到顶端：“不是让你在车里等着吗？”而救援人员也逮住机会教训苏爸：“这么大人不知道分寸的吗？”就在这时，交警一脸严肃开始赶人。苏爸见状，赶忙带着两孩子离。可婉婉不死心，恰巧听到他们说隧道里面有裂缝，随时都有坍塌的风险。婉婉便飞速跑到救援人员身边，说要帮忙。闻言，所有人震惊的就像所有人：三岁小女娃只是一句话，却震惊所有救援人员。你才三岁，能帮什么忙？ 救援人员说完，便纷纷转身离去，留下婉婉一人在身后撕心裂肺的呐喊。苏爸见状，本想让婉婉放弃帮忙，可婉婉就是不死心。爸爸，隧道很快就会坍塌，婉婉想去帮忙。闻言，苏爸一脸担心：“婉婉是算出来的吗？”“对啊，隧道里不断冒出煞气和血气，再不去帮忙真的来不及了。”苏爸心想，或许婉婉可以挽救一部分家庭，于是便坚定的让婉婉去了，自己注意安全就好。婉婉答应爸爸的嘱咐后，便飞速狂奔而去。 不料却被交警一把拎起，先生，您怎么回事？看好自己孩子。闻言，苏爸一脸尴尬，我是我让。话音未落，身后传来三哥的声音：“爸，你和婉婉怎么在这？”这话一落，苏爸怒气飙升，这话应该我问你。三哥尴尬一笑，我这不是恢复的差不多了。就在这时，前方隧道突然塌陷，吓得众人大惊失色。三哥着急大喊，全体立马抢险。就在这时，好像又有什么不对劲，婉婉伸出他那魔鬼的小爪爪。 三哥，婉婉要去帮忙。闻言，三哥拼命拽住小裤裤。婉婉听话，先让三哥把裤裤穿上。你跟爸爸回家。就在两人互相挣扎之时，苏爸帮腔：“老三，你就让婉婉试试吧。”趁着三哥松懈之时，婉婉突然松手飞奔跑去。然而跑了不到一刻钟，又忽然停住。对了，小池哥哥，你也一起啊！三岁小女娃非说要帮忙救人，不让就拽男人小裤裤。男人大惊失色：“行行行，真是服了你了。”话音刚落，婉婉便撒腿就跑。然而没过三秒，她好像忘记了一个人。 那就是他的小池哥哥。闻言，顾方池霸气走了。三哥终于见到婉婉说要嫁的人，于是便提醒他不要乱跑。待顾方池走近，婉婉又安排爸爸去接哮天犬过来。爸爸乖巧点头。那然后呢？然后爸爸就可以先回家了。辛苦爸爸了。闻言，爸爸失落到顶端。宝贝女儿不需要爸离了。可还没走两步，婉婉便发现车有不对劲，于是他一溜烟钻进车底，吓得三哥赶忙喊婉婉快出来。接着，婉婉便气呼呼地拽着符纸找到了。 是施运符，坏人利用施运符偷走了司机叔叔一生的运气。话说在缅川一带，有不少能人异士帮老板办事，只要沾上施运符，就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死。听到这儿，三哥怒气飙升，赶忙问挡住隧道门口的货车司机，不料全都一命呜呼。于是三哥让大家齐心协力将货车挪开，可货车太重。这时，幸活群众也纷纷赶来帮忙。在所有人的努力下，货车终于滑动，留出一道缝隙。可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震惊了。 有夫妻双双重伤在车里，有小女孩撕心裂肺呼喊妈妈。婉婉见状，忍不住眼泪哗哗直流。于是她收拾好心情，大喊着：“哮天犬出门该你表现了！快快去救人！”小女娃只有三岁，却能一口气背起一百斤的男人。就在刚刚，三哥拿出婉婉从车底找出的施孕符，瞬间震惊了所有人。还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三哥便让他们打电话跟天师会确认。就在这时，婉婉拍着三尺小胸脯道：“我可以确认，婉婉是天师会的特别顾问，还是会长的师姐哦。”这话一落。 三人同步疑惑地看着婉婉，三哥则抱歉地将婉婉抱走。我们还是赶快去救人吧。婉婉无奈叹息：“三哥，你咋不相信婉婉呢？”这时，顾方池大声喊着：“婉婉，等等我呢。婉婉俏皮地眨巴着他那卡姿兰的大眼睛道：“小池哥哥，你有仔细，就在隧道外当个吉祥物了。话音未落，便不见婉婉身影。顾方池只能无奈答应。然而没过三秒，婉婉便飞速抵达事发现场。待他掐指小算，才知事故的严重性。就在这时，哮天犬背着受伤的男孩飞奔而来。 婉婉对着受伤男孩一顿猛如虎的操作后，便分分钟止血。于是他让哮天犬赶忙将人送出去急救。但转念一想，这么大事故应该不只是失孕服的缘故。六点一八秒后，他似乎想到了什么，立马开启一百八十码时速狂奔而去。三哥见状吓坏了，赶忙跟着婉婉跑起来，心想婉婉要是出了什么差错，肯定要被爸爸抱走。想到这儿，婉婉又突然停住了，缓缓伸出他三尺小指头：“三哥，你快看呐！”三哥猛然抬头。 才发现笼罩着隧道的阵阵黑气，他赶忙问婉婉是怎么回事。婉婉怒气回应：“我猜的果然没错，有人在这里摆了吸运阵，让所有经过的人自动陷阱。”话音刚落，突然响起隧道坍塌的声响。三哥见状，着急的喊：“婉婉，快走，危险！”婉婉淡定自若：“无碍，三哥你让开些，婉婉要准备破阵。”于是他立马呈八字站定，两手同时指上天，口中念着“菠萝、菠萝蜜”，阵破。随着话音落下，符纸瞬间燃尽。 化为灰烬。就在这时，婉婉啊呀的叫出声，吓得三哥瞬间慌了神。怎么了？婉婉奶萌回应，灰灰进眼睛里。三哥见状，赶忙给柔柔呼呼。婉婉还不忘笑着说阵已破。然而没过三秒，又响起隧道坍塌的声响。婉婉掐指小算，不好，阵法已启动，破阵已无济于事。闻言，三哥抱起婉婉撒腿跑路。三哥先救你出去。婉婉则拼命挣扎。三哥，你放我下来。婉婉能帮忙，而且师傅说过。 作为天师，无论生死，必须将世人安全放在第一位。可三哥内心挣扎，你毕竟还小，但容不得他思考停留，劝不动他，只能加入。于是两人携手开始了救人行动。不到一刻钟，便遇到了一对受伤的夫妻。婉婉用力拽开车门，发现女人伤得比较严重。闻言，三哥快速抱起女人送出，并交代婉婉注意安全。然而，当他转身的瞬间，婉婉也飞速背起了男人。小女娃想要背起一百斤重的男人。 却被哥哥喝令制止，婉婉委屈回应。可是这里还有好多人等待救援。三哥哽咽，专家预估隧道最多十分钟后塌陷。婉婉还想再说些什么，可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就在这时，爸爸和香德寿师弟匆匆赶来，婉婉喜笑颜开，或许有时间延长救援时间了。师弟凑近，着急问婉婉情况如何。阵眼破坏了，可阵法启动无法逆转。师弟抬头看向破坏的阵眼，分分钟看出是师运符。婉婉惊呼：“师弟，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厉害了？” 师弟微微咳嗽，我们天师会查了半个月了，还是没找到始作俑者。为了给救援队争取更多的时间，师弟突然想到用师傅的卦，于是他赶忙俯身问婉婉：“还记得师傅教的陆和阵法？”婉婉自信回应：“必须记得。”这话一落，师弟立马号令众天师摆阵，亲自上阵为婉婉护法。紧接着，所有人正襟危坐，使出全身法力。婉婉则站在 C 位，待佛光笼罩，婉婉口中不停的念着“波罗波罗蜜”。最后，师弟快速插入七星剑。 佛光瞬间蔓延至整个隧道。婉婉见状，赶忙告诉三哥：“已成功延长了半小时的救援时间。”三哥震惊八十分，没想到婉婉真是天师会顾问了。但容不得他想太多，他赶忙通知大家情况变动，然后所有人竭尽全力，齐心协力和时间赛跑，终于赶在隧道塌陷前完成救援。听到这儿，婉婉开心的泪眼汪汪。男人庆幸女儿没上热搜，不料女儿却在跟狗狗干架。男人看得一脸尴尬，道：“宝贝，该找你二哥写作业。”婉婉气呼呼撒手。 哮天犬一脸得意的汪汪汪。另一边，二哥房间内，他正在嗨皮的直播。婉婉见状，稀奇极了：“二哥，你在做法吗？快教教我。”闻言，二哥一脸苦笑：“我在做直播和粉丝互动呢。”婉婉一脸好奇：“婉婉也想互动下，可以吗？”二哥瞬间岔开话题：“婉婉怎么来了？”婉婉自信的举起作业本：“我来做作业。”这话一落，二哥震惊八十分：“不看电视了呀？”婉婉两手一摊：“没办法，谁让我抢不过哮天犬？”闻言，二哥立马关闭直播间，俯身教婉婉做作业。可婉婉偏偏不给力。 三加三为什么会等于七呢？婉婉一脸懵逼，就是七啊！二哥拎出顾方池举例，婉婉有三根烤肠，你小池哥哥也有三根，总共是多少根？岂料婉婉回应不吃烤肠，气得二哥摔倒在地。然而没过三秒，二哥换成糖，婉婉霸气回应我又不吃，总共六颗呗。于是他赶忙擦掉错误答案。这时二哥无奈道：婉婉，你这学期要是还考倒数，你绵绵老师怕是要上天台了。婉婉嘿嘿一笑，二哥放心，绵绵老师遇到我已练就铁石心肠，况且天台装栏杆了。 二哥汗颜，你这厚脸皮到底是遗传了谁？婉婉嘿嘿一笑，你呗。二哥无奈转换话题，问婉婉要不要去看选秀。闻言，婉婉一脸疑惑：选秀是干啥的？就是一群和你二哥一样帅气的哥哥在舞台上唱跳。话音刚落，婉婉直呼要去要去。这时，二哥说要去可以啊，前提是写完作业。婉婉气呼呼：二哥你怎么又是一样的套路？小女娃明明不想做数学题，可却花了七小时做完它，只因二哥说做完就可以看帅哥。然而，当二哥说准备出发时，婉婉又开始扭捏起来。 婉婉去的话，导演会生气吗？闻言，二哥自信昂扬，怕啥？你二哥可是金主爸爸。这话一落，婉婉喜笑颜开，二哥好帅，竟然直接升级当爸爸。二哥尴尬咳嗽，你个小不点，以后少看电视。画面一转，二哥带着婉婉刚到演播厅，导演便谄媚着跑来 say hello。可婉婉的注意点却放在牛奶身上。待得到二哥的允许后，婉婉一把扛起六十斤的牛奶，吓得导演原地震惊，这这是嘛情况？ 婉婉见状，赶忙问导演：“咋的了？”二哥则嘿嘿一笑回应：“淡定，我妹妹学武术的。”说完便带着婉婉去看帅哥了，留下导演一人在原地满脸问好。画面一转，练武室内，队长聂斯则带着队员努力排练，可偏偏不给力，有队员在后空翻时摔得四仰八叉，聂斯则赶忙停下查看队员伤势。正巧二哥缓缓走近，刚好听到大家抱怨舞蹈太难，快坚持不下去了。闻言，二哥怒气飙升：“就这么点毅力的话！” 趁早滚蛋！我昨晚连夜帮你们抠的动作一个没改，你们在一班还没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吗？队长，你说说看。这话一落，吓得聂思则全身冒汗，紧接着颤巍巍回应道：“苏老师，舞蹈动作太难了，我们花了一晚上都没完成。具体哪些地方有问题？比如比如副歌时的一个后空翻，是真的办不到。我们可以改简单些吗？”话音未落，就被二哥无情驳回：“你们不知道自己编的动作会直接暴露你们每个人的短板吗？新舞虽不熟悉，但毕竟还有七天练习时间，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 不然想等着被淘汰吗？正当气氛尴尬时，婉婉奶萌道：“二哥，牛奶喝完惹。”小女娃仅三岁，却只用三十秒炫完十瓶奶。二哥震惊八十分，是这神速？还需要吃点其他零食吗？闻言，婉婉开心的哈呲哈呲。于是二哥交代学员们抓紧时间练习，便带着婉婉转身离去。待二哥离开后，队长聂斯则开始鼓励队员们，必须珍惜这次舞台，他若选秀失败，就得回家继承家业了。 这话一落，队员们震惊的无言以对。时间一晃便是半小时后，全组依旧练得乱七八糟。这一幕恰巧被回来的二哥看到，二哥怒气发飙：“怎么一点进步都没有？”聂斯则颤巍巍回应：“还是卡在后空翻。”话音刚落，婉婉举起三指小手：“这个我会啊！”说完，他迅速稍息立正，两手伸展。没过三秒，他便黑羞黑羞的来了十个后空翻。学员们顿时看得目瞪口呆，拍案叫好。婉婉嘿嘿一笑：“小意思，以前都是一百个起步呢。”这话一落。 直接暴击聂思泽的小心脏，于是他悄咪咪凑近道：“师哥，你妹妹是杂技团的吗？”闻言，二哥自信摊手：“这对我妹妹只是开胃小菜。”突然，二哥灵机一动，想让婉婉当学员们后空翻的老师。婉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前提条件必须是有偿教学。二哥内心哭唧唧：“婉婉，你二哥现在穷的叮当响，之前的银行卡可都给你。”婉婉无奈托腮：“那不是你给婉婉的奶粉钱吗？”“是，没错。那你自己不是也有钱吗？”闻言，婉婉迅速捂紧自己小金库：“我的钱是我的呀。”这话一落。 二哥内心抓狂，小不点还挺会算，于是他只能乖乖掏出手机付款，待钱款到账，婉婉立马比着 OK 的手势，保证叫回。紧接着，婉婉开始 ABC 的分布教学，学员们也非常给力，练习渐渐有了感觉。就在这时，二哥喊婉婉回家，爸爸电话急召。婉婉奶萌交代学员们有问题可电话 call。不料婉婉刚到家，队长聂思则便成功解锁后空翻，小女娃撒腿就跑，只因手握巨款。就在刚刚，爸爸电话疯狂 call 婉晚快回家。 不料，婉婉刚到家，便看见祖孙严肃三人正在。婉婉疑惑之际，祖孙三人瞬间变身气氛组。婉婉见状，开心的喊着：“三哥回来了！”三哥嘿嘿一笑：“对啊，我回来给婉婉送锦旗和奖金。”闻言，婉婉两眼立马放出八尺的光，抱紧奖金，开心的跑路。看得父子三人目瞪口呆。紧接着就听到蹲角落的婉婉数着：“一北，二北。”二哥见状，激动万分：“婉婉会数数了也，爷果然是小财迷！别忘了明天的武术比赛，快去洗洗睡吧。”时间一晃就是第二天，武术比赛现场。 红衣姐姐对抗银发哥哥有点小危险，虽然红衣姐姐招式凌厉，但底盘不稳，再这样下去，红衣姐姐怕是要输。这话一落，后排黄发哥哥对着婉婉疯狂输出，甚至问婉婉是不是陪哥哥来比赛。就在这时，主持人喊苏婉婉准备参赛，婉婉自信举起三尺小手，我在这儿。接着奶萌回应，不是我哥哥，是我比赛哦。主持人见状震惊八十分，你就是苏婉婉。画面一转，婉婉端坐在休息室，旁人窃窃私语，这小妹妹是不是走错了？ 才几岁就参加比赛？婉婉霸气回应：“我没有走错，我是二百五十号。”话音刚落，万英小姐姐走近：“你这么小，要是被姐姐打哭了可咋办？”婉婉嘿嘿一笑：“我不会轻易哭的。倒是小姐姐，可千万不要被婉婉打哭了，毕竟婉婉不吃素，下手超猛的。”这话一落，万英转身回应：“那你最好不要抽到我。”于是婉婉也赶忙抽取她的对手。就在万英好奇的眼神中，婉婉递出自己的抽签对手。 麻烦，婉婉不认得字。主持人打开抽签纸一看，巧的是真抽中了万英，一拳暴揍十个小团子的全国冠军，却哭唧唧离开比武现场。就在刚刚，婉婉抽到的比武对手便是全国冠军，旁人都在嘘嘘，这小团子怕是要挨揍，连主持人都替婉婉担心。婉婉则一副天真可爱的模样。这时万英放话会手下留情后，便转身离开。婉婉一脸疑惑，小姐姐到底有多厉害？画面一转，比武场馆内，主持人邀请婉婉上场。 苏家三父子齐声为婉婉加油。婉婉左看右看，就是找不到爸爸和哥哥们。三哥一脸担忧：“婉婉是不是眼睛近视了？”闻言，二哥两手一摊：“他纯粹就是没方向感。”这时，全国冠军万英也被邀请上场。婉婉奶萌夸赞：“小姐姐真好，婉婉也要长高高。”万英则一脸严肃：“别以为你刷彩虹屁，我就不揍。”这话一落，婉婉自信拍着三尺小胸脯：“小姐姐放马过来，婉婉超级扛揍的。”这时，裁判举手挥旗，大喊：“比赛开始！”婉婉和万英秒进备战状态。 接着，婉婉先来了个凌波微步，趁万英放松之时一跃而起，哒哒哒给了万英三百六十脚，然后以帅气的姿势落地。然而没过三秒，婉婉再次跃起踹向万英，岂料万英眼疾手快迅速躲过。可就是这一个后撤躲闪，万英出界输了比赛。二哥、三哥摇声呼喊：“婉婉！”围观群众更是一脸呆愣。全国冠军爷就这。而万英接受不了事实，开始嘤嘤抽泣，更受不了旁人异样的眼光，匆匆离去。婉婉见状，奶萌喊：“小姐姐，说好的不哭呢？小女娃仅三岁。” 却只用一分钟秒杀全国冠军，万英羞愧离场，婉婉紧随其后。小姐姐，你别哭啊！你能接住婉婉三百六十脚已经超级棒棒。这话一落，气得万英哑口无言，甚至眼泪止不住的哗哗直流。可这波操作看得婉婉一脸捉急，是我安慰姐姐的方式不对吗？万英扑哧一笑，姐姐才没哭，你家长呢？此时婉婉的家长正迎面走来。 婉婉以为万英问家长是要告状，于是瞬间奥斯卡演技上线。趁着万英一脸懵逼之时，婉婉直接朝着爸爸猛扑，爸爸毫无防备的摔倒在地。万英见状笑得更欢了，原来婉婉是周叔的女儿，而婉婉还一脸无辜的问：“爸爸，你为什么坐在地上？” 爸爸一脸尴尬道：“我在想小棉袄怎么有点漏风。”婉婉不懂漏风是啥意思，只听出爸爸和万英小姐姐认识。于是爸爸赶忙整理自己，然后向婉婉介绍万英是鼎盛科技万老爷子的亲孙女。闻言，婉婉开心的和姐姐 say hello，万英则热情的请婉婉吃蛋糕。画面一转，此时组委会内，三老爷爷正一脸认真的看婉婉比武视频，还不忘招呼唐墨一起。可此时的唐墨正沉迷于打游戏。黄衣爷爷见状，怒气飙升，使劲气力河东狮吼喊唐墨。唐墨一脸尴尬。 抱歉，刚刚没注意听您说什么。于是黄衣爷爷表示想让婉婉进唐墨带的训练队。闻言，唐墨赶忙看视频，岂料只是定睛一看，便吓得瑟瑟发抖。这不就是我那作天作地的小师姐？吗？三老爷爷一眼便看中小女娃，非让男人招她进国家队，可男人却直接拒绝，心想小师姐以前天天气的师父炸毛，要是真把小师姐招进来，万一惹她不高兴了，非拆了咱基地不可。可全老听说是唐墨的小师姐，想要招她进国家队的心就更强烈。唐墨见拒绝不了。 赶忙转身 say bye bye 说有事，画面一转，待走出训练基地大门，唐墨便赶忙拨通小师姐电话。喂哈喽啊！岂料婉婉直接甩出一句不要打骚扰电话，便直接挂了。唐墨不死心，再次拨通电话喊小师姐，可婉婉依旧不买账。小哥哥，你别瞎叫，我说了不要打骚扰电话。这话一落，唐墨怒气飙升。苏婉婉。 你是不是忘记给我备注了？婉婉听得一脸懵逼，备注什么？我是唐墨呀！唐墨是谁？真的不认识啊！我是你七十二师弟唐墨。这话瞬间将婉婉激怒，你这大骗子，欺负我不识字！十二师弟明明叫唐黑土，这可是师傅教的，上面一个黑，下面一个土，就读。岂料话到嘴边，小池哥哥及时送温暖。婉婉见状，秒切奶萌状，小师弟好了，都是师傅误导我的，要算账去梦里找师傅算啊！说完，婉婉再次秒挂。这时，爸爸问婉婉跟谁电话。 婉婉从刚才的惊吓中清醒到是汤黑土的变化闻言，爸爸一脸尴尬：“黑土是谁？怎么没听你提过？”还未等婉婉回应，爸爸便说：“做了蛋糕给婉婉吃。”婉婉瞳孔地震：“爸爸不是从不进厨房吗？”心想这怕不是什么黑暗料理吧？爸爸自信笑嘻嘻：“这可是米其林三星糕点师教的。”闻言，婉婉强颜欢笑：“爸爸好棒棒！”这是黑森林吗？怎么感觉硬邦邦的？爸爸喜笑颜开。 是你最爱的方奶片哦、啊，婉婉为了给爸爸捧场，无奈闭眼胡啃一通，然后艰难咽下，最后比出棒棒的手势。爸爸见状，转身问顾方池要不要尝尝。这话一落，顾方池吓出一身冷汗。为了捧场，依旧闭眼啃咬一大块。然而下一秒，他差点没忍住想吐，吓得婉婉尖叫：“小池哥哥，吃不下就不要给爸爸捧场了。”小男孩只是想捧个场，不料却噎得晕倒在地，吓得婉婉差点灵魂出窍。 他瘫坐地上，哭唧唧 say sorry，都怪我爸爸做的石头蛋糕。而苏爸更是吓得手足无措。就在这时，顾方池猛地弹起：“婉婉不哭，我只是牙刺掉。”闻言，婉婉嘀咕道：“爸爸，我们要赔钱的吧？”苏爸赶忙俯身道歉：“小池，你还好吗？”顾方池漏风道：“没关系的，周苏，我只是恰好遇到换牙期。”婉婉两手托腮：“小池哥哥，我刚差点以为你，以为什么？我说过要陪婉婉一辈子的，我不过是换了颗牙，以后婉婉年纪到了也要换牙的。”这话一落。 吓得婉婉瞳孔地震，我才不要说话漏风，好奇怪。这时苏爸赶忙凑近，换牙就代表婉婉长大了。尊都假都，那婉婉要换牙，要长高高。话音未落，忽然门铃叮铃铃,铃铃响起。婉婉开门的瞬间，看得一脸懵逼，原来是找我爷爷、啊，爷爷出去钓鱼了，至少半个月后才回来。闻言，全老笑呵呵，我不找你爷爷，我是来找你的。听到来人找的是婉婉，苏爸急匆匆走了。全老礼貌介绍自己是比武主办方全国青少年训练组的教练。 苏爸热情招呼全老进屋就坐，不料刚坐下，全老便迫不及待说明来意。婉婉天赋很高，有望走向更大的世界。如果苏先生愿意让婉婉加入，我甚至愿意收这小家伙为徒。这话一落，吓得苏爸惊魂未定。八十岁的老头不想走，竟然要拜三岁小女娃为师。就在刚刚，苏爸直接拒绝了全老的邀请。全老震惊八十分，这可是多少人都得不到的机会。闻言，苏爸娓娓道来：其实我的四儿子也是运动员，自从进了国家队。 见面的时间便屈指可数，何况我就婉婉一个宝贝女儿，我想好好陪她长大。这话一落，全老依旧不肯放弃，想问婉婉的意见。闻言，苏爸宠溺地问婉婉怎么想。婉婉疯狂摇头，say no，我已经有师傅了，何况这个爷爷还打不过我。全老呆愣在原地，看来小家伙不好说服。紧接着，婉婉继续道：“抱歉，我师傅老人家很小气，如果婉婉答应你，指不定他晚上从梦里来找我。”全老眉头紧蹙，看来婉婉师傅很厉害。下一秒，他便恭敬地问婉婉师承哪位。婉婉见状。 思考半晌后道：“嗯哼，那你听好了，我师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叫张平叔。”闻言，全老一脸懵逼，赶忙向同行老头求助。婉婉见三人纷纷摇头，瞬间气到爆炸：“怎么会？我师父可是超级无敌厉害的！”全老嘿嘿一笑：“那你师父在哪就职？可获得什么奖？”这话一落，婉婉秒变调皮状：“我师父是道士，还会唱歌做法。爷爷，你若是需要，婉婉可有经验了。”闻言，全老笑呵呵：“倒倒也不必。”苏爸见状，赶忙抱起婉婉道：“抱歉，童言无忌。” 这话一落，全老瞬间陷入沉思，怎么才能搞定小家伙？不过半晌时刻，他便心生妙计。婉婉，你刚说我打不过你，不然我们切磋切磋。我要是输了，就给你当徒弟，怎么样？八十岁的老头为了要拜师，竟哄骗三岁小女娃来干架。闻言，婉婉思考半晌，心想得受师弟徒儿一大把，自己作为师姐，竟还一个徒弟都没有。假如婉婉收徒了，是不是也很威风？想到这儿，婉婉露出了逗逼的傻笑。于是她开心的答应了全老。事不宜迟，那我们开始吧。画面一转。 所有人转战苏家后花园，全老礼貌问道：“婉婉准备好了吗？”婉婉瞬间露出奶凶的表情道：“爷爷，你就准备接招吧。”闻言，全老挑衅道：“我不介意你使用武器。”婉婉直接拒绝，紧接着一跃而起，直击全老。全老眼疾手快抵住，但依旧后退五万步。旁观老头纷纷夸婉婉有两把刷子。闻言，苏爸开怀大笑：“我家孩子天赋确实不错。”这话一落，旁观老头呆愣。苏先生倒是一点不客气。这时，哮天犬嗷嗷大叫。婉婉和全老不相上下。 婉婉再次跃起，使出容嬷嬷螺旋腿，全老轻松躲过，回给婉婉一重拳。婉婉灵活逃窜，迅速跑向全老身后。待全老不注意之时，婉婉凌空伸出左小腿，重重一脚击中全老后背，直接将全老干趴在地。然后不管全老死活的跑向爸爸，我赢了。全老不得不感慨，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了。接着他两手作揖，恭敬的喊婉婉老师。也是这一声老师，让婉婉瞬间安静下来。 八十岁的老头敬拜三岁小女娃为师，就在刚刚，婉婉轻松打败全老，全老输得心服口服，恭敬地喊婉婉老师。闻言，婉婉开心的手舞足蹈，我终于有大徒弟了。可转念一想，他这大把年纪输给婉婉，是不是忒丢面？于是婉婉奶萌安慰道：“大徒弟你也超厉害的。”闻言，全老笑呵呵，愿赌服输，这声老师婉婉担得起。说完，全老礼貌告辞。刚走出苏家大门，同门老头便询问全老怎么不用全力。这话一落，全老家大分贝道：“你错了，我已经全力应战了。” 闻言，梁老头震惊的瞳孔地震。那你紧接着，全老继续解释道：“最初我确实没用全力，毕竟苏先生是出名的女儿奴，要是伤了婉婉半分，我们怕是要失去这个金主爸爸。可后来我已精疲力尽，婉婉不论在耐力还是速度上都比我强太多了，只可惜没办法将婉婉拐回队里去。”而此时，苏家大宅内，婉婉正打电话给何琼警官，一脸嘚瑟的炫耀自己有了大徒弟。何琼嗨嗨一笑：“你才三岁，还收小徒弟呢。”闻言，婉婉气炸：“是大徒弟，手下还有很多小徒弟，带出去倍有面子。” 何琼见状，健壮赶忙恭喜婉婉，顺便提到要回帝都的事。婉婉一脸纳闷：“来帝都是因为升职了吗？”“不是的，最近我好兄弟突然联系我，婉婉，我有事想拜托你。”闻言，婉婉豪气答应：“说吧，是要上刀山还是下火海？”“不不不，那倒不必。我朋友刚经历大手术，我想替他求张平安符。这简单啊，把你朋友名字和生辰发我就行。”然而没过三秒，婉婉定睛一看，这名字和生辰分明就是我三哥呀，小女娃仅三岁。 竟得了全国冠军，可偏偏有人看他不顺眼，故意抹黑。就在刚刚，婉婉比武视频上热搜后，幼儿园特意开了一次表彰大会。这是婉婉第一次获得全员表扬，她很开心，开心到全身颤抖。苏爸见状，俯身安慰：“宝贝，淡定，照着爸爸给你写的稿子读就行。”这时，绵绵老师喊婉婉上台发言，婉婉更是紧张到手脚并用。当婉婉真的站上舞台时，说话也变得不利索起来，最后紧张到喊绵绵老师：“我想去 WC。”这话一落。 绵绵老师吓得瞳孔地震，于是他赶忙拉回正题：“婉婉，你是怎么拿到全国冠军的？”婉婉深呼吸，鼓足勇气道：“平时爸爸怎么打我，我就怎么打的比赛。”闻言，苏爸吓得全身冒汗：“你还真是爸爸的小心肝。”苏幼清见状，逮着机会开始作妖。于是第二天清晨，帝都中学瞬间炸开了锅，都在议论苏婉婉是作弊才拿的全国冠军。闻言，万英震惊：“八十分？你们说什么？苏婉婉作弊？”同学赶忙将手机递给万英。 万英看着评论，怒气飙升。这次的主办方是国家队，不可能为了一个小奶娃造势。同学辩解：一个三岁孩子得全国冠军，合理吗？万英坚持，婉婉没有作弊，主办方也自会出来解释，因为这是事实，事实胜于雄辩。三岁小女娃只是上个热搜，老人便怒砸手机。就在刚刚，全老正专心练功，岂料孙儿着急忙慌跑来：“爷爷，出大事了！”待全老定睛一看，直接怒气飙升：“我们是选人才参加比赛。” 怎么可能为五斗米折腰？孙子内心哭唧唧，爷爷这可是我的手机啊！全老继续道：“帮我开账后，我要亲自解释。”孙儿一脸疑惑：“就为了一个奶团子，值得吗？”这话一落，全老挥手一拳砸向孙儿：“婉婉可是我师傅，你说值得吗？”而此时另一边的苏家也在为此事焦头烂额。既然暂时找不到搞事的人，那就让谣言尽快消停下。闻言，二哥立马拨通三哥电话。 接下来的事儿交给你了。挂断电话的三哥立马进入审讯室。男人表示只是拿钱办事，只要抹黑苏婉婉就行。这话一落，三哥怒气飙升：“你犯法了，知道吗？”男人依旧无所谓的态度，生活所迫，虽知道不对，大不了道歉好了。闻言，三哥怒气飙到顶端，一把拎起男人：“你们是完全没把法放在眼里了是吧？”男人吓得全身冒汗：“都说了可以道歉了，你那么激动干嘛？又不是你家孩子，那真是抱歉，我就是苏婉婉亲哥苏燕青，你要是有意见可以举报我。” 此话一出，男人吓得瞳孔地震，瘫坐在凳子上，口中不停的喊着：“三哥是杀人犯。”而三哥则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去。当女娃只是上个热搜，身边所有人都来助力，全老亲自发文解释，并上传晚晚练武视频证实。三哥则审问对晚晚发起人身攻击的所有网友，但网友的热评依旧不断。晚晚也时刻关注，可偏偏有条热帖戳中了晚晚的小心脏，他气呼呼找爸爸。 你让这个网友给我道歉！爸爸差点没忍住喷出大笑。大哥见状，赶忙看热帖，以后少惹苏婉婉，小心人家跳起来打你们膝盖。婉婉在一旁怒气发飙，大哥也只能憋住笑硬喝。没关系的，婉婉以后也会是大长腿美女。我们现在差不多时间要去上幼儿园了十五分钟后，婉婉依旧气呼呼。绵绵老师诧异，婉婉是怎么了？大哥哈哈一笑，她就是闹闹小脾气。画面一转，幼儿园教室内，婉婉气鼓鼓的摔书包。顾方池见状，一脸疑惑，问婉婉是咋了、啊？婉婉怒发冲冠。 网友怎么能说婉婉腿短？气得婉婉早上只吃了七个馒头，三杯豆浆。顾方池温柔摸婉婉头，别理他们，走，我带你去个地方，保证你心情马上雨转晴。紧接着，顾方池不停地张望着找什么，没过三秒，他便找到了。喏、哦，婉婉，你看，那个女孩就比你矮零点五厘米。闻言，婉婉喜笑颜开，尊嘟假嘟，真的呢。婉婉不是最矮的小朋友。这话一落，婉婉心情瞬间好到飞起，太棒了！ 明天清明，我要多吃几个青团。闻言，顾方池秒变低气压。婉婉见状，瞬间意识到自己说错话，怎么办？怎么办？戳中小池哥哥伤心事了。小男孩刚把小女孩哄好，岂料小女孩一句话就惹得男孩伤心欲绝。哎呀，怪我嘴快，提到小池哥哥伤心事了。婉婉赶忙扯了扯顾方池衣袖：“小池哥哥是不是想妈妈？”这话一落，顾方池瞬间陷入沉思。婉婉见状，奶萌安抚：“没关系的，婉婉也没有妈妈。” 况且清明节不就是和家人团聚了么？团聚！顾方池吓得瞳孔地震。对啊，你和干爹要去看干妈，不就是团聚？闻言，顾方池秒变呆愣。婉婉真可爱。然而下一秒，婉婉便紧握顾方池小手道：“我师傅说，人死后就会变成星星陪着你，只要你抬头就能看见。”这话一落，顾方池瞬间有被安慰到。他心想，有婉婉在身边真好。就在这时，小胖喊他们玩老鹰抓小鸡，婉婉奶萌应道：“好呀，小池哥哥你快来。”顾方池看着婉婉的背影。 也紧随同去。画面一转，游戏开始。婉婉当老鹰，不料婉婉就可着小胖一个人抓。小胖气呼呼：“婉婉你偏心，你为啥不抓顾方池？”婉婉两手叉腰：“我就偏心，怎么了？”闻言，小胖怒气飙升：“那我等下就可着顾方池抓。”婉婉怒气回应：“来呀、啊，谁怕谁？”时间一晃就是第二天。苏家大宅内，一桌人都低气压不吭声。爸爸首先打破安静，说没胃口。婉婉看着爸爸，一脸心疼。他赶忙问爷爷：“爸爸怎么了？”爷爷长叹一声道：“爸爸想妈妈了。”男人伤心，只有小女娃能安慰。 可小女娃刚进门就埋汰男人，爸爸一把年纪就别逞强了，饭得按时吃。就在刚刚，爸爸说没胃口便回屋了。可婉婉从没见过如此丧气的爸爸，他一脸心疼的问爷爷：“爸爸是怎么了？”爷爷收起饱含泪水的双眸，道：“爸爸想妈妈了，宝贝快吃，爸爸过两天就没事了。”婉婉眉头紧蹙，可爸爸不吃饭会不会饿晕呢？我要快点吃，吃完给爸爸送饭。闻言，爷爷一脸宠溺：“宝贝真贴心。”晚饭过后，婉婉如约来到爸爸房间，爸爸。 你饿不饿？爸爸见状，赶忙起身开灯。只见婉婉奶萌道：“爸爸，我给你送吃的来了。”爸爸看着踉跄的婉婉，差点吓得一哆嗦。岂料婉婉竟甩出一句：“爸爸，你年纪大了，别闪着腰。”婉婉年轻，婉婉。爸爸一脸踌躇：“宝贝是嫌弃爸爸老了吗？”“不不不，爸爸依然潇洒帅气。”“爸爸，你是想妈妈了吗？”还未等爸爸回复，婉婉便奶萌叹气：“咋一个个都不让婉婉省心？”爸爸瞬间喜笑颜开：“还有谁要让婉婉操心呢？”婉婉嘿嘿一笑：“那必须是小池哥哥呀，他也没有妈妈了。 要不是婉婉，指不定他要哭鼻子了。那宝贝是怎么安慰你小池哥哥的？婉婉噼里啪啦的说着 A B C，突然一把跳入爸爸怀中。爸爸一脸惊讶：“婉婉怎么了？”婉婉一脸天真道：“婉婉想给爸爸抱抱。妈妈和婉婉都很爱爸爸，我们都希望爸爸开心。如果爸爸一直自责，妈妈也会感觉到负担的。”闻言，爸爸瞬间泪目：“是你师傅告诉你这些话的？当然不是，是做梦时黑白无常叔叔说的。”嗯啊。 谢谢宝贝，爸爸心情好多了。这话一落，婉婉长叹一声：“爸爸逗去，婉婉才几岁，怎么就学会叹气？我怕爸爸想妈妈，想不开怎么办？”闻言，爸爸一把抱紧婉婉：“怎么会？爸爸还要守着婉婉长大呢。那婉婉长大了，爸爸就不管了？”“当然不是，你长大后总有一天要嫁人的。”婉婉嘿嘿一笑：“我将来是要嫁给小池哥哥的，那我就和小池哥哥一起保护爸爸。爸爸，你饿了吧？快吃点东西吧。”“好啊。”岂料盘里已空空如也，爸爸心想：“婉婉这小吃货可真没白叫 小女娃满心欢喜的抱着一捧玫瑰去看妈妈，不料话音刚落就被爸爸拦下。宝贝，你是不是忘记了咱们的约定？当然记得，和妈妈告状，爸爸就要跪榴莲。爸爸收起受伤的小心脏，让哥哥们带婉婉出去玩。见孩子们已走十米远，爸爸才敞开心扉和妈妈说话。而此时停车场，婉婉催五哥六哥回家复习，还安慰哥哥们，万一考差了也不要哭鼻子。六哥宠溺的捏婉婉小脸蛋，你哪看出我们脆弱？这话一落，婉婉点名道姓说五哥呀。闻言，五哥怒气飙升。 看不起谁呢？喏、no,，说的就是你哦。你哥哥我是全校第二，根本没机会扑鼻子好吗？那婉婉不是怕你骄傲，不小心退步了？你看我们班小胖，一骄傲就考了个倒一，被他爸爸打到屁股开花。这时苏爸恰巧走来，别闹了，我们该回家了。时间一晃就是第二天，清明过后，婉婉又加入了合唱团。老师让顾方池和苏幼清站前面领唱，闻言婉婉立马举起三尺小手抗议：“小池哥哥是我。”老师哈哈一笑，顾方池不是东西。 怎么是你的呢？婉婉气炸，大吼：“我小池哥哥就是个东西！”岂料话音刚落，全场呆愣。婉婉赶忙解释：“不对不对，我小池哥哥不是个东西，反正他必须挨着我。”顾方池无奈扶额，婉婉这小母。老师则笑得合不拢嘴。婉婉不要太可爱。苏幼清却气到咬牙切齿。接着他秒变无辜状，婉婉没眼看，拉着顾方池便朝食堂走去。然而没过三秒，婉婉便愉快的干完饭。 甚至喝了顾方池的番茄汤，苏又清又开始挑衅婉婉：“你怎么能喝顾方池的汤？”婉婉奶凶指着碗底的汤道：“没看见还有吗？”话音刚落，顾方池便拿起汤底喝起来。婉婉瞬间得瑟：“看见没，我小池哥哥喝得可开心了。”苏又清内心气炸，但却面带微笑的跟婉婉道歉。婉婉立马打断他：“停！我不知道你要玩什么把戏，但你最好别惹我。还有，等我三哥忙完，肯定会去找你们算账，你们就等着谎言被拆穿吧。”这话一落，苏又清气到无言以对。小胖见状，赶忙问婉婉。 青青怎么不高兴了？闻言，婉婉奶萌道：“苏又清，小胖很关心你。”于是他赶忙将小胖推上前。男人要适当的主动哦。小胖鼓起勇气，将自己最爱的土豆递给苏又清。苏又清见油腻的土豆，怒吼道：“走开，太恶心了！”闻言，小胖心情瞬间跌落谷底。我给你送好吃的，我恶心吗？婉婉和顾方池赶忙为小胖出头。这时，绵绵老师恰好出现。婉婉解释说苏又清侮辱小胖，于是就出现了两人互相拉扯的局面。绵绵老师则安慰小胖，才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 最终，苏又清被家长带回了家。回家路上，秦柳玉劝苏又清离开帝都，苏又清秒变狰狞，离开是不可能的。苏婉婉三哥很快就要来找我们麻烦，妈妈，我们无路可走，只有主动出击才行。于是第二天，苏又清见婉婉拉肚子，便跟着她进了洗手间。婉婉见到他，习惯性的防御，而苏又清则扯谎说，绵绵老师让婉婉去办公室找。婉婉表面淡定自若，说不信。 可内心却幻想绵绵老师会不会走了。这时听到顾方池的叫声，便撒腿跑了出去。刚见到顾方池，他就问有没有见到绵绵老师。待听到顾方池回应说老师回办公室了，婉婉内心哭唧唧。难道苏幼清说的是真的？闻言，顾方池眼神秒变犀利。苏幼清又跟你说什么了？他说让我想想在课上干了什么，我想不出来。顾方池宠溺摸婉婉头，那别想了。 我陪你去。然而还没走两步，便听到绵绵老师喊救命声。婉婉撒腿就朝办公室跑去，见劫匪正朝绵绵老师走去，婉婉一跃而起，直接给劫匪三百六十脚螺旋踢后，便径直跑向绵绵老师。老师则一脸担心两孩子的安危。就在这时，劫匪将办公室门反锁，紧接着拎起菜刀缓缓走。一旁的女老师突然想到劫匪是张泽航的爸爸。绵绵老师震惊之时，劫匪已拎着菜刀匆匆跑向绵绵老师。顾方池见状，赶忙给他一个飞踢。婉婉也不闲着。 他飞速跑向劫匪身后，一把抓起劫匪胳膊，狠狠将他摔在地上，然后两人将劫匪揍到嗷嗷大叫。看得绵绵老师目瞪口呆，赶忙检查婉婉身上有没有受伤。婉婉则拨通三哥电话，噼里啪啦的说着一通五 C，简言之就是三哥，你快来抓坏人。闻言，三哥一脸担心，男人叫张琴，是个高中老师，儿子死后人疯了，在精神病院就有伤人记录，怎么会跑出来呢？他让婉婉先躲好。 他很快就走，可待三哥匆匆赶到时，他瞬间惊呆，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地方了。让人赶忙将劫匪铐起来后，便一把抱起婉婉，检查她有没有受伤。而婉婉则完全无视他三哥，气得他三哥拎起他揍屁屁。婉婉奶萌辩解：“我救人怎么还揍我呢？”这时，绵绵老师恰巧走来：“是啊，多亏婉婉及时赶到。不过，老师想问婉婉，你和顾方池怎么会来办公室呢？”六岁女孩心肠歹毒，却没想到她的阴谋分分钟被老师识破。婉婉。 你能告诉老师为什么会来办公室吗？婉婉思考半晌，终于想起是苏幼清骗的。他说：“绵绵老师叫我来办公室。”吓得绵绵老师瞳孔地震。我没有了、啊。婉婉看到惊吓的老师，奶萌安慰道：“这次就不怪他骗我，毕竟救了绵绵老师。”而此时的三哥也震惊八十分。苏幼清才六岁，怎么会？这时婉婉大吼道：“三哥，不能放过今天那个男人！”三哥缓缓点头：“放心，我会把他送回精神病院。”可他内心总感觉不安。苏幼清叫婉婉来办公室，却遇到报复社会的疯子。 怎么会有如此巧合？于是他跟绵绵老师说想见见苏又清，岂料苏又清被他妈妈接走了，说要给亲戚过生日。这话一落，三哥内心有更多疑问。秦柳玉在帝都根本就没亲戚。绵绵老师见三哥不吱声，赶忙问,问是否有问题。三哥哈哈一笑说没什么，老师好好休息，婉婉就先跟我回家了。刚上车，苏爸就打来电话问婉婉怎么样。 婉婉没事，可总感觉是苏又清故意引婉婉去办公室。闻言，苏爸怒气飙升，说要找人调查这对母女。三哥立马打断苏爸：“这件事还是交给我吧。”岂料挂断电话时，婉婉这个小迷糊已呼呼大睡。小女娃因过度惊吓晕厥，男人却以为她睡着了。而这时的婉婉正进入梦乡，梦到十八岁后的自己。一眨眼，身边的人却都不在了。梦到张琴有着幸福的家庭，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 可就在他得知儿子被校园暴力逼得失去生命，时而抓狂，变成疯子，跑到学校伤害绵绵老师，吓得婉婉呢喃地喊着不要。苏爸见状急坏了，赶忙找来家庭医生，才知婉婉是因惊吓后产生的发烧晕厥。闻言，苏爸内心自责万分。婉婉毕竟还是个孩子，于是他让家庭医生先回家，有事再叫他。待医生走后，爸爸抱着婉婉痛哭流涕。婉婉被爸爸的哭声瞬间吵醒，爸爸，你哭得好大声，我都被你吵醒了。爸爸慌忙拂去眼角泪水。 不料，婉婉却抱着爸爸哇哇大哭起来。爸爸，你一定要长命百岁！婉婉刚刚做了好多噩梦，感觉好真实。闻言，爸爸嘿嘿一笑：“傻瓜，梦都是反的。”婉婉立马做起，掐指小算：“幸好，幸好，爸爸可以陪婉婉好久好久。”然而，没过三秒，婉婉秒变严肃：“爸爸，我还梦到张琴伤害绵绵老师。”闻言，爸爸宠溺摸婉婉头：“是宝贝救了你，绵绵老师呢？”听到绵绵老师好好的，婉婉开心到起飞。号称小吃货的小女娃，竟着急的连早饭都不吃完，便夺门而出，还叫爸爸快点。 爸爸长叹一声：“刚刚怎么不多吃点？你绵绵老师可不一定包你午饭。”闻言，婉婉吓得瞳孔地震。爸爸，你咋不早说？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爸爸放下婉婉便走，留下婉婉一人站在门口，气呼呼。于是他只能鼓足全身力量，纵身一跃，按响门铃。岂料这时绵绵老师恰好来开门，婉婉赶紧抱紧绵绵老师，奶萌道：“老师，你家门铃太高了。”但见到你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这时绵绵老师爸妈缓缓走。 婉婉见状，礼貌 say hello，便飞快冲进绵绵老师家中，将给绵绵老师的礼物拿出，口中不停的嘀咕着：“我昨晚又梦到张琴要伤害绵绵老师。”闻言，绵绵老师大惊失色：“怎么和我做了一样的梦？”突然，婉婉飞奔跑向绵绵老师，婉婉希望老师好好的。这话一落，绵绵老师内心一暖，赶忙俯身安慰道：“梦都是反的，你之前不是说老师会长命百岁吗？”接着，两人尴尬对视十秒后，绵绵老师说要请婉婉吃饭。闻言，婉婉开心的翻找起书包，这是平安符。 可以保绵绵老师平安哦。绵绵老师感动万分，可是老师都没给婉婉准备什么，不然老师帮婉婉辅导作业怎么样？话音刚落，婉婉瞬间石化，小女娃只是在老师家吃了顿饭，竟想给她当女儿？闻言，爸爸怒气飙升，你想得美！就在刚刚，婉婉特意给绵绵老师送平安符，绵绵老师没有准备礼物，只能留婉婉吃午饭。岂料婉婉一分钟干完五碗饭，瞬间吓坏老师妈妈。看这孩子家挺有钱的，怎么还落着孩子呢？闻言，绵绵老师嗨嗨一笑，妈。 婉婉是个小吃货，身体没毛病，而且苏先生可是出了名的女儿奴，哪里舍得饿着婉婉？此时另一边，婉婉正坐在车上唉声叹气。爸爸一脸关心问：“婉婉咋？”婉婉生无可恋的：“爸爸，你能把我送给绵绵老师当女儿奴，这样就可以天天吃到老师妈妈做的菜。”这话一落，爸爸使劲按耐住想揍婉婉的心，毕竟是亲生的。婉婉见爸爸脸色不对，赶忙回应开个玩笑。言归正传，爸爸要去国外出差，这段时间你跟着你二哥住好。岂料话音刚落，婉婉露出了匪夷的笑。 爸爸震惊八十分，你二哥这不靠谱的，要是有问题就找你三哥，知道吗？好呀好呀，那爸爸什么时候走啊？我去送爸爸呀、啊。闻言，爸爸感动的泪流满面，心想还是闺女亲呢。爸爸明天下午的飞机，你要乖乖听话。知道了知道了，我去给爸爸收拾行李吧。爸爸，婉婉觉得红色领带配白色西装不错。爸爸，你想不想吃烤鸭呀？婉婉一天不吃馋得慌，要不也给你买几只。爸爸无奈扶额，原来在这等着我呢。行行行，爸爸让你二哥给你买烤鸭。 这话一落，婉婉立马奸计得逞的扑向爸爸。爸爸，你最好了。男人要去国外出差，小女娃警惕查看四周，可男人却说小女娃不认真看路。这时，婉婉嘟囔道：“婉婉是在看有没有坏蛋。”爸爸这才恍然大悟，想起第一次带婉婉回家时，在机场遇见了歹徒。就在这时，婉婉的声音瞬间将爸爸从记忆中抽回。爸爸，周围一切正常，没有可疑人物，你们放心吧，婉婉会乖乖的。岂料他们刚走，婉婉便瞬间一懵，开始一百分贝哇哇大哭起来。 吓得保镖手忙脚乱，小姐这是怎么了？婉婉委屈道：“你把纸巾塞我嘴里惹。”这话一落，保镖求爷爷告奶奶求饶命。婉婉奋力啐掉纸巾道：“对女孩只要温柔点，不然都找不到女朋友了。”保镖刚想回应他有女朋友，不料话到嘴边却被婉婉捂住：“你别解释了，我一定不会嘲笑你没女朋友的。你看我二哥还得打一辈子光棍呢。”这话一落，此时家中的二哥狠狠地打了个喷嚏。不等保镖回话，婉婉便拉起保镖哒哒哒的回家了。刚上车，婉婉便开始小话痨模式：“保镖哥哥。” 你们月薪有多少钱呀、啊，婉婉小姐？我们工资只够养活自己哦。看你衣服质量不错，月薪应该不低啊。保镖苦笑，这是工服，我们只是底层的打工仔。婉婉凑近，悄咪咪道：“等爸爸回来，我让他给你们涨工资，怎么样？”闻言，保镖开心的手舞足蹈。涨多少？婉婉左手托腮道：“这得看爸爸。”保镖感动的痛哭流涕。婉婉小姐真是太好了。岂料话音刚落，婉婉直接吓到瞳孔地震，奶萌大救命啊！三岁小女娃，竟秒变怒怼怼。就在刚刚，婉婉和保镖聊得正欢时。 一辆红色跑车直接冲过来，保镖猛打方向盘，还是没能逃过两车的猛烈冲撞。保镖紧急刹车，第一时间下车查看婉婉有无受伤。婉婉惊魂未定，没事，就是把我这小心脏吓到了。说完，怒气飙升，冲到红色跑车前骂娘。这时，当红女星宋七从车上缓缓下来，婉婉怒气飙到顶端，到底有没有安全意识，还敢穿高跟鞋开车？宋七见状，傲慢问婉婉身份，才多大奶团子就有保镖？别吵吵。 撞了赔你就是了。闻言，婉婉立马让保镖估算修车损失，并友善的让他抹个零。这话一落，岂料宋七还不高兴了，抹什么零？以为我赔不起吗？婉婉也不惯你，那就不抹零吧。气得宋七瞬间无言以对。就在这时，保镖汇报修车预算是三五 W。宋七吓到瞳孔地震，你这是趁机抢劫吗？闻言，保镖秒变严肃脸，噼里啪啦的说着一通 ABC，最后还不忘补充一句，不满意可以报警处理。这时，宋七经纪人闻声赶来，姐，要不先道个歉？ 事情闹大就不好了。闻言，宋七送给经纪人一个眼神杀后，便转身留给经纪人处理。婉婉见肇事者要逃，赶忙上前拉住他：“你这是看我小，好欺负是吗？三岁小女娃竟跟三十岁女人叫嚣！”就在刚刚，宋七撞坏婉婉家豪车，却只让经纪人赔十万就想走人。婉婉气呼呼拉住他，他却眼神警告婉婉。婉婉也不是吃素的，这么凶看着我干嘛？想揍我呀？只要你敢动手，我立马走，还让保镖录下证据。宋七一把甩开婉婉：“给你十万就不错了。” 哼哼，打发谁呢？保镖，报警，叫三哥抓坏人。画面一转，宋七急匆匆赶到演播厅内，却被导演吐槽妆容太浓。宋七温柔道：“导演，我可一直都是这个风格。”导演心想，以宋七的名气，现在不好得罪，于是只能笑呵呵回应：“那行，只要待会儿直播时您不加动作就行。”闻言，宋七怒气飙升：“导演，你什么意思？”导演顿时吓到呆愣。这时，苏雨石帮腔：“怎么还不允许导演说实话？就这么点承受能力，怎么能撑起咱节目组的金字招牌？”这话一落。 宋七怒气飙到顶端，苏雨石见状，拖着导演火速逃离。导演着急质问苏雨石：“你这么刺激他，公演出问题可咋办？”苏雨石哈哈一笑：“放心，他粉丝包容性很强的。”不说了，我得出去接我妹妹。你说的妹妹是婉婉吗？那不介意拍点素材吧？我家婉婉出镜可是要出场费的。导演心里美滋滋，转到了，转到此时演播厅门口。 宋七经纪人还在费力地哄婉婉，婉婉小脚一翘，这事可没这么容易翻篇。这时二哥、三哥同时来找婉婉，婉婉秒变开心脸，我在这儿。男人兴高采烈的张开双臂，没想到却扑了个空。就在刚刚，二哥、三哥同时向王婉婉索要爱的抱抱，岂料婉婉直奔二哥，随之输出一阵彩虹屁夸夸，甚至送出爱的波波。三哥内心哭唧唧，婉婉对三哥没有爱。 然而下一秒，婉婉又开始嫌弃二哥脸上灰太多。二哥哈哈一笑，那不是灰，是打了十米厚的粉。闻言，婉婉两手一摊，幸好及时收嘴，不然怕不是要被二哥毒晕了。这话一落，二哥瞬间 emo。苏婉婉说什么呢？我明明很爱你。婉婉纵身一跃跳下地，回敬二哥一个小鬼脸。你可是巨星，说话要温柔，不知道吗？说完直冲三哥怀里，三哥受伤的心瞬间得到安慰。这时，二哥叫三哥一起看演出，三哥微笑点头。画面一转，演出大厅内。 二哥悄咪咪提醒婉婉，千万不能摘口罩。闻言，婉婉眨巴着卡姿兰的大眼回应。待二哥走后，婉婉目不转睛地看着舞台。三哥这才想到，婉婉是第一次看他二哥演出，一定很期待。于是他温柔安抚婉婉：“你二哥一会儿就上台了。”话音刚落，现场一片漆黑，粉丝们摇声呐喊。舞台灯亮起的瞬间，宋七摇曳着曼妙的舞姿闪亮登场，而婉婉却露出惊讶的表情。三哥，这就是我让你抓的坏女人。 只是看场演出，没想到竟找到肇事逃逸的人。就在刚刚，宋七飙车撞到婉婉家豪车，损失三五 W。岂料宋七只想赔偿十 W，草草了事。婉婉不依，宋七却口出狂言。婉婉气呼呼：“三哥，你等等就去抓这个坏女。”闻言，三哥温柔安抚：“不气不气，先看你二哥演出。”这话一落，二哥便带着学员闪亮出场。婉婉两眼瞬间放出八尺的光，二哥帅爆。 导播见婉婉呼声好嗨，于是让人将镜头切给婉婉。这时，所有学员成功完成后空翻。婉婉见状倍感欣慰，拉着三哥衣袖哭得泣不成声。三哥一脸纳闷问：“怎么了？”二哥学员后空翻是我教的耶，他们今天超棒。画面一转，宋七在后台一脸严肃训学员。这时，二哥带着学员退场，宋七和二哥双双送上眼神杀。随之，宋七独占 C 位，而学员却都成了他的陪衬。台下观众瞬间议论纷纷：“不是带队出道吗？宋七怎么还好意思占 C 位？”闻言，宋七经纪人怒斥狡辩。 你们不懂瞎说什么！就在这时，主持人的悦耳声响起，下面将选取一位幸运观众上台点评两组选手。话音刚落，聚光灯打在婉婉身上，婉婉无言。喊三哥，为什么我突然感觉晃眼？三哥哈哈一笑，因为婉婉是今天的幸运观众。闻言，婉婉一脸天真，啥意思？小女娃只有三岁，却能将说话的艺术发挥到极致。就在刚刚，聚光灯打在婉婉身上，成为今日份的幸运观众。三哥正准备叫婉婉上台，这时主持人下来邀请婉婉小朋友。 跟叔叔一起上台好吗？闻言，婉婉疯狂摇头，是哥哥，不是叔叔。这话一落，主持人感动的稀里哗啦，笑眯眯的牵着婉婉朝台上走去，内心却很想看看这么卡哇伊的孩子，于是便温柔问婉婉要不要将口罩取下来。见婉婉犹豫，二哥赶忙提醒婉婉口罩可以摘。闻言，婉婉乖巧照做，却瞬间震惊，宋七竟然是他。接着下一秒，婉婉便开启奶萌的自我介绍，顿时惹得观众席热闹喧哗。婉婉好可爱。 就在这时，主持人让婉婉评价自己二哥表现。婉婉接过话筒，试过音效没问题后，便声嘶力竭大吼道：“我二哥超棒，帅爆了！”闻言，主持人让婉婉继续评价其他组表现。婉婉左手托腮思考半晌，道：“都很好吧，但是跟我二哥他们组比，差了那么一丢丢。”主持人见婉婉能言善道，故意问婉婉宋七表现。婉婉见机会来了，先是对宋七一顿猛夸，接着反问：“节目的主题不是选秀吗？”话音刚落，台下议论纷纷。 婉婉真是说到点上了，难怪刚觉得哪里怪怪的。而这波操作分分钟将宋七送上热榜，甚至连他飙车逃逸的视频也被扒出。宋七经纪公司见压不住局面，赶忙让经纪人找导演关直播，岂料导演直接拒绝，甚至一起吃瓜看戏。宋七见状已气得握紧小拳拳，心想要怎么找婉婉算账。女人才第一次见男人，岂料竟吓得几近癫狂。就在刚刚，婉婉今在台上对宋七巧言令色评,评价后，宋七便对婉婉恨之入骨。 二哥见状，赶忙把婉婉护在身边，接着正面怒怼宋七。宋七内心愤怒，表面却和颜悦色跟二哥解释。可二哥却冷哼无视。闻言，宋七直接翻脸。这时，主持人赶忙站出当和事佬。半刻钟后，宋七刚到化妆间便大发雷霆，吓得经纪人瑟瑟发抖。姐，您又上热搜了。闻言，宋七淡定回应：“不就是上个热搜吗？姐，这次不一样，网友们让你滚出娱乐圈。”这话一落，宋七吓到瞳孔地震，他赶忙抢走经纪人手机查看，岂料不到半晌。 他却露出了一丝匪夷的笑。经纪人见状，一脸纳闷，颤巍巍说：“今天车祸事件，对方不接受赔偿，警察已在外面等着您。还有公司说，您百分之八十的合作已被苏氏和顾氏集团取消。”话音刚落，宋七直接吓到晕厥。经纪人见状，赶忙俯身关心。这时，三哥恰好进来，请跟我们去警局一趟。闻言，宋七赶忙承认错误，并承诺愿意照价赔偿。三哥一脸严肃道：“我不是因车祸事件来的，我是来调查三年前宁雅芝跳楼事件的。” 闻言，宋七顿时吓到，双目狰狞，疯狂薅头发大叫。经纪人见状，赶忙报警宋七，并问三哥是否能先找律师。岂料三哥完全无视，直接亮出手铐。宋七见状，害怕极了，疯了似的扑向三哥，想抢手铐。幸好三哥眼疾手快，顺势将宋七拿下。这时，宋七疯吼道：“我要告你诽谤，告死你！”三哥也随即应和：“好啊，随时恭候。”女人策划网暴害人失去生命，尽怪他人，自己心里脆弱。 可警察搜查发现死老鼠的快递盒，宋七则心安理得的潇洒了三年，直到三哥找到宋七，将他带到警局，宋七才发现自己真的完蛋。画面一转，此时的婉婉正跟爸爸视频诉说着宋七，他肯定整过容，婉婉都看不出他的面相。闻言，爸爸温柔安慰，现在整容技术太牛逼，不怪婉婉看不出面相哦。婉婉一直都超厉害。这时，婉婉肚子饿得咕咕叫，便赶忙让爸爸早点去休息。闻言，爸爸感动得痛哭流涕，宝贝闺女懂得心疼爸爸。 挂完视频，婉婉急匆匆来找二哥，岂料二哥正聚精会神的直播。婉婉见状挺好玩，拉着二哥质问为什么不带婉婉。不料婉婉这一拉，竟不小心拉下了二哥裤裤。二哥强颜欢笑结束直播，婉婉一脸尴尬 r 骚。话音刚落，二哥抱紧婉婉痛哭，丢脸丢到家了，怎么办？闻言，婉婉掐指小算，二哥放心，你今后走的可是星光大道，大红大紫。这话一落，哄得二哥瞬间雨转晴。 非说要给婉婉露一手，于是二哥快速来到厨房，利索的戴上围裙，帅气的撒下面条，最后还不忘单手打个鸡蛋。这波操作下来看的婉婉哇哇大叫，二哥真的帅呆了。然而下一秒，二哥便问婉婉：“煮面需要放葱花吗？猪油是哪个？蚝油、酱油又在哪？”这手忙脚乱看的婉婉一脸懵逼，于是他转身点外卖去了，留下二哥一人在厨房瞎折腾。小女娃刚想给自己点个外卖，不料却被二哥一把拦下：“婉婉，你就这么不相信二哥吗？”说完，他立马起身煮面。 还不忘跟婉婉说马上就好。婉婉瞬间一懵，心想真的可以相信二哥吗？但转念一想，看样子二哥是第一次做饭，不能打击他信心。于是他立马强颜欢笑的给二哥比了个棒棒的手势。二哥见状更起劲了，疯狂倒入蚝油。看得婉婉内心嘘嘘，倒的是不是有点多？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热乎乎的阳春面便做好。了。起锅之前，二哥还不忘撒上葱花点缀。婉婉看着色香俱佳的面，馋得花花口水直流。于是他飞速的炫起了荷包蛋。然而刚咬一口就秒变黑脸，二哥。 荷包蛋为什么是甜的呀？闻言，二哥哈哈大笑，这是明星的品味。婉婉为了不想打击二哥信心，又无奈夹起阳春面。就在二哥凑近之时，阳春面突然断裂。二哥见状，蹲角落哭唧唧。婉婉辛苦你，二哥带你出去吃吧。闻言，婉婉立马安慰二哥：“你第一次做饭已经很棒了。”画面一转，婉婉在番茄餐厅吃到肚子快要爆炸。二哥见状，赶忙问婉婉会不会吃太多了点。婉婉疯狂摇头：“当然不会。” 玩玩只是有宝宝了，比如金针菇宝宝、调皮宝宝及一百只小龙虾宝宝。闻言，二哥不得不竖起大拇指：“你这小肚子厉害！”岂料话音刚落，二哥电话叮铃铃响起。待他定睛一看，瞬间吓到瞳孔地震，完蛋，是梅姐，少不了挨批了。小女娃被一把拎起，竟只是因为男人接了个电话。就在刚刚，梅姐突然来电，二哥吓到瞳孔地震，火急火燎的赶回家。刚开门，却发现梅姐已在等他，带着百分百的怒气，二哥硬着头皮进门喊梅姐。这时梅姐直接站起发飙。 说好的不点外卖了，怎么会有这么多外卖盒？一旁看戏的婉婉突然被二哥抱起当挡箭牌，婉婉没眼看，直接拉二哥下水，甚至添油加醋。闻言，梅姐怒气飙到顶端：“苏雨石，你就是这么扯谎骗我的吗？”二哥见状吓到呆愣，赶忙卑微承认错误。梅姐懒得理会，让二哥去酒会找聂思泽。婉婉听到聂思泽，大吃一惊：“就是那个不出道就要回家继承家业的哥哥吗？”“对啊，你也想去吗？”闻言，婉婉口水哗哗直流：“要去，要去。”画面一转。 二哥牵着婉婉帅气抵达酒会，偏偏就是这么凑巧，下车就遇到聂思泽。婉婉热情 say hello，哥哥是在等婉婉吗？聂思泽惊讶万分，婉婉还记得我吗？当然记得，你说过不出道就要回家继承家业吗？悄咪咪告诉你，其实婉婉也一样哦。这话一落，两人相拥而泣，同是天涯继承人。然而没过半晌，婉婉便已开始炫起了面包，还乖巧的让聂思泽去忙，不用管他。闻言，聂思泽感动的稀里哗啦。这时，红衣男凑近打招呼，小女娃仅三岁。 竟拿着板凳往自己头上砸。就在刚刚，红衣男来找聂思泽的茬，聂思泽不想搭理。可红衣男表面笑呵呵让路，脚上却开始耍小心机。聂思泽瞬间怒了：“万松杰，你到底想干什么？别逼我出手，不然，不然我就……”一旁的婉婉见状，狂塞面包，然后使尽全身力气狠狠一跺脚，疼得红衣男哇哇大叫。接着，婉婉问聂思泽：“要套麻袋揍他吗？”聂思泽无奈道：“不行，现在是法治社会哦。”这时，红衣男送来犀利的眼神，而婉婉却一点不带怕的做着鬼脸。 红衣男见状，怒气喊话：“将他们给我绑了！”这话一落，聂思则抄起一瓶红酒就往自己头上砸：“别过来！”碎酒瓶可不长眼睛，这波操作瞬间迷晕婉婉，好 man 呀！说完，婉婉便哒哒哒地跑向酒会小角落，有样学样的抄起小板凳往头上砸：“别过来，不然我用脑袋撞晕你们！”话音刚落，小板凳瞬间碎成四分五裂，吓得众人大惊失色。而婉婉则捂着小脑袋喊话：“再敢乱来！” 我让三哥送你玫瑰金手镯。这时二哥恰好赶来，看到婉婉身旁碎裂的小板凳，二哥顿时吓到呆愣。他赶忙俯身检查婉婉伤势，看到额头红肿的婉婉，一脸心疼的将她抱起，然后恶狠狠地瞪向红衣男：“我苏家的孩子是能随便欺负的吗？”闻言，红衣男顿时吓得全身冒汗。您您听我解释。还未等红衣男说完，二哥直接让人将他赶出去。男人只是看见小女娃脚边的碎板凳，便让人将红衣男赶出去。闻言，红衣男着急喊停：“苏雨时，我们毕竟是亲戚，何必呢？” 万英那小妮子好歹叫你一声哥，我也比您大呢。这话一落，二哥嘿嘿一笑，难道还让我叫你哥不成？红衣男顿时吓到瞳孔地震。我不是这意思。万苏两家虽是亲戚，但你只是万家旁系。况且万英那丫头叫哥我乐意，而你不配。这时婉婉喊二哥帮忙吹吹。闻言，二哥怒气飙升。万松杰，我妹妹脑袋你弄的？不,不不不，不是我呀，我可以解释。岂料话音未落，二哥的拳头便随之垂向了红衣女，你怎么敢？ 我都舍不得动他一根头发。红衣男瘫坐在地哭唧唧，我真的没有欺负他。可二哥完全不听红衣男解释，又继续暴揍了他一顿。婉婉见状，思考半晌，奶声奶气道：“二哥，这是婉婉自己的杰作。他让聂大哥去他房间聊剧本，聂大哥不愿意，他就想叫人将我们绑。我正当防卫，抄起板凳砸了脑袋。闻言，二哥还不忘给他一脚。” 这么说，我妹妹的伤是因你而起。这时，保镖们齐上阵，继续痛扁红衣男一顿。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红衣男爸爸气势汹汹赶来，怒气推开会客厅大门，大吼道：“是谁敢欺负我的儿子？”小女娃仅凭一句话，男人竟暴揍自己儿子。就在刚刚，红衣男因欺负婉婉，被苏雨石痛扁一顿。然而没过半晌，红衣男爸爸便匆匆赶来，严厉呵斥：“谁这么大胆子，敢欺负我儿子？”岂料话音刚落，红衣男爸爸吓到瞳孔地震。苏二少，您您怎么在这？二哥哈哈一笑。 反倒是我想问问万总，带这么多人来我家酒店什么意思？红衣男爸爸赶忙激动地说着 A B C 解释。闻言，二哥不吱声，只是大手一挥，红衣男便带了过来。红衣男爸爸气得骂娘：“是谁揍的我儿子？”二哥淡定回应：“是我，你当如何？”红衣男爸爸惊讶万分，苏二少一定是事出有因。这时，婉婉发声：“大叔，是您儿子先欺负的我。”闻言，红衣男爸爸瞬间怒气飙升，说要揍死这小兔崽。 然而却迟迟不动手。婉婉见状，赶忙递上棒球棍，喏、哦，用这个才会长记性。这时二哥帮腔：“我就这一个妹妹，万总儿子欺负我妹妹，我讨点说法不过分吧？”红衣男爸爸见苦肉计失败，只能上演真的苦情戏码。疼得红衣男哇哇喊妈救命。这时聂思则向二哥表白谢意，二哥哈哈一笑：“我为难他，主要是因为他欺负我妹妹，谁让我妹妹在苏家地位最高呢？”还有婉婉，你是咋的了？别人打你，你不会打回去吗？干嘛拿板凳砸自己？婉婉嘿嘿傻笑。气氛到了吗？ 不过二哥，晚晚饿了。闻言，二哥无奈扶额。我家小吃货问聂思泽，赶忙推荐自家私房菜。晚晚开心的两眼冒泡。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三人顺利抵达私房菜馆。二哥这才知艰难搞到的 VIP 竟是聂思泽的菜馆。晚晚则毫不吝啬竖起大拇指，大哥哥好厉害！没过三秒，晚晚疯狂炫饭，口中还不停的夸赞饭菜好吃。闻言，聂思泽双手献上店里金 欢迎婉婉随时来吃。正当婉婉沉迷于手中的金卡时，二哥随即邀请聂思泽加入他工作室。聂思泽受宠若惊：“我真的可以吗？”“当然，你很努力，我看好你哦。”三岁小女娃竟要坐镇天师会。就在刚刚，婉婉开心的炫完十瓶奶后，一脸呆萌的问二哥：“是不是还有工作？”二哥哈哈一笑：“是的，工作就在帝都。”闻言，婉婉思考半晌：“那二哥送我去找德寿师弟吧。”婉婉想问问上次隧道坍塌的凶手找到吗？这话一落，二哥也突然来了兴趣，却被婉婉直接拒绝。 你就不用去了，毕竟你不靠谱，在我们苏家是出了名的，就这么被嫌弃。二哥的热心瞬间碎成渣渣。半小时后，婉婉愉快的和二哥 say goodbye，却转身就遇到了怀玉师侄。师侄赶忙俯身恭敬作揖，不料却被婉婉指点说要以学习为主。师侄嘿嘿一笑，我已经进保送名单了。闻言，婉婉尴尬万分，怪我多嘴。这时，师侄问婉婉来找师傅是不是有事，他可以带婉婉去找师傅。岂料话音刚落，转身便遇到了德寿师弟。师弟激动的抱紧婉婉，小师姐，你怎么来了？ 我想问问，上次隧道坍塌的坏人找到了吗？闻言，师弟一脸为难。找是找到了，我们天师会和帝都刑侦成立的专案小组，经过一个月追查，发现这个人名叫张青荣，一直帮敏川老大干坏事，但我们派出去的很多人员都遭到他的迫害。闻言，婉婉气呼呼：“师弟，你一定要好好收拾他！”哎呀，小师姐，都怪师弟无能，打不过他呀！婉婉瞬间气炸：“那就用我的七星剑砍他！”师弟见状，赶忙拦下，被他跑了，还没找到呢。 不过我待会儿还得去闽南看看，小师姐能否帮我个忙？婉婉眨巴着他那卡姿兰的大眼睛，什么事？你说。下一秒，师弟秒变严肃脸，想请小师姐坐镇天师会。三岁小女娃竟化身打工仔，就在刚刚，德寿师弟请婉婉坐镇天师会。毕竟现在各地怪事频发，他实属分身乏力，而且归期未定。闻言，婉婉思考半晌，如果答应你，天师会厨师给我包饭吗？师弟无奈扶额，放心，管小师姐饱。那婉婉算打工，有工资吗？ 交五险一金吗？闻言，师弟嘿嘿一笑，有，都有。婉婉露出一丝满意的笑。行，我答应你。黄昏过后，婉婉坐庭院啃鸡腿，不料张青荣躲角落里吃瓜。这老家伙本想着来个调虎离山，没想到他竟安排苏婉婉坐镇，真气人。婉婉则一边啃鸡腿，一边掐指小算，最近三哥恐有麻烦。这时二哥恰好赶来，婉婉哥哥接你回家了。小家伙吃得满脸油腻，伙食不错嘛。婉婉奶萌喊二哥，喏、哦，给你吃鸡屁股。二哥见状满脸拒绝。 一个不小心摔倒在地，婉婉不解，平时哮天犬抢着吃的东西，二哥为什么嫌弃？闻言，二哥轻拍婉婉头，我和哮天犬能一样吗？婉婉眼前顿时一脸黑线，开个玩笑吗？打闹一番后，二哥催婉婉快回家，婉婉赶忙挣脱二哥的手，等我一下。于是婉婉立马施起小魔法，巴拉巴拉小魔仙，射怀玉师侄，瞬间感觉全身暖流涌动。接着婉婉交给师侄符纸，交代好他要把符纸贴在天师会门口。思考半晌后，他依旧不放心。 婉婉又将七星剑交给他，有六丁神和七星剑双保险，天师会便是安全的。我刚算出三哥最近有麻烦，婉婉怕顾不过来，其他的就没什么了。婉婉先回家了。可看着婉婉离去的背影，师侄却倍感心安。小女娃仅三岁，却让人倍感心安。就在刚刚，二哥喊婉婉快回家，婉婉还不忘师弟嘱托，走之前设下六丁神，留下七星剑双保险。然而婉婉没走三秒，张青荣便瞬间开始兴奋了，他立马开始掐诀。 心想今天一定要给天师会一个教训。然而下一秒，天空开始轰隆隆打雷，不料雷却直接劈向了张青荣，幸好他眼疾手快躲过。不过他同僚就遭殃了。天师会弟子见状还在惊奇，为什么只打雷不下雨？可怀玉师侄却会心一笑。婉婉小师伯虽然才三岁，做事是真靠谱。画面一转，二哥求爷爷告奶奶让三哥帮忙带婉婉一周，三哥无奈答应，拖着熬了一宿的身体给婉婉买了小笼包。岂料婉婉这小吃货眼里只有早餐，却不小心给三哥一锤子。 三哥，哎呦呦，凑近。婉婉奶萌，抱歉，这是婉婉特意给三哥调制的药膏，只要抹完，三哥头上的伤疤就消散了。闻言，三哥温柔 say thank you，婉婉则气呼呼回应：三哥想谢我就快去收拾苏幼清那对母女吧，你这大好青年名声都被他们毁没了，以后还怎么给我找嫂子？三哥羞涩应和：是是是，婉婉说的都对。不过婉婉，三哥给你换个新幼儿园怎么样？此话一出，婉婉瞬间惊落手中小笼包。不不不，我不要。三岁小女娃因是个小吃货。 竟被嫌弃了！就在刚刚，三哥建议让婉婉换个幼儿园。闻言，婉婉瞬间惊掉下巴。不不不，我不换！婉婉还得保护小池哥哥呢。三哥见婉婉气呼呼，秒怂认错哄,哄婉,婉婉。婉婉秒变开心状。三哥，这周你带我是吗？对对对，不过我们先要去警局上班哦。婉婉一脸惊慌，可是我这鸡窝头咋办？闻言，三哥哈哈一笑，放心，刑侦科里有小姐姐会。岂料半刻钟后。 三哥才知小姐姐们都出外勤了，这时同事建议三哥找冯局问问。之前看他办公桌上有小女孩照片，于是三哥无奈抱起婉婉，只能这样了。画面一转，三哥礼貌敲响冯局办公室房门，冯局一脸疑惑问三哥怎么？了，然而还未等三哥开口，冯局便两眼冒着金光：“这小女娃好漂亮、啊，你哪捡来的？”三哥尴尬一笑：“这是我妹妹苏婉婉。”此话一出，冯局瞬间吓到呆愣。听说苏婉婉饭量太大，今天吃过早饭没？婉婉听到这儿顿时炫起了小肌肉：“吃辣。 吃了二十四个包子。闻言，冯菊立马喜笑颜开。三哥见状，让冯菊帮婉婉梳头。冯菊顺势答应后，才想起各局说苏婉婉是个小魔头，但谁让婉婉又这么讨人喜欢呢？于是他立马拿起了梳子。婉婉秒变开心状，转身却发现冯菊身上有阴气，她赶忙掐指小算，不、哦、好，有麻烦。这时冯菊说小辫子扎好了，婉婉开心 say thank you，送你小锦囊可保平安哦。小女娃仅三岁。 却能轻松抬起一辆小轿车。就在刚刚，婉婉还在冯局办公室愉快地看着动画，突然听到警铃响起，婉婉立马飞奔跑出办公室，却见三哥着急的喊：“快走！”婉婉也随即跟在后面。三哥，等等我。这时三哥惊讶转身：“婉婉，你怎么也来了？”还未等婉婉回应，三哥突然想起隧道坍塌时婉婉帮了好大忙，于是三哥便问婉婉：“能不能搬开小轿车？”闻言，婉婉拍拍三尺小胸脯：“放心，交给我。”接着，婉婉直奔小轿车，轻松将它抬起，发现有施运符。 婉婉气呼呼，又是张青龙做的妖。而婉婉看着奄奄一息的人，不禁流下了三斤重的泪水，心想：要是有金针，婉婉也许还可以救他。就在这时，莫师兄急匆匆赶来，婉婉瞬间喜笑颜开，和莫师兄汇报伤员情况。闻言，师兄摸摸婉婉头：“你做的很棒。”然而，没过三秒，师兄便让三哥通知病人家属，情况不妙。婉婉瞬间坐不住了，为什么好人不能长命？就在这时，婉婉好像突然想到什么，于是她快速施起小魔法。 口中不停的念着 A B C，六点一八秒后，病人渐渐恢复意识，嘴角微微颤动。莫师兄见状，赶忙跑来查看情况后秒懂，他一脸严肃的看向婉婉，婉婉则嘿嘿一笑，他是好人，所以命还长。医生都束手无策的人，小女娃竟逆天而行救了他。莫师兄见病人恢复意识，才秒懂，他瞬间眼神变得犀利。婉婉，你自己小心点，下不为例。说完，莫师兄便赶忙回去救病人。这时，三哥俯身和婉婉确认受伤的人是不是他救，婉婉乖巧点头，不救他就没命了。 可三哥心想，刚莫金春表情严肃，一定有蹊跷。于是他又问婉婉：“救了受伤那人，你有什么影响吗？”闻言，婉婉尴尬回应：“那个叔叔气数已尽，婉婉这算逆天而行。”三哥瞬间吓到呆愣：“那你会会怎么样？”“哎呀，没事没事，就是婉婉最近要倒霉点了。”岂料话音刚落，婉婉就自己绊了一脚，瞬间摔了个四仰八叉。三哥吓得小心脏扑通扑通，赶忙着急问婉婉：“痛不痛？”婉婉嗨嗨一笑：“幸好平时的饭没白吃。”这话一落，三哥不禁宠溺的敲了敲婉婉。 慢点走，三哥这次会亲吻你半刻钟后，婉婉便躺沙发上耍赖：“什么？我的红烧肉没有肉，差评！”这小吃货急得三哥慌忙再叫一份。这时怀玉师侄恰好赶来，婉婉开心的飞奔跑向师侄，不料重心不稳，又摔了个狗吃屎。师侄见状，赶忙将婉婉扶起。婉婉尴尬一笑：“师侄怎么来了？是刑侦科警官给天师会打电话，所以我来看看。”闻言，婉婉秒懂。 立马拿出刚刚的失运符，失职震惊的就像失职，又是张青荣？不不不，我刚开始也以为是他，后来细想才发觉这次不是他。张女娃只是救活一个伤员，竟连摔三十个四仰八叉。就在刚刚，季婉婉绊倒自己后，又因重心不稳摔了个狗吃屎。婉婉尴尬一笑，这逆天救人倒霉是不是来的有点太快了？就在这时，怀玉失职恰好赶来，婉婉赶忙拿出车祸时捡到的符纸，失职脱口而出是张青荣，婉婉疯狂摇头，不不不，喏、no,，你看这个。 隧道坍塌时我拍下的，和我手上拿着的区别。师侄秒懂，今天这个是夺命符，但不是张青荣，还能有谁呢？晚晚思考半晌，也许得问问那个叔叔本人了。于是他转身问三哥：“那个叔叔怎么样了？”放心，医院说已脱离生命危险。听到叔叔没事，晚晚便让师侄先回天师会。可师侄刚走，还没过三秒，晚晚便哎呦呦喊道，三哥赶忙俯身查看，是膝盖流血了。晚晚你别动，三哥去找酒精棉球给你消毒。半刻钟后，三哥一脸愧疚给婉晚道歉。 婉婉暖心回应：“是我自己摔的，三哥干嘛要道歉啊？而且婉婉快四岁了，不是三岁小孩了。不过三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饭了？”三哥尴尬一笑：“你这小吃货味，今天带你认识一个帝都来的朋友。”婉婉一脸疑惑：“帝都来的朋友难道是何琼哥哥？”画面一转，婉婉刚到饭馆便疯狂点菜，三哥赶忙阻止：“婉婉，你确定三十道菜能吃完吗？”这时三哥朋友恰好赶来，三哥见状热情 say hello。婉婉和三哥朋友震惊对视：“是你，你,你你你！”三哥震惊的就像三哥，你们认识？ 小女娃只是看了男人一眼，竟震惊的说不全话：“你你你，这这这……嗯哼，何琼哥哥你怎么来了？”何琼嘿嘿一笑：“我这笨脑袋瓜味，咋就没想到你是老大的妹妹？”闻言，婉婉秒变严肃脸：“话说你要给我买个泡面呢？”“哎呀，抱歉，工作太忙，我等会再给你多买一箱行吗？”婉婉顺势比着爷：“那就是两箱哦。”三哥见状也加入谈话：“放心，三哥监督他。”岂料话音刚落，何琼秒变小哭包：“老大你能醒来真是太好了！回想两年前我们被派去缅甸。” 几次死里逃生，没想到收网的时候，老大你就出意外了。三哥见状，俯身安慰：“哭什么？我这不好好的吗？”就在这时，婉婉暖心递上餐巾纸。何琼哥哥，实话说，你哭起来丑爆了。闻言，三哥赶忙抱起婉婉：“就你话多，还得感谢何琼救了你，不然一直在李春梅那就糟糕了。”这话一落，何琼嘿嘿一笑：“说起来还得感谢婉婉给力，不然我早就小命不保。” 婉婉才是有福报之人呢。就在这时，服务员恰好来上菜，婉婉瞬间开启疯狂炫饭模式。时间一晃，第二天，婉婉刚想敲冯局办公室门，不料却听到三哥声音，于是婉婉瞬间趴起了墙角。上面的意思是该收网了，位置就在你家。闻言，三哥震惊八十分。你说的是秦柳玉？这话一落，婉婉也瞬间坐不住了。什么？又跟秦柳玉那对母女有关？小女娃只是拿起一根金针，竟露出了一丝匪夷的笑。 就在刚刚，婉婉趴墙角听到三哥和冯菊说到秦柳玉，他瞬间眼冒金星。三哥，我就说要早点去收拾那对母女吧。三哥震惊八十分，婉婉你怎么在这？哥哥在工作，你先出去好不好？闻言，婉婉怒气飙升。三哥，你说好要去收拾他们的。冯菊见状笑呵呵：“燕青，你这妹妹怪可爱的。”这时，三哥疑惑问秦柳玉为什么会牵扯进来。冯菊秒变严肃脸：“因为他和缅川老大来往密切，我们怀疑你之前被报复也可能是他的杰作。那上面给的方案是什么？” 三天后，恶煞会去帝都最大娱乐场所交易，已混在其中随机应变。闻言，三哥眼神秒变犀利，也该算算账。半刻钟后，婉婉激动万分：“三哥，三哥，我们是不是要去干架？你这小脑瓜味，学习能这么积极就好。不过我们确实要去找秦柳玉一趟。”闻言，婉婉秒变开心脸：“那我们能先回家一趟吗？”岂料刚到家，婉婉便拔出一根银针。三哥苦笑：“婉婉，你笑得这么阴险，好像反派，你知道吗？什么嘛，三哥，你不是说要做他们的吗？” 我是想着他们要是不扛揍晕了，我就扎醒他们继续揍。还有苏又清又不是你闺女，不准她跟你姓苏。三哥随即应和：“好好。”半小时后，刚到秦柳玉家门口，三哥便惊呆了。这时婉婉自信昂扬：“三哥，快夸我，都是我干的，我是不是超厉害？”闻言，三哥如万箭穿心：“这可是我的房子，可谁让你是我妹呢？那你下次就劈狠点吧。”三哥，你怎么知道我这次要来狠的？你看。这话一落，三哥竟无语凝噎，转身去按响门铃。然而不到三秒。 秦柳玉妈妈开门骂娘，可见倒是婉婉后，她瞬间怒气飙升。哎呦喂，又是你这小胖妞，小女娃只是喊了声爸爸，婉婉竟直接甩她一个大逼兜。就在刚刚，婉婉和三哥来找秦柳玉，岂料秦柳玉妈刚开门便开始骂娘，还说要喊警察局长女婿来抓他们。闻言，婉婉怒气发飙，你喊，who 怕 who。然而下一秒，婉婉却瞬间呆愣，房子房子竟然是我们家的。 三哥尴尬一笑，对呀、啊，是我名下的房子。婉婉瞬间泪如雨下，我的房子喂，就这么被我造没了。三哥见状震惊八十分，不是我的房子吗？思考半晌后，三哥俯身安慰婉婉，放心，三哥这就去找秦柳玉赔钱修房子。闻言，婉婉一跃而起，那行，婉婉给三哥开门。三哥内心哭唧唧，婉婉你是真能造啊，你这一脚，三哥修别墅的成本又涨。 可婉婉却无视，喊着秦柳玉：“快开门！我知道你在家，你别躲在家里不出来。”秦柳玉妈见这架势，再次搬出警察局长女婿吓唬人。三哥终于忍不了了，直接亮出自己的警察身份。这波操作瞬间吓坏秦柳玉妈，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于是他赶忙灰溜溜跑回家。婉婉见状，不想等了，直接说要拆家。三哥尴尬拦下：“别呀、啊，我带了钥匙。”婉婉嘀咕道：“三哥，你咋不早说嘞？”此时别墅客厅内，秦柳玉一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时婉婉帅气进场。 苏又清见状，只能硬着头皮喊爸爸，气得婉婉两眼冒金光。我是不是说过不许你这么喊？可苏又清却完全无视，继续喊爸爸，气得婉婉直接给了他一大逼斗。我说过的吧，再喊我就要揍你了。新年已至，七月在此祝宝子们新年快乐，喜气洋洋，稳稳当当,当，顺顺畅畅，一切如愿。九十度鞠躬感谢宝子们这一年的陪伴。女人迟迟不开门。 岂料小女娃进飞梯闯入，可苏又清却热情迎上三哥喊爸爸，气得婉婉直接给他一记大耳光。苏又清怒气发飙：“你算个什么东西？我不算东西，那你又是个什么东西？”秦柳玉见状来帮腔：“别太过分，苏婉婉。”闻言婉婉两手一摊：“我不过分了，倒是你们过分的很。我三哥大好青年，名声都被你们毁了，以后还怎么娶嫂嫂？是吧，三哥？快去收拾这老女人！” 三哥温柔应和，随即便哒哒哒直逼秦柳玉。秦柳玉吓得瑟瑟发抖，支支吾吾才吐出“你干什么？”闻言，三哥怒气发飙，说着一通 A B C 的质问秦柳玉，问的秦柳玉一阵颤抖。直到三哥亮出银色大手镯，秦柳玉这才吓到瞳孔地震，随即装心脏疼要晕倒。苏幼清见状，赶忙哭唧唧求爸爸放过。可这话让三哥怒气飙到顶端。刘又清，别乱喊！幼儿园的杀人犯是不是你叫来的？这话一落，刘又清瞬间吓到震惊，思考半晌后。 他便开始扯谎狡辩，可绵绵老师说，当天是你亲戚生日，你妈妈才把你接走。我倒想问问，你们在帝都有哪门子的亲戚？这话一落，刘又清差点吓得瘫倒在地。这笨女人怎么找的烂借口？秦柳玉见形势不对，眉头一皱，开始咬死是婉婉欺人太甚。刘又清随即也开始添油加醋，气得三哥咬牙切齿。你们怎么能这么胡说八道？岂料话音刚落，秦柳玉突然抱紧三哥大腿，这都怪你，当初答应我丈夫要照顾我们，把我们接出来后不管我们的也是你。 三岁小女娃竟敢找男人要手枪，突突突！就在刚刚，秦柳玉见三哥亮出银色大手镯，吓得他飞速抱紧三哥大腿，上演一出奥斯卡好戏。闻言，婉婉拍手叫绝：“阿姨，戏演过了。”秦柳玉见状，怒气发飙：“苏婉婉，你干什么？总是揪着我不放！”还未等婉婉回应，三哥便霸气甩出逮捕令：“秦柳玉，看清楚，我是依法逮捕你。”这波操作吓得秦柳玉瞬间呆愣，然而下一秒，他便薅起了三哥头发。婉婉见状，立马拍起了视频：“看，老女人袭警了、啊！” 闻言，三哥哈哈一笑：“婉婉，你这样好像逗逼反派哦。”半刻钟后，三哥顺利逮捕秦柳玉。突然，婉婉一惊一乍，喊完蛋，吓得三哥小心脏突突突。婉婉咋了？我突然想起来，秦柳玉还没还钱呢，我的房子喂。闻言，三哥笑呵呵：“放心，这事交给我吧。”婉婉乖巧应和，随即询问三哥为何不抓刘幼清，因为他还未成年，伤害大哥的证据也不足。我明白了，师傅从小教婉婉要遵纪守法，那等他长大了，婉婉再来收拾他。好了好了，我们该回去了。不料刚到车上。 婉婉便开始唉声叹气，三哥一脸疑惑问：“婉婉怎么了？”婉婉奶萌回应：“不知道怎么就感觉豁然开朗，那可能是因为婉婉长大了。”话说下个月婉婉四岁生日，有什么想要的礼物吗？有啊，我想要三哥的突突突。闻言，三哥嗨嗨一笑：“婉婉你是真敢想啊，一般人是不允许持有的，而且你太小，不过等你长大当警察就可以有了。”岂料话音刚落，婉婉疯狂摇头：“不不不，我长大后要当很厉害的中医哦，老祖宗的东西不能让它丢失了。”闻言，三哥喜笑颜开：“婉婉真棒，那你要加油哦。” 小女娃只是喊了声饿，男人竟怒气发飙。就在刚刚，三哥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却不小心吵醒了熟睡的婉婉。三哥一脸愧疚问婉婉饿了吗？岂料婉婉毫不犹豫地喊超级饿，却忘记及时收拾桌上的外卖残余。见三哥怒气发飙，婉婉思考半晌后便把锅甩给哮天犬，是他饿了，让我给他点外卖。三哥无奈扶额，你这小吃货问。说完直接给婉婉脑袋一记小拳拳，你还是跟我去警局吧。半刻钟后，婉婉便丢给冯局梳头。 突然，婉婉奶萌问冯菊：“照片中的女孩是你女儿吗？”闻言，冯菊瞬间失落：“是啊，如果她还在……”岂料话音未落，冯菊突然两眼冒金光，因为婉婉说冯菊的女儿就要回来。冯菊激动万分：“婉婉，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比珍珠还真。”婉婉亲自算的。这话一落，冯菊喜笑颜开，摸婉婉头。这时，三哥恰好走，了，婉婉飞奔跑向三哥：“这么开心呀？发生什么事了？”婉婉正襟危站，冯菊马上要找到女儿了。闻言，三哥瞬间吓到呆愣。 真的吗？那什么时候能找到呢？婉婉右手托腮，天机不可泄露。就在这时，冯局恰好取快递回来，婉婉震惊的就像婉婉这么重的黑气，冯叔叔刚去哪了呀？小女娃仅三岁，却想带着狗狗进酒吧。就在刚刚，冯局只是出去拿了个快递，回来便把婉婉吓得惊呆。冯叔叔，你干啥去了？这才不过一刻钟时间，你脸上的金光咋变死气了？婉婉赶忙掐指小算，出事了！冯叔叔，婉婉给你的锦囊。冯局摸索半天才发现锦囊已大变样。三哥见状，瞬间坐不住了。 冯局，你刚遇到什么事了吗？冯局思考半晌道：“我就取了个快递，再顺路给婉婉订了蛋糕，不过差点被一辆摩托车撞到，幸好我眼疾脚快。”这话一落，婉婉和三哥同步震惊。然而没过三秒，婉婉刚想说些什么，却被下属无情打断：“苏局，冯局有紧急任务。”此话一出，三哥一脸抱歉：“婉婉，你乖乖待警局，别乱跑。”闻言，婉婉掐指小算，不好，三哥有麻烦。于是他赶忙呼叫家里阿姨，立马把哮天犬送来警局。半小时后。 哮天犬带着晚晚飞驰在大街小巷，突然在一家番茄酒吧门前停下。哮天犬发挥他那超级灵敏的嗅觉，确定了地点后，便朝着晚晚汪汪汪。然而刚进门，却被服务员无情拦下：“抱歉，小朋友，酒吧不允许带狗狗，况且你还未成年，也禁止入内哦。”晚晚思考半晌后，奶萌撒娇说要找哥哥。服务员热情回应：“你哥哥叫什么？” 叔叔帮你整。婉婉心想不能破坏三哥任务，于是便胡扯说不知哥哥名字，只认的人。岂料还是被服务员无情拒绝。就在这时，三哥惊现身后喊完完，喊婉婉找女娃骑着狗狗去酒吧。不料却被男人严厉呵斥。就在刚刚，三哥接到紧急任务，必须马上行动。还没等婉婉把话说完，三哥便扬长而去。婉婉见状，瞬间坐不住了，骑上哮天犬狂奔跟去。恰巧刚到酒吧，便遇到三哥。三哥一脸惊讶：“婉婉你怎么来了？哥哥在工作，你和哮天犬先回家好不好？” 闻言，婉婉气呼呼：“我不工作没有命重要，要回你让冯叔叔回，不然他就没命了。”什么？这是婉婉算出来的吗？对啊，冯叔叔的命格被改了，今天就是他死期。三哥心想，婉婉的卦象一向很准，既然只说冯局会没命，那就说明我会平安无事。于是三哥故意怒气发飙，呵斥婉婉快回家。闻言，婉婉泪眼汪汪，三哥肯定是担心才凶我。思考半晌后，他一把拉起三哥要回一起。三哥怒气甩开婉婉，懒得管你，别跟着我。看着三哥离去的背影。 婉婉内心哭唧唧，我是不是给三哥添麻烦了？现在该怎么办呀？没过三秒，婉婉还是决定要保护三哥，于是他让哮天犬先回家，他要独自去找三哥。不料刚走到两男人身后，他这小吃货属性便闪现。棕发男一把拎起婉婉，哪来这么可爱的小家伙？看婉婉流着一哈喇的口水，棕发男拿起一鸡腿逗趣婉婉，想吃就吃吧。婉婉拿起鸡腿哐哐哐的啃咬起来。棕发男见状一脸温柔，小朋友，你爸妈没说不能吃陌生人的东西吗？婉婉奶萌道。 爸爸没说呀。棕发男哈哈一笑：“你怎么这么小就敢来酒吧呀？”闻言，婉婉震惊八十分，差点忘记正事了。他赶忙掐指小算，让棕发男早点回家。最后还不忘礼貌 say t h a n k you。棕发男看着婉婉离去的背影，不禁感慨有意思，只是忘记问小家伙名字了。小女娃淡定自若，可男人却早已吓得全身冒汗。就在刚刚，三哥随手甩开婉婉去执行任务，可婉婉不想三哥有危险，于是便决定独自去找三哥。婉婉边找边算。 不到半刻钟，便顺利找到三哥。三哥见状，震惊八十分。婉婉，你怎么又回来了？我担心你们呢、啊。 三哥，冯叔叔，快离开，不然恐有性命之忧。最主要的是，你们要找的人不在这儿。闻言，三哥和冯局默契的两眼对视后，便一脚踹开房门，不料却空无一人，看来计划又落空了。可婉婉却径直走到一木箱前，唰的一把开启，吓得冯局一脸呆愣。而婉婉抬起炸弹，喊三哥，快看，有发现！这波操作差点没把三哥吓出心脏病。冯局见状，立马让人去疏散人群。三哥看着上面倒数的数字，焦急万分，快！ 让警卫用最快的时间疏散人群，我来拆弹。婉婉则奶萌狠三哥，剪蓝色的线。三哥看着炸弹，紧张的泪如雨下。婉婉，你别碰，三哥拆弹可厉害了。闻言，婉婉嘿嘿一笑，我不怕呀，倒是三哥你手别抖啊。这时，传呼机里传来人群已疏散的消息，三哥变得更加紧张了。婉婉却依旧淡定，喊着剪蓝线。思考半晌后。 三哥利索地剪下蓝线，成功解除危机。三哥长舒一口气，然后他抱起婉婉朝门外走去。恰好冯局着急凑近问结果，听到危机已解除，才终于放下悬着的心。这时三哥好奇问婉婉：“你是怎么知道剪蓝线的呀？”婉婉思考半晌道：“这个吗？我乱猜的呀。”闻言，三哥冯局同时感慨：“婉婉不愧是小锦鲤，当女娃仅三岁，却要求男人必须二十四小时跟随她。就在刚刚，三哥和冯局执行紧急任务，婉婉见不得他们有危险，于是便跟随助理。” 成功解除炸弹风险，可三哥却对婉婉怒气发飙：“婉婉，你怎么这么不听话？让你先回家，怎么又折回来？万一你出意外，爸爸非打断我狗腿子不可！”闻言，婉婉哭唧唧：“抱歉，三哥，我也担心冯叔叔。”这波操作瞬间吓得三哥呆愣。冯局见状，俯身安慰：“哎呀，别怪婉婉了。再说小团子可是今天的大功臣。行行行，婉婉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好了，婉婉谨遵三哥教诲。不过三哥，冯叔叔命格被改。” 今天就是死期。三哥一脸纳闷，炸弹危机也没有改变结果，没有呢，反而更严重了。什么、啊？那我今天是不是也……不不不，三哥淡定，你没事的。闻言，三哥长舒一口气。那有解决办法吗？办法就是让冯叔叔二十四小时跟着我，因为紧接着他马上就要经历下一场劫了。这话一落，冯局瞬间吓到惊呆，婉婉则嘿咻嘿咻的开始画了福。冯叔叔，这些符纸必要时刻保平安哦，一张九块九，骨折价哦。闻言，冯局哈哈一笑，得嘞。 马上转！就在这时，三哥大喊：“冯局，快跑！”岂料冯局吓得全身冒汗，我为什么动弹不得？婉婉见状，快速施起小魔法，巴拉巴拉小魔仙，射六点一八秒后，冯局喜笑颜开，我能动了。这时黄衣男一脸焦急下车，抱歉，刚不知为何突然刹车失灵。闻言，婉婉秒变严肃脸，看来对方杀心很重啊。小女娃只是听到一个女人的名字，竟怒气拍裂桌子。就在刚刚，冯局差点出车祸后，婉婉便要求冯局必须待在他的可视范围内。 冯局一脸惊恐，那叔叔多久能破除死气呢？闻言，婉婉嘿嘿一笑，只要过了今晚十二点就好了。这时，三哥问秦柳玉的审问情况，冯局表示他确实和恶煞温理润有交流。三年前，恶煞为了报复你，故意接近秦柳玉，但是关于你遇害的事，他说不知道。岂料话音刚落，婉婉啪的一掌拍裂桌子。冯叔叔，你一定不能放过害三哥的人。闻言，冯局吓得一脸懵逼，叔叔知道了。 这时，三哥温柔安抚：“放心，秦柳玉后半辈子都得在监狱里过。”苏又清也被送回老家了呢。婉哼哼一笑：“都是他的报应。”突然，下属破门而入，苏局、冯局、温理论出现了。闻言，三哥、冯局同时看向婉婉。下属见状，瞬间坐不住了：“看婉婉干嘛呀？这次他肯定丢不了。”思考半晌，三哥拎起警帽，准备出发。婉婉却瞬间兴奋了：“我也要去，去可以。到了目的地，晚晚得乖乖待车里。可是晚婉不去的话，冯叔叔就要没命喽、哦。那也不行，太危险。” 我会保护好你，冯叔叔的。然而下一秒，三哥刚上车，婉婉便开启奶萌攻势。婉婉很能打刀，婉婉超厉害，不会给你们拖后腿。婉婉想要保护冯叔叔，他女儿还等着他呢。三哥无奈扶额，行行行，你必须紧跟在我身后。婉婉开心的手舞足蹈，你们要抓的人跑不了。半刻钟后，他们便顺利抵达娱乐场所。三哥一把抱起婉婉，径直朝里面走去。可旁人却议论纷纷，来晚怎么还带个娃？ 三哥完全无视。这时，冯局说打不通报警人的电话。闻言，三哥焦急万分，快找人，怕不是报警人被发现了。男人命中死气，只有婉婉能破，可三哥却拒绝带着婉婉，不行，太危险了。而婉婉不死心，疯狂发射奶萌信号。三哥终于心软答应。然而，刚到目的地，却发现报警人电话打不通。什么？快找人，怕不是出事了。于是他们飞速狂奔去找人。没过三秒。 婉婉却停下，掐指小算，不好，三哥，最后一间房有问题。闻言，三哥冯局默契备好手枪，接着砰的一声踹开房门，不料却看见一群人东倒西歪的躺着。三哥见状，秒变严肃脸，不好，有人受伤，快通知楼下的人抬担架上来。而婉婉瞬间泪目，温润你真坏。 害了这么多条人命。这时，温润里同伙恰好来到房间，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枪对准冯局。六点一八秒后，只听见“砰”的一声，子弹朝冯局而去。冯局瞬间吓到呆愣，幸好子弹以零点零一的距离与他擦肩而过，正巧打中了温润里，三哥见状，立马拿起手枪回击，砰砰砰，直击温润里同伙心脏，他瞬间倒地不起。三哥一时没反过神，婉婉着急喊三哥，三哥，可三哥却一把抱紧婉婉，幸好你没事，刚太危险了。婉婉嗨嗨一笑，三哥放心。 子弹是打不到我的，那子弹是朝着冯叔叔去的。我本来想让子弹往沙发上去，没想到改命格的就是温润里，所以子弹就打在他身上。也许这就是做坏事的报应吧。男人只是去取了个快递，竟惹来杀身之祸。婉婉掐指小算，原来是恶煞温润里通过快递交换改了冯叔叔命格。看来是十五年前冯叔叔发起的一场收网行动，才导致温润里一直怀恨在心，找机会伺机报复。闻言，婉婉啪地拍响桌子，我就说命格是不能随意改的。 婉婉这奶凶模样，吓得三哥瞬间傻眼。好啦，别想太多，你该准备准备去上学了。婉婉瞬间幽暗，接着刷的哇哇大哭起来。我不要上学！三哥无言。同样的招数，你倒是屡试不爽。片刻后，三哥搬出布方池引诱婉婉，晚晚瞬间兴奋了，分分钟换好衣服，催三哥快去开车。三哥见状，哈哈一笑：我这妹妹问，这么早就要被这臭小子拐走了？ 半刻钟后，婉婉闪现幼儿园，看到顾方池，瞬间泪眼汪汪。小胖见状，喜出望外，心想：婉婉终于看到我的好了于是他热情张开双臂，准备迎接婉婉，不料却扑了个空。小池哥哥，婉婉好想你啊！小胖的腿瞬间像灌了铅似的挪不动。你们，你们两用得着每天这么秀恩爱吗？就在这时，绵绵老师喊小胖出来一下。小胖赶忙收拾好受伤的心情，直奔绵绵老师。婉婉见状，震惊八十分。小胖身上怎么会有死气？于是他哒哒哒跑向小胖，问他怎么了。 闻言，小胖嗨嗨一笑。老师说：“我爸今天不来接我回家了。”小女娃紧盯小男孩二十四小时，不吃不喝，连厕所也不上，就为了能护他安全。可小男孩却完全不在意。婉婉这是怎么了？神神叨叨的。就在刚刚，绵绵老师喊小胖的瞬间，婉婉看见小胖身上有死气。婉婉着急问小胖怎么了。小胖嗨嗨一笑：“没什么，就是我爸今天不来接我放学。”片刻后，婉婉掐指小算，是大凶了。小胖看得一脸懵逼，这是咋了？婉婉秒变严肃：“小胖。” 我观你今天有血光之灾，要是遇到危险记得打幺幺零，记住了吗？小胖一头雾水，婉婉怎么紧张兮兮的？可婉婉却一脸担忧，算不出小胖遇险的时间。思考半晌，他飞奔朝小胖的方向跑去，不管小胖做什么，他都要紧盯着他。终于熬到下课铃响，小胖顿时松了口气。婉婉和顾方池为什么紧盯着我们？怪吓人的。就在这时，小胖姑妈恰好进来，见此，小胖顿时喜笑颜开，喊姑妈。姑妈嗨嗨一笑。 说要接小胖放学，绵绵老师直接拒绝，希望姑妈等二十分钟就放学了。可姑妈不依，说必须提前接小胖去参加宴会。绵绵老师见状无奈点头，那好吧。可婉婉看着这一幕，总感觉心里有一丝不安，特别是这个女人，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于是她二话不说跑上前，请等一下。小胖心里乐滋滋，婉婉是舍不得我走吗？下一秒，他笑着和姑妈介绍我的好朋友苏婉婉。闻言，姑妈俯身 say hello，婉婉小朋友有什么事吗？ 婉婉自信昂扬，请问阿姨要带小胖去哪？参加一个宴会。婉婉也想去吗？与此同时，婉婉抢话说要去，要去。姑妈瞬间呆愣：“你去？你去的话，也得老师和家长同意。”这话一落，婉婉霸气喊话：“自己可以做主。”见此，顾方池也跟着起哄说要去。姑妈秒变狰狞：“那就别怪我，是你们自找的。”小女娃随手捡的一小木棍，却能分分钟识别出方位。就在刚刚，小胖姑妈说要接她去参加晚宴，婉婉不依，因为她看到了小胖身上有死气。姑妈错愕。 只能将婉婉和顾方池一起带上。刚上车落座，小胖就说宴会上有烧鹅，等等给你拿只大的。婉婉听得口水哗哗直流，一下车就拉着顾方池直奔宴会厅。哇塞，真的有烧鹅！这时顾方池才意识到小胖不见，婉婉羞愧不已。哎呀，怪我贪吃，得快点找到小胖才行。不料刚跑两步，竟意外碰到了爸爸，两人同步错愕。爸爸着急问婉婉怎么了，婉婉气喘吁吁：“小胖不见了，我看到他身上有很重的死气。”婉婉别急。 爸爸这就通知江家人一起去找。片刻后，小胖爸爸江无名急匆匆赶来。我儿子怎么了？苏爸快速陈述事情经过。总之，我们得先找到孩子。江无名不敢多想，但脑海中却浮现的是小胖姑妈。于是他着急地问：“我们往哪儿找呢？”爸爸看向婉婉：“你能算出小胖的位置吗？”“不能，爷。”“不过婉婉有法宝。”江无名一脸问号：“什么法宝？”在大家期待的眼神中，婉婉却飞速跑开。噔噔噔，就是他！看得三人一脸懵逼。就这片刻后，婉婉施起小魔法，找到了。 就是这个方向。小男孩以为要去吃大餐，却没想到自己成了别人的大餐。可女人却说：“姑妈，这是为你好。”就在刚刚，婉婉因贪吃辣了小胖，于是便喊上家长一起整。然而没过三秒，婉婉紧急刹车。嘘，小池哥哥，你有听见什么声音吗？顾方池把头摇得像波浪鼓，没啊。片刻后，婉婉说听见了小胖的哭声。真的吗？在哪里？在哪里？下一秒，婉婉飞速拉起顾方池，哒哒哒的朝发出声音的方向跑去。婉婉气疯了。 果然在这里。就在这时，紫衣男疯狂拽小胖头，疼的小胖哇哇大哭。见此，紫衣男奋力拿毛巾塞住小胖嘴，小胖直接啐了毛巾。紫衣男瞬间炸毛：“阿言<爷>，还没到时间吗？”女人摇头：“快了，还有一分钟。”这时，江爸和苏爸恰好赶来，他们这是要干嘛？闻言，婉婉血气上涌：“他们在祭祀。小胖身上有祭祀的符纸，看符文是三山国王的。师傅说过，三山国王是地方守护神。最初记载，三神山神祠在潮州，只是想不到他们头发短，见识也短。” 怎么能想到这么愚昧的方式祭祀？就在这时，小胖被垂直抛向池里，婉婉被吓得五官扭曲。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你快还我小胖！小女娃千叮万嘱，有事打幺幺零找警察。她同学小胖却觉得她神神叨叨。没过三秒，小胖就被亲姑绑架，一把丢进泳池祭祀。幸好婉婉一行人来得及时，江爸才能顺利救下小胖。见此，小姑父瞬间不乐意了，不能让小胖起来。 他可是给山神的祭品。闻言，婉婉愤怒难遏，一拳倒拔垂杨柳。你确定是小胖的亲姑，竟这么狠心伤害他？就在这时，小胖哭唧唧说：“爸爸怎么不早点来？”江爸怒气发飙：“阿言，到底是为什么？”小姑吓得不敢吱声。小姑父见状却跑来抢小胖，幸好被婉婉一把拦下。小姑父怒气飙升：“你懂什么？用小胖就能换回我儿子？我不懂，我看是你见识短。二十一世纪了，谁还用活人当祭祀？你要喜欢当祭品，你自己当去吧。”苏爸赶忙拽住婉婉。 找你三哥来，婉婉愣住三点一四秒。对哦，我怎么忘了？于是婉婉快速拨通电话，喊三哥快来！你等着，我三哥马上就给你送来银色大手镯。见此，小姑无奈 say sorry，怪我们一时糊涂。你一句糊涂就能拿我儿子性命开玩笑吗？你清醒点，你儿子已经不在了。小姑瞬间吓得瑟瑟发抖。是啊，我的孩子没了，是我一直不愿相信。男人明明不会游泳，却奋不顾身跳下池，但这并不是他不想活。儿子不怕，爸爸来救你。小胖哭唧唧，今天吓死我了。 姑姑，这突然是咋了？你姑姑大概是想儿子想疯了。前几年她未婚先孕，孩子不到三岁就夭折。这时江妈急匆匆赶来：“无名，你没事吧？不会游泳还敢跳下去？”说完，轻轻拍了拍小胖：“该好好学跆拳道了，等长大了保护你吧。”“好的，妈妈，你放心。”闻言，江爸感动得泪眼汪汪。江妈却心疼抱着小胖的江爸累着：“你快放下他，他这么敦实。”小胖嗨嗨一笑：“妈妈，这是我好朋友苏婉婉，婉婉奶萌 say hello。”江妈俯身感谢婉婉。 你是怎么找到小胖的？就是随手捡的树枝，扔一下就找到他。江妈听得一脸懵。这时，小胖端来烧鹅，谢谢婉婉救了我。我、哦、请你吃。你早上还提醒我有血光之灾，怪我没在意。江爸随即应和，我也是苏家人通知我。思考半晌，江妈疑惑问婉婉是否会道术。是啊，婉婉确实会一些道术，她师傅是道士，所以有传授于她。此时，另一边，婉婉一行人正愉快地炫着烧鹅，满屋飘香，瞬间引来一只小香猪。婉婉撞了撞小胖。 你说小香猪怎么做好吃？闻言，小胖秒懂。不不不，它不能吃。婉婉，你怕是还不知道我家的地位排名，我排在食物链的最底端。爸爸是第一，妈妈第二，小香猪第三。婉婉，小馋猫不解，是因为要等到过年才杀猪吗？闻言，小胖瞬间气炸。不是啊！这时，苏爸喊婉婉回家。婉婉奶萌 say goodbye，记得过年喊我来吃小香猪啊！气得小胖握紧小拳拳。婉婉，你故意的是不是？小女娃最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唱歌像乌鸦叫，偏偏小男孩替她告诉了所有人。就在刚刚。 婉婉气呼呼催爸爸快点吃，吃完送我去幼儿园见小池哥哥。然而刚到学校，婉婉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原来是六一快到了，又要排练合唱团。可婉婉担心自己五音不全，成不了幼儿园的扛把子。闻言，顾方池暖心安慰：“没关系的，半个月前小胖就将你五音不全的事告知了所有人。”婉婉瞬间石化。这时小胖恰好走来：“你们刚喊我是吗？”婉婉怒气发飙，直接给小胖三百六十小拳拳。紧接着拉着顾方池离开，留下小胖在原地哎悠悠喊道。 片刻后，小胖急匆匆追来：“婉婉，你别生气了，不行我再给你揍一顿。”“哼哼，不想理你了，谁让你说我唱歌难听？”小胖一脸懵逼：“我没有说你唱歌难听啊，我只是说你一唱歌，我们所有人都捂耳朵。你看，你看，你还说没说？”说完，婉婉抱紧顾方池大哭起来。小胖一时摸不着头脑：“对不起，不然我请你吃冰淇淋吧？”“好啊，那我要吃两个。”片刻后，他们便来到冰淇淋摊，摊主给了婉婉最大的冰淇淋。 他开心的两眼放光，双手捧着冰淇淋，愉快的哈哧哈哧。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此时校门外正停着一辆不明来路的车。等放学时，要对他们中最漂亮的孩子动手。老奶奶守在校门口十七小时，不吃不喝，连厕所也不上，就为了等小女孩放学。可小女孩一放学，她却慌了。 就在刚刚，小胖请婉婉去吃冰淇淋，回来就被绵绵老师说了，不许一个人乱跑。婉婉乖巧点头，实则慌得一匹。幸好老师没有多问，不然吃冰淇淋的事就露馅了。片刻后，婉婉喃喃：“为什么我一听数学课就犯困？没过三秒便倒头睡去。”突然被绵绵老师的叫声惊醒，婉婉惊慌失措，大吼一声道：“绵绵老师！”一脸严肃：“你说说我刚都讲什么？”了？」婉婉支吾半天后扯谎：“老师在讲七加四等于多少？那七加四等于多少？” 婉婉飞速掰算起三尺小手，我算出来了，答案是十一。绵绵老师惊喜万分，婉婉竟然算对了，这还是婉婉第一次算对两位数以上答案的题。顾方池也鼓掌叫好，婉婉超棒。时间一晃就到放学时间，婉婉气到炸毛，爸爸和干爹一个都没来接我们。闻言，顾方池暖心安慰，婉婉别气，他们肯定是有事耽误了。再说你三哥一会儿就来了。就在这时，走来一个陌生老奶奶，保安怒斥没看见牌子吗？ 要接孩子去专门通道，老奶奶完全无视。我是这孩子的外婆。说完便生拉硬拽晚晚，婉婉婉婉疯狂挣扎。我不认识你。推搡之际，传来一声“等等”，吓得老奶奶瞬间慌了。老人想拐卖小女孩，可老人却不知他三哥是警察。乖乖，喂，你就跟外婆走吧。婉婉不依。这时保安喝令制止：“你快放开他。婉婉随即应和：“叔叔，我不认识这老巫婆。”老人哈哈一笑：“她叫苏婉婉，不信你可以给她老师打电话。”岂料话音未落，婉婉奋力甩开老人，疯了吧你！ 我爸爸说外婆是艺术家，你哪里像了？见此，顾方池赶忙护住婉婉叔叔，他是人贩子，婉婉的外婆在国外呢。闻言，保安挥舞着木棍，步步紧逼。老人见状，尴尬扯谎说不是。保安懒得搭理，扬起木棍准备揍老人。老人吓得惊慌失措。这时，他同伙恰好开车来营救。老人一把推开顾方池，趁机抢走婉婉。保安疯狂大喊，却已来不及。正在顾方池担心婉婉之时，三哥恰好赶来。 他赶忙呼叫封锁春天小花幼儿园所有道路，接着他紧急拦下出租警察，现在需要征用你的车，快追上前面的面包车。闻言，司机一脚踩到一百八十码，飞驰而去。片刻后，却遇见面包车停在路边，三哥一脸疑惑，于是他赶忙下车查看究竟。岂料刚打开车门的瞬间，就听见砰的一声爆。男人只是开个车门，却吓得全身颤抖。就在刚刚，婉婉被人贩子抢走后，三哥疯狂追捕，不到半刻钟。 却发现人贩子的面包车停在路边，三哥一脸焦急，刚想打开车门探个究竟，却被婉婉吓得差点丢了七尺魂。见婉婉平安无事，三哥终于放下悬着的心。然而没过三秒，婉婉便哇哇大哭起来。三哥打断别人的腿得进去蹲几年啊？里面还要不要上幼儿园？三餐管饱吗？这话问的三哥一脸懵。片刻后，三哥瞧见人贩子后心中了然，于是他温柔安抚。 放心，婉婉是属于正当防卫、啊。闻言，婉婉分分钟停止哭泣，那我就放心了。刚以为要很久见不到我小池哥哥了。缓过半晌，婉婉开始掰算人贩子，一个没跑，我还打断了老巫婆的腿，谁让他刚推了我小池哥哥。三哥嗨嗨一笑，婉婉真棒。这时传来路人的窃窃私语，婉婉秒变小话痨，你们快看，他们是人贩子，刚想拐卖我，赶紧曝光他，让他在里面蹲一辈子。见此，三哥一把抱起婉婉，好了，过两天三哥就去申请奖金。婉婉一脸疑惑，有钱钱。 对啊，你立大功了。这人是近半年拐卖案头目，那我再去揍他一顿。钱钱有没有变多？不不不，你要是再敢动他，就是恶意伤害。婉婉尴尬笑笑，我就开个玩笑嘛。小女孩平时在家不吱声，可她今天却在学校怒气质问妈妈。就在刚刚抓婉婉的人贩子落网后，绵绵老师给小朋友科普，以后见陌生人要警惕，比如抓走婉婉的梅姨拐卖儿童25年，二十五年存活的儿童不到十。闻言，婉婉气到冒烟。老巫婆这么坏，真后悔没有打断她两条腿。对了。 小池哥哥，你昨天摔痛哪了？我没事，我还担心婉婉你有没有受伤。婉婉嘿嘿一笑，我跟你说，我帮你报仇了。三哥还说要给我发奖金呢，等拿到奖金，我就带你疯狂炫大餐去。顾方池秒懂，婉婉小吃货一上线就停不下来，于是他无情打断：我们该去联欢会了。而此时联欢会现场，三哥和六哥拼尽全力抢座位。苏爸见状嘚瑟出场，抢什么？肯定是爸爸的。岂料话音刚落，却被三哥六哥同步拒绝。苏爸怒了，懂不懂尊老爱幼？语文课没好好学吗？ 可就在三人争抢之时，网红易梦瑶趁机坐下。二哥见状，礼貌 say hello，麻烦让让，你坐的位置是我家孩子的。而易梦瑶却无动于衷，反而说二哥爱整事，什么、啊、我这小暴脾气，好好说你不理。就在这时，婉婉恰好赶来，见此，她急匆匆跑去让易梦瑶腾位置。可易梦瑶怒气不减，你的凳子难道写你名了吗？阿姨说对了。 喏，椅子腿上就有。话音未落，易梦瑶恼羞成怒，吓得婉婉瞬间呆愣。苏爸见状，赶忙抱起婉婉怒怼。不等易梦瑶回应，突然背后传来一声：“妈妈，你在欺负婉婉吗？”玩宠千金过六一，哥哥弟弟一个比一个醋。婉婉的家长位必须是我是我。就在这时，网红易梦瑶不管不顾的就坐下了。苏家人几班周旋依旧无果。然而小女娃见状怒了：“妈妈，是你在欺负婉婉吗？”易梦瑶傲娇,娇不吱声，小女娃只能弯腰道起。闻言，婉婉火速跳下。 没关系的，我知道你有个好妈妈。小女娃长叹一声：“我妈妈就是人太倔。”片刻后，绵绵老师暴怒。小班的精彩表演即将开始。紧接着，小胖撩人的歌声引起阵阵掌声，连顾方池都惊叹不已。婉婉哼唧唧，唱得好就了不起。然而下一秒，小胖手捧奖杯朝婉婉走来，看得晚晚两眼放出八尺的光。晚晚老大，这个送你，送我？为什么呀？这是给你的奖励。小胖抓耳挠腮，我就是想送你，想送你。可话到嘴边，顾方池却露出了想到他的表情。 他赶忙火速撤回，婉婉却一脸失落。小胖，你今天好奇怪。这时突然天降大雨，顾方池催大家快进去躲雨。婉婉掐指小算，不好，西南方要有水灾了。同时间，三哥接到电话要火速回局。见此，苏爸着急问婉婉，水灾严重吗？婉婉掐指小算，瞬间输出一段文言诗词。文言苏爸激动的泪流满面，我女儿文采好。婉婉尬住，爸爸别哭了，我们还是先躲雨吧。不料刚进屋，婉婉便开始翻找他的小法宝卦象，明明显示西南地区这时无雨的。 然而下一秒，婉婉瞬间吓到呆愣，不好，是大凶之兆啊！小女娃求了她爸三小时，她爸都不肯让她去西南方。爸，婉婉想三哥了，三哥呢？婉婉问得漫不经心。恰好这时三哥来电，西南方水灾严重，需要救济物质。婉婉急匆匆靠近，爸爸，不要纠结了，人命关天了。我刚用师傅的龟甲算过，是大凶之兆。苏爸犹豫几次，语重心长，爸爸知道你的想法，但婉婉知道你对爸爸有多重要。可是，可是，婉婉急得小脸通红。 爸爸却转身交代保镖，要看着婉婉不能让他跑了。此时的婉婉仿佛想到了什么，于是他立马拨通了德寿师弟电话，才知又是张青龙作妖。闻言，婉婉气到爆炸，这次抓到他一定要往死里揍。先不说了，一会儿我给师弟你再有点符纸过去。岂料刚挂电话，德寿师弟秒变显眼包，你们瞧瞧，我这小师姐非说要给我邮寄符纸，我说不要不要，他非要，是不是也太护着我？是啊是啊，那师傅到时候能分我一张吗？我回去就给您做油焖大虾子样闻言，德寿师弟秒变脸，你这小崽子喂。 成交。此时，在家中的婉婉却不停地打着喷嚏，苏爸担忧，是不是感冒了？有不舒服吗？婉婉疯狂摇头，肯定是有人想我了，让我掐指小算，看看是谁在想我。不好，是德寿师弟有危险了。婉婉赶忙扑向爸爸，再次求爸爸让他去西南灾区。苏爸犹豫再三，还是拒绝了。见此，婉婉拍拍三尺小胸脯，保证会保护好自己。可爸爸依旧没有丝毫动摇。就在这时，三哥来电，向道长出事了。婉婉心慌慌，心想现在我不得不去了、啊。 男人刚拒绝三岁小女孩去西南方，却得知小女孩竟是当下唯一能领导天师会的人。怎么偏偏这么巧？香道长去寻找阵眼的途中，一个不经意的狡猾，害自己跌落山崖。幸好人没事，只是伤了腿。闻言，婉婉震惊八十分。德寿师弟，这肯定是出门忘记烧香了，才会这么倒霉。而这样的时刻已经不允许苏爸再犹豫了。于是他秒变认真：“婉婉，我们去找你三哥吧。”这话一落，婉婉瞬间呆愣：“我真的真的可以去西南方了？”苏爸疯狂点头：“是的。” 比珍珠还真。片刻后，苏爸火速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婉婉见爸爸心情沉重，于是让他别跟着去了。闻言，苏爸怒气发飙：“我怎么能放心你一人去呢？”时间一晃，四小时后，三哥一行人早在机场等候。婉婉开心地扑向三哥怀抱，怀玉失职却瞬间哇哇大哭起来。婉婉赶忙安抚：“不哭不哭，我这不敢来帮忙了吗？”一番寒暄过后，三哥便带婉婉来见翟老。翟老震惊：“这位就是天师会的顾问苏婉婉。”闻言，婉婉自信昂扬：“对啊，就是我。” 我超级厉害的哦！翟老无奈扶额，没想到天师会的顾问这么小。事不宜迟，婉婉火速赶往山上寻找阵眼。怀玉失侄一脸焦急：“小师伯，怎么样了、啊？”怀玉啊，关键时刻要戒骄戒躁。你认真看看这座山有什么不一样？老道士一个月都找不出的阵眼，却被这小女娃半小时搞定。然而半小时前，婉婉还被怀疑这么小怎么能当天师会的顾问。婉婉懒得解释，直接上山找阵眼。怀玉啊，你有发现这座山有什么不一样吗？怀玉认真看了七七四十九秒。 愣是没看出所以。婉婉耐心引导，你看这座山脉像什么？像像龙头吗？是龙脉，既有龙脉，应该风调雨顺才对，为何还会下半年的雨？怀玉之无半天不作声，我真不知道、啊。婉婉实在忍无可忍，因为龙脉源头被破坏了呀。龙本身应有两角，但你看现在龙角头塌方。师傅曾说，来龙气势犹如蛇，就是凶脉。我猜测是有人吸收了龙脉的力量，才导致的大雨。但是怀玉，你生气归生气，扔雨伞干嘛 闻言，怀玉赶忙捡起雨伞，say sorry。晚晚秒变奶萌状，既然你说 sorry 就没关系。事不宜迟，我们快去那边看看吧。于是大部队听婉婉的号令，开始马不停蹄的赶路。三小时后，大部队终于抵达目的地。婉婉确认找到阵眼后，便火速拿出八卦，然后快速施起小魔法，但因断数太多被喊停。见此，怀玉分分钟 get，喊大部队合力搬开断数。时间一晃，半小时后，搬开的位置终于露出阵眼。婉婉定睛一看，才发现是有人用人血破坏了这里的风水。 男人以为自己法力高强，却没想到被三岁小女娃分分钟制压。可他竟然还妄想催动五雷符来还击。就在刚刚，婉婉带大部队顺利找到阵眼，搬开段树，才发觉是人血符文。闻言，三哥震惊八十分，还真是人血。于是他让检验科火速采样去化验。而与此同时，三哥着急让婉婉想解决办法。婉婉奶萌应和，三哥淡定，我这就去破了他阵眼。只不过龙脉受损，想要恢复如初就很难。了。怀玉，快召集所有天师会的人破阵。此话一出。 天师会成员火速集合，婉婉随即快速施起小魔法，巴拉巴拉小魔仙，射！随着婉婉施法进入高潮，天师会成员迅速将佩剑直插入地，瞬时间顿时天空雷鸣作响。而此时另一边，张青荣愤怒至极，天师会有如此高手，竟能启动两仪八卦阵，既然阵法还未破，那就受死吧！婉婉分分钟感应到不对劲，对方竟然妄想催动五雷符，眼见雷正劈向婉婉，三哥吓得惊慌大喊，婉婉却嘿嘿一笑。 五雷助我呀！于是他立马发动五雷符，顿时烟消云散，晴天万里。三哥一脸震惊：“这就破破阵了？”婉婉嘿嘿一笑：“对呀、啊，快准备好小蛋糕奖励我。”对了，怀玉，我们脚下还有一具尸体当阵眼，得快点挖出来。闻言，怀玉瞬间吓到石化。哇！婉婉疯狂嘲笑：“怀玉啊，你胆这么小，以后怎么当天师啊？每次做数学题都很菜的三岁小女孩，竟然是天师会的特别顾问。就在刚刚，婉婉成功解救了西南方灾情。” 甚至破了张青荣的阵法。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张青荣竟用腐烂的尸体当阵眼。更离谱的是，这具腐烂的尸体还是他的徒弟。而婉婉却因此累得回家倒头就睡，一觉醒来已然天黑。婉婉起身找哥哥，却无人答应；接着又去书房找爸爸，依旧不见人影。哎，不管了，下楼看看有啥好吃的。然而打开冰箱，空的仅剩一片青菜叶。饿得婉婉瞬间哇哇大哭起来。什么嘛！ 想饿死宝宝啊！就在这时，只听啪的一声，突然出现一个三米高的蛋糕，紧接着所有人都迎面走来。Happy birthday！to you。看得婉婉一脸懵逼。今天是我我的生日，可是师傅说每年都会陪我过生日，今年师傅失约了。哼哼，师傅骗人，说好的礼物也没有。就在这时，德寿师弟拿出一个大大的红包。小师姐呀、啊，别哭了。虽然师傅不在，但我们大家都会陪着你的。可是可是婉婉想师傅了、啊。闻言，顾方池赶忙凑近安抚。没关系的，婉婉，你师傅一直会在天上看着你。 就像我们妈妈一样，肯定希望我们是开心的。再说了，我说过我会陪你一辈子的。然而下一秒，二哥的醋坛子翻了，他突然闯入让婉婉许愿，吓得两小孩惊慌失措。片刻后，婉婉十指紧扣，希望所有小朋友都健康快乐。许愿结束，婉婉便猝不及防给二哥一个惊喜，嘿嘿，抱歉，二哥没控制好力度。闻言，二哥瞬间露出了一丝匪夷的笑，好哇、啊。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幸好婉婉躲得及时，可五哥就没这么幸运了。于是五哥也拿起一块蛋糕，和二哥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蛋糕战。最后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要和宝子们说再见了。在这里也祝福所有喜欢婉婉的宝子们，开开心心，每天笑哈,哈。小男孩为了每天能见到小女王，竟然买下他家隔壁别墅，连爸爸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竟然有五千万存款。就在刚刚，顾方池陪婉婉,婉婉过完四岁生日，婉婉热心说要送顾方池回家，不料顾方池却直接拒绝。这话一落。 婉婉内心哭唧唧，小池哥哥不喜欢婉婉了吗？闻言，顾方池嘿嘿一笑，当然不是了，是我爸爸已经买下隔壁别墅了，以后我们每天都可以一起上学哦，太棒了！闻言，婉婉开心的两眼冒泡，瞬间给顾方池一个爱的抱抱。时间一晃就来到五一，五哥、六哥申请了在家自学，起初老师不同意，但耐不住两人成绩名列前茅，再加上他们态度坚决，老师最终还是同意了。得知这消息的婉婉。 别提多开心了。然而没过三秒，婉婉却长叹一声：“如果四哥能回来该多好。”闻言，六哥宠溺摸婉婉头：“四哥封闭集训，再过两个月就回来。”婉婉开心的手舞足蹈。五一过后，积极说要去上学。爸爸一脸懵逼：“宝贝女儿转性了，开始爱上学习了。”岂料下一秒，婉婉催爸爸快点吃，吃完送婉婉和小池哥哥一起去上学。闻言，苏爸秒懂：“哎，女儿这心原来早飞到顾家了。小女娃只是做个作业，却说一定要封住窗户。” 这天，婉婉正在家里呼呼大睡，爸爸突然来喊醒婉婉：“宝贝，该起床了。”婉婉睡眼惺忪地爬起来，不料下一秒，爸爸就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婉婉顿时愣住：“绵绵老师，你怎么来了？”这话一落，绵绵老师秒懂，感情苏先生还没跟婉婉说家教这件事啊。于是他俯身温柔道：“以后绵绵老师来教婉婉，好吗？”婉婉瞬间呆愣，犹豫片刻后，他随即点了点头：“可以是可以啊，但是既然绵绵老师要来教婉婉，爸爸你可一定要把窗户封好。” 闻言，苏爸愣了三秒后，顿时脸上五彩斑斓。婉婉继续解释：“我这不是怕我成绩太差，绵绵老师容易崩溃吗？还有速效救心丸也得备着，之前的家教小姐姐说的。尤其是教了我算术题后，她说她差点断气。”这话一落，绵绵老师一时间哭笑不得。然而没过三秒，绵绵老师温柔道：“只要婉婉努力学，就算学不好也没关系的。”婉婉点点头，忍不住道：“那绵绵老师会跳楼吗？会因为我算不出算术导致心肌梗塞吗？”闻言，绵绵老师依旧保持微笑：“不会的。”见此。 婉婉心想，绵绵老师果然内心强大。男人被救回生命，可他却不开心，因为自从他醒来后，公司怪事频频，害他损失不少。然而令他想不到的是，车祸当时司机现场死亡，而他因此受了重伤。唯一庆幸的是，车祸发生在警察局门口。更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婉婉。婉婉算出他是好人，所以就算违背天命，也依旧施针救了他。经他打听，才知小恩人竟和自己住一个别墅。于是，裴奇拎着满手的礼物就来找婉婉。岂料来开门的恰好就是婉婉，你找谁？ 闻言，佩奇礼貌 say hello，我叫佩奇。两个月前你救过我，记得吗？婉婉瞬间睁大他那卡姿兰的大眼睛。佩奇，那你是不是还有个弟弟？是啊，我确实有个弟弟。婉婉嘿嘿一笑，那你弟弟是不是叫乔治？佩奇秒懂，原来小恩人是个动画名。于是他温柔解释，我不是小猪佩奇的佩。见婉婉不吱声，于是他补充道，我的名字和小猪佩奇没关系。这话一落，婉婉一脸失落。然而没过三秒。 晚晚秒变开心，因为他已经忘记救裴奇的事儿。可人家出院第一时间就来感谢他，甚至还拎着零食大礼包。晚晚瞬间觉得为了救他倒霉一整天也了。想到这儿，晚晚赶忙邀请裴奇进屋坐。然而裴奇却直接拒绝：“不好意思，叔叔今天有事，改天再来拜访。”晚晚嗯了两声，心想裴叔叔下次来肯定还有礼物，赚了赚了。就在这时，裴奇准备离开，晚晚却突然叫住了他。裴琪一脸懵逼：“怎么了？”晚晚歪着小脑袋道：“裴叔叔，我观你额头泛黑，恐有小人侵扰。” 我这有平安符，九百九十九一张，要不要来一张？这话一落，裴七瞬间呆愣，随即温柔哄道：“那你要怎么支付呢？”婉婉奶萌一笑：“都行吧。”没过三秒，收到钱的婉婉开心坏了，于是再送裴七一挂。裴七没听懂，这时电话叮铃铃响起，挂断电话，只见裴七面露喜色，激动的和婉婉道别后便转身离开。三个顶级专家三年都治不好的疑难杂症，却被这四岁小女娃一晚搞定。然而小女娃却不知，老人就是他四哥的老师。正在婉婉高兴之余， 这时，门口进来一位一米八的大帅哥。婉婉见状，直接上前扑倒：“四哥，四哥，你怎么来了？”虽然这是婉婉第一次见四哥，但经常的视频聊天让他对四哥并不陌生。苏云之也瞬间呆愣：“婉婉，原来是你，你就是大家口中提到的小神医啊！”听到四哥的夸赞，婉婉自信昂扬道：“对啊，是我是我就是我。” 四哥喜上眉梢，老师你没事儿。老人哈哈一笑，多亏了婉婉小朋友。闻言，四哥俯身道：“婉婉，这是四哥的老师，花滑的总教练。”见此，婉婉礼貌和老人打招呼。就在这时，婉婉肚子不争气的咕咕叫。老人哈哈一笑，让徒弟带婉婉去买点吃的，可不能饿坏他小恩人。闻言，婉婉开心的手舞足蹈：“四哥，四哥，我要吃螺蛳粉！”这话一落，苏云之脸上五彩斑斓。见四哥不吱声，婉婉奶萌道：“四哥。” 你不想和婉婉吃螺蛳粉吗、啊？为了不扫妹妹的心，苏云之硬着头皮道：“不，不是的。”那我们快走吧，婉婉已经馋得口水直流八千尺了。最后祝宝子们新年快乐，龙年行大运！今天是年前最后一更了，准备开心过大年了、啊。四岁小女娃莫名心慌，却被老父亲一眼看穿：“我的乖乖，喂，你能不心慌吗？明天就开学了，你的暑假作业还没做完呢。”婉婉恍然大悟，可算是找到自己的病根了。下一秒，婉婉直接一个鲤鱼打滚，疯狂开始翻找自己的作业。 幸好也不是一点没做，毕竟绵绵老师家教的时候，每次讲的都是暑假作业。婉婉看着剩余的三页算术题，总算松了口气。顾方池见状，赶忙凑了过去，看着婉婉那狗爬一样的数字，依旧温柔道：“婉婉，三加一等于四，4, 不是棋子。”婉婉掰了掰手指，没错呀，我写的就是四啊。这话一落。 顾方池无言以对。片刻后，他开始辅导婉婉作业，直到傍晚时分，可算是完成了。婉婉一脸欣喜，第二天一早就去幼儿园报道，因为完成了作业，婉婉走路都变得有气势。刚到教室，就看到绵绵老师在检查作业，再看小胖，却一脸的慌张。见此，婉婉忍不住问：“小胖，你生病了吗？”闻言，小胖一脸愁容，悄悄凑到婉婉身旁，小声嘀咕道：“我这次作业没做完。”“什么？你不怕吗？”小胖瑟瑟发抖：“怕呀，这不暑假太忙了。” 我妈给我报了泰拳班，这暑假光顾着挨揍。闻言，婉婉上下打量小胖，还真是你看着瘦了好多。小胖嘿嘿一笑，但我发现你胖了好多。婉婉撅着小嘴吼道：“你说什么呀？”小胖不明所以，继续重复了一遍，气得婉婉握紧小拳拳。下一秒。 他突然喊了声“绵绵老师”，教室所有人齐刷刷的看过来。小胖瞬间涌上一丝不好的预感，他刚想准备逃跑，婉婉却恶狠狠告状：“小胖没做暑假作业，老师你可得好好收拾他。”小胖这才意识到得罪了这位小祖宗。明明是小女娃被坑，可反而是坑他的男人气到颤抖。只因男人以为万事俱全，却没想到让女儿成了秋游笑话。这天，绵绵老师通知下周一要去秋游，小朋友回家和父母准备秋游的东西。然而婉婉却一脸懵逼：“秋游是什么？” 小池哥哥，你去过吗？这话可把顾方池问倒了。于是两人决定放学回家问爸爸。可苏爸听完也是一头雾水，别说秋游，连野炊他都没去过。见此，婉婉忍不住问爸爸：“你和妈妈没有约会过吗？”苏爸瞬间呆愣。爸爸和妈妈约会都在餐厅。为了不让女儿失望，苏爸赶忙道。 婉婉放心，爸爸会给你打听清楚的。而此时另一边的顾家也是如此。顾庭园平时很忙，连接送孩子都是拜托兄弟帮忙，但对于关心儿子的问题上，他还是有着十二分认真的。于是两父亲经过一天一夜的努力，终于在周一这天把孩子秋游的东西准备好了。可婉婉和顾方池却看得一脸疑惑：这这真的可以吗？不等两娃开口，便分分钟被两父亲打包上了车。两父亲看着远去的车影，忍不住自豪：我们两家准备的肯定是最齐全的。而事实确实也如此。 两娃刚到幼儿园，绵绵老师差点惊掉下巴。只见婉婉牵着一只大鹅，顾方池背着一口大锅，拎着一捆柴，书包里还有各种火锅底料。见此，绵绵老师不由惊叹：这两个当爹的，真是一个比一个不靠谱。然而，当婉婉和顾方池走进教室，才发现别的小朋友都用保温盒装着熟食，两人瞬间一 o 异口同声道：“我爸爸好坑啊！”就在这时，小胖恰好赶来，同样是不靠谱的爸爸，给他带了速冻鸡腿，一只现杀的黑鱼。了解一番后，小胖瞬间哇哇大哭起来。 我爸爸好坑啊！婉婉长叹一声，安慰道：“小胖别哭了，等上山我们就自己做饭吃。”小胖一听更伤心了：“可是我不会做饭了，我这么胖，一顿不吃就饿得慌。”见此，顾方池补充道：“放心吧，我会做饭，饿不着。”半小时后，顾方池惊现高超厨艺，酸甜可口的酸菜鱼，吃个晚晚那叫一个撑，这让他对顾方池的喜欢蹭蹭蹭直线上升。傍晚时分，秋游结束回到家，婉婉一脸不开心。苏爸见状急坏了。 咋了？秋游不好玩吗？婉婉奶声奶气的陈述事情的经过。闻言，苏爸气到颤抖，都是小王出的馊主意，让婉婉成了今天秋游的笑话。他赶忙愧疚道：“对不起，婉婉，爸爸下次会努力做好功课的。”听到爸爸知错认错，婉婉瞬间喜笑颜开。女孩只是拿出两张银行卡，男人却大惊失色。婉婉婉，平日的小财迷今日是怎么了？竟然要给我投资电影？然而下一秒，婉婉悄,悄悄凑近：“二哥，黑卡是我的，里面有一个亿；金卡是小池哥哥给我买零食的。” 里面有七千万，我想着买零食哪有小钱钱生大钱钱香？闻言，苏雨石激动得泪流满面，抱着婉婉不撒手，口中不停喃喃：“婉婉，你可真是我的小福星。”婉婉一听，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不，我不是你的小福星。”片刻后，婉婉一脸认真道：“我是所有人的小福星，这个家没有我是不行的。”苏雨石觉得在理，于是微笑的点点头。三个月后，二哥的科幻电影顺利上映，反响很不错。婉婉却一点不惊讶：“二哥，我早就算过了，你的电影会大卖哦、啊。”苏雨石嘿嘿一笑。 还是要谢谢你和小池的投资，婉婉瞬间羞涩，不谢不谢，我毕竟也有分红了但婉婉觉得二哥还是很优秀的，不管是偶像、歌手、演员，甚至是导演，都做得游刃有余。想起曾经听二哥唱歌，好听的跟百灵鸟叫似的，再想想自己那歌声，肯定是投胎时阎王觉得自己太可爱，于是掐了自己喉咙，才让唱歌这么难听的。想到这儿，婉婉长叹一声，下一秒便口出狂言：“二哥，虽然你平时不靠谱。” 但这次能赚钱，也算是咱苏家祖坟冒青烟了。苏雨石瞬间语塞，眼神幽幽的看着婉婉。见此，婉婉嘿嘿一笑：“二哥，开个玩笑嘛，别当真。你可一直都是婉婉的偶像了。”这话一落，苏雨石宠溺摸婉婉头：“喏，给你。”婉婉见二哥给的分红，瞬间喜笑颜开，哒哒哒的跑到爸爸面前：“爸爸，我是不是全世界最无虑的小朋友？”苏爸思考片刻，想到婉婉为作业发愁的模样，忍不住摇头：“你是全世界最有情的小朋友。”听到这儿。 婉婉食欲大增，三分钟就干完十碗饭。饭后，三哥带婉婉去影院支持二哥电影，婉婉开心的两眼放光。特别是看到末尾有自己和小池哥哥的名字，婉婉更是开心的手舞足蹈。这么看，四舍五入自己也上电影了。于是他迫不及待的便要告诉顾方池。男人只是看了一眼女孩成绩，却瞬间哭得稀里哗啦。就在刚刚，婉婉告诉老父亲考进班级全十，老父亲激动的泪流满面，反手就给婉婉奖励了五二零 W。而对于这个成绩，婉婉也是出乎意料的。第二天。 幼儿园园长就给婉婉颁发进步之星，年年老师也因此奖励婉婉十朵小红花。而这一波的奖励，瞬间激起婉婉更加强烈的学习欲望。受到刺激的还有小胖，毕竟他爸爸说了，如果再不好好学习，以后就不能和婉婉一块读书了。小胖自然是不愿意的，不为别的，就冲婉婉书包里每天装有五百斤的零食。 小胖也开始废寝忘食的学习，终于在期末时冲进全班倒数前十。可即便是这样，江爸也欣喜不已。时间一晃就到第二学期，苏爸越发的忙碌，经常出差，导致无法准时接送婉婉。见此，婉婉面露不悦，眼见自己成了最后落单的小朋友，便气鼓鼓告诉绵绵老师：“你一定要在家长会上认真批评我爸爸。”闻言，绵绵老师瞬间语塞。 毕竟苏爸对婉婉的尽责，他是看在眼里的。不管工作多忙，每天早上都准时送婉婉上学，每天也会按时关心婉婉和顾方池的情况。单看这些细节，苏爸宠女儿真是无可挑剔。见绵绵老是不说话，婉婉长叹一声，还是不要批评我爸爸。虽然他没来接我，但要挣钱养崽子已经很不容易了。不料话音刚落，苏爸就打来电话。见此，婉婉开心的喊爸爸。听到婉婉软糯的声音，苏爸不自觉的柔和了几分。婉婉，爸爸和干爹要去出差。 你在家里乖乖，要好好照顾爷爷，知道吗？听到这儿，婉婉瞬间兴奋了，拍着三尺小胸脯让爸爸放心。挂断电话，婉婉秒变开心脸，乖乖和顾方池等三哥来接放学。小女娃要上小学了，可她却并不开心，因为她看网上说小学老师不仅打小孩，还布置好多家庭作业。然而她并不知，她的小学班主任是自己师弟程景鹤。就在刚刚，绵绵老师组织大家去参观小学，顺便了解下小学生生活。婉婉一听，瞬间兴奋了。 毕竟一整天都可以不用上课。然而刚踏入小学大门，婉婉却瞬间哇哇大哭起来。绵绵老师看得一脸懵，一番了解才知婉婉怕被老师揍，还怕有更多的家庭作业要做。见绵绵老师突然不说话，婉婉以为自己说对了，于是更加惊恐。这时绵绵老师忍不住道：“为什么当小学生就要挨骂？”闻言，婉婉噼,噼里啪,啪啦说着 a b c，绵绵老师却愣了许久不吱声，然后就打电话和苏爸沟通了半小时。傍晚放学回家路上，苏爸便有意无意地提起上小学的事儿，果不其然，婉婉依旧一脸抗拒。 爸爸，我只要幼儿园文凭就够了，不需要上小学。见此，苏爸无奈摇头，只能向顾方池发射求助信号。片刻后，顾方池看向婉婉，一脸认真道：“婉婉不想和我上小学了吗？”闻言，婉婉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我想啊，还有小胖、白清玄一块儿，但我只想读幼儿园。可你已经是大班的小朋友了呀！婉婉继续摇头。 我再读十年大班也没关系的。眼见劝不动，顾方池只好放大招。婉婉，小学里面有个很大的小卖部，而且早上学校外面有很多好吃的。不出意料，婉婉这小吃货秒上钩。顾方池继续引诱，食堂阿姨每天给你打很多饭菜。不等顾方池说完，婉婉便迫不及待地答应了。爸爸，我要去上小学。闻言，苏爸欣慰一笑，好的，都听宝贝的。时间一晃，一个月后，婉婉正式踏入小学的大门。小池哥哥没有骗他。 小学里面真的有很大的小卖部。正当婉婉沉浸在其中时，并没注意迎面走来的一大帅哥。婉婉抬头的瞬间，才发现是自己的师弟程景鹤。然而，当他知晓师弟就是他的班主任时，他的小世界瞬间崩塌了。更让婉婉没想到的是，师弟就是为婉婉转校而来，因为他答应过师傅要陪着婉婉考大学的小女娃，仅六岁。 却肩负着时刻救人的使命。这天晚晚在家休息，突然看到网上报道最近天气过于炎热时，他就知道事情肯定没这么简单。果不其然，接下来的半个多月，许多地方因为高温引发山火，而最近突然冲上热搜的贵州毕节二十八森林火灾，也让我们不得不关注。目前已有消防战士牺牲的消息，还是祈祷贵州大火早日消灭，不要再有人员伤亡。正当晚晚陷入沉思之时，香德寿恰好赶来。苏爸一点不意外，甚至他早就把晚晚行李收拾好 看见婉婉准备离开时，哮天犬当即开始手舞足蹈庆祝。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苏爸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于是苏爸拿出狗粮道：“你也一起去吧。”哮天犬瞬间呆愣，不可思议地看着苏爸，那双眸子带着三分幽怨，三分无语。苏爸却不以为然：“看我干什么？婉婉都出去了，难不成你还想在家里葛优躺？”此话一出，哮天犬带着满屏的悲伤出发了。见此，婉婉也只是道了声：“爸爸，不要太想我。”便转身离开了。时间一晃，五小时后。 婉婉刚下飞机，就看见一排排的保镖，于是婉婉情不自禁地走到一个保镖面前，奶声奶气道：“叔叔，你们是怎么做到在四十三度气温下还穿两件衣服的？待会儿赶紧跟老板商量下，保住小命要紧。”闻言，保镖一脸感动：“打工人的苦，妹妹你是不懂。”就在这时，婉婉收到消息，火势快控制不住了，于是他们便火速前往火灾点。婉婉只是看过网上的山火燃烧，没想到看到现场火灾时，她简直震撼了。 他不敢有半刻犹豫，扯着嗓子大喊起阵。天师会弟子跟着挥舞起桃木剑，婉婉站在中间施起小魔法。下一秒，他就将一张五雷符丢向上空，符纸在空中迅速燃烧。紧接着，他口中不停的念着咒语，敢有为止，雷符不容。话音刚落，黑云一瞬间像要倾倒下来。片刻后，豆大雨珠掉落，随即变成瓢盆大雨，火势迅速被控制。怀玉失职，赶忙替婉婉撑起小伞。香德寿看得一脸懵逼，忍不住道：“我的呢？”婉婉则幸灾乐祸。 日常出行工具都不带，怪得了谁？这话一落，香德受气到颤抖。你你不尊重老人。婉婉凌厉道：“别乱说，我可是你小师姐。”小女娃要上小学了，可男人却失眠了三天三夜，心想：婉婉去上学哭了怎么办？练习题不会做怎么办？终于到了开学这天，苏爸顶着黑眼圈带着两个孩子去报到。他早就打听好了，两个孩子是同班。于是婉婉忍不住道：“爸爸，小胖和我们也同班吗？”苏爸微笑点头：“对啊，还有白清玄，你们四个。”见此。 婉婉开心的手舞足蹈，我昨晚就算了一卦，算到我能心想事成，果不其然，我们四个同班了。看到婉婉这么开心，苏爸也不好打破这气氛，毕竟自家闺女还是差了一点。婉婉这次考试年级第四十五名，但巧不巧，一个班只收四十四名学生，显然他闺女成绩够不上。幸好苏爸有钱，人家校长二话不说就给婉婉安排。这么想着，小胖估计也是如此，不然这个班级不会有四十六名学生。突然，一句小师姐将苏爸的思绪拉回现实，见此。 婉婉礼貌 say hello，但下一秒婉婉瞬间阴，想到小景师弟当班主任的日子，婉婉就哭笑不得。不等婉婉开口，陈鹤景补充道：“小师姐，我是特意为你申请调过来。师傅临走前交代我要好好教导你，将来考个好大学。”婉婉不安的挠头：“那我要是考不上咋办？”陈鹤景思考半晌：“如果给我一只猪，我也能让他考上。”闻言，婉婉只能认命，长叹一声道：“那师弟你得记得在学校天台安个栅栏。放心，我已经提前申请，过两天就会安装了。”这话一落。 婉婉秒变失魂落魄。男人为小女孩转校，只为辅导她读大学，可小女孩却直接拒绝。那什么，师弟啊，我打算读完小学就不读了，读大学怕是没机会了。陈鹤景一脸无语，他不可思议地看了眼苏爸，苏爸无奈扶额，我家这小崽子问丢死人。陈鹤景回想当初，婉婉其实很聪明，除了数学不敏感，其他东西一点就通。要不是众师兄弟宠婉婉，觉得婉婉小时候应该多玩玩，也不至于让他玩脱了不爱学习。 发现时为时已晚，不过婉婉还小，未来十几年肯定能考上好大学的。片刻后，他笑着轻声道：“小师姐喂，你这想法怕是只能想想了。”闻言，婉婉笑容一僵，瞬间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这哭声立马引来一阵围观。见此，婉婉秒收了哭声，然而下一秒，顾方池俯身安慰：“婉婉，你要是想哭就哭吧，我不会笑话你的。”听到这儿，婉婉又开始了肆无忌惮的哇哇大哭。“小池哥哥，我真的太惨了。”闻言，顾方池依旧暖心安慰着。 一旁的苏爸见状没脸看，心想他们苏家哪个不是精英，怎么到小女儿这就不行了呢？想到这儿，苏爸长叹一声，又不自觉的当起了女儿奴。小女孩正式开始上小学了，可男人却哭得稀里哗啦。知道的是送孩子上学，不知道的还以为嫁闺女呢。婉婉没眼看，奶声安抚爸爸：“我长大了，你要学会放手了。”可苏爸依旧泪眼汪汪。婉婉下午爸爸再过来，你要是想爸爸就打电话，爸爸马上来接你。婉婉一阵无语。 就在这时，陈鹤景来了，看到苏爸，他礼貌打了声招呼，接着道：“婉婉，学校不能带手机。”这话一落，苏爸瞬间尴尬到抠脚趾，带着婉婉手机便灰溜溜的离开了。婉婉长叹一声，解释道：“师弟，你别介意，我爸爸有分离焦虑。”沉默半晌后，陈鹤景无奈点点头，不说了，收拾下准备发书了。话音刚落，顾方池就马不停蹄的开始干活，而婉婉则和小胖闲聊起来。突然，他惊喜的发现小胖又瘦，婉婉瞬间不高兴了：“小胖，你竟然背着我减肥！”闻言，小胖嘿嘿一笑。 不好意思，我爸爸说小孩不能太捧。然后就每天早上带我去跑晚婉婉一脸羡慕，你爸爸真好。我爸爸每天都很忙，能抽时间陪我玩就很好了。但转念一想，婉婉也能理解，小胖家是他妈妈忙着赚钱，他爸爸只是去天桥底下贴膜，时间上相对自由，能陪小胖也正常。突然，小胖打断了婉婉思绪，忍不住道：“你是不知道我爸爸的陪跑方式，是他舒服的骑着小电驴看着我跑。”婉婉嘿嘿一笑，江叔叔还真会取巧。 只是看着瘦下来的小胖，婉婉也有了减肥的动力。于是回家后，婉婉便疯狂干了十碗饭。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嘛。小女孩只是想好好上的学，不料却总有人来找茬。这天，婉婉刚坐到位置上，突然身旁传来一句怒吼：“你快起来，这位置是我的！”婉婉完全无视。见此，郭巧巧怒气发飙：“我让你起来，你竟敢不起！”婉婉这小暴脾气，直接怒怼道：“先来后到，懂不懂？你去找其他位置坐吧。”闻言，郭巧巧眉头微皱：“只有最后一排座位了。”婉婉一脸奇怪。 那你就坐最后一排呀、啊！耐不住郭巧巧从小就被惯坏了，偏偏就喜欢婉婉这个位置。可婉婉也不是省油的主，坐在位置上就是不动。郭巧巧见状气坏了：“你要是再不让，我就告诉我爸妈，让我爸妈来收拾你！”来就来，不怕护！见婉婉一点不带怕的，郭巧巧立马怂了。就在这时，陈鹤锦恰好进来，婉婉赶忙乖巧坐好，郭巧巧也只能灰溜溜的回到座位。下一秒，陈鹤锦便让同学们开始做自我介绍。郭巧巧第一个发言：“大家好，我叫郭巧巧。” 我平时喜欢弹钢琴，还有唱歌，接着就有模有样的唱了起来。不料听完以后，只有婉婉一个劲的拍手叫好，郭巧巧却以为婉婉在羞辱她，便瞬间哭了。婉婉一脸莫名其妙。这时陈赫锦让婉婉发言，婉婉来了个查户口似的自报家门，小嘴叭叭叭说了整整三分钟，最后还自己写了首诗。他清了清嗓子道：剁椒鱼头、烤鸭、糖醋排骨、对虾、水煮肉片、凤爪、溜肥肠、炒豆芽。 肉串鸡架吃的那叫一个美哉，末尾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只有陈鹤锦笑容僵住，心想我这小师姐味真不愧是妥妥的小吃货。男人只是让小女孩做个三十秒的自我介绍，可小女孩却介绍了三十分钟，甚至还不忘提示一首，关键是提的诗词全是美食。陈鹤锦笑容僵住，他脸上不知道是震惊还是什么，反正这一刻他很想做玩偶。而此时本来一脸自豪的婉婉，正对上看着他的师弟，他赶忙低下头，迈着小碎步回到座位上。 刚到座位，小胖便忍不住夸赞婉婉：“你的诗好有魔力啊，我感觉我听得都饿了。”婉婉不好意思的嗨嗨一笑，可这一切都被陈鹤锦看在眼里。幸好这时铃声响起，婉婉刷的冲到食堂。阿姨，土豆小鸡来两勺，糖醋里脊少点，回锅肉可以有，麻烦米饭帮我压实。苏爸知道自己女儿的食量，于是早早就打过招呼。 因此，食堂阿姨也并没有感到惊讶，反而比婉婉想象中打的还多。见此，婉婉送上甜甜的笑容，以示感谢。这时，顾方池恰好来到食堂，婉婉见状，热情招呼：“小池哥哥，坐这里。”小胖一听，瞬间不乐意了，顿时酸溜溜道：“婉婉，你变了，你到底不是我最爱的婉婉了。”这话一落，婉婉一脸懵逼：“你为什么这么说？我还是我呀？”小胖撅着嘴，语气更酸了：“那你为什么只叫顾方池做？没有叫我做呀？”婉婉这才恍然，一时间哭笑不得。片刻后，他赶忙反驳道。 谁说我没给你占位置的？我对面不就是吗？小胖听到这里，瞬间喜笑颜开。我就说嘛，婉婉你怎么能不惦记着我呢？别的孩子都认真听老师说话，可小女孩却眼神暗示老师快下课。陈鹤锦看着婉婉那不安分的模样，无奈合上自己电脑，温和道：“同学们去外面排好队，等家长来接。”此时校门外，苏爸早就驱车在门口等候着。婉婉不意外的冲到最前面：“爸爸，你来了。”苏爸微笑点头，刚想询问今天上课怎么样。 却发现婉婉那空瘪的书包，愣是一本书没装。他一脸疑惑：“婉婉，你的书本呢？”婉婉奶萌应和：“有一半放在书桌里了，另一半小池哥哥帮我背着呢。他说书太多了，怕我背不动。”苏爸下意识的看了看顾方池那胀鼓的书包，心想：“我家这闺女还真是不客气。”一旁的顾爸哈哈大笑，忍不住夸赞：“好小子，干的不错，倒是有哥哥样，知道照顾妹妹。”见此，苏爸无言以对。回家路上，他又忍不住道：“婉婉。” 你以后也要自己背点书，不能全让小池哥哥帮你背。数量少就算了，但明显书本多的就像一座山。婉婉一听，瞬间心疼起顾方池，于是大方道：“那我明天把小池哥哥那份你背回来。”苏爸顿时愣住，道：“倒也不必这样。”好在第二天上学时，顾方池直接拒绝了。婉婉有些失望，下一秒她便快速夺过顾方池书包：“小池哥哥，我来背，我力气大着呢。”顾方池无奈摇头：“仅此今天哦。”小女孩明明走神想食堂饭菜，可她却开心不起 因为这小心思被陈鹤锦看穿，总是忍不住喊婉婉起来回答问题。婉婉欲哭无泪，师弟每次都能精准打断他，翱翔食堂饭菜。一节课过后，婉婉双目中带着麻痹。对此，陈鹤锦却十分满意。然而郭巧巧却不开心了，心想每次举手，陈老师都视而不见。于是他大声说要换座位，最后一排看不见。陈鹤锦瞬间呆愣，片刻后他解释说下午全班位置都有变动。这话一落，婉婉顿时瞪大双眼，看来和他小池哥哥要开始分隔两地了。想到这儿。 他心情瞬间一霾，可就在这时，郭巧巧开始撒泼：“我就要现在换，我要坐苏婉婉的位置。”婉婉一听，顿时不干了：“凭什么呀？你说要就要了，问过我意见没？再说了，你坐最后看不见，我就能看见吗？”郭巧巧被婉婉这番话怼哭了，婉婉赶忙给陈鹤锦递了一个眼色，陈鹤锦分分钟 get，随即开口道：“郭巧巧，来趟办公室。”一听要去办公室，郭巧巧立马止住了哭声，还不等他说什么，陈鹤锦便直接转身离开了教室，郭巧巧也只能灰溜溜跟了去。 而婉婉则露出了一丝幸灾乐祸的笑。男人承诺下午调座位，可女孩却偏偏要现在调。陈赫景无奈摇头，只能请郭巧巧办公室喝茶。待他离开后，同学们开始议论纷纷。郭巧巧就是仗着有两个哥哥护，才敢这么放肆。这次他哥哥成绩不如他，所以没办法和他同班。他家人还想使用超能力，没想到被人捷足先登了。婉婉这才恍然，他和小胖就是抢他哥哥名额的人。就在这时，郭巧巧恰好从办公室回来，婉婉下意识的看了过去，哪知郭巧巧怒气发飙。 看什么看？都怪你！婉婉心里一阵无语，但也懒得辩解什么。可下一秒，顾方池却忍不住道：“郭巧巧，道歉。”郭巧巧瞬间不乐意了，骂了声瘸子，便跑开了。这话一落，瞬间激怒了婉婉，当即撸起袖子想揍人，却被顾方池拦住了。婉婉眼圈一红，反倒委屈上了：“小池哥哥，你现在明明很健康。”顾方池知道婉婉是为了自己，但如果婉婉真把人打了，吃亏的就是他。可婉婉不这么想，心里不揍他一顿就是不解气。 谁知陈鹤锦这时又进来了，一眼便看穿撸起袖子的婉婉，于是语气中带着一丝严厉：“苏婉婉，马上上课了，你撸着袖子干什么？”婉婉顿时心虚：“我我没想着干什么呀。”一边说着，一边乖乖回到了座位。可郭巧巧逮着机会就告状：“老师，苏婉婉她刚想打我，那她为什么要打你？”郭巧巧瞬间呆愣，于是只能悻悻回应：“我哪知道她发什么疯？”见此，陈鹤锦看向婉婉：“他说的是真的吗？”婉婉眨,眨着卡姿兰的大眼，奶萌回应：“没有啊。” 我刚有点热，才撸起袖子的。郭巧巧见告状不成，着急抢话道：“你扯淡！”婉婉一脸不可思议：“你这小姑娘怎么说脏话？”郭巧巧顿时懵了、啊：“你怎么还说我的词呢？”婉婉嘿嘿一笑：“这词谁说算谁的。”气得郭巧巧说了实话：“老师，苏婉婉刚就是想打我，因为我说顾方池是瘸子。”这时小胖也忍不住插话：“老师，我可以作证。”闻言，陈鹤锦秒变严厉：“郭巧巧，道歉！”最后两人表面和好，梁子算是结下了。男人只是调个位置，可却惹得小女孩不高兴呢。 毕竟婉婉作为万年老一，永远都是稳居第一排，而顾方池那小高个直接被调到了最后一排。见婉婉眼圈微红，陈鹤锦不忍吐槽道：“小师姐，你别这样好不好？搞得他像拆散牛郎织女的王母娘娘似的。”婉婉一听这个比喻，瞬间顿了顿：“小景师弟，你是男的，自然不是王母娘娘，你是那条银河。”陈鹤锦一阵无语。婉婉虽然吐槽，但还是服从安排，只是不巧的是，不小心把郭巧巧安排到婉婉后面。见此，他赶忙想法子调开两人。 可两人一听却不高兴了，心想凭什么是我走？最后谁都不走，座位就这么定下了。放学路上，婉婉忍不住跟大哥吐槽。苏启怀眉头微皱，但想不起是哪个郭家，心想这么小就有心机，于是让婉婉少跟他接触。这时苏爸也插话道：“就是，要是他敢欺负你，你就揍他。”闻言，婉婉重复道：“以后他要是惹我，我就揍他。”苏启怀顿时苦恼，目光忍不住看向了苏爸，眼神中带着不赞同：“爸，你不要带偏婉婉。”见此，苏爸秒改口风：“宝贝。” 以后要是有人欺负你，你就告诉你大哥，你自己去揍人，把手弄伤了，爸爸会心疼。况且家里保镖那么多，用不着你自己出手。婉婉眨巴着大眼，麻木的点点头。爸爸，大哥，你们说的很对。而此时另一边，顾方池第一次回家跟爸爸告状，顾爸一脸惊奇，内心顿时被怒火填满，这是哪个郭家敢欺负我儿子和干女？于是俯身安慰道：“儿子，你放心，爸爸一定替你讨回公道。”第二天，两个爸爸不约而同来学校，明明是男人想替女儿讨回公道。 可吓得发抖的却是男人。这天，郭巧巧被气哭后，便马上回家跟爸爸告状。于是第二天，三方家长纷纷来到学校。郭爸首先找到陈鹤锦质问：“你是怎么当老师的？我女儿为啥开学第一天就被欺负？”陈鹤锦推了推自己眼镜，内心却毫无波澜。“郭先生，我们这里是小学，不是幼儿园。如果您觉得老师是保姆的话，麻烦另请他人。”郭爸眉头微皱：“我只是要求施暴者一个道歉。你错了，郭先生，你女儿才是施暴者。”郭爸一脸茫然。 我女儿这么乖，怎么会？一旁的郭母忍不住帮腔：“是啊，我们女儿向来乖巧，只是想换个座位，却被老师你羞辱。”程鹤锦眉头一挑：“郭同学，你就是这么跟你父母说的？”郭巧巧红着眼眶不说话。程鹤锦了然，也不再说什么。这时苏顾两家也正好赶来。程鹤锦看见婉婉，心里怒气瞬间消散。婉婉蹦跶着走了进来：“陈老师，你还没吃早饭吗？巧巧，我给你带了李记的小笼包。”见此，陈鹤锦感动万分，吃货小师姐还能给他留口粮，实属难得。 郭爸见陈鹤景对婉婉的态度，瞬间不高兴了。陈老师，你什么意思？陈鹤景一脸严肃：“郭先生，请自重，不要用你所谓的权利来施压，我不吃这个。”郭爸顿时被气得脸上五彩斑斓。这时苏爸忍不住发声：“我们家闺女从不欺负同学，但也不能任人欺负。”紧接着顾爸冷哼道：“我还想看看是谁欺负了我儿子，没想到你们家到恶人先告状，小屁孩！” 快给我儿子道歉！谁知郭巧巧一听，瞬间哭了。见此，婉婉也不甘示弱，直接一屁股坐下，哇哇大哭，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郭巧巧是说谎精，明明是她先说小池哥哥是瘸子。郭母一听，并不觉得女儿说错了，所以并不以为然。而此时，顾爸脸色顿时巨变，空气冷得令人窒息。郭爸自觉事情不妙，毕竟郭家掌权人是自己弟弟。虽说郭家涉及产业众多，但财力远不及苏顾两家，于是他只能喝令女儿快道歉。郭巧巧被吓得一脸懵，见此。 郭爸加重了语气，郭巧巧只能哭唧唧道：“对不起，我错了。”顾方池毫无波澜，只是礼貌对着陈贺锦：“陈老师，我和婉婉先去上课了。”然而没过三秒，婉婉不忘折回提醒：“对了，郭叔叔和阿姨，你们出门要小心，不然可能被突然掉下的大椰子砸中了。”这话一落，瞬间气炸两人。可半小时后，郭巧巧果真听到爸爸被椰子砸中的消息，她只能心里喃喃：“苏婉婉真是个乌鸦嘴。” 小女孩第一次见同学爸爸，却当面说她今天会被椰子砸。郭爸气急败坏，半小时后，他果真被椰子砸中进了医院，幸好没有砸中要害，一周后平安出院。可郭巧巧祸从口出，顾爸不管做什么都要针对郭爸，因此郭巧巧这段时间乖巧的不行，可全班都针对他，让他心里很难受。这天，婉婉正和其他同学玩着皮筋，郭巧巧走过来，趾高气昂道：“苏婉婉，我也要玩。”婉婉忍不住回怼：“你要玩，可我们不想和你玩。”这话一落，郭巧巧瞬间怒了。 苏婉婉，别太过分！信不信我告诉程老师？婉婉也不带怕的，你去啊！程老师也不敢收拾我，实在不行你报警吧。郭巧巧见婉婉这么有恃无恐，越想越生气。见婉婉玩那么开心，她顿时升起一丝坏心思。在众人没有反应过来时，她朝婉婉后腰踢了过去。顾方池站在一旁，想立马上前阻止，幸好婉婉眼疾手快，成功躲闪开。而郭巧巧一个不小心，摔了个四仰八叉。见此，顾方池赶忙上前问婉婉。 有没有受伤？婉婉疯狂摇头。我早就注意到他要踢我了。顿时，只有郭巧巧哇哇大哭起来。正巧上课铃声响起，只有婉婉愣,愣在原地。小池哥哥，我们要不要走啊？闻言，顾方池思考半晌，不行，我们得去找程老师。于是，婉婉立马给陈鹤锦打了个电话。不到一分钟，陈鹤锦匆匆赶来，见情况不妙，他赶忙将郭巧巧送医务室。幸好只是一点擦伤，陈鹤锦这才松了一口气。但郭巧巧一直哭个不停。 陈鹤锦赶紧了解事情起因经过，随后又调了监控视频，才通知了郭母。不出意外，郭母一来就破口大骂。婉婉没眼看，怒气回怼：“我们小景是小学老师，不是保姆。你孩子自己不小心，怎么还教育起老师来了？”见此，郭母怒气更甚，每次都是因为你我女儿才出事。婉婉冷哼：“我还想说你抢了我的词呢。”陈鹤锦见状，帮腔解释事情经过，谁知郭母不依不饶，还说要投诉他。婉婉见不得师弟被投诉，恶狠狠回怼：“你家孩子怕是没断奶吧？” 实在不行，别读书了。郭母气得无言以对，牵着郭巧巧就回家了。婉婉看着这一幕，却瞬间沉默了。陈赫景发觉不对劲，忍不住问婉婉怎么。婉婉眼里有些羡慕，口中喃喃：“郭巧巧家里人虽奇葩，但她有个为她着想的妈妈。如果我妈妈也在，肯定也会这么保护我的。”陈赫景没有接话，倒是小胖拍了拍三尺小胸脯：“婉婉，没关系的，我可以把我妈妈送给你。”婉婉疯狂摇头：“别，你妈妈宠爸爸可是出了名的，要不起。”小胖眼睛一亮：“婉婉。” 你怎么这么聪明呢？婉婉嘿嘿一笑，那可不，毕竟有爸爸和六个哥哥排队宠我，外加干爹和小池哥哥，我能不聪明吗？见此，陈鹤锦没眼看，小师姐这自恋劲也不知随了谁。小女孩只是作了点，没想到连家都丢了。这天，苏爸得知婉婉被欺负，直接联手顾家将帝都郭家给端了。郭爸气急败坏，回家就把妻女狠狠骂了一顿。郭巧巧眼眶一红，骂我干什么？都怪苏婉婉。是啊，你是不知道。 今天我们女儿被欺负成什么样？尤其是她那班主任一点面子都不给，还有巧巧那些同学全都向着苏婉婉。就算是巧巧先动手打人，那也是因为那孩子该打。这话一落，郭爸瞬间如梦初醒，是自己和妻子太宠孩子，才会让他变得这么肆无忌惮。思考半晌后，郭爸眼神中带着一丝严厉。等下周巧巧就回江南读书，我们一家人都回去。郭母一听，瞬间不高兴了：凭什么？我们在帝都待得好好的，苏婉婉你不教训，看把我们女儿欺负的都受伤了。郭爸头疼炸裂，行了。 别吵吵！程老师早就把监控发我了，是巧巧自己先动手的，怪不了谁。因为这也是苏顾两家给郭家下的最后一次通牒。听到这儿，郭巧巧顿时头皮发麻，脑海中浮现江南那不苟言笑的小叔叔。可任凭他怎么不愿意，他也不敢直面郭巴。而这一幕恰好被躲在房间的两个哥哥看见，他们紧紧拽紧了自己的拳头，发誓一定要狠狠教训苏婉婉。两男孩本想替妹妹教训小女孩。 不料却反被小女孩揍。这天晚晚刚去洗手间，两男孩见厕所没有其他人，便紧随其后。当晚晚准备离开厕所时，就听见厕所门啪嗒一声。晚晚当即想打开，却发现门好像被什么抵住，心想下节是小景师弟的语文课，要是迟到肯定会被收拾。于是他来不及多想，赶紧大吼道：“快把门给我打开！”闻言，两男孩冷哼：“这就是你欺负我妹妹的下场。”晚晚一脸茫然，门外两人的声音如此陌生。随即两人又发出警告：“要是再敢欺负我妹妹，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这话一落。 婉婉瞬间恍然，你们妹妹就是郭巧巧吧？两男孩瞬间呆愣，明明传言苏婉婉不太聪明，怎么这么容易就猜到了？可转念一想，猜到又怎么样？婉婉呵呵两声，你猜我会怎么样？当然是暴揍你们一顿！接着二人齐刷刷看见头顶出现的小胖手。十分钟后，只见婉婉帅气的走出厕所，口中不停喃喃：“你们今天运气好，要不是怕迟到被我家小景师弟收拾，我肯定揍到你们屁股开花。”说完，婉婉朝教室狂奔而去。见时间来不及，婉婉立马开始飙奥斯卡演技，程老师。 对不起，我拉肚子才迟到的。陈鹤锦见婉婉那九分考眼、一分真情实录的夸张演技，只是嗨嗨一笑，行了，快回座位吧。婉婉瞬间如释重负，可屁股还没坐热就被陈鹤锦叫起。婉婉上来默写一下声母韵母，一瞬间，婉婉犹如晴天霹雳。 但幸好昨晚小石哥哥给他开小灶，于是婉婉潇洒上台，轻松默写完成。陈赫景十分满意，婉婉成功躲过一劫。而此时另一边的郭家两兄弟也被班主任质问，谁知两兄弟颠倒黑白，污蔑婉婉。事情很快就传到陈赫景这里，他眉头微皱，正纳闷这事儿，于是他提前调取了监控，才带着婉婉去找二班班主任林老师。我们班婉婉虽然调皮，但从不会随意欺负人。你们班两孩子才一年级就进行校园暴力，长大还得了？我要向学校申请。 劝退这两个学生。林老师见事情不对，赶忙把郭家两兄弟喊来。陈鹤锦见到受伤的两兄弟，立马用眼神询问婉婉怎么回事。婉婉有点害怕，紧张地搓了搓手道，道：“抱歉，一时没忍住。”可陈鹤锦却道：“这次下手怎么这么轻？”婉婉瞬间愣住，随即忍不住道：“我也不想，那时候不是快上课了吗？何况还是你的课，想着迟到了肯定要被你收拾。”见此，林老师还想说些什么，陈鹤锦直接甩出监控，林老师只能乖乖给郭爸打去电话。半小时后。 郭爸急匆匆赶来学校，结果发现儿子欺负的是苏婉婉，脑袋里那根弦瞬间裂开。男人只是去了趟学校，却差点晕倒，只因两倒霉儿子偏偏又招惹了苏婉婉。见此，郭爸气不打一处来，直接给两儿子一大逼兜：“你们真是厉害呀、啊，这么丢人的事情也能干得出来！一年级就敢进女厕所，长大了还得了？”两兄弟第一次见爸爸这么生气，顿时都不敢吱声。一旁的陈鹤锦顿了顿，心想：郭中从进门开始都只是一味的在责备儿子，却从没想过让自己儿子道歉。 于是他忍不住的开了口：“郭先生。”不等陈鹤锦说完，郭爸却开始和稀泥：“陈老师，您看就是三孩子的打闹，我替我儿子向婉婉道歉。”正准备弯腰道歉时，却被婉婉无情拦下：“不好意思，我不接受你的道歉。”见此，郭爸眉头微皱，转念一想，毕竟是苏家的女儿，也不好得罪，于是赶紧道：“婉婉，两个哥哥不是故意的。”闻言，婉婉两眼一翻：“你当我三岁小孩呢？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话音刚落。 郭爸顿时有些不好意思，因为说这话时，他确实自己都不信。这时，婉婉眨巴着卡姿兰的大眼，带着一丝严厉道：“叔叔，你两个儿子说要给郭巧巧报仇，难道你没告诉他们郭巧巧是自作自受吗？”郭爸顿时无言以对。没成想，这时大儿子郭顺忍不住呵斥：“你扯淡！我妹妹说就是你欺负的她，如果不是你，班上的同学怎么会孤立她？”婉婉冷哼一声。程鹤锦也适时开口：“郭先生也听见了。至于两位同学，我会上报给学校，给您做好思想工作再退学。”话音未落。 郭忠顿时勃然大怒。男人本以为儿子只是调皮，不料刚到学校，却被通知儿子要被开除。郭忠当即大怒：“程老师，你不要太过分了！”程鹤锦完全不为所动：“我曾经告诉过尊夫人，我来当老师是因为婉婉。你的任何手段在我这不管用，毕竟我程家也不是任人欺负。”听到程家，郭忠脸色瞬间惨白。之前他一直以为程鹤锦可能和苏家有关系，但从来没有想过程鹤锦是来自出过不少人物的程家。下一秒，他忍不住把气撒在两儿子身上。 看你们干的好事！郭顺委屈极了，大吼：“我没错！”巧巧不过说顾方池是瘸子。闻言，婉婉眉头一皱，脸上顿时一黑：“你说谁是瘸子？信不信我把你揍成瘸子？”哼哼，我说的是事实。婉婉庆幸顾方池不在这里，不然他该伤心了。正想着高低都要给郭顺两拳，却被陈鹤锦一把拉住。而郭忠知道自己要完了，于是赶忙带着两儿子离开。半小时后，苏爸得知女儿被关厕所，于是带着儿子匆匆赶来学校。见此， 婉婉瞬间哇哇大哭，喊爸爸：“你怎么才来？对不起，爸爸有点头眼昏花，可能要生病了。”闻言，婉婉瞬间止住了哭声：“爸爸，你不是生病，应该是近视了，毕竟年纪大了吗？”苏爸一脸无语，看来我家小棉袄漏风了。这时，苏雨诗补充道：“婉婉，你别听爸瞎说，你看他平时打我们的样子，就算跑个十公里都不在话下的。”最后还是苏启怀靠谱，他上下检查婉婉，确认没受伤，才心疼的问道：“欺负你的两小孩呢？被他爸爸领走了，不过小景师弟说要把他们开除了。” 开除是不是以后就不能读书了？苏启怀以为婉婉觉得这样不好，于是赶紧解释道：“他们会去别的地方读书的。”闻言，婉婉满脸失落。他们这种人还不如不读书呢。苏启怀轻声道：“婉婉，放心，我不会让他们郭家好过的。”婉婉不懂大哥的意思，但隐隐觉得郭家要被收拾。当天晚上，婉婉正熟睡时，郭忠宣布了破产。男人万万没想到自己竟在一夜之间破产。第二天，他便灰溜溜地跑回江南郭家。然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又被郭破拒之门外。郭忠一脸不可思议，郭破。 我可是你大哥，郭阔连一个眼神都没给，然后默默转身离去，并留下一句：“记得跟苏婉婉道歉，不然别想回家。”郭中顿时血液凝固，心想他和这个弟弟没有太多交情，从小到大甚至到现在，恐怕见面不超过二十次。没想到他竟和苏家有关系，但突然他又想到了什么，一把将郭巧巧推出来：“我的死活可以不管，总要管管他侄女吧？”管家顿时愣住：“先生说了，找谁来都不顶用。”这话一落。 郭中知道自己这辈子完了，而此时另一边的婉婉并不了解郭家的惨状，只是郭巧巧的转学让他耳边瞬间清静了不少。想到之前郭巧巧坐他后面，不是用笔画他衣服，就是用力扯他头发，其中一次更过分，趁他不注意把板凳给拖走了，幸好被白清玄看见。想着终于不用再见郭巧巧，婉婉心情也好了不少，于是他蹦跶的去找顾方池，小池哥哥，我们一起去玩吗？岂料顾方池一脸不开心，婉婉却一脸懵逼，奶萌问。 小池哥哥是咋了？到底谁招惹他了？就在这时，顾方池一脸委屈：“婉婉，你最近都不来找我。”婉婉恍然大悟，发誓道：“小池哥哥，那我以后争取每天都来找你。”这话一落，顾方池终于露出了一丝帅气的笑。小女孩只是不小心对上男人视线，却喜提一个纪律委员。这天，陈鹤景开始选班干部，岂料话音刚落，却迟迟不见有人上来竞选。陈鹤景一点不意外，于是微笑道：“那我直接点名喽。”说完，他直接把目光看向婉婉。 婉婉也不小心对上他视线，不料下一秒就听到：“苏婉婉，你平时就是个小话痨，纪律委员就归你了。”见不好驳了小景师弟的面子，婉婉只能强颜欢笑接受。没过三秒，陈赫景便忍不住喊话：“苏婉婉，以后班上要是有人讲话，我不找他们就找你。”闻言，婉婉拍着三尺小胸脯道：“小景老师，你放心，我保证做好班干部工作。”陈鹤景微微点头：“那真是辛苦你了。”婉婉受宠若惊：“不辛苦。” 我命苦而已。紧接着，顾方池成了班长，白清泉成了宣传委员，小胖成了生活委员。不出一个月，四人帮把班级管理得井井有条。唯一不足的是，小学课程比幼儿园丰富了不少，导致户外运动也变成一周仅有两小时。婉婉根本玩不尽兴，尤其是他们班体育老师经常生病，以至于两小时的户外运动都变成没有。婉婉皱了皱眉，这天终于忍不住了，他气冲冲跑到体育老师办公室。见婉婉进来，体育老师眼神中带着一丝疑惑：“婉婉，你怎么来了？”婉婉不吱声。 只是把手中的东西摊开，然后取出一根最大的银针，吓得体育老师脸色惨白。小女娃只是没体育课上，却拿着银针冲到体育老师面前，吓得体育老师一阵哆嗦。婉婉，你这银针哪来的？婉婉奶萌道：“是我师兄送给我的遗产。”话音刚落，体育老师一脸尴尬：“抱歉，我不知道你师兄英年早逝。”婉婉疯狂摇头：“不不不，我师兄活得好好的，本来让师兄等他走后再送我的，但他见我等不及，就提早送我了。” 体育老师恍然大悟：“那你拿着银针想干嘛？”婉婉晃悠着小脑袋道：“所有老师都说您身体不好，恰好我没别的本事，就是医术还可以。只要您让我给您脑袋扎上两针，保证您健康又长寿。”说完，婉婉正想着应该怎么下手，体育老师慌忙躲闪：“我谢谢您嘞，老师身体好的很，你要是想玩 cosplay 医生，回家玩哈、啊。”见此，婉婉无奈摇头：“老师，我来真的呀，为了我以后能正常上体育课，麻烦您配合下，有病就得治。什么嘛，我没病。”婉婉愣了三秒，继续道。 神经病的病人也常说自己没病。紧接着，婉婉露出容嬷嬷般的笑容，嘿嘿两声，把体育老师逼到墙角。幸好陈赫锦这时赶来，他眼神中带着严厉：“苏婉婉，你拿着莫金春的银针干什么？”婉婉疯狂摇头：“不不不，小景老师，你搞错了，现在这银针是我，我来给体育老师治病了。”闻言，陈赫锦嘴角一抽，心想：“我这小师姐真能惹事。”见此，体育老师赶忙表示：“陈老师，快把这小祖宗领走吧，我没病。”话音刚落，婉婉立马回头。 老师，你别骗我了！我知道你有病。体育老师就差哭给婉婉看了。正当婉婉还想反驳时，就被陈鹤景一把抱起。你到底听谁说的体育老师生病的事？婉婉昂着小脑袋道：“所有老师都这么说呀。”接着一一细数着谁说的。体育老师顿时一脸尴尬，他很想解释，却又不知道怎么解释。陈鹤景一脸哭笑不得。婉婉，体育老师真的没生病。婉婉撅着小嘴不开心，他就是有病，不然怎么不给我上体育课？见此， 体育老师立马发誓：“婉婉，你放心，以后老师一定准时给你们上体育课。”这话一落，婉婉这才松了口。那好，你要是不舒服，一定要告诉我，我的医术还是很厉害的。小女娃只是拿出银针，竟下的男人不敢缺席体育课。这天阴雨绵绵，婉婉没办法外出游玩，因此体育课改成自习课。可即便是这样，婉婉还是很开心。就在这时，数学老师正好过来，他看到体育老师后瞬间呆愣，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道：“体育老师，这节课我来上吧。”这话一落。 体育老师如鲠在喉，赶紧露出一个礼貌又尴尬的微笑。不不不，还是我自己来上。数学老师眉毛一挑，不明白体育老师今天是怎么了，于是缓缓道：“体育老师，你不是生病了吗？这节课还是我来上吧。”体育老师欲哭无泪，想到婉婉那容默默似的银针，他就开始头皮发麻。于是他语气严肃道：“数学老师，我身体很好，就算现在跑二十圈都没问题。”可耐不住数学老师不听，直接将书本丢在讲桌上。见此，婉婉飞速拿出银针晃了晃。 体育老师见状，眼睛狂抽。数学老师，我今天真没生病。数学老师有点莫名其妙，忍不住问体育老师今天怎么回事。体育老师不吱声，只是把目光看向婉婉。婉婉瞬间恍然大悟，仿佛明白了什么。下一秒，他大吼一声道：“老师都说了，咱有病得治。虽然我很想上数学课，但还是觉得先给你治病更重要。”数学老师秒懂，十分迅速改口道：“那什么，你们体育老师没有生病？我突然想起还有事儿，我先撤了哈。”婉婉一脸得意，看谁还敢抢体育课上。 先问过我银针答不答应？男人只是伸了个手，却迎来一个充满关心的大逼斗。这天晚晚刚放学回家，就看到许久未见的二哥。晚晚一跃三尺高，精准跳入二哥怀抱，然后奶呼呼问道：“二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苏雨士哈哈一笑：“刚到啊，这不想我家小朋友吗？”晚晚奶萌回应：“晚晚也好想二哥呀。”这话给苏雨士高兴的手舞足蹈，紧接着便询问晚晚最近在学校过得怎么样。闻言晚晚义愤填膺把瞧瞧的把郭巧巧的事说了一遍。 你说他是不是很过分？小池哥哥明明是正常人，而且浑身带着紫气。要是我是郭巧巧，恨不得做个小跟班，以后准能跟着吃香喝辣的。苏雨石眉毛一挑，你跟顾芳池好，也是因为他浑身紫气？晚晚疯狂摇头，当然不是，我和小池哥哥有缘，我们做朋友就是正常付出。小池哥哥是我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哥哥，也是最亲近的亲人。这话一落，两父子瞬间吃起了三十年的老陈醋。苏雨石更是啧啧两声。 是是是，他是你最好的哥哥，我就不是了吧。婉婉点了点头，你确实不是。苏雨石顿时无言以对。见此，婉婉眯了眯眼，你是我最爱的二哥。闻言，苏雨石瞬间呆愣，笑骂道：“就你嘴甜。”婉婉有点不好意思，转过头看着苏爸：“你是我最喜欢的爸。”这波操作下来，终于把两父子哄开心了。就在这时，三哥喊大家开饭了。婉婉发现自己有点啃不动骨头，于是赶紧摸了摸自己的门牙，才发现牙齿松动了。恰好这一幕被三哥看见了。 三哥暖心问道：“怎么了？是不是磕着牙了？”婉婉摇摇头：“不是，是我要当老奶奶了。”见此，苏雨石赶忙补充道：“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入土？”话音刚落，苏雨石便喜提老父亲的大逼兜。他委屈，他不说。呜、嗯。这时苏爸科普道：“婉婉应该是要换牙了。”苏雨石一脸好奇，赶忙凑过去瞅瞅，还不自觉的伸手碰了下。下一秒，婉婉的门牙就这么掉了，一口鲜血哗哗直流，吓得婉婉瞬间哇哇大哭。苏雨石也顿时蒙圈。 心想肯定要被老父亲暴揍，只有三哥最理智，直接喊来家庭医生，上下检查一番后，确定只是换牙的年纪才自然脱落。苏雨石内心无比愧疚，苏爸满脸心疼，最后还是婉婉一笑泯恩仇：“爸爸，我的牙齿早就松了，不怪二哥，要生就生我的气吧。”听到这话，苏爸顿时气全消，但还是佯装生气道：“我生你的气和生你二哥的气有什么区别吗？”婉婉点了点头：“当然了，区别可大了。爸爸生二哥的气，那二哥肯定得挨揍。二哥是直男。” 不会哄爸爸开心，我就不一样了。我是爸爸贴心小棉袄，你生气我就来哄你。见此，苏爸憋不住的笑了。苏雨石更是感动的一塌糊涂。妹啊，你真是太好了！我苏雨石这辈子真是造了什么孽？哦，不对，是做了什么大善事才能遇到你这么好的妹妹？小女娃只是掉了两颗门牙，竟要跟师弟绝交。这天晚晚正上课，可却一点心思没在课上。见此，陈鹤锦点名让晚婉起来认字。晚晚瞬间呆愣，随即念道：“黑化肥飞哈，发飞会哈飞。”然后念着念着。 程鹤锦发现小师姐说话漏风，声音也小，便忍不住问道：“婉婉，你怎么了？”婉婉疯狂摇头，没事没事。紧接着露出一个自己招牌式的笑容。这下好了，程鹤锦终于发现婉婉门牙掉了。待婉婉坐下后，他还是没忍住，扑哧一下笑出了声。毕竟小师姐缺门牙的样子实在是太喜了。见此，婉婉立马嘟着小嘴，眼神幽怨的看着台上的小景师弟。程鹤锦假装没看见，清了清嗓子道。 今天课就上到这里，下课吧。说完，陈鹤锦直接回了办公室，婉婉紧随其后。带陈鹤锦回到办公室坐下，婉婉就对着陈鹤锦大声道：“小景，你笑发窝，我要跟你绝交。”这话一落，瞬间引起了体育老师的注意。他语气夸张道：“婉婉，你怎么说话漏风了呀？”婉婉一听，不但没有闭紧嘴，巴，而是张开嘴回应：“我的牙齿掉了。”小景笑发我，我要跟他绝交。体育老师一听，顿时乐了：“那陈老师是怎么笑话你的？”呀？ 婉婉昂着小脑袋回应，他上课的时候笑了，扑哧一声，全班都听见了。说完，婉婉痛苦地捂着自己的胸口，他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一旁的陈鹤锦终于忍不住了：“婉婉，我不是故意笑话你的。”婉婉听到小师弟道歉，顿时心情好多了。谁知下一秒，陈鹤锦继续道：“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才笑话你。”闻言，婉婉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随后咆哮道：“陈鹤锦，我要跟你绝交，不会和好的那种绝交。”陈鹤锦眉毛一挺，那好吧。” 等会儿你回教室，让语文科代表把作业收过来。婉婉下意识的点了点头，好的，然后迈着小碎步离开了办公室。别家孩子不是学钢琴就是学跳舞，可女孩却只要玩得开心就行，这都归咎于苏家宠孩子。不过陈鹤锦觉得婉婉这样无忧无虑也好。这天婉婉照常准备去跳皮筋，结果却被一个男孩拦住了去路。婉婉脚下一顿，上下打量了一番，道：“你是谁？找我有事吗？”男孩点了点头，我是三班的。婉婉恍然，好像有点印象。男孩有些受宠若惊，没想到婉婉还记得他。 激动过后，男孩有些不好意思：“你记性真好。”说完，男孩这才想起自己的正事。对了，你最近听说顾方池的传闻了吗？婉婉眼神疑惑，随即摇了摇头：“没有啊。”听到这儿，男孩娓娓道来：“顾燕总说顾方池的坏话，还说他是天煞孤星。”说完，男孩赶紧表明自己的立场：“我是很喜欢你和顾方池，我知道顾方池不是这样的人。”婉婉心里已满是怒气，她看了一眼小男孩，然后折返回教室，从自己书包里掏出一大包饼干给他：“谢谢你特意来告诉我。” 这是我会处理的。男孩一脸惊喜，没想到只是告诉婉婉顾雁的事，婉婉就给了他这么多的小饼干。于是他继续补充道：“我们老师很喜欢顾雁，所以我们班其他人去告顾雁的状，却反被老师骂了。”婉婉眉头微皱，皮筋是跳不下去。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怎么收拾顾雁，但他现在可是好了。小景师弟说了，好儿童不可以打架，有事要记得找他。于是下课铃一响，婉婉便飞速跑去找陈鹤景。小女孩前一秒帅气揍人，下一秒却认怂道歉。 这天晚晚听到顾燕说顾方志坏话，便着急跑去找陈鹤景告状。陈鹤景黑脸听完，才把目光投向三班班主任林老师：“这事你怎么看？”晚晚不知林老师就是顾燕班主任，只是一直不太喜欢这个林老师，毕竟爱课上拖堂，还会在课堂上经常骂孩子。于是看得他更加焦急。小景，你问他干什么呀？你倒是自己出出主意啊！陈鹤景略作苦恼，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呀。晚晚一听，顿时更急了。 你怎么能不知道怎么办呢？换作我是你，我就直接甩三班班主任两个大逼脸，问问他为什么不好好管教自己的学生。这样的老师肯定品德不行，学校还要他干什么？这话一落，在场的林老师气得噌的站了起来，吓得婉婉顿时一愣。陈鹤景见状，揉了揉婉婉小脑袋，算是无声的安慰。紧接着，他抬起眸子，语气严厉的：“林老师，我还不知道你们班竟有这风气。”林老师是新任班主任，听见陈鹤景这么说，顿时慌得一批。而婉婉这才反应过来，声音陡然拔高：“什么？” 你就是三班班主任。婉婉思考半晌后，继续质问道：“顾燕在你们班说别人坏话,话，你为啥不管管？”见此，林老师赶忙狡辩说不知道这事，气得婉婉瞬间暴怒。你们班好多同学都告状，你不但不理，还骂了告状的同学。林老师一听，脸上顿时乌云密布。陈鹤景也不再多言，只是道：“婉婉，你去把顾燕叫过来。”婉婉瞬间眼睛亮了，你要收拾他了。陈鹤景懒得回答，只是让婉婉快去。 见此，婉婉二话不说便跑到三班。可顾燕完全不听婉婉说什么，刚想挣扎，却被婉婉呵斥：“你要是不听话，信不信我揍你？”顾燕瞬间秒怂，跟着婉婉去了办公室。在去途中，顾燕想起几年前在顾家，眼神中就充满了怨恨。要不是苏婉婉，他还是顾家的少爷。可因为她的出现，一切都变了。突然，他大骂婉婉，气得婉婉直接暴揍了他一顿。终于来到办公室，婉婉开始有些心虚。他悄悄走到陈鹤锦身边，道：“他骂我，我生气了才揍他的。”不等陈鹤锦说什么。 婉婉赶紧，小景老师，我错了，你想怎么罚我都没关系。见陈赫景不吱声，婉婉小嘴继续叭叭吧。小景老师，你给我爸爸打电话吧，让他带医生过来，咱该赔钱赔钱，该认错认错。见此，陈赫景只能给两方家长打去了电话。小男孩被揍，女孩却很开心的给他道歉，甚至叫老师打电话给他爸爸，带上家里医生来给小男孩医治。见此，陈赫景拨通了苏爸电话，不料苏爸听说女儿在学校打架，第一反应不是关心女儿受伤没，而是觉得女儿平时很乖。 不可能随便的，一定是别人先欺负自家闺女。这话一落，陈鹤锦无奈摇头：“小师姐没长歪，真是万幸。”而苏爸不等陈鹤锦说完，便气呼呼地惊现他办公室。陈鹤锦满脸惊讶：“一共不到三分钟，苏爸是开火箭来的吧？”似乎读懂了陈鹤锦眼神中的疑惑，苏爸赶紧解释：“你给我打电话时，我刚好在校门口。”陈鹤锦心想，恐怕不是刚好，而是一直在吧。于是他忍不住问道：“婉婉爸爸，这是守在学校门口，就这么不经意被拆穿？” 苏爸多少有些不好意思，他慌忙补充道：“还不习惯晚晚上小学，所以来看看。”陈鹤锦听后再次陷入了沉默。这时，苏爸终于注意到了顾雁，看到顾雁后，他很是惊讶。想到曹叔的事情过去快三年，顾延庭没有对曹叔母子赶尽杀绝，曹叔入狱，顾雁被送到孤儿院，没想到还能再遇见。但晚晚这次把人揍得有点狠。见此，苏爸当即打电话让律师和私人医生过来。就在这时，顾雁家长也匆匆赶来，见到自己爸爸，顾雁哭得更凶了。顾健一脸心疼，问道。 小燕怎么受伤了？顾雁像是立马找到主心骨似的，大吼道：“爸爸，都是他欺负我！”婉婉也不怕，当即叉腰道：“欺负你怎么了？是你自己嘴巴欠收拾！”话音刚落，顾剑眉头微皱，对着婉婉厉声道：“给我儿子道歉！”婉婉也不纠结，赶紧道：“顾雁，对不起。”见此，苏爸也随即开口：“顾先生，抱歉，一切医疗费用我家承担。”对方态度这么好，顾剑瞬间不知如何开口，唯有顾雁不依不饶：“爸爸，他们就是故意的！”说完，顾雁气冲冲看着婉婉：“我问你。” 你是不是故意打我的？婉婉眨,眨了眨眼，我就是故意打你的，不然我干嘛要打你？这话把顾燕问懵了，他觉得婉婉说的对也不对，但一时间他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见此，苏爸心里暗自发笑，没想到自家闺女这么……这时，陈鹤锦适当开口道：“顾先生，今天我找你，不完全是因为婉婉打，还因为顾燕很喜欢说别的孩子坏话,话。我们学校能管孩子学习，能纠正孩子品性，但倘若孩子自己不肯改正，那我们学校也没办法。”顾健有些慌张，这话的意思是让儿子退学。 于是他赶忙解释道：“老师，我儿子平时在家很乖的，不可能说别的孩子坏话。”见此，苏爸插嘴道：“我女儿平时在家也很乖，但她打人贼。”话音刚落，顾剑无言以对。这时，陈鹤锦问顾雁：“你知道错了吗？”顾雁咬着牙不说话。顾剑有些急了：“你倒是说话呀！”顾雁才立马吼道：“我没错，都怪苏婉婉和顾方池，我妈妈才会入狱，我才会被送进孤儿院。”婉婉见顾雁那不服气的样子，顿时手又痒了：“你是不是还想挨揍？”说着就要撸起袖子。 幸好苏爸及时拉住。此时顾剑眼神中充满惊讶，不敢相信儿子竟会说出这样的。毕竟是曹叔自己做错了事，怪不得任何人。但顾燕完全没心情听，反而骂顾剑没本事，他才会被欺负。顾剑顿时脸上通红，对着陈鹤锦道歉：“老师，是我没教育好孩子，麻烦您再给孩子一次机会。”陈鹤锦没说话，顾健了人。 便带着顾雁回家了。一时间，林老师脸色发白，几次想开口都不知如何开口。见此，陈鹤景淡淡道：“我会跟校长说这件事。”刹那间，林老师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当女孩只是去了趟老师办公室，回来却哭唧唧。这天晚晚揍了顾雁后，陈鹤景便让晚晚回来写检体。见晚晚眼圈通红，像是被人欺负了一样，小胖赶忙凑近关心：“晚晚，你被陈老师打屁股了？” 婉婉疯狂摇头，程老师倒是没有打我。小胖满脸问号，那你哭什么呀？婉婉一听，小嘴再次一撇，程老师没有打我，但是他让我写五百字深刻检讨。小胖不知道办公室发生了什么，但听到婉婉还要写检讨，有些吃惊。你干什么了呀？怎么要写这么多字的检讨？以前婉婉犯错时，程老师也只是让他写两百字检讨。听到小胖的话，婉婉也是一脸苦恼。对啊。 我爸爸也是这么说的，但小景说我揍人是不对的，所以要做个深刻的检讨。小胖一听，顿时对揍的人产生了好奇，于是他顿了顿，才缓缓说道：“是谁这么胆肥，敢惹我们婉婉姐？”这话一落，婉婉瞬间怒气飙升，还不是顾雁？谁让他说小池哥哥坏话,话，然后他还骂我，我一时没忍住就揍他。小胖瞬间了然，原来是因为顾方池。说着，他立马跑到顾方池面前，把婉婉揍顾雁的事情告诉他。不等小胖说完，顾方池便飞速跑到婉婉身边。 婉婉，你没受伤吧？婉婉一脸懵逼，没没有啊？听到婉婉说没事儿，顾方池悬着的心才落下。婉婉见状也露出了招牌式的微笑。这时，顾方池开口道：“婉婉，你是因为我才写检讨的，谢谢你，啊，我帮你一起写吧。”听到这儿，婉婉瞬间喜笑颜开：“小池哥哥，有你真好。”一旁的小胖羡慕了：“啧啧，这爱情的酸臭味。”女人被开除，可孩子们却开心不起来，因为他们买了小鞭炮在学校庆祝，结果喜提陈鹤锦一千字的检讨。 而顾雁生气，父亲不替自己出头，于是放学后走进了一条偏僻的巷子，结果遇到一群流浪狗。等顾剑找到他时，已完全没了气息。顾雁为此上了新闻，新闻上都说顾雁可怜，痛斥流浪狗。唯有婉婉看了一眼，只是道了一句“活该”。顾元廷听到婉婉的话，还是满脸惊讶。见此， 婉婉赶忙解释，顾雁作恶从未停止。我看到的不是流浪狗，而是向他索命的恶灵。见顾元廷不吱声，婉婉继续道：“顾雁虐杀的动物可比他惨多了。总之，善恶终有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而已。”上次看见顾雁身上围绕的黑气，婉婉就知道了结局。突然想到了什么，婉婉忍不住问道：“顾雁爸爸怎么样？”顾元廷长叹一声：“他疯了。顾雁走后，他就开始精神不正常。年少时好不容易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再出国深造，后来遇到曹叔。” 结果曹叔带着孩子跑，他找到他们时才知道曹叔入了狱，顾雁进了孤儿院。虽然曹叔做错了事，但顾雁还小，于是他把顾雁接回家，想尽力弥补。哪能想到顾雁走得这么凄惨？你说他一时间怎么能接受得了？婉婉听后一阵唏嘘。顾雁对儿子很爱。 但顾叔叔这辈子没有亲人缘，万幸顾叔叔是一个好人，后半辈子会有人照顾他的。顾元廷心里微微惊讶。婉婉，你说对了，顾剑平日里经常资助大学生，其中有一个学生听说后，就把顾剑带过去照顾了。婉婉一脸欣慰，对顾叔叔来说也算是善有善报了。所有孩子都参加了元旦节目，唯有小女孩却一个节目都没参加。这天，陈鹤景也一脸苦恼，他想给他家小师姐一个 C 位去跳舞吧，谁知婉婉肚皮凸起来，说是这样不可爱，可陈鹤景倒是觉得蛮可爱，于是又改送婉婉去大合唱。 谁知婉婉的身高只能站在第一排，话筒刚好对准他家小师姐。这次就算小师姐要去，他都要好好考虑下的。最后思来想去，婉婉就被送去演小品。本以为小孩子的小品不好排练，结果婉婉和小胖默契十足，主要两个孩子表达欲超强，性格外向开朗，说话时又带有独特的味道。明明一句很普通的话，但是却能够让人捧腹大笑。婉婉表示很喜欢这个节目，于是回家便跟爸爸一顿炫耀。苏爸一听，完全不吝啬的一顿美夸：“我们婉婉出色了，那你扮演的什么角色？” 婉婉奶萌回应：“香妃的妹妹咖啡。”说完还不忘给爸爸表演一个，加上婉婉模仿的也很像，直接把苏爸给逗笑了。第二天，六年级年级主任也突然来找婉婉，见到婉婉第一眼，他顿时乐了：“这孩子长得真喜庆，就他。”婉婉一脸懵逼：“什么叫我长得喜庆？这是要干嘛呀？”面对婉婉的疑问，陈鹤锦赶紧解释道：“六年级哥哥姐姐们有个开场舞展示，四大名著的主题曲，你会吗？”婉婉不假思索的回应：“我会啊。” 说完，仿佛意识到不对劲，婉婉满脸疑问：“小景老师，你这是又给我找活了？”陈鹤景不明白婉婉高兴与否，但还是点了点头。谁知婉婉立马从地上蹦了起来。见此，陈鹤景小心翼翼地问道：“你看起来很高兴。”得意忘形的婉婉疯狂点头：“那当然了，有活干就不用上课了。”说完，婉婉脸上顿时一僵，眼神胆怯。刚才那话不是我说的，你信吗？陈鹤景无奈摇头：“你看我像信的眼神吗？”婉婉撅着小嘴不说话。陈鹤景见状，挥了挥手：“赶紧跟周老师去练索了。” 练不好就别回来。婉婉一听，顿时露出一个招牌式的微笑。小景老师，请放心，我一定不负你所望。说完，婉婉直接跑，留下一脸无语的陈鹤景和一脸懵逼的年级主任。小女孩仅六岁，却能完整吹完整首《百鸟朝凤》。这天，婉婉孤零零在一旁，舞台上的同学们却叽叽喳喳，声音有些刺耳。婉婉长叹一声，口中不停喃喃：“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这时，见老师们已控制不住现场。 婉婉深吸一口气，紧接着吹起了《百鸟朝凤》。下一秒，舞台上所有声音戛然而止。音乐老师满脸震惊，万万没想到这么小的孩子还有这层天赋。待婉婉放下唢呐，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音乐老师赶忙问道：“婉婉，你音乐天赋这么高，想不想学声乐？有兴趣以后来琴房，我教你。”婉婉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了不了，我没这个福气。老师，你还是去找别人吧。”音乐老师眉头微皱，眼神中带着一丝不解：“你天赋这么好，说不定还能在娱乐圈发展。” 况且你二哥唱歌这么好听，作为妹妹怎么可能会差呢？见此，小胖终于忍不住的大吼道：“老师，婉婉没说谎，她确实没这个福气。以前只要婉婉一开嗓，我们都立马捂耳朵的。”这话一落，婉婉眼睛瞪得圆圆的，小嘴不开心的撅了起来。哼哼，小胖，我不跟你玩了！小胖一脸懵逼，我又咋了？还不允许人家说实话吗？这时陈鹤锦恰好赶来，结果就看到了气呼呼的婉婉。陈鹤锦见婉婉凶的跟猫似的，顿时扑哧一下笑出了声。婉婉抬头看去。 算是给陈赫锦一个眼神警告。见此，陈赫锦秒收住了笑。小男孩只是说了句实话，小女孩却再也不想和他玩了。小胖一脸委屈：“婉婉姐，我保证不再说你唱歌难听。”这话一落，婉婉怒气飙升。陈赫锦见状，却再一次笑出了声。婉婉泪眼汪汪，咬着嘴唇，凶巴巴道：“小景，你再一次伤害了我，却一笑而过。”陈赫锦打死不承认：“我真的没有。”婉婉撅着小嘴回应：“你刚刚明明笑了。” 我都看见了。陈赫景低着头，掩饰住了内心那点尴尬。婉婉撅着小嘴训斥：“你可以笑任何人，可我是你小师姐，你得尊重我，不然我多没面子。”陈赫景内心闪过一丝笑意，轻声道：“婉婉，你承认是我小师姐是吧？”婉婉不明所以：“那不必须承认吗？”陈赫景继续道：“那你是不是应该给师弟一个面子？”婉婉不懂，眼神中带着满满的疑惑。见此，陈赫景叹了口气：“我好歹是年级主任，你直接爬我身上，我也很没面子的好吗？” 婉婉不禁看了看自己，然后露出一个招牌式微笑。陈鹤锦没有回应，只是让婉婉跟他去一趟办公室。婉婉乖巧点头。这时，小胖不禁升起一丝愧疚：婉婉被班主任带走了，会不会被揍了、啊？或者会不会又被罚写一千字检讨、啊？早知道就不说她唱歌难听了。小女孩只是吹了厕所呐，却震惊整个学校，甚至引来十万人的直播观看。校长顿时傻眼。他们虽然是贵族学校，但应该不至于这么火。可惊讶之后却是惊喜。现在直播这么多人。 明年的招生不用愁。于是校长想通后大喜，直播爆火是好事，不用管。突然想到了什么，校长继续问道：“搞清楚直播间为什么这么多人了吗？”闻言，工作人员掏出手机道：“我看直播间评论，说是苏雨石在微博发了直播链接。”这话一落，校长心里顿时乐开花，然后继续回座位观看节目。这时，直播间的观众直接在评论区刷屏，而关于婉婉、唢呐的热搜隐约有了爆的字样。 一时间，婉婉的关注度就更高了。不仅如此，各大官方也纷纷转发视频，有的记者还跑到学校采访。而元旦结束那天，婉婉早已回家吃大餐。至于网上的留言，婉婉有点看不懂。只有学校校长知道后，高兴的一塌糊涂。他们联系到了苏爸，想问问苏爸愿不愿意让婉婉接受采访。苏爸犹豫后，还是拒绝了。只是拒绝后，苏爸没有瞒着婉婉，婉婉也并不生气，反而安慰苏爸：“爸爸做得很好，我也不想接受采访。假如记者问我问题，我答不上来怎么办？” 或者万一我说错话被骂也有可能。刹那间，苏爸感动万分，心想我家闺女不漏风。了。小女孩仅六岁，却因一次唢呐表演上热搜。见此，多方媒体争相采访，岂料却被苏爸分分钟拒绝。可小报记者却不乐意了，还想写文章痛斥婉婉这种行为。结果高高兴兴拿到主编手上时，夸奖不说，还被劈头盖脸骂一。苏家人是你想采访就能采访的吗？况且你有权利采访。 人家有权利拒绝。再说，你要是悄悄把这篇文章发出去，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小记者一脸懵逼。平时写写明星小八卦，偷拍明星日常，主编不都没说什么吗？怎么这就不行了？似乎看出小记者的不服气，主编忍不住道：“苏家不一样，你知不知道苏婉婉是谁？那是苏家恨不得把天上星星摘给他的人。”小记者依旧不相信，谁家能这么宠孩子呢？霎时间，主编被自己员工气笑了。我就这么说吧。 只要是苏婉婉想要的，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他爸爸哥哥都在所不惜。见小记者不吱声，主编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总之，苏婉婉的不好一律不准发。要是真想发，必须发点好的。小记者不懂什么才叫好的呢？哎呀，你得夸那小孩漂亮，他就喜欢被人夸。这话一落，小记者心想：这小孩真自恋。可在细看婉婉的面相，确实长得好，小脸白白净净，还有一双卡姿兰的大眼睛，加上肥嘟嘟的小脸蛋。 见着就忍不住想上手捏一捏，甚至很多明星的孩子都没婉婉长得好看了。但转念才想到，苏婉婉是徐影后的小女儿。这么想着，小记者一阵后怕，幸好没把通稿发出去，不然别说工作不保，还连累公司。紧接着她就回到工位，洋洋洒洒的写了五千字赞美婉婉。果不其然，没过两天，婉婉就点赞了她的文章。一时间，小记者爆火。小女孩只是吹了厕所呢，却上了七七四十九天的热搜，甚至引起著名音乐家文玉的青睐，并发博说要收婉婉为徒。 可文玉多年未曾收过徒弟，突然这次要收这么小的孩子为徒，顿时间大家都惊讶不已。尤其是文玉从不夸人，这次为了找到婉婉，却洋洋洒,洒洒写了一千字的赞美词。见此，网友们纷纷艾特婉婉，结果一连几天都没人回应，这下让大家着急了，于是纷纷跑到苏雨石的评论区底下。苏雨石也吓得一懵逼，了解完前因后果，才回复了一句：“婉婉正上学呢，周末才能玩手机。”顿时间，网友们突然觉得首富也变得接地气了。而正在被众多网友讨论的婉婉。 却完全不知这些事。他此时正在努力学习，争取期末考试能拿一张奖状回家。毕竟小学可不像幼儿园，每学期都会有好宝宝奖状。婉婉觉得，虽然自己成绩不咋地，但也要做个努力的好宝宝，说不定最后还能混个进步之星。这么想着，婉婉就更加有干劲了。三天后，婉婉等老师收完最后一张卷子，便背着书包飞快跑出了教室。可刚走出学校，婉婉就被一道黑色的阴影挡住了。一抬头，竟然是郭忠。别的孩子放学都按时回家。 可小女孩却被轻松拐走吃大餐。这天，婉婉刚放学就被郭忠拦住了去路。见此，顾方池赶忙护在婉婉前面，恶狠狠道：“你来干什么？”郭忠看着顾方池的眼神，心里多少有些惊讶。不过才不到十岁，那眼神却充满了怒火和阴沉。郭忠明白，顾方池将来绝对比他父亲更加心狠手辣。这么想着，心中最后那一点怨恨，在看见顾方池这一双眼睛时，便瞬间消失殆尽。我和张玉洁离婚了。婉婉一愣，随即才反应过来。 你终于看清楚自己的前途了。郭中不好意思的解释，是他发现和我过不了富太太的生活，便转身找了下家。听到这儿，婉婉忍不住吐槽：“怪不得我看你浑身泛着绿光，原来是被绿了。”郭中无言以对。婉婉，你是知道怎么气人的。见郭中不吱声，婉婉继续道：“你现在的结果跟我没关系，你们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们家也不会再为难你。你要是再拦着不让我走，等我爸爸来了，你就完了。”郭中一听，瞬间急了：“不不不！” 我只是来道歉的。婉婉十分淡定，道歉不必了。听到婉婉拒绝道歉，郭忠更加慌了。毕竟他弟弟可是亲口说了，要是苏婉婉不原谅他，他这辈子都别想回家了。思考半晌，郭忠眼神一亮，只要你肯原谅我，我就请你吃大餐。这话一落，顾方池一脸不可思议，回过头，婉婉已经口水直流三千尺。顾方池不禁大喊一句：婉婉！婉婉瞬间回过神，小池哥哥，我们去吃大餐吧。 顾方池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见此，婉婉秒变可怜巴巴，泪眼汪汪地看着顾方池。好在顾方池理智还在，赶紧道：“婉婉，我们不知道锅中打的什么主意，还是别去了。万一把你卖了，可怎？”么办？婉婉眨巴着卡姿兰的大眼道：“富贵险中求，要是他真敢这么干，也要问问我七星剑同不同。”紧接着，婉婉昂着小脑袋说：“吧，去哪吃？”男人说要请小女孩吃大餐，可让小女孩没想到的是。 这所谓的大餐竟然全是素菜，婉婉眼神幽怨的看着锅中，你这是耍我玩吗？闻言，锅中一脸尴尬，不不不，这已经是我全部的家当。以前有钱自然是看不上这些，但这两个月他欠了一屁股债，每天能吃饱三餐就谢天谢地了。所以哪怕全是素菜，锅中也吃得津津有味。末了，锅中还不忘道一句，你们俩随意。婉婉无言以对，想直接摔筷子走。就在这时，婉婉的儿童手表开始震动，定睛一看。 才知是爸爸打来的电话，婉婉赶紧接起电话，奶声奶气道：“喂。”不料苏爸在那头几乎咆哮的大吼：“苏婉婉，你跑哪去了？”婉婉看了看四周，他也不知是哪，于是转头问郭中，郭中随口报了一个地址。听到地址，苏爸气到几乎要晕厥：“你怎么跑这么远？”婉婉如实说道：“郭巧巧的爸爸说要请我吃大餐。”苏爸顿时气到心肌梗塞：“你这小吃货，人家叫你去你就去，是不是人家把你卖了，你还开心的给人家数钱呢？”见婉婉不吱声，苏爸放出狠话：“你告诉郭忠。” 他要是敢动你，我苏家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找到他，将他挫骨扬灰。婉婉嗯了两声，看向郭中，大声道：“我爸爸说了，你要是再敢抢我吃的，我爸爸一定将你挫骨扬灰。”这话一落，吓得郭中脸色惨白。而听到婉婉话的老父亲一阵无语。婉婉满意的看着郭中，随后对着老父亲说道：“爸爸，你赶紧过来吧。”“行，你给我等着。”婉婉听到苏爸的话，只觉得皮子一紧，但还是没有听出别的意思。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但还是乖巧点。好的，我等你。说完便自己先挂了电话。 男人本以为儿子只是调皮，不料刚到学校，却被通知儿子要被开除。郭忠当即大怒：“程老师，你不要太过分了！”程鹤锦完全不为所动：“我曾经告诉过尊夫人，我来当老师是因为婉婉。你的任何手段在我这不管用，毕竟我程家也不是任人欺负。”听到“程家”，郭忠脸色瞬间惨白。之前他一直以为程鹤锦可能和苏家有关系，但从来没有想过程鹤锦是来自出过不少人物的程家。下一秒，他忍不住把气撒在两儿子身上。 看你们干的好事！郭顺委屈极了，大吼：“我没错！”巧巧不过说顾方池是瘸子。闻言，婉婉眉头一皱，脸上顿时一黑。你说谁是瘸子？信不信我把你揍成瘸子？哼哼，我说的是事实。婉婉庆幸顾方池不在这里，不然她该伤心了。正想着高低都要给郭顺两拳，却被陈鹤锦一把拉住。而郭忠知道自己要完了，于是赶忙带着两儿子离开。半小时后，苏爸得知女儿被关厕所，于是带着儿子匆匆赶来学校。见此，婉婉瞬间哇哇大哭，喊：“爸爸，你怎么才来？对不起。” 爸爸有点眼昏花，可能要生病了。闻言，婉婉瞬间止住了哭声。爸爸，你不是生病，应该是近视了，毕竟年纪大了嘛。苏爸一脸无语，看来我家小棉袄漏风了。这时，苏雨诗补充道：“婉婉，你别听爸瞎说，你看他平时打我们的样子，就算跑个十公里都不在话下的。”最后还是苏启怀靠谱，他上下检查婉婉，确认没受伤，才心疼的问道：“欺负你的两小孩呢？被他爸爸领走了？不过小景师弟说要把他们开除了。” 开除是不是以后就不能读书了？苏启怀以为婉婉觉得这样不好，于是赶紧解释道：“他们会去别的地方读书的。”闻言，婉婉满脸失落。他们这种人还不如不读书呢。苏启怀轻声道：“婉婉，放心，我不会让他们郭家好过的。”婉婉不懂大哥的意思，但隐隐觉得郭家要被收拾。当天晚上，婉婉正熟睡时，郭忠宣布了破产。男人万万没想到自己竟在一夜之间破产。第二天，他便灰溜溜的跑回江南郭家。然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又被郭婆拒之门外。郭忠一脸不可思议。 郭阔，我可是你大哥。郭阔连一个眼神都没给，然后默默转身离去，并留下一句：“记得跟苏婉婉道歉，不然别想回家。”郭中顿时血液凝固，心想他和这个弟弟没有太多交情，从小到大甚至到现在，恐怕见面不超过二十次。没想到他竟和苏家有关系，但突然他又想到了什么，一把将郭巧巧推出来：“我的死活可以不管，总要管管他侄女吧？”管家顿时愣住：“先生说了，找谁来都不顶用。”这话一落，郭中知道自己这辈子完了。 而此时，另一边的婉婉并不了解郭家的惨状，只是郭巧巧的转学让她耳边瞬间清静了不少。想到之前郭巧巧坐她后面，不是用笔画她衣服，就是用力扯她头发，其中一次更过分，趁她不注意把板凳给偷走，幸好被白清玄看见。想着终于不用再见郭巧巧，婉婉心情也好了不少。于是她蹦跶的去找顾方池：“小池哥哥，我们一起去玩吗？”岂料顾方池一脸不开心，婉婉却一脸懵逼，奶萌问。 小池哥哥是咋了？到底谁招惹他了？就在这时，顾方池一脸委屈：“婉婉，你最近都不来找我玩。”婉婉恍然大悟，发誓道：“小池哥哥，那我以后争取每天都来找你。”这话一落，顾方池终于露出了一丝帅气的笑。小女孩只是不小心对上男人视线，却喜提一个纪律委员。这天，陈鹤景开始选班干部，岂料话音刚落，却迟迟不见有人上来竞选。陈鹤景一点不意外，于是微笑道：“那我直接点名喽。”说完。 他直接把目光看向婉婉，婉婉也不小心对上他视线，不料下一秒就听到：“苏婉婉，你平时就是个小话痨，纪律委员就归你了。”见不好驳了小景师弟的面子，婉婉只能强颜欢笑接受。没过三秒，陈赫景便忍不住喊话：“苏婉婉，以后班上要是有人讲话，我不找他们就找你。”闻言，婉婉拍着三尺小胸脯道：“小景老师，你放心，我保证做好班干部工作。”陈鹤景微微点头：“那真是辛苦你了。婉婉受宠若惊：“不辛苦。” 我命苦而已。紧接着，顾方池成了班长，白清玄成了宣传委员，小胖成了生活委员。不出一个月，四人帮把班级管理的井井有条。唯一不足的是，小学课程比幼儿园丰富了不少，导致户外运动也变成一周仅有两小时。婉婉根本玩不尽兴，尤其是他们班体育老师经常生病，以至于两小时的户外运动都变成没有。婉婉皱了皱眉，这天终于忍不住了，他气冲冲跑到体育老师办公室。见婉婉进来，体育老师眼神中带着一丝疑惑：“婉婉，你怎么来了？”婉婉不吱声。 只是把手中的东西摊开，然后取出一根最大的银针，吓得体育老师脸色惨白。小女娃只是没体育课上，却拿着银针冲到体育老师面前，吓得体育老师一阵哆嗦。婉婉，你这银针哪？婉婉奶萌道：“是我师兄送给我的遗产。”话音刚落，体育老师一脸尴尬：“抱歉，我不知道你师兄英年早逝。”婉婉疯狂摇头：“不不不，我师兄活得好好的，本来让师兄等他走后再送我的，但他见我等不及，就提早送我了。” 体育老师恍然大悟：“那你拿着银针想干嘛？”婉婉晃悠着小脑袋道：“所有老师都说您身体不好，恰好我没别的本事，就是医术还可以。只要您让我给您脑袋扎上两针，保证您健康又长寿。”说完，婉婉正想着应该怎么下手，体育老师慌忙躲闪：“我谢谢您嘞，老师身体好的很，你要是想玩 cosplay 医生，回家玩哈。”见此，婉婉无奈摇头：“老师，我来真的呀，为了我以后能正常上体育课，麻烦您配合一下，有病就得治。什么嘛，我没病。”婉婉愣了三秒，继续道。 神经病的病人也常说自己没病。紧接着，婉婉露出容嬷嬷般的笑容，嘿嘿两声，把体育老师逼到墙角。幸好陈赫锦这时赶来，他眼神中带着严厉：“苏婉婉，你拿着莫金春的银针干什么？”婉婉疯狂摇头：“不不不，小景老师，你搞错了，现在这银针是我，我来给体育老师治病了。”闻言，陈赫锦嘴角一抽，心想我这小师姐真能惹事。见此，体育老师赶忙表示：“陈老师，快把这小祖宗领走吧，我没病。”话音刚落，婉婉立马回头。 老师，你别骗我了，我知道你有病。体育老师就差哭给婉婉看了。正当婉婉还想反驳时，就被陈鹤景一把抱起。你到底听谁说的体育老师生病的事？婉婉昂着小脑袋道：“所有老师都这么说呀。”接着一一细数着谁说的。体育老师顿时一脸尴尬，他很想解释，却又不知道怎么解释。陈鹤景一脸哭笑不得。婉婉，体育老师真的没生病。婉婉撅着小嘴不开心，他就是有病，不然怎么不给我上体育课？见此， 体育老师立马发誓：“婉婉，你放心，以后老师一定准时给你们上体育课。”这话一落，婉婉这才松了口。那好，你要是不舒服，一定要告诉我，我的医术还是很厉害的。小女娃只是拿出银针，竟下的男人不敢缺席体育课。这天阴雨绵绵，婉婉没办法外出游玩，因此体育课改成自习课。可即便是这样，婉婉还是很开心。就在这时，数学老师正好过来，他看到体育老师后瞬间呆愣，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道：“体育老师，这节课我来上吧。”这话一落。 体育老师如鲠在喉，赶紧露出一个礼貌又尴尬的微笑。不不不，还是我自己来上。数学老师眉毛一挑，不明白体育老师今天是怎么了，于是缓缓道：“体育老师，你不是生病了吗？这节课还是我来上吧。”体育老师欲哭无泪，想到婉婉那容默默施的银针，他就开始头皮发麻。于是他语气严肃道：“数学老师，我身体很好，就算现在跑二十圈都没问题。”可耐不住数学老师不听，直接将书本丢在讲桌上。见此，婉婉飞速拿出银针晃了晃。 体育老师见状，眼睛狂抽。数学老师，我今天真没生病。数学老师有点莫名其妙，忍不住问体育老师今天怎么回事。体育老师不吱声，只是把目光看向婉婉。婉婉瞬间恍然大悟，仿佛明白了什么。下一秒，他大吼一声道：“老师都说了，咱有病得治。虽然我很想上数学课，但还是觉得先给你治病更重要。”数学老师秒懂，十分迅速改口道：“那什么，你们体育老师没有生病？我突然想起还有事儿，我先撤了哈。”婉婉一脸得意，看谁还敢抢体育课上。 先问过我银针答不答应，男人只是伸了个手，却迎来一个充满关心的大逼斗。这天晚晚刚放学回家，就看到许久未见的二哥。晚晚一跃三尺高，精准跳入二哥怀抱，然后奶呼呼问道：“二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苏雨石哈哈一笑：“刚到啊，这不想我家小童子了吗？”晚晚奶萌回应：“晚晚也好想二哥呀。”这话给苏雨石高兴的手舞足蹈，紧接着便询问晚晚最近在学校过得怎么样。闻言晚晚义愤填膺的把郭巧巧的事说了一遍。 你说他是不是很过分？小池哥哥明明是正常人，而且浑身带着紫气。要是我是郭巧巧，恨不得做个小跟班，以后准能跟着吃香喝辣。苏雨是眉毛一挑，怎么？你跟顾芳池好，也是因为他浑身紫气？晚晚疯狂摇头，当然不是。我和小池哥哥有缘，我们做朋友就是正常付出。小池哥哥是我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哥哥，也是最亲近的亲人。这话一落。 两父子瞬间吃起了三十年的老陈醋，苏雨石更是啧啧两声。是是是，他是你最好的哥哥，我就不是了吧。婉婉点了点头，你确实不是。苏雨石顿时无言以对。见此，婉婉眯了眯眼，你是我最爱的二哥。闻言，苏雨石瞬间呆愣，笑骂道：“就你嘴甜。”婉婉有点不好意思，转过头看着苏爸，你是我最喜欢的爸。这波操作下来，终于把两父子哄开心了。就在这时， 三哥喊大家开饭了。婉婉发现自己有点啃不动骨头，于是赶紧摸了摸自己的门牙，才发现牙齿松动了。恰好这一幕被三哥看见了，三哥暖心问道：“怎么了？是不是磕着牙了？”婉婉摇摇头：“不是，是我要当老奶奶了。”见此，苏雨石赶忙补充道：“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入土？”话音刚落，苏雨石便喜提老父亲的大逼兜。他委屈，他不说。呜、嗯。这时苏爸科普道：“婉婉应该是要换牙了。”苏雨石一脸好奇，赶忙凑过去瞅瞅，还不自觉地伸手碰了下。下一秒。 婉婉的门牙就这么掉了，一口鲜血哗哗直流，吓得婉婉瞬间哇哇大哭。苏雨石也顿时蒙圈，心想肯定要被老父亲暴走只有三哥最理智，直接喊来家庭医生，上下检查一番后，确定只是换牙的年纪才自然脱落了。苏雨石内心无比愧疚，苏爸满脸心疼。最后还是婉婉一笑泯恩仇：“爸爸，我的牙齿早就松了，不怪二哥，要生就生我的气吧。”听到这话，苏爸顿时气全消。 但还是佯装生气道：“我生你的气和生你二哥的气有什么区别吗？”婉婉点了点头。当然了，区别可大了。爸爸生二哥的气，那二哥肯定得挨揍。二哥是直男，不会哄爸爸开心。我就不一样了，我是爸爸贴心小棉袄，你生气我就来哄你。见此，苏爸憋不住的笑了。苏雨石更是感动得一塌糊涂。妹啊，你真是太好了！我苏雨石这辈子真是造了什么孽？哦，不对，是做了什么大善事，才能遇到你这么好的妹妹。小女娃只是掉了两颗门牙，竟要跟师弟绝交。这天，婉婉正上课。 可却一点心思没在课上。见此，程鹤景点名让婉婉起来认字。婉婉瞬间呆愣，随即念道：“黑化肥飞,飞哈，发飞会哈飞。”然后念着念着，程鹤景发现小师姐说话漏风，声音也小，便忍不住问道：“婉婉，你怎么了？”婉婉疯狂摇头：“没事，没事。”紧接着露出一个自己招牌式的笑容。这下好了，程鹤景终于发现婉婉门牙掉了。待婉婉坐下后，他还是没忍住，扑哧一下笑出了声。毕竟小师姐缺门牙的样子实在是太喜感。 见此，婉婉立马嘟着小嘴，眼神幽怨的看着台上的小景视频陈鹤景假装没看见，清了清嗓子道：“今天课就上到这里，下课吧。”说完，陈鹤景直接回了办公室，婉婉紧随其后。待陈鹤景回到办公室坐下，婉婉就对着陈鹤景大声道：“小景，你笑发窝，我要跟你绝交！”这话一落，瞬间引起了体育老师的注意。他语气夸张道：“婉婉，你怎么说话漏风了呀？”婉婉一听，不但没有闭紧嘴巴，而是张开嘴回应：“我的牙齿掉了。” 小景笑发我，我要跟他绝交。体育老师一听，顿时乐了。那程老师是怎么笑话你的呀？婉婉昂着小脑袋回应，他上课的时候笑了，噗嗤一声，全班都听见了。说完，婉婉痛苦的捂着自己的胸口，他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一旁的陈鹤景终于忍不住了，婉婉，我不是故意笑话你的。婉婉听到小师弟道歉，顿时心情好多了。谁知下一秒，陈鹤景继续道，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才笑话你。闻言，婉婉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随后咆哮道。 陈赫景，我要跟你绝交，不会和好的那种绝交。陈赫景眉毛一挑，那好吧，等会儿你回教室，让语文科代表把作业收过来。婉婉下意识的点了点头，好的，然后迈着小碎步离开了办公室。谁家孩子不是学钢琴就是学跳舞，可女孩却只要玩得开心就行，这都归咎于苏家宠孩子。不过陈赫景觉得婉婉这样无忧无虑也好。这天，婉婉照常准备去跳皮筋，结果却被一个男孩拦住了去路。婉婉脚下一顿，上下打量了一番，道：“你是谁？找我有事吗？”男孩点了点头，我是三班的。 婉婉恍然，好像有点印象。男孩有些受宠若惊，没想到婉婉还记得他。激动过后，男孩有些不好意思：“你记性真好。”说完，男孩这才想起自己的正事。对了，你最近听说顾方池的传闻了吗？婉婉眼神疑惑，随即摇了摇头：“没有啊。”听到这儿，男孩娓娓道来：“顾燕总说顾方池的坏话，还说他是天煞孤星。”说完，男孩赶紧表明自己的立场：“我是很喜欢你和顾方池，我知道顾方池不是这样的人。”婉婉心里已满是怒气，他看了一眼小男孩。 然后折返回教室，从自己书包里掏出一大包饼干给他。谢谢你特意来告诉我，这是我会处理的。男孩一脸惊喜，没想到只是告诉婉婉顾雁的事，婉婉就给了他这么多的小饼干。于是他继续补充道：“我们老师很喜欢顾雁，所以我们班其他人去告顾雁的状，却反被老师骂了。”婉婉眉头微皱，皮筋是跳不下去。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怎么收拾顾雁，但他现在可是好。小景师弟说了，好儿童不可以打架，有事要记得找他。于是下课铃一响，婉婉便飞速跑去找陈鹤景。 小女孩前一秒帅气揍人，下一秒却认怂道歉。这天晚晚听到顾燕说顾方池坏话，便着急跑去找陈鹤景告状。陈鹤景黑脸听完，才把目光投向三班班主任林老师：“这事你怎么看？”晚晚不知林老师就是顾燕班主任，只是一直不太喜欢这个林老师，毕竟爱课上拖堂，还会在课堂上经常骂孩子。于是看得他更加焦急。小景，你问他干什么呀？你倒是自己出出主意啊！陈鹤景略作苦恼，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呀。晚晚一听，顿时更急了：“你怎么能不知道怎么办呢？” 换作我是你，我就直接甩三班班主任两个大逼问问他为什么不好好管教自己的学生。这样的老师肯定品德不行，学校还要他干什么？这话一落，在场的林老师气得噌的站了起来，吓得婉婉顿时一愣。陈鹤锦见状，揉了揉婉婉小脑，算是无声的安慰。紧接着，他抬起眸子，语气严厉的：“林老师，我还不知道你们班竟有这风气。”林老师是新任班主任，听见陈鹤锦这么说，顿时慌的一批。而婉婉这才反应过来，声音陡然拔高：“什么？” 你就是三班班主任。婉婉思考半晌后，继续质问道：“顾燕在你们班说别人坏话,话，你为啥不管管？”见此，林老师赶忙狡辩说不知道这事，气得婉婉瞬间暴怒。你们班好多同学都告状了，你不但不理，还骂了告状的同学。林老师一听，脸上顿时乌云密布。陈鹤景也不再多言，只是道：“婉婉，你去把顾燕叫过来。”婉婉瞬间眼睛亮了，你要收拾他了。陈鹤景懒得回答，只是让婉婉快去。 见此，婉婉二话不说便跑到三班。可顾雁完全不听婉婉说什么，刚想挣扎，却被婉婉呵斥：“你要是不听话，信不信我揍你？”顾雁瞬间秒怂，跟着婉婉去了办公室。在去途中，顾雁想起几年前在顾家，眼神中就充满了怨恨。要不是苏婉婉，他还是顾家的少爷。可因为她的出现，一切都变了。突然，他大骂婉婉，气得婉婉直接暴揍了他一顿。终于来到办公室，婉婉开始有些心虚。他悄悄走到陈鹤锦身边，道：“他骂我，我生气了才揍他的。”不等陈鹤锦说什么。 婉婉赶紧，小景老师，我错了，你想怎么罚我都没关系。见陈赫景不吱声，婉婉小嘴继续叭叭小景老师，你给我爸爸打电话吧，让他带医生过来，咱该赔钱赔钱，该认错认错。见此，陈赫景只能给两方家长打去了电话。小男孩被揍，女孩却很开心的给他道歉，甚至叫老师打电话给他爸爸，带上家里医生来给小男孩医治。见此，陈鹤景拨通了苏爸电话，不料苏爸听说女儿在学校打架，第一反应不是关心女儿受伤没，而是觉得女儿平时很乖。 不可能随便的，一定是别人先欺负自家闺女。这话一落，陈鹤景无奈摇头：“小师姐没长歪，真是万幸。”而苏爸不等陈鹤景说完，便气呼呼地惊现他办公室。陈鹤景满脸惊讶：“一共不到三分钟，苏爸是开火箭来的吧？”似乎读懂了陈鹤景眼神中的疑惑，苏爸赶紧解释：“你给我打电话时，我刚好在校门口。”陈鹤景心想：“恐怕不是刚好，而是一直在吧。”于是他忍不住问道：“婉婉爸爸，这是守在学校门口，就这么不经意被拆穿？” 苏爸多少有些不好意思，他慌忙补充道：“还不习惯晚晚上小学，所以来看看。”陈鹤锦听后再次陷入了沉默。这时，苏爸终于注意到了顾燕，看到顾燕后，他很是惊讶。想到曹叔的事情过去快三年，顾延婷没有对曹叔母子赶尽杀绝，曹叔入狱，顾燕被送到孤儿院，没想到还能再遇见。但晚晚这次把人揍得有点狠。见此，苏爸当即打电话让律师和私人医生过来。就在这时，顾燕家长也匆匆赶来，见到自己爸爸，顾燕哭得更凶了。顾健一脸心疼，问道。 小燕怎么受伤了？顾雁像是立马找到主心骨似的，大吼道：“爸爸，都是他欺负我！”婉婉也不怕，当即叉腰道：“欺负你怎么了？是你自己嘴巴欠收拾！”话音刚落，顾剑眉头微皱，对着婉婉厉声道：“给我儿子道歉！”婉婉也不纠结，赶紧道：“顾雁，对不起。”见此，苏爸也随即开口：“顾先生，抱歉，一切医疗费用我家承担。”对方态度这么好，顾剑瞬间不知如何开口，唯有顾雁不依不饶：“爸爸，他们就是故意的！”说完，顾雁气冲冲看着婉婉：“我问你。” 你是不是故意打我的？婉婉眨了眨眼，我就是故意打你的，不然我干嘛要打你？这话把顾燕问懵了，他觉得婉婉说的对也不对，但一时间他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见此，苏爸心里暗自发笑，没想到自家闺女这么。这时，陈赫锦适当开口道：“顾先生，今天我找你，不完全是因为婉婉打，还因为顾燕很喜欢说别的孩子坏话。我们学校能管孩子学习，能纠正孩子品行，但倘若孩子自己不肯改正，那我们学校也没办法。”顾健有些慌张，这话的意思是让儿子退学。 于是他赶忙解释道：“老师，我儿子平时在家很乖的，不可能说别的孩子坏话。”见此，苏爸插嘴道：“我女儿平时在家也很乖，但她打人贼。”话音刚落，顾剑无言以对。这时，陈鹤锦问顾燕，你知道错了吗？”顾燕咬着牙不说话。顾剑有些急了：“你倒是说话呀！”顾燕才立马吼道：“我没错，都怪苏婉婉和顾方池，我妈妈才会入狱，我才会被送进孤儿院。”婉婉见顾燕那不服气的样子，顿时手又痒了：“你是不是还想挨揍？”说着就要撸起袖子。 幸好苏爸及时拉住。此时顾健眼神中充满惊讶，不敢相信儿子竟会说出这样的。毕竟是曹叔自己做错了事，怪不得任何人。但顾健完全没心情听，反而骂顾健没本事，他才会被欺负。顾健顿时脸上通红，对着陈鹤锦道歉：“老师，是我没教育好孩子，麻烦您再给孩子一次机会。”陈鹤锦没说话，顾健了然。 便带着顾雁回家了。一时间，林老师脸色发白，几次想开口都不知如何开口。见此，陈鹤景淡淡道：“我会跟校长说这件事。”刹那间，林老师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当女孩只是去了趟老师办公室，回来却哭唧唧。这天晚晚揍了顾雁后，陈鹤景便让晚晚回来写检讨。见晚晚眼圈通红，像是被人欺负了一样，小胖赶忙凑近关心：“晚晚，你被陈老师打屁股了？” 婉婉疯狂摇头，程老师倒是没有打我。小胖满脸问号，那你哭什么呀？婉婉一听，小嘴再次一撇，程老师没有打我，但是他让我写五百字深刻检讨。小胖不知道办公室发生了什么，但听到婉婉还要写检讨，有些吃惊。你干什么了呀？怎么要写这么多字的检讨？以前婉婉犯错时，程老师也只是让他写两百字检讨。听到小胖的话，婉婉也是一脸苦恼。对呀、啊。 我爸爸也是这么说的，但小景说我揍人是不对的，所以要做个深刻的检讨。小胖一听，顿时对揍的人产生了好奇，于是他顿了顿，才缓缓说道：“是谁这么胆肥，敢惹我们婉婉姐？”这话一落，婉婉瞬间怒气飙升，还不是顾雁？谁让他说小池哥哥坏话,话，然后他还骂我，我一时没忍住就揍他。小胖瞬间了然，原来是因为顾方池。说着，他立马跑到顾方池面前，把婉婉揍顾雁的事情告诉他。 不等小胖说完，顾方池便飞速跑到婉婉身边。婉婉，你没受伤吧？婉婉一脸懵逼，没没有啊。听到婉婉说没事儿，顾方池悬着的心才落下。婉婉见状也露出了招牌式的微笑。这时顾方池开口道：“婉婉，你是因为我才写检讨的，谢谢你，啊，我帮你一起写吧。”听到这儿，婉婉瞬间喜笑颜开。小池哥哥，有你真好。一旁的小胖羡慕了，啧啧，这爱情的酸臭味。女人被开除，可孩子们却开心不起来，因为他们买了小鞭炮在学校庆祝。 结果喜替陈鹤景一千字的检讨，而顾雁生气父亲不替自己出头，于是放学后走进了一条偏僻的巷子，结果遇到一群流浪狗。等顾剑找到他时，已完全没了气息。顾雁为此上了新闻，新闻上都说顾雁可怜，痛斥流浪狗。唯有婉婉看了一眼，只是道了一句活该。顾元廷听到婉婉的话。 还是满脸惊讶，见此，婉婉赶忙解释：顾雁作恶从未停止，我看到的不是流浪狗，而是向他索命的恶灵。见顾元廷不吱声，婉婉继续道：顾雁虐杀的动物可比他惨多了。总之，善恶中有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而已。上次看见顾雁身上围绕的黑气，婉婉就知道了结局。突然想到了什么，婉婉忍不住问道：顾雁爸爸怎么样了？顾元廷长叹一声：他疯了。顾雁走后，他就开始精神不正常。年少时好不容易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 在出国深造，后来遇到曹叔，结果曹叔带着孩子跑。他找到他们时，才知道曹叔入了狱，顾雁进了孤儿院。虽然曹叔做错了事，但顾雁还小，于是他把顾雁接回家，想尽力弥补。哪能想到顾雁走的这么凄惨？你说他一时间怎么能接受得了？婉婉听后一阵唏嘘，顾剑对儿子很爱。 但顾叔叔这辈子没有亲人缘，万幸顾叔叔是一个好人，后半辈子会有人照顾他的。顾元廷心里微微惊讶，婉婉你说对了，顾剑平日里经常资助大学生，其中有一个学生听说后就把顾剑带过去照顾了。婉婉一脸欣慰，对顾叔叔来说也算是善有善报了。所有孩子都参加了元旦节目，唯有小女孩却一个节目都没参加。这天陈鹤景也一脸苦恼，他想给他家小师姐一个 C 位去跳舞吧，谁知婉婉肚皮凸起来了，说是这样不可爱，可陈鹤景倒是觉得蛮可爱，于是又改送婉婉去大合唱。 谁知婉婉的身高只能站在第一排，话筒刚好对准她家小师姐。这次就算小师姐要去，她都要好好考虑下的。最后思来想去，婉婉就被送去演小品。本以为小孩子的小品不好排练，结果婉婉和小胖默契十足，主要两个孩子表达欲超强，性格外向开朗，说话时又带有独特的味道。明明一句很普通的话，但是却能够让人捧腹大笑。婉婉表示很喜欢这个节目，于是回家便跟爸爸一顿炫耀。苏爸一听，完全不吝啬的一顿猛夸。 我们婉婉出息了，那你扮演了什么角色？婉婉奶萌回应：“香妃的妹妹咖啡。”说完还不忘给爸爸表演一顿，加上婉婉模仿的也很像，直接把苏爸给逗笑了。第二天，六年级年级主任也突然来找婉婉，见到婉婉第一眼，他顿时乐了，这孩子长得真喜庆。就他。婉婉一脸懵逼，什么叫我长得喜庆？这是要干嘛呀？面对婉婉的疑问，陈鹤锦赶紧解释道：“六年级哥哥姐姐们有个开场舞展示，四大名著的主题曲，你会吗？”婉婉不假思索的回应：“我会啊。” 说完，仿佛意识到不对劲，婉婉满脸疑问：“小景老师，你这是又给我找活了？”陈鹤景不明白婉婉高兴与否，但还是点了点头。谁知婉婉立马从地上蹦了起来。见此，陈鹤景小心翼翼的问道：“你看起来很高兴。”得意忘形的婉婉疯,疯狂点头：“那当然了，有活干就不用上课了。”说完，婉婉脸上顿时一僵，眼神胆怯：“刚才那话不是我说的，你信吗？”陈鹤景无奈摇头：“你看我像信的眼神吗？”婉婉撅着小嘴不说话。陈鹤景见状。 挥了挥手，赶紧跟周老师去练嘴了。练不好就别回来。婉婉一听，顿时露出一个招牌式的微笑。小景老师，请放心，我一定不负你所望。说完，婉婉直接跑，留下一脸无语的陈鹤景和一脸懵逼的年级主任。小女孩仅六岁，却能完整吹完整首《百鸟朝凤》。这天，婉婉孤零零在一旁，舞台上的同学们却叽叽喳喳，声音有些刺耳。婉婉长叹一声，口中不停喃喃：“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这时，见老师们已控制不住现场。 婉婉深吸一口气，紧接着吹起了《百鸟朝凤》。下一秒，舞台上所有声音戛然而止。音乐老师满脸震惊，万万没想到这么小的孩子还有这层天赋。待婉婉放下唢呐，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音乐老师赶忙问道：“婉婉，你音乐天赋这么高，想不想学声乐？有兴趣以后来琴房，我教你。”婉婉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了不了，我没这个福气。老师，你还是去找别人吧。”音乐老师眉头微皱，眼神中带着一丝不解：“你天赋这么好，说不定还能在娱乐圈发展。” 况且你二哥唱歌这么好听，作为妹妹怎么可能会差呢？见此，小胖终于忍不住的大吼道：“老师，婉婉没说谎，她确实没这个福气。以前只要婉婉一开嗓，我们都立马捂耳朵的。”这话一落，婉婉眼睛瞪得圆圆的，小嘴不开心的撅了起来。哼哼，小胖，我不跟你玩了！小胖一脸懵逼，我又咋了？还不允许人家说实话吗？这时，陈鹤锦恰好赶来，结果就看到了气呼呼的婉婉。陈鹤锦见婉婉凶的跟猫似的，顿时扑哧一下笑出了声。婉婉抬头看去。 算是给陈鹤锦一个眼神警告。见此，陈鹤锦秒收住了笑。小男孩只是说了句实话，小女孩却再也不想和他玩了。小胖一脸委屈：“婉婉姐，我保证不再说你唱歌难听。”这话一落，婉婉怒气飙升。陈鹤锦见状，却再一次笑出了声。婉婉泪眼汪汪，咬着嘴唇，凶巴巴道：“小景，你再一次伤害了我，却一笑而过。”陈鹤锦打死不承认：“我真的没有。”婉婉撅着小嘴回应：“你刚刚明明笑了。” 我都看见了。陈赫景低着头，掩饰住了内心那点尴尬。婉婉撅着小嘴训斥：“你可以笑任何人，可我是你小师姐，你得尊重我，不然我多没面子。”陈赫景内心闪过一丝笑意，轻声道：“婉婉，你承认是我小师姐是吧？”婉婉不明所以：“那不必须承认吗？”陈赫景继续道：“那你是不是应该给师弟一个面子？”婉婉不懂，眼神中带着满满的疑惑。见此，陈赫景叹了口气：“我好歹是年级主任，你直接爬我身上，我也很没面子的好吗？” 婉婉不禁看了看自己，然后露出一个招牌式微笑。陈鹤锦没有回应，只是让婉婉跟他去一趟办公室。婉婉乖巧点头。这时，小胖不禁升起一丝愧疚：婉婉被班主任带走了，会不会被揍了、啊？或者会不会又被罚写一千字检讨啊？早知道就不说她唱歌难听了。小女孩只是吹了厕所呢，却震惊整个学校，甚至引来十万人的直播观看。校长顿时傻眼：他们虽然是贵族学校，但应该不至于这么火。可惊讶之后却是惊喜：现在直播这么多人。 明年的招生不用愁了。于是校长想通后大喜，直播爆火是好事，不用管。突然想到了什么，校长继续问道：“搞清楚直播间为什么这么多人了吗？”闻言，工作人员掏出手机道：“我看直播间评论，说是苏雨石在微博发了直播链接。”这话一落，校长心里顿时乐开花，然后继续回座位观看节目。这时，直播间的观众直接在评论区刷屏，而关于婉婉、唢呐的热搜隐约有了爆的字样。 一时间，婉婉的关注度就更高了。不仅如此，各大官方也纷纷转发视频，有的记者还跑到学校采访。而元旦结束那天，婉婉早已回家吃大餐。至于网上的留言，婉婉有点看不懂。只有学校校长知道后，高兴的一塌糊涂。他们联系到了苏爸，想问问苏爸愿不愿意让婉婉接受采访。苏爸犹豫后，还是拒绝了。只是拒绝后，苏爸没有瞒着婉婉，婉婉也并不生气，反而安慰苏爸：“爸爸做的很好，我也不想接受采访。假如记者问我问题，我答不上来怎么办？” 或者万一我说错话被骂也有可能。刹那间，苏爸感动万分，心想我家闺女不漏风了。小女孩仅六岁，却因一次唢呐表演上热搜，见此多方媒体争相采访，岂料却被苏爸分分钟拒绝。可小报记者却不乐意了，还想写文章痛斥婉婉这种行为，结果高高兴兴拿到主编手上时，夸奖不说，还被劈头盖脸骂一顿。苏家人是你想采访就能采访的吗？况且你有权利采访。 人家有权利拒绝。再说，你要是悄悄把这篇文章发出去，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小记者一脸懵逼。平时写写明星小八卦、偷拍明星日常，主编不都没说什么吗？怎么这就不行了？似乎看出小记者的不服气，主编忍不住道：“苏家不一样，你知不知道苏婉婉是谁？那是苏家恨不得把天上星星摘给他的人。”小记者依旧不相信，谁家能这么宠孩子呢？霎时间，主编被自己员工气笑了。我就这么说吧。 只要是苏婉婉想要的，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他爸爸哥哥都在所不惜。见小记者不吱声，主编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总之，苏婉婉的不好一律不准发。要是真想发，必须发点好的。小记者不懂什么才叫好的呢？哎呀，你得夸那小孩漂亮，他就喜欢被人夸。这话一落，小记者心想：这小孩真自恋。可在细看婉婉的面相，确实长得好，小脸白白净净，还有一双卡姿兰的大眼睛，加上肥嘟嘟的小脸蛋。 见着就忍不住想上手捏一捏，甚至很多明星的孩子都没婉婉长得好看。但转念才想到，苏婉婉是徐影后的小女儿。这么想着，小记者一阵后跑，幸好没把通稿发出去，不然别说工作不保，还连累公司。紧接着她就回到工位，洋洋洒洒的写了五千字赞美婉婉。果不其然，没过两天，婉婉就点赞了她的文章。一时间，小记者爆火。小女孩只是吹了厕所呢，却上了七七四十九天的热搜，甚至引起著名音乐家文玉的青睐，并发博说要收婉婉为徒。 可文玉多年未曾收过徒弟，突然这次要收这么小的孩子为徒，顿时间大家都惊讶不已。尤其是文玉从不夸人，这次为了找到婉婉，却洋洋洒,洒洒写了一千字的赞美词。见此，网友们纷纷艾特婉婉，结果一连几天都没人回应，这下让大家着急了，于是纷纷跑到苏雨石的评论区底下。苏雨石也吓得一猛逼，了解完前因后果，才回复了一句：“婉婉正上学呢，周末才能玩手机。”顿时间，网友们突然觉得首富也变得接地气了。而正在被众多网友讨论的婉婉。 却完全不知这些事。他此时正在努力学习，争取期末考试能拿一张奖状回家。毕竟小学可不像幼儿园，每学期都会有好宝宝奖状。婉婉觉得，虽然自己成绩不咋地，但也要做个努力的好宝宝，说不定最后还能混个进步之星。这么想着，婉婉就更加有干劲了。三天后，婉婉等老师收完最后一张卷子，便背着书包飞快跑出了教室。可刚走出学校，婉婉就被一道黑色的阴影挡住了。一抬头，竟然是郭忠。别的孩子放学都按时回家。 可小女孩却被轻松拐走吃大餐。这天，婉婉刚放学就被郭忠拦住了去路。见此，顾方池赶忙护在婉婉前面，恶狠狠道：“你来干什么？”郭忠看着顾方池的眼神，心里多少有些惊讶。不过才不到十岁，那眼神却充满了怒火和阴沉。郭忠明白，顾方池将来绝对比他父亲更加心狠手辣。这么想着，心中最后那一点怨恨，在看见顾方池这一双眼睛时，便瞬间消失殆尽。我和张玉洁离婚了。婉婉一愣，随即才反应过来。 你终于看清楚自己的前途了。郭忠不好意思的解释，是他发现和我过不,不了富太太的生活，便转身找了下家。听到这儿，婉婉忍不住吐槽，怪不得我看你浑身泛着绿光，原来是被绿了。郭忠无言以对。婉婉，你是知道怎么气人的。见郭忠不吱声，婉婉继续道，你现在的结果跟我没关系，你们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们家也不会再为难你。你要是再拦着不让我走，等我爸爸来了，你就完了。郭忠一听，瞬间急了，不不不。 我只是来道歉的。婉婉十分淡定，道歉不必了。听到婉婉拒绝道歉，郭忠更加慌了。毕竟他弟弟可是亲口说了，要是苏婉婉不原谅他，他这辈子都别想回家了。思考半晌，郭忠眼神一亮，只要你肯原谅我，我就请你吃大餐。这话一落，顾方池一脸不可思议，回过头，婉婉已经口水直流三千尺。顾方池不禁大喊一句：婉婉！婉婉瞬间回过神，小池哥哥，我们去吃大餐吧。 顾方池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见此，婉婉秒变可怜巴巴，泪眼汪汪地看着顾方池。好在顾方池理智还在，赶紧道：“婉婉，我们不知道锅中打的什么主意，还是别去了。万一把你卖了，可怎么？”婉婉眨巴着卡姿兰的大眼道：“富贵险中求，要是他真敢这么干，也要问问我七星剑同不同。”紧接着，婉婉昂着小脑袋说：“吧，去哪吃？”男人说要请小女孩吃大餐，可让小女孩没想到的是。 这所谓的大餐竟然全是素菜，婉婉眼神幽怨的看着锅中，你这是耍我玩呢？闻言，锅中一脸尴尬，不不不，这已经是我全部的家当。以前有钱自然是看不上这些，但这两个月他欠了一屁股债，每天能吃饱三餐就谢天谢地了。所以哪怕全是素菜，锅中也吃得津津有味。末了，锅中还不忘道一句，你们俩随意。婉婉无言以对，想直接摔筷子走。就在这时，婉婉的儿童手表开始震动，定睛一看。 才知是爸爸打来的电话，婉婉赶紧接起电话，奶声奶气道：“喂。”不料苏爸在那头几乎咆哮着大吼：“苏婉婉，你跑哪去了？”婉婉看了看四周，他也不知是哪，于是转头问郭中，郭中随口报了一个地址。听到地址，苏爸气到几乎要晕厥：“你怎么跑这么远？”婉婉如实说道：“郭巧巧的爸爸说要请我吃大餐。”苏爸顿时气到心肌梗塞：“你这小吃货，人家叫你去你就去，是不是人家把你卖了？你还开心的给人家数钱呢？”见婉婉不吱声，苏爸放出狠话：“你告诉郭忠。” 他要是敢动你，我苏家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找到他，将他挫骨扬灰。婉婉嗯了两声，看向郭中，大声道：“我爸爸说了，你要是再敢抢我吃的，我爸爸一定将你挫骨扬灰。”这话一落，吓得郭中脸色惨白。而听到婉婉话的老父亲一阵无语。婉婉满意的看着郭中，随后对着老父亲说道：“爸爸，你赶紧过来吧。”“行，你给我等着。”婉婉听到苏爸的话，只觉得皮子一紧，但还是没有听出别的意思。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但还是乖巧点。好的，我等你。说完便自己先挂了电话。 当女孩被男人呵斥，竟然微笑 say sorry。这天苏爸又出差，婉婉只能跟着二哥。可苏雨石还得拍综艺，于是就把婉婉和顾方池带到现场，并千叮万嘱，让助理一定要照顾好两个孩子，才放心去录制节目。苏雨石参加的是一个极限挑战类的节目，在婉婉看来就是狼来了，小兔子快跑的游戏。以至于婉婉看见黑衣人追苏雨石的时候，婉婉十分激动，迈着小短腿一边跑一边给自己二哥加油：“二哥快跑，他来了，他带着飞猫腿跑过来了。” 这模样把一旁的副导看得倒是乐呵，没想到婉婉这小短腿跑这么快，不送去练体育都浪费了。这话一落，导演冷哼：“这么可爱的小孩练什么体育？要我说，进娱乐圈多好，妈妈是影后，哥哥是影帝，爸爸是首富，一出生就是人生赢家。”导演，你要是这么说，那这么乖的孩子就更不应该进娱乐圈这大染缸里。是是是，你说的也在理。紧接着，他看了眼镜头里各个嘉宾的状态，赶忙道：“让嘉宾们休息半小时，半小时后继续。”岂料话音刚落。 突然传来一个粗鲁的男声：“谁让他们休息的？你知不知道一天场地费多少钱？明明一天可以拍完了，为什么非要用两天？”导演一听忍不住道：“可嘉宾们已经跑了三小时了，再不休息怕是要出事。”男人眉头微皱：“我投资你们干什么的？这不行那不行的。”导演顿时无语。实话说，这群嘉宾已经是他带过最和谐的一群人了。想到这儿，导演还是继续劝说让嘉宾休息。王总显然不愿意。总之今晚加班也得拍完。还有这小孩谁家的？怎么在这捣乱？见此。 导演赶忙解释：“婉婉是苏雨石的妹妹，她在旁边不碍事，剪辑时不让她出镜就好。”王总顿时不高兴了：“什么叫不碍事？是我说的话不管用了是吧？行，那我马上把资金撤掉。”导演见形势不对，赶忙把婉婉带过来。婉婉得知自己影响了综艺拍摄，微笑的鞠躬道歉，然后带着顾方池一块儿来到录播室。这波操作下来，反倒让导演心里有点愧疚。男人想让小女孩立马离开，可导演却直接拒绝。 甚至想把小女孩放在花絮中作为看点直播，但人家王总不懂，非说导演别乱来。导演无言以对，只能把婉婉和小池叫到身边，然后给两个孩子一把巧克力。婉婉当即撕开一颗丢进嘴里，嘴里的巧克力甜丝丝的，婉婉开心的露出了招牌式的微笑，小腿也跟着跳起了劲舞。婉婉，好吃吗？闻言，婉婉疯狂点头，不停的向导演发射奶萌信号。见此，导演忍不住又抓了把巧克力给婉婉，结果却被顾方池拒绝了。导演叔叔，婉婉牙齿掉了。 不能吃太多巧克力。导演见着顾方池小大人一般的模样，忍不住调侃道：“没关系，晚晚慢慢吃。”晚晚如葱捣蒜的点点头。导演说的没错，可一旁的顾方池却瞬间皱起了眉。晚晚这个小吃货，一看到喜欢的东西就挪不开眼，却不想自己是换牙的年龄。想到这儿，顾方池陷入了挣扎之中。导演见状，只能把巧克力给了顾方池，道：“那叔叔把糖给你，晚晚每天吃多少由你决定，好吗？”顾方池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于是愉快的点头应付。一个小时后。 顾方池又陷入了阴谋，因为婉婉再次吃完了所有的巧克力。男人明明体力不错，可小女孩却觉得他很菜。这天，苏雨石参加极限挑战类的节目，追他的猎人还是体校特招的。可婉婉却疯狂摇头：“我二哥也太弱了，差一点就被别人追到了。”导演哭笑不得：“苏雨石能逃脱已经很厉害了，结果到了婉婉这却啥也不是。”婉婉奶萌解释：“我二哥以前还要厉害一些，现在身材走样，跑不动了。要是再过几年人老珠黄，怕是没人再喜欢他了。” 顾方池无言，忍不住提醒道：“婉婉，成语不是这么用的。”婉婉一脸惊讶，可小景就是这么教我的。顾方池送婉婉一个白眼，不再辩解。这时，导演忍不住看了一眼苏雨时，身材挺拔，神情俊秀，实在是没看出哪里身材走样。转眼就到了凌晨，导演叫了宵夜，想让嘉宾们先休息下再拍摄。然而王总一听又不高兴什么又要休息？”导演很想发火，但奈何他是金主，只能转身笑脸相迎道。 安全第一，两个小时前才休息的，你们这一休息又要耽搁钱，到时候要花多少钱才行？导演很想回嘴，这时婉婉突然咦了一声，导演忍不住问婉婉怎么了？婉婉指着苏雨石旁边的男人反、啊、问道：“他也是参加综艺的嘉宾吗？”导演点了点头：“是啊，他是你哥哥的搭档，叫周木楠。婉婉一听，哦了一声道：“那好吧，我看他宫口泛红，今天怕是有事要发生了、啊。”导演不知道婉婉的本事，也就没在意，只是揉了揉婉婉的脑袋，等会儿要吃宵夜了。 给你二哥也拿一份过去。婉婉直接拒绝，不用了，我二哥他减肥，我替他吃就行了。导演瞬间呆愣，这当妹妹的可真坑啊！别人都觉得小女孩爱坑哥，可骨子里她却爱惨了哥。这天，导演给嘉宾们买了宵夜，让婉婉给他二哥送一份，谁知婉婉却直接拒绝，我二哥减肥，宵夜我替他吃了。然而没过三秒，婉婉看见汗水湿透全身的二哥，便忍不住朝他飞速狂奔，一双小手还不忘端一杯温热的绿豆汤。喏、no,，二哥。 特意给你留的。见此，苏雨石感动万分，我家妹妹喂，终于懂得心疼二哥了。婉婉冷哼，还有呢，这是导演叔叔给我的巧克力，我专门给你留了三颗，等会儿你要是饿了就悄悄吃一颗。苏雨石鼻子发酸，差点再次哭了出来，呜呜，我这辈子是积了多大的福气，能拥有你这样的神仙妹妹。突然想到了什么，苏雨石赶忙摸摸两孩子的手，见两孩子没有冷到后，才松了一口气。婉婉。 二哥今晚要加班，你和顾方池要是困了，就去休息室睡觉。心想他自己习惯了通宵加班，但两孩子毕竟还在长身体，可不能熬夜。听到这儿，婉婉也有些困了，忍不住吐槽：“你们投资商真不好伺候，明明中途休息效率更高，却让你们拼命跑。”苏雨石见怪不怪，宠溺地摸婉婉头：“我说妹妹喂，你现在可是苏家的团宠，自然是没法体会百姓的疾苦。”婉婉嗨嗨一笑。 那二哥，你快去工作吧，还得给我赚奶粉钱呢。苏雨石错愕：“你个小财迷，我的银行卡可是全都给你了。”婉婉奶萌回应：“难道你忍心让我体会百姓疾苦？”苏雨石疯狂摇头：“当然不。”听到这儿，婉婉开心的往休息室走去。当女孩只是一个转身，可男人却还要送她一个大喷嚏。这天，婉婉正开心的准备去休息室，可二哥却一不小心那切一声，将口水喷洒在婉婉身上。这一刻，婉婉脸色难看，捏紧小拳拳，差点准备动手。 好在苏雨石求生欲望相当强烈，他赶忙陪笑道：“婉婉，二哥错了，二哥不是故意的。”说完又是啊切一声，幸好婉婉躲得及时。苏雨石庆幸这一次没有喷洒到婉婉，可婉婉看着自家二哥，眼里却满是担心。于是他跑到助理小姐姐面前嘱咐道。 我二哥感冒了，麻烦你去附近药店给他买点冲剂喝吧。助理点点头，便赶紧跑了出去。见此，婉婉这才放心的回休息室。只不过在路过另一个休息室时，婉婉脚步一顿，径直朝着一个面容温柔的女人走去。谢婉晴脸色苍白，看见婉婉朝自己走，她强撑着精神问道：“是不是要去找师哥？我带你去。”婉婉摇了摇头：“我要回去睡觉了。”谢婉晴愣了一下：“那我送你去休息室。”婉婉依旧摇头。她看着苍白的谢婉晴，便忍不住问：“姐姐，你最近是不是睡不好？” 谢婉晴脸色一僵，随即点了点头。可能是最近压力比较大，婉婉思考半晌没说话，只是拿出一个小巧可爱的锦鲤锦囊。姐姐，这个送给你。谢婉晴下意识的接过，仔细一看，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做工很精致，看着就让人觉得很舒服。下一秒，谢婉晴精神好了不少，她热情跟婉婉道谢。婉婉摇摇头，不谢不谢，反正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这话一落，谢婉晴满脸疑惑，明明掐算今晚有大事发生。 可小女孩却想着先睡个饱觉。这天晚晚看谢婉晴脸色很差，于是便送她一个锦囊保平安。见此，谢婉晴热情接过，并邀请晚晚吃宵夜。晚晚看了眼顾方池，然后又看了眼谢婉晴，最后还不忘给苏玉石打个电话，才乖巧的点点头。紧接着晚晚飞速发挥出小吃货的本性，看的谢婉晴都瞬间有食欲了。于是她也忍不住喝了口温热的绿豆汤，顿时感觉身上的体力又恢复了一些。因此。 他对婉婉的喜欢又多了几分。这时，婉婉奶萌询问姐姐：“你是不是身体不太好？”闻言，谢婉晴苦笑，也不知咋回事，这几个月精神状态总不好，可能是压力大导致的。婉婉满脸疑惑：“那跟你一块来的哥哥也是压力大？”谢婉晴瞬间呆愣，随即才反应过来，婉婉说的是谁。其实婉婉也不认识那个哥哥，只是觉得他和二哥在一对，感觉体力比二哥还费当时他坐在导播室看屏幕里的大哥哥，就觉得有几分不对劲。按理说，宫口处泛红光。 说明有突发意外，但看见谢婉晴的状态后，婉婉内心疑惑更多了。姐姐，你和那个大哥哥也认识吗？谢婉晴点点头，是啊，我和木南一个公司的，他算是我师弟。婉婉思考半晌，那他精神状态不好，也是因为压力大吗？谢婉晴愣住，我觉得他精神状态挺好的呀。这时顾方池忍不住插话，他脚下虚浮，刚才我在导播室屏幕里看到他好几次精神恍惚，下台阶时也踩空过好几次。这话一落。 谢婉晴彻底懵逼了，她隐约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但是又说不上来。这时导演让着嘉宾就位，谢婉晴和婉婉打过招呼便离开了。待人走后，顾方池面无表情道：“婉婉，是不是有问题？”婉婉点点头。婉晴姐姐和木南哥哥身上都冒着红光，状态也有点诡异，今晚大概率要出事。说着，婉婉掐指小算，不好，是大凶之兆。闻言，顾方池眼里不禁泛起担忧：“那你二哥没事儿吧？”婉婉疯狂摇头：“没事没事，我二哥看起来傻傻的，干啥啥不行，但要是遇到危险……” 他肯定不是第一个受伤的。今晚的大凶在木南哥哥身上，只是他若是出事了，肯定会影响综艺的气运。顾方池真诚发问：“那我们是不是先不睡觉了？”婉婉一听，顿时打了个哈欠：“不不不，觉肯定是要睡的呀，还要睡饱了，一会儿才有精神干。”闻言，顾方池瞬间呆愣，心想：“婉婉真牛逼，这情况还能睡得着？”男人明明差点累得要晕倒，可却不敢开口喊停。这天，嘉宾们已连续跑了五个小时，就连苏雨石都有些吃不消。而导演看着疲惫不堪的大家。 心疼的准备喊休息，可刚准备开口，却再一次被王总拦下，坚持住，再跑一个小时就休息。导演顿时无话可说，心想这年头没钱就是憋屈。这时苏雨石看着周木南已连续摔了好几次，全身都在发抖，冷汗哗哗直流。苏雨石终于忍不住问周木南：“你是不是不舒服？”周木南一听，赶紧摇了摇头，心里却想着自己毕竟是新人，累了哪敢喊休息？他只能顿了顿，可能是最近没睡好。 缓一会儿就行。苏玉石看着周木南的脸色，欲言又止。他不像婉婉一样能看相，略微的皮毛只能让他感觉不对劲。只是现在还在综艺拍摄，他也不好开口。仿佛突然想到了什么，苏玉石从口袋掏出一颗巧克力，周木南顿时呆愣。见此，苏玉石脸上顿时扬起一丝骄傲：“我妹妹刚给我的，怕我饿着。”周木南立马想起婉婉那可爱的小模样，于是微笑着道谢。 说完，立马把巧克力塞进了嘴里，齁甜的味道滑入口腔。周木南顿感眼前明朗了不少。紧接着，苏雨石再一次掏出一个锦囊，这是平安符，你带上吧。他总觉得周木南状态不太对，为了安全起见，还是送一张平安符保命。周木南受宠若惊的接过平安符，感动的说谢谢。心想网上都说苏雨石脾气很差，相处下来才发现和网上说的完全相反。谁知下一秒，苏雨石摆摆手，不用谢，我要收钱的。周木南瞬间觉得自己白感动了。而苏雨石看着周木南三观尽毁的样子。 去道，我又没让你现在给我，你要是没用，这平安符就算我送你要是我平安符救你一命，九百九十九一张，一分钱都不能少。周木南一听，会错了意思，赶紧道，我现在就转钱给你。苏雨石扑哧一笑，逗你玩呢。明明小女孩正做梦吃鸡腿，可下一秒却被男人啪啪拍醒。原来这天苏雨石和周木南参加综艺时，周木南突然脚步一重，眼前瞬间昏暗一片，幸好苏雨石发现及时，千钧一发之际，苏雨石躺在地上当肉垫。 周木楠直接倒在他身上，疼得他下意识地叫出了声，这可把录播室内的导演吓坏了。他赶忙呼叫医生，说完便直奔现场。眼见苏雨石也被吓住，导演赶忙喊了喊周木楠，可不论怎么喊都没反应。要不是摸着还有气儿，导演估计都要被吓死了。这时医生来了，一阵急救后，医生直摇头：“救护车什么时候来？他心脏已经骤停了。”这话一落，吓得导演脸色惨白，心想救护车离节目组还有很远的距离，一时半会儿来不了。突然，苏雨石噌地站了起来，把导演吓得一哆嗦。 他慌忙问道：“怎么了？”苏雨石眼神激动，我知道谁有办法。说完，他快速直奔休息室方向。导演满脸疑惑，他往休息室方向去干嘛？休息室不是只有两个小屁孩在睡觉吗？眼见晚晚睡得正香，梦中啃着大鸡腿，苏雨石不管三七二十一，将晚晚叫醒，口中不停喃喃：“周木南刚才倒地不起，医生说心脏停了。”晚晚一听，瞬间清醒过来：“二哥，把我银针带上，很快。” 他就带着婉婉来到周木南身边，时间仅过去几分钟，周木南脸色更加苍白。婉婉立马从苏雨石身上跳下，她看着周木南，脸色秒变严肃。在导演还没反应过来时，婉婉直接掏出银针，快速朝周木南扎去。很快，周木南的脸色慢慢红润起来。紧接着，婉婉一顿操作，动作很快，看起来是随意一扎，但周木南却慢慢苏醒。导演忍不住惊呼：“这也太神奇了吧！”婉婉哈哈一笑：“小意思，导演叔叔，你淡定啊。”男人给小女孩削苹果。 竟然削到只剩苹果核，婉婉给苏雨石满脸自豪。婉婉眨巴着卡姿兰的大眼，忍不住道：“你就给我吃这个。”苏雨石不明所以，有哪里不对吗？婉婉不知如何回应，她只能委屈的看看顾方池。顾方池秒懂，分分钟递过来一个白净的苹果给婉婉吃。一瞬间，苏雨石眼神秒变犀利。婉婉，这可是二哥辛苦为你削的。闻言，顾方池也不甘示弱：“我的苹果好看，婉婉先吃我的。” 一时间，婉婉陷入沉思，心想二哥这样跟三岁没区别。下一秒，他还是接过顾方池的苹果，咔咔吃了起来。见此，苏雨石不高兴了：“婉婉，你知不知道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婉婉冷哼：“二哥，你想想，哪有给人吃苹果喝的？你再逼我吃，我就跟爸爸告状，信不信爸爸能打到你屁股开花？”这话一落，气得苏雨石火冒三丈：“婉婉，你这就不讲义气了呗？你想想这么做合适吗？二哥可是把所有银行卡都给你，你就这么报答二哥的吗？” 婉婉思考半晌，道：“二哥，我给你算过，你这辈子都会打光棍。你说你赚的钱不给我，你想给谁？”苏雨石不甘示弱，噼里啪啦说着 A B C，极度想证明自己是有女朋友的。结果不到一秒就被婉婉戳破，就谈了三小时，你就被分手了，这也叫有女朋友？二哥，你是来搞笑的吗？”苏雨石被怼得哑口无语。最后励志一定会找到女朋友。婉婉哈哈一笑：“行啊，那我等着，别让我等到花都谢了就行。”闻言，苏雨石送上一个白眼。 心想自己怎么就摊上这么一个坑哥的妹妹？男人随手接的一个锦囊，没想到竟救了自己一命。这天周木南突然晕倒，幸好婉婉救治及时，送到医院检查已无大碍。周木南也渐渐恢复了些元气，但此时他心里七上八下。他小心翼翼的：“抱歉导演，综艺的事情。”闻言导演摆摆手：“没事儿，身体最重要。只不过以后不舒服别逞强。你看刚刚多危险，要不是婉婉出手，今天你小命就不保了。不仅人没了，连综艺也跟着完蛋了。” 只不过现在情况也不乐观。王志听说剧组差点闹出人命，连夜把资金撤走了。虽然导演没有怪周木楠，但他还是愧疚的道着歉。导演摇了摇头，疑惑道：“你怎么会突然晕倒？”周木楠一脸懵逼：“我也不知道。录节目时有点精神欠佳，但吃了石哥给的一颗巧克力，精神明显好了不少。可谁知刚跑几步，就觉得心脏很疼。而且……”周木楠顿了顿，没有继续往下说。婉婉赶忙继续追问：“而且什么？”周木楠摇摇头，不吱声。婉婉也不意外。 直接抢答道：“你是不是晕倒之前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周木南轻声道：“没，只是晕倒前感觉面前有堵墙，又似乎有什么东西缠绕着我。我有意识，能听见大家说话，可就是发不出声。”紧接着，周木南苦笑：“也可能是我的幻觉。”闻言，婉婉秒变严肃：“不是的，不是你的错觉，这是真的，你的感受没有错。”周木南顿时呆愣：“你说神？” 什么？婉婉继续解释，你的感受没有错，的确是有东西缠着你，缠着你的不是你想的脏东西，而是死气。周木南依旧充满疑惑，死气。婉婉默默的点点头，眨巴着卡兹兰的大眼道：“你看看你口袋的锦囊。”周木南乖巧照做，果真锦囊里的黄符已然成灰烬。见此，周木南瞬间脊背发凉。婉婉奶萌解释：“是我二哥的锦囊在关键时刻救了你，而我的银针彻底吊住了你的命。只不过想要解决你的事儿，必须先找到原因。”婉婉还想继续说什么。 却被导演的手机铃声打断。导演接通电话，脸色秒变阴沉，声音有些颤抖道：“你说什么？谢婉晴要跳楼？”男人只是接了个电话，静下的脸色惨白：“你说什么？谢婉晴要跳楼？”闻言，婉婉基本没有任何思考道：“在哪？”导演看了婉婉一眼，棕色的眸光中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他顿了顿，在酒店顶楼，消防员已经过去了。婉婉点点头：“二哥，快带我去，晚了就来不及了。”苏雨石连忙点点头，很快就将婉婉放在安全椅上，自己系好安全带。 就猛踩油门，像箭一样冲了出去。路上，苏雨石忍不住问婉婉：“谢婉晴和周慕南突然出事，是不是中邪了？”婉婉点了点头，可以这么说。不过谢婉晴的状况没周慕南严重。昨天我还给她平安符来着，估计现在没用了。我们得赶紧，不然谢婉晴就真的完蛋。了。闻言，苏雨石将油门踩死，再一次加快了速度。不到一刻钟，就来到了附近的五星级酒店。这时已聚集了很多群众，消防员正在制安全气囊。 只不过谢婉晴的情况有些岌岌可危，不到短短三小时，她全身都被黑气笼罩。不等婉婉想怎么救谢婉晴，就听见一老太太嘀咕道：“这都站了快半小时了，怎么还不跳啊？”于是有人附和道：“对呀、啊，要跳赶紧的，不要浪费警力资源。”婉婉顿时无语，她不可思议的看着这群人，别人都要跳楼了，没同情心不说，反而在这儿阴阳怪气的说风凉话。婉婉眼眸一暗，眨了眨眼道：“你们不要幸灾乐祸，说不定下一个就是你们呢。”老太太脸色惨白，吓得她颤巍巍道：“你谁家的孩子？” 不等婉婉回应，突然有人大喊：“快看，她跳了！”明明小女孩是去救人，没想到竟被一脚踹下楼。这天谢婉晴中邪要跳楼，还没等婉婉想好要怎么救她，她便一股脑的跳下。婉婉瞳孔一缩，大喊不要！紧接着没有任何犹豫，直接跑了过去，一边跑一边念咒：“菠萝菠萝蜜，射。伴随着群众的尖叫声，婉婉再次加快了速度。突然传来一声：“哎呀，好险！”这姑娘有什么想不开的呀？竟然还真跳！幸好掉在了中间层，不然小命就不保。这时谢婉晴清醒过来。 看到干傻事的自己，顿时冷汗布满全身。见此，婉婉暂时松了口气，但她没有停止跑的速度，因为她知道在迟谢婉晴就完蛋了。于是她用尽最快的速度朝楼上跑去。不到一刻钟，婉婉就到了谢婉晴跌落的位置。婉婉累得气喘吁吁地喘着粗气。这时，消防员也注意到了婉婉：“小妹妹，你认识这个姐姐吗？”婉婉奶萌点点头：“我认识。”消防员大喜：“小朋友，你跟你姐姐说站那别动，哥哥们一定会救下她，好吗？因为你姐姐都不搭理我们，跟她说话完全没反应。” 婉婉思考半晌，毕竟她现在已经不是谢婉晴了。这时，婉婉突然道：“菠萝菠萝蜜。”射一边说着，一边手中掐诀。消防员正准备说什么，就听见小家伙喊了声：“婉晴姐姐！”谢婉晴侧过头，见婉婉正朝她打招呼，突然眼眶一红，又惊又喜。婉婉，婉婉点点头：“是我，你认真听我说，我怀疑你中毒，我的法诀只能支撑你三分钟的清醒时间，一会儿你一定要尽量控制自己，我会来救你的。”紧接着，婉婉掏出工作证小本本，严肃道。 消防叔叔，我是天师会顾问，天师会会长是我师弟。等我把人救下再说，不然时间来不及了。说着，婉婉慢慢靠近谢婉晴。可就在这时，谢婉晴突然露出一抹阴冷的笑，她静静地看着婉婉，然后伸出一双手。婉婉反应很快，瞬间躲过谢婉晴的魔掌。见此，苏雨石怒气发飙，大骂道：“谢婉晴，你是不是有病？”婉婉劝二哥淡定：“你是不是傻？不知道现在说啥他都听不见吗？” 二哥顿时闭了嘴，见此，婉婉转头和谢婉晴四目相对，婉婉心里涌起一丝不好的预感。果然，谢婉晴再次阴狠一笑，下一秒，谢婉晴踹了她一脚，婉婉不意外的掉落，吓得苏雨石顿时慌了神，口中不停的喊着婉婉婉婉。小女孩从十八层的高楼掉落，竟然毫发无损。这天，谢婉晴中邪后闹着要跳楼，婉婉好心救她，却被她无情踹下楼。这波操作可把苏雨石吓坏了，他哭天喊地的叫婉婉，而婉婉完好无损的站在楼顶。 嘴角不禁露出一丝匪夷的笑，见此，消防员满脸惊讶，这才想起婉婉之前说的话。叔叔，我是天师会的高级顾问。这时，婉婉奶萌问道：“叔叔，我二哥去哪了？”消防员嗨嗨一笑，苏先生有点吓到了，这会儿脚软走不动路。婉婉哦了一声，果然看见了自己二哥。苏雨时见婉婉没事，再一次哇的哭出了声。婉婉，你这也太吓人了，二哥心脏病差点要被你吓出来了。婉婉奶萌安慰：“我这不好好的么？只不过谢婉晴要替他。” 他自己条件反射地抱住了屁股，结果光顾着屁股，自己就掉下来了。见二哥依旧止不住的哭声，婉婉赶紧拍了拍二哥：“你忘记我会武功的事情吗？”那二哥也经不住你这么吓。婉婉抱着二哥继续道：“我错了，下不为例。”那你怎么安全着地的？婉婉哈哈一笑：“当然是三百六十度完美落地了。”见此，婉婉暗自庆幸，还好走的时候没有带上小池哥哥，不然两个人一起哭鼻子的话，怎么哄得过来？这时苏雨石说要带婉婉去医院。 毕竟从高楼掉下，无论如何也得做个全身检查。于是直接走了绿色通道。很快，苏燕青接到报案，也过来了解情况。起初还不知是自家妹妹，结果一看录口供的竟然是婉婉，吓得苏燕青两眼瞳孔地震。